皇帝洋洋洒洒写了几百字的申斥，盖章敲印，通报了内阁吏部，说是这姓梁的干活不积极，别忘了给他记上一笔，再有这种情况就直接罚俸。不出十日，这份申斥便由风尘仆仆的尚武送到了梁大人手上。不过在梁大人接手之前，尚武先要把申斥大声宣读一遍。梁大人被皇帝当着府台衙门大小官员的面骂成了狗，射死当场，心上任的三把火瞬间就凉透了。 同时，皇帝还给了梁大人一个新任务，就是督察整个东南沿海地区高速路的建设，计划五年内完成任务，不然梁巡抚就得凉。规划草图和各种配套资源之后就会送到他手上。江南冬季霜冻并不重，所以这事儿秋收之后，皇帝觉得就可以着手办了。皇帝还说，再让他知道某些人造路不积极之类的事儿，就别怪他不念君臣之情。老实说，这差事比被骂成狗还要惨。东南沿海多少府县？ 也不是全在浙江巡抚治下，很多都牵扯到江苏府台。好了，这下还得去跟江苏府台扯皮。时间才给了五年，梁大人只觉脑瓜子都要裂了。他见上午正要走，便死活拉住人家：“公公，您能不能给本官指条明路？本官这是得罪了哪一个了？大人，您办差没办好，自然是得罪皇上了呀，还能得罪哪个？”上午的回答倒也没啥问题，不过就是回答了个寂寞。梁大人死命的往上午怀里塞了包银子，上午这才小声说道：“大人。” 以后跟关大人就好好说话嘛，小的还得赶回去当差，就先走一步了。说完便带着人走了。关大人，梁巡抚转头问幕僚是哪个？不要告诉我是关木亲。这修路搭桥的事儿，前阵子关木亲的确来说过，可不是被他训斥了几句就走了吗？他不是一个县令吗？不可能告御状吧？他忽然想起那日曹大人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来，于是便跑去了布政使司。 堵住了曹大人，非要他说说关木清到底是谁。您真的不知道？曹大人其实也挺惊讶，这人怎么能来做盲官呢？这两江地区，谁是皇上的最爱都不知道，还怎么混啊？真的不知道。您也知道，我才从宣府来，从没下过江南，怎么可能知道这么多？您在浙江任上那么久，就跟晚辈我说说吧。梁巡抚现在有求于人，只能拉下脸面跟曹大人示好。钟永伯，您不会没听说过吧？ 还有咱们大干唯一的一位甘德夫人，您总不会不知道吧？曹大人惊讶道：“知道啊。”梁巡抚点头。可他们不是在扬州吗？也不姓关啊？钟永伯家不是姓徐吗？这事儿他倒是知道得清楚。曹大人叹了声：“啊呀，小老弟呀。”然后才接着说：“可他们家被皇上赐婚的准女婿姓关啊？啊？不会是关木清的关吧？”梁巡抚觉得自己后背发凉。还能有谁？你以为？ 老夫手里几千几万两的白银是怎么没的？还不是因为惹不起那群人。你知道这关木清还有什么身份吗？曹大人故作神秘的说道。您别吓我，没吓你，我好好说。他还是太子侍读，虽说是侍读，但是差不多也算半个拜把子兄弟吧。对了，另外郑国将军府的夫人也姓关，是关木清的亲姐姐。所以现在梁大人明白自己多少还是鲁莽了一点点吧？曹大人说完，便身子往后一仰。 静静地欣赏着梁巡抚那赤橙黄绿青蓝紫依次闪过的脸色，你你怎么不早说？梁巡抚抬起五颜六色、表情扭曲的脸，问曹大人。曹大人冷笑一声：“我来得及吗？您可别忘了，我那日去的时候，您可是已经骂完了官县令的。再说，你也没问我他是谁呀、啊。”初涉浙江官场的梁巡抚，才干了不到一个月，就体会到了经济发达地区人情的冷漠。 他抱住了瑟瑟发抖的自己，立刻亲自带队去了趟宁海，邀请了关木清莅临指导风化县的修路工作。原本哭穷最拿手的风化县令见巡抚亲自来了，脸色看着也不怎么好，当下就说自己算错了，县衙账上的确还有一笔钱，负责一半的修路费用倒是够的。徭毅的话，秋收之后也能马上征集起来，一定不会耽误事儿的。梁巡抚忙问关木清：“这事儿您老满意不满意？”关木清微笑道：“倒是麻烦梁巡抚了。” 其实这本也不是我的志下，我也算是僭越。僭越什么？梁巡抚忙扬怒道：“要不是关县令你提出问题，咱们这大干的建设差点被风化县的这区给耽误了。这不是僭越，这是谏言。你这谏言相当好，以后一定要给本官多多提提意见，千万不要再去告状了，大哥，求你了。<laughs> ”关木清见梁巡抚欲言又止，便也很给面子的接口道：“那以后下官还会叨扰您的，还请大人不要嫌下官烦人才是。不烦不烦。<laughs> ” 尽管来，我这衙门就是为你们这样的尽心尽责的基层官员开的，时刻欢迎你来提意见。关木清一叠声的不敢当，说一会儿回宁海，他请客去无名酒楼吃饭喝酒，也算是为梁巡抚接风了。两人就这么勾肩搭背的走了，留下风华县令留在风中啜泣。好倒霉呀、啊，真的好倒霉呀、啊！到底为什么要跟宁海做邻居？百姓骂他废物就算了，现在上峰又来吓人，骗他的钱，这县令算了，还是得做下去的。来人，写个招贴。 秋收过后，征了徭役，准备修路。大人，那工钱隔壁宁海可是给十五文的，咱们怎么跟宁海比？拿什么比？管饭得了，给什么工钱？风华县令简直要气冒烟。大人，您说宁海县令会不会管咱们征徭役不给钱的事儿？风华县令怒了，我风华县的事儿管他口吐芬芳，给给给给十文一天。口吐芬芳，真是倒霉，今年又少捞一大笔。 要不是因为完全干不过关木卿风华县令现在就想咬那关木卿一口。半月之后公布的规划通过了审核认证和备案，很快就发放到了梁巡抚手中。为了配合高速路建设，蓝云记还专门设立了项目部，对接各县投资事宜。梁巡抚也不敢怠慢，在收到规划的第一时间就把各地任务全部摊派了下去，并且规定了时间，谁 T N D 敢耽误高速路的贯通，谁就直接把乌纱帽给留在巡抚衙门。 另外，在关木卿的建议下，府台还专门抽调了人手，跟蓝云记似的，成立了项目部，专人专管。大干潮就这么莫名其妙的开始实施起了网格化管理。而北境那里，镇北王也已经上报到京城，说是材料、徭役皆已准备妥当，边墙的延伸工程已于近日开工建设。大干的基建在从上至下高度一致的建设热情中遍地开花，很是一幅只戴旧帽换新颜的蓬勃之姿。可惜静怡郡主那儿。 却有点蔫儿了，不为别的，只为这收上来的新品种粮食，多少有点不尽如人意。春鸭不是奶打击你，你瞧瞧这东西上稀稀拉拉的籽儿，老实说还没奶的芽多。你要说是晒干了当柴烧，倒还比当粮食来的靠谱些。可咱们家也不缺柴呀，你婶子他们做纸浆剩下的树干子，那是用都用不完。蔡氏和徐老汉今天是听说了春鸭新粮食采收，才特地赶来瞧瞧的，没想这一瞧，瞧的全是寂寞。是啊。 徐老汉指着地上的羊粪蛋子说：“这什么土豆也太小了，哪怕可以煮了当粮食吃，可像你大表哥这样的胃口，吃上一亩地估计也吃不饱。”外公，你也高看我了，我吃一期够了。也不知道为啥，虽然这个新品种的粮食产量很差，但是康平之一点没觉得难过，反而有种隐秘的快乐。倒也不是他想看春丫的好戏，只是，只是，算了，没错，他就是看到春丫挠头，觉得有点高兴。 康大表哥终于在郡主大人终日的摧残下，心理扭曲了。此时被提溜过来的三个吕宋人，心情很是忐忑。他们一边继续在地里扒拉，一边泪流满面。怎么会这样？我们明明就是按照以前的方法种的呀！这这不会杀了他们吧？方法是以前的方法，土地却不是以前的土地，气温也不对，肥料可能也不同。没事儿，起码咱们种出来了。春丫这会儿想起了，他们当初取番薯种的时候，是去闽南取的，人家那会儿已经种了几年了。 估计也是经过几番的改良筛选才种出来的，所以是他想简单了。其实这种庄稼，哪怕就隔了个山头，也许种出来的东西就不同了。他在地上扒拉了两下刚起出来的土豆，选出两个略大一些的，说：“瞧，这两个就还行。咱们还是得从选种育种、铺料施肥开始慢慢来。这些大的咱们都挑了回去，晚上我给大伙做好吃的。不过吐槽归吐槽，帮忙还是要帮的。” 徐老汉见春丫这么没心没肺，选了略大一点点的土豆就要拿回家吃，便直接张罗着让他住手，大的留着育种，小的才能拿回去，也算是废物利用。当然，玉米也是一根棒子上，但凡超过十粒玉米的都得留下做种，不然徐老汉都怕明年不够种。春丫没办法，只能带着发育不良、品相破败的收成回了扬州，准备接受来自群众的嘲讽。不过这会儿俩最闹腾的人被关进府学考试去了，所以徐家的群众们倒也没怎么笑这粮食。 孩子们都让春丫节哀，起码那土豆叶子能喂猪，玉米杆子能烧火，不是？徐达甚至还怕春丫因为遭受了打击而放弃种植新粮，还在百忙之中抽了空亲自下厨给大伙煮玉米吃，还炒了盆春丫要求的孜然迷你小土豆。爵爷，咱们这玉米是成汤还是成杆子？这潦草的新鲜事物把丹姑娘给整不会了。可，当然是成玉米棒子了，你瞧，上头不是有一颗颗玉米吗？咱们吃的就是这个。徐达多少有点尴尬的。 单姑娘是很善解人意的一个人，立刻表示是自己见识太少，而不是郡主种的粮食太过愁人。煮好的玉米棒子端上桌，忍了很久的张大夫终于忍不住笑喷了，惹得宝珠也跟着咯咯咯咯咯咯咯笑了起来。哈哈哈,哈！春丫这个人笑点低，见他娘笑得直抹泪，便也忍不住了，边笑还边解释：笑啥呀？这不是第一次种吗？好的都被爷爷扣在配风了，大伙儿凑合着尝个味得了。八粒，一个棒子上八粒，我天，真的！ 这棒子，他都对不起你，来来回回配风换掉的那些马蹄铁。娘不是打击你哈，娘只是见识少。张大夫说完，还是憋不住自己的笑意。他真的见识少，两辈子都没见过这么磕碜的玉米棒子。不过徐达跟春丫是一伙的，他立刻为春丫开脱。张大夫你，你这个属于幸灾乐祸呀。不过既然一根棒子只结了八粒果，那就属于集精华于一身了，说不定味道好呢。来来来，都别客气，尝尝，都尝尝。 夸不出什么来的，徐磊和佛宝佑赶忙说是，然后拿了玉米棒子就挑着玉米粒儿咬。几个小的也视死如归的拿起了玉米棒子，把玉米粒儿掐了下来，放进嘴里嚼吧。春丫姐，这玩意儿是不是得吐皮？徐敏又嚼吧了两下，生咽下去可能有点拉嗓子。春丫不明所以的也拿起一根棒子，咬下了三颗玉米粒儿。不用啊，这个嗯，怎么是这样的？他看向张大夫，不甜就算了，居然还不糯，不糯便罢了，皮胆敢如此之厚。 皮厚粉粗，什么玩意儿啊？可能就是水土不服吧。春丫，你这个改良的道路任重而道远啊。张大夫也不能说是品种问题，所以也只能这么鼓励女儿了。正当众人皱眉吃着残疾玉米之时，道玄掐着饭点就来了。经过张大夫的一番调养，这人吃胖的二十来斤肉，好歹是下去了一大半，如今看着人也不肿了，精神头更胜往昔。见徐达招呼他来坐，道玄也一点不客气，直接坐上了桌，然后问道：这啥呀？ 煮大木头棒子啊，玉米呀，您带回来的，尝尝呗。春丫说完，递了个玉米棒子给道玄。道玄一脸懵圈的看着手上被塞的玉米，这是我带来的，这不一样啊，我见过呀，上头这米粒儿不该是密密麻麻的吗？说完，他还朝桌上瞧了两眼，然后被一盘土豆给吸引了。你可别告诉我，这是那什么土豆啊？我带回来的，可有春丫头那么大呀？你们种出来的是啥？是屎壳郎吗？我身上搓下来的牛。 那您到底也是夸张了些吧？春丫听着师傅恶心人，马上打断他，跟我头这般大的是芋头吧？这个，嗯，人到了新的地方会水土不服，这个、粮食也会吗？咱们慢慢来，说不定过个两三年的，这种就好了呢。嘿，行吧，你爱咋折腾就咋折腾，反正折腾的又不是我。道玄说着话，咬了两粒玉米粒，嚼吧了两下，就呵呵笑了。啥呀？这是皮厚里子糙，真是难得有这么难吃的粮食。 道玄说完，还意犹未尽地把棒子上剩下的几颗玉米粒给扒拉了下来，扔给了桌底下绕圈的大金。大金闻了闻，打了俩喷嚏，跑了。嘿嘿嘿，狗都不吃。道玄也不知道自己在幸灾乐祸点啥。四头怕春丫下不来台，忙说：“这玉米味道虽说一般，但若是磨了粉，做了面食，肯定也能吃。圣人说得好，有粮不应挑好坏，填饱肚子才要紧。”徐雷忙点头：“是是是，还是四头最聪明。” 下回咱们就给这玉米磨了粉，做了点心吃。对，还能磨浆，做一耳巴吃。春丫倒是丝毫没啥心理负担，种失败了怕啥？继续再干呗。人生中的成功都是偶然，失败才是必然嘛。不用为了这些小事儿不开心嘛，毕竟有钱，爱咋折腾咋折腾呗。其余人等瞧着春丫还是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便也放下心来，开始吃饭。别说这土豆看着比个指甲盖大不了多少。 但是徐达这曾经的厨子做的还是不错的，就是想要吃出味儿来，还是得用勺对着吃。反正这粮食别管好赖吧，最终大伙还是都给吃完了。次日一早，单姑娘便按照春丫的吩咐，把玉米浆做的燕儿粑给送上了餐桌。众人一吃，嘿呀，好吃啊，比昨天煮着吃好吃多了。张大夫瞧着这燕儿粑就知道下了狠料了，便找了单姑娘来问这个是怎么做的呀？结果一听，里头是加了早晨才买的新鲜牛乳，还有蜂蜜。 糯米粉，再把玉米粒儿磨了浆，填回玉米叶里，蒸上一刻，便得了这玉米粑了、啊。张大夫反正见着这玉米就想笑，这是老虎肉做了咸菜的配菜呀，好吃是好吃，不过还挺费劲儿。就是这玉米吧可能三年五年的还到不了百姓的餐桌上。说完，又想起那先天斑秃的玉米来，憋着笑就走了。别说春丫这玉米种的成功不成功吧，逗乐肯定挺能逗乐的，也算不亏吧。 不过春丫本人却一点都不嫌弃这玉米，她让单姑娘把厨房剩下的玉米和土豆都给她装了，她这就带着这些玩意儿去趟宁海，跟关关分享下她丰收的喜悦。我带来这么多玉米，怎么就剩这么一小篮了？春丫看着单姑娘手上拎着的一篮子玉米问。单姑娘老实回答：“回郡主，早上做那个玉米粑，用掉了两箩筐。”说完，她还指了指院里堆放在一起的空棒子，那边那些都是拆下来的棒骨。 一听就明白的春丫，铿锵有力地朝单姑娘说了声“辛苦你了”，然后转身走了。边走还边嘀咕：“什么情况？寻州这胃口吓死人啊！怎么啥时候都能看到他在吃？难道是石金失散多年的大哥？可惜石金吃不到头茬玉米了。石金不用，别可惜，您这样的玉米棒子，我吃三亩地，说不定还吃不饱。”春丫因为来来回回宁海已经成了常态，所以这回说是去给关木青带去他丰收的喜悦，家里头也没人会多管。 佛保佑，就让他自己路上小心些。张家旺和徐欣考一共三场，这会儿再有个两场就结束了，让他算好了时间，下回跟关木清一起回来，给张家旺和徐欣再打打气，传授传授会试的经验。虽然春丫觉得自家弟弟不用啥进京赶考的经验，毕竟他也做过一阵子的京城纨绔，不过也满口应了嫂子，说回来的时候一定把关木清带回来。春丫赶路两日，在玉米坏掉之前赶到了宁海。 其实他倒也不是非得让关木青吃着辣力的玉米棒子和眼珠子大小的土豆，主要他们俩都说好了，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挫折或者成功，都要分享一下。成功了，一起笑一笑；遇到挫折了，就一起吐槽吐槽。有商有量，遇事不慌。当下牙的关木青看到春丫递到他跟前的玉米棒子的时候，他也绷不住笑出了声，可嘴上却还说着：“挺好啊，就是稍微稀疏了一点点。”被春丫呸了他一句虚伪。 不过关木青还是很给面子的，把煮熟的一篮子玉米棒子都给啃了，并且给予了最高的评价，能吃饱。当然，对于碾成泥、淋了汁的土豆，关木青的评价倒是好吃。可惜剥土豆皮差点剥成对眼的春丫，发誓在土豆没长大一个拳头那么大之前，绝对不会再做土豆泥这种东西了。道德宁海的春丫其实也还挺忙的，四医馆的学业他要问问，然后各种的生意他也得瞧瞧，就这么忙忙叨叨了几日。 关木清好不容易腾挪出了几日空闲，正准备跟春丫回扬州呢，却听高童来报，说是建安侯和王巡回来了。春丫那叫一个激动啊，拎起裙子就往卫所跑。此时的关木清早已深知老徐家对关于琉球的一切都有着迷之热情，所以春丫一说要去探听消息，他便也拔腿跟着去了。两人到的卫所，见到了已经长成了野人的王巡和建安侯，四人热情地互相问候了一番。建安侯才问：“我家姨娘怎么样？生了个啥？生个人？生了个啥？” 春丫虽然腹诽不已，但回答还是得老实回答。恭喜侯爷，梅姨娘给您生了个白白胖胖的小公子，现在正在扬州休养呢。侯爷放心，我娘会照看好梅姨娘的。不过您现在能说说这琉球目前是个什么情况吗？春丫也是个急性子，虽然知道收复琉球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但是还是很想知道细节。说到琉球，建安侯就来劲儿了，连自己多了个儿子的事儿都抛到了脑后。他一拍旁边的茶几，就激动地说了起来：“要说咱们真是运气不错。” 这琉球岛算是咱们大干最大的一个外岛，只是之前疏于管理，被别人钻了空子。这回听说倭寇和弗朗基干架，干的是人脑袋打成狗脑袋，我就带着王巡想溜达过去瞧瞧，看有没有什么可乘之机，把这地方给收回来。没想到还真被咱们守到了机会。王巡接着说：“咱们就趁着弗朗基人供应不上军火的空档，打了他们个措手不及，也就半个多月的时间，把人都赶走了。其实咱们本来只想派了一队驻兵。” 先守着岛，后头到底怎么办？得回来再商议。没想京城突然来了消息，说要建府，皇上还派了文臣武将上岛，说是还要在琉球筹办卫所，连带着巡抚、知府、监察、督办、指挥使来了浩浩荡荡几大船的人，可把咱们吓了一跳。是啊，建安侯点头。这会儿岛上的府衙已经开衙了，卫所人还不算多，就两千来人。不过听白巡抚的意思，准备在当地招些原住民进卫所。不过这事儿咱们也管不上了。卫所的人员武器到位之后。 咱们就把守卫任务都交接给了白巡抚和新到的指挥使，然后就撤回来了。好，春丫拍案而起，老侯爷、王巡大哥，你们为收复我大干宝岛立下了汗马功劳，别的忙我也帮不上啥，但是好酒好菜还是有的。晚上我请大家吃肉喝酒，聊表我的心意。被春丫的一声“好”吓得茶杯差点脱手的建安侯，看着眼前豪情万丈的女孩，有些搞不清状况。他小声问关木清：“郡主对琉球是有什么心结吗？不然怎么会这么激动？”那不过只是一个大干的小岛。 且也不是在他们手里搞丢的，这会儿收复了，也不过是捎带手。感觉这战功也就一般吧，皇上也只是书面表扬了一下下而已，连个赏银都没给撒。春丫听了一耳朵，立刻表示：呵呵，能有啥心结？咱们大干的土地一分一毫可都不能少，因为咱们不知道那地方能长出什么好吃的来。哈哈哈！建安侯爽朗笑道：“郡主这个思路，老夫也是第一次听说，不过也觉得很有道理。行，那老夫就成了郡主的情，待我把手头的事儿整理一下。” 再去赴了郡主的宴席，而王巡则说自己得先回一趟海风阁。他是听说梅姨娘去了扬州，那自家媳妇就应该在宁海了。这一去几个月，他可不得好好跟媳妇聊聊战况。等王巡和媳妇聊完战况，天色都黑了。建安侯他们在无名酒楼里头都吃上了。王巡憨笑着进了包间，建安侯就递了盆韭菜炒海肠到他跟前，吃吧，补补，引来桌上陪餐将和几个千户的坏笑。 关木清这会儿只想捂住春丫的眼睛、耳朵，可他又不能这么干，所以只能引开话题。侯爷，如今琉球岛上是怎样一副光景？您能给咱们说说吗？能啥光景？建安侯闷了一口酒。沿海遍地渔村，人呢基本都是以前泉州、福州逃难过去的。内陆咱们也没深入过，不过听说大部分原住民都住在中南部。真想治理好这琉球岛，估计也得要个几年。毕竟现在岛上基本是要啥没啥，之前大部分物资都是吕宋那儿运过去的。没事儿。 春丫突然想到，琉球岛靠近东南沿海，气候估计跟闽粤两地差不多吧，应该挺适合种粮种果子。到时候再给些好的条件，让沿海没田没地的农民去岛上开荒种地，说不定这地方要个三四五年的，也就热闹起来了。要说郡主这脑子好呢，跟白巡抚说的相差不大。虽然白巡抚说的是花个十年八年，不过也差不多吧。静怡郡主可是个大方人，当下就说回了扬州就去筹集粮食。 到时候让老董家送去泉州卫所，再往琉球送过去就行了。建安侯不免要问郡主，老夫有一事不明，侯爷请问。春丫也相当客气，贵府是不是有亲眷在岛上？咳嗨嗨咳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差点没把关木卿呛死。虽然他也有一点点想知道春丫他们跟琉球岛是不是有什么姻缘。 春丫只能说是觉得那地方可能跟吕宋的自然环境相似一点，自己从吕宋弄来的果树啥的，以后准备去栽去那儿，打算赚点小钱钱。这么一说，建安侯便了然的点了点头，爽朗一笑：“老夫明白了，哈哈，郡主果然眼光独到，想法超前。那老夫就先预祝郡主的赚钱大计马到成功了。”说完，他便拿起酒杯朝春丫喊了声：“郡主随意。”自己倒是先干了。春丫忙说了谢谢，才要拿起酒杯，就被关木青拦住了，问建安侯：“春丫不胜酒力。” 他来代喝行不行？那建安侯哪儿有不行的？他还怕真把这郡主喝坏了，到时候自己再倒贴十万两，那可得冤死他了。这场仗，皇帝那老抠搜可是一分赏钱都没给呀。几杯白酒下肚，喝美了的建安侯这才想起自己老来得子，可惜自己目前驻守宁海还不能走，便让准备回扬州休整几日的王巡帮自己把梅姨娘母子顺道给接回来。听到建安侯还不能走，春丫便又有疑惑：咱们这抗倭之事不是应该稳了吗？ 皇上还不准备召您回去吗？建安侯吸了口气，才说：“这个老夫很难跟郡主说清楚，但是目前的确还不能走。倒也不是因为倭寇那儿有什么异动，他们目前内忧外患，估计也忙不过来。主要还是咱们大干依旧缺钱，别的老夫也不能多说什么了。其实建安侯还不能走的原因很简单，主要就是该卖给倭寇的东西还没卖到位，沿海防线还没钱全部建立起来，建安侯就得时不时的出海溜达，还能伺机而动。” 不过王巡现在跟着建安侯学的还不错，估计要不了两三年，王巡可能就会接了建安侯的棒，负责苏浙两地的巡防了。虽说建安侯没有明确说到底为了什么还不能走，春丫也不好再细问。不过宴席散后，春丫和关木清走在路上，小声说这事儿的时候，两人基本也猜了个八九不离十。路上春丫还问关木清，之前跟倭寇交易都是裴参将带了你和钱二麻子去的，你们交流没啥问题吧？基本没啥问题。关木清牵着春丫的手慢慢走着，偶尔有不会说的。 就直接用写的，或者你说的肢体语言，真是一个聪明蛋。春丫挣脱了关木青的手，垫脚摸了一下他的脑瓜子。姐姐就喜欢聪明孩子。几岁啊？就姐姐。关木青虫又抓住春丫的爪子。这些日子是不是忙着秋收了？人都瘦了，手上怎么也没点肉？带你去吃好吃的去。前些日子收了番薯，最近晚集上多了好多卖番薯的。你昨日请我吃土豆，我今日请你吃番薯。番薯哪里吃的胖？我想吃油饼。 多加点肉馅，儿，不行，大晚上的吃了不消化，那番薯也不消化，还会放屁。那吃馄饨，不行，夜宵吃的太清淡了，等于没吃。为啥宁海的夜市没有烧烤？对哦，我可以让小吃铺子卖烧烤啊。丹姑娘的烧烤架是不是还在海风阁？丫丫，你这样的话，你会失去你的掌柜的。呃，走，家去。本郡主亲自给你烤。不过关不清，嘴上说好，好，好，就等着郡主露一手呢。 实际还是牵着春丫往最热闹的夜市走了去，一条街走完花了大概能有大半个时辰，春丫最后就是撅着肚子走出的夜市。关木清一边给她揉肚子，一边埋怨：“让你最后一碗红豆年糕汤别喝了，偏喝。这回好了吧？长不长啊？要不要去仁济堂要点开胃散吃啊？”别说，别说吃。春丫拍打了两下关木清，再说我就该吐了，都是花钱买的。下次再也不逛这夜市了。我才半个多月没来，怎么多了这么多好吃的摊子？ 你都是哪儿找来的人啊？不用找啊，人流多了，百姓自然会想法子赚钱的，这不是你说的吸引力法则吗？关木亲看着春丫，双手托着个腰，真是又好气又好笑。这丫头还说什么女人吃甜点的胃和吃正餐的胃，那就不是一个胃。瞧瞧，事实证明，人不是牛，不管男女都长不了几个胃。春丫现在是不能笑，一笑她就怕自己直接吐了。但是吐槽还是要吐的，什么吸引力法则，这是说男女之间的。 哦，oh, 你是说像我们之间互相？我先说好，一会儿万一我吐了，肯定不是因为觉得你说的恶心，而是我真的吃的略多了一点点。忍了一路的丁香实在忍不住笑了出来。反正关木青每次想要搞什么深情，春丫总像块秤砣似的拴在关木青身上，让他想飘也飘不起来。习以为常的关木青一点也不介意自家准媳妇如此的不解风情，反倒觉得他们家丫丫真实又可爱，乐呵呵的就牵着准媳妇家去了。休息一晚之后。 两人便和王巡夫妇俩一同回了扬州。到扬州的时候已是傍晚，张家旺和徐欣也已经于前一日结束了复试，所以回到徐家的春丫和关木亲看到的张家旺和徐欣简直能用惨不忍睹来形容。用徐达的话说就是，张家旺连屁股都没了，徐欣一脸的婴儿肥也全没了。春丫忍不住问这两人：“你们俩这是去考试了，还是去打仗了呀？我看江安侯和王大哥他们也没你们这么夸张啊。” 张家旺哑着嗓子说：“我虽农户出生，可这辈子也没吃过这般的苦。三天，三天又三天，活活把我养出来的一身油都熬没了。哎，眼袋深的都快到嘴角的徐欣也道：咱们这还算好的，还能自己走出考场。最后一场，考棚里不知道抬出去多少人，很多都是家里头条件不太好的，身上没来就没啥肉，熬了到第三场，人直接熬趴下了。我现在算是看明白了，为啥大师傅非得扯着咱们练功，实在是没点体力。” 别说考试作答了，连活着走出考场都难啊！哪儿那么吓人？张大夫递给徐欣和张家旺一人一碗黑黢黢的汤药，快喝，补气血的。我看小关那个时候考试出来，精神头还是很足啊。那哪儿能跟我姐夫比呀？他从小在马背上长大的。徐欣说完，仰头咕嘟咕嘟就喝起了手上的汤药。什么姐夫，准姐夫？春丫纠正道，叫姐夫也可以。关木青对自家这个弟弟还是有点满意的。行了。 别姐夫不姐夫的了，你们不是说要跟先生讨论题目吗？现在小关也来了，你们谈去吧，一会儿吃饭再喊你们。张大夫说道。这两人昨日从回来，一直睡到了现在，已经睡了一整天了。这会儿是该让他们脑子转一转了。毕竟这次考的只是乡试，如果顺利的话，后头还有会试、电视呢。这神经也不能太过放松啊。对对对，姐夫，你是传炉咱们说个考题，你也听听咱们的作答呗。张家旺叫起姐夫来，那也是很顺口的。 反正关木卿比他大不少，他不亏呀。关木卿倒是挺乐意，不过也说的跟先生一起讨论才更有把握。于是三人便去了东院找先生估卷子去了。徐达和徐磊看着三人远去的背影，爷俩也很感慨，突然就聊起当年考试的事儿来了，很是一副过来人的样子。不过张大夫是个无情的女子，问他俩到底怎么考的童生，心里没点数吗？可嗨嗨，徐达尴尬的咳了两声，那什么，三山书院重开了吗？徐磊立刻答道。 开了山长还是陈家的，前两年招的学生也不多。去年开始吧，咱们沛丰县里头又热闹了，招的学生就多了。婷姐姐那庄子，咱们不是以前搞的摘星阁吗？我们现在也准备在那儿开个女校。对了，英子，苏先生那儿答应了吗？春丫问政，跟着佛保佑忙进忙出的徐英。徐英站稳身子，点了点头。苏先生一听就应了。本来他也在找女先生的活，听说一年五十两，还管吃管住，立刻就应了。对了，康表哥来说。 三山书院那儿的先生也说好了。陈山长听说是郡主要办学，立刻定了两位和气的老先生，说是愿意教女学子。春丫双手一拍，挺好挺好，那改天咱们就可以贴招贴了，过了年就能开学了。啊！张大夫一脸茫然，你要办女学，怎么一点没听你说起？嘿嘿，紧跟娘亲的步伐吗？咱们以后家里就搞个徐氏教育集团，是不是挺好？春丫越想越觉得这主意妙得很，好是好，就是容易亏钱。 徐磊不得不泼下冷水。娘亲内衣学院，要不是因为捐助多，按照娘对器具、药材、名医导师的要求，那妥妥是要亏的。嗯，大哥说的有道理。春丫摸着自己的下巴说道：“想什么？别想，别想，别想。”徐英非常敏锐的发现了春丫的不对劲。嘿嘿，春丫被自家姐妹逗笑了。我没想啥呀，你不要紧张。我没紧张啊。徐英嘴硬道：“走了，我正好给徐敏送饭，你也去一起去呗。” 他这几天都在跟廖师傅熬百毒散，都三天没回来了。咱们给他送点吃的去。什么是百毒散？春丫问张大夫。张大夫说，是齐大,大夫、鲁大夫按照他们师傅留下的手记整理出的药方。这个百毒散据说对各种痈疽疮症效果很好。不过我劝你们不要去。我看了方子，里头用到的毒物可不仅仅只是什么蜈蚣、蝎子。听张大夫这么说，春丫立刻嚷道：“走走走走，瞧瞧去，开开眼。” 说完，就扯着徐英往外走。啊、哎、呀，姑奶奶，急什么？拿饭拿饭！徐英的声音很快就被扯远了。一直坐在门口借着夕阳看书的徐三火突然开口道：“大伯母，您下次记得，千万不能这么说。您想要春丫姐姐不去，只能说，不过就是那些蜈蚣啥的都看多了，没啥意思。哎，大伯母知道了，下回一定改正哈。不过你为啥坐在门口看书，不怕吵吗？我想先锻炼起来。听张家旺他们说。” 考棚里头也不怎么安静，扰人心神的声音很多。行，乖孩子，那什么，大伯母觉得咱们家如果只能出一个读书人，那一定就是你。你好好念。嗯，徐愿认真的点了点头。大伯母，我会的。说完便别过了身，又默默的看起了书。待春丫和徐英从仁济堂送饭回来，考试的那两位大爷也差不多跟先生和关木卿讨论完了卷子了。晚饭的时候，张家人也来了。 他们倒也不敢直接问张家旺考的如何，就怕万一考的一般，再刺激了这个宝贝蛋。只有文外婆旁敲侧击地问张家旺需不需要准备点棉服啥的，毕竟听蔡奶奶说京城早春还挺冷的。不过徐达就没啥不敢问的了，他直接问关木清和西西先生，这两人算是有戏还是没戏？过了年他就要进京述职，到时候如果这俩宝货能去京城赶考，他就带着他们一起去；如果不能，那就算了。 反正徐达这种写字都要皇帝督促的人，也没资格骂孩子考学没考好。先生说的比较含蓄，说是世子年纪小些，答得有些错漏也很正常。张家旺基础虽然一般吧，但是脑子还不错，希望还是有的。我怎么听着好像两个都不咋样啊？春丫蹙眉道。不过这事儿关木清还是比较乐观的。判卷还是得看考官，我倒是觉得这回皇上派来的主考官还是比较开放的，相对来说更愿意接受一定程度内的不一样的想法观点。 现在也不用想那么多，能不能去京城，下月放榜就知道了。如果不行，下回再来嘛，反正也就等个一年多。春丫也说，人生在世，失败是常事。你们瞧我那玉米、土豆种成那样，我都没在意。你们也别想那么多，反正你们俩到底有没有听人说话？正在低头闷吃的两兄弟抬起头来，嗯嗯嗯个不停，说是知道了。大家赶紧吃饭吧，不用为他们担心，他们自己也不怎么担心哈。行吧，只要他们自己心够大，那老徐家里的人也没空操心他们。 孩子大了，自己管好自己就行了。不过老张家的人却紧张的很，还想要拉着关木青多问几句，却被文外婆喊回了家，说是问来问去那几句，还不如让小关好好跟俩孩子说说会试的注意事项。被文外婆这么一说，老张家的人拔腿就走，反正耽误啥都不能耽误人家辅导他们的宝贝蛋。接下去的日子，俩考生基本还是按部就班，该吃饭吃饭，该念书念书，全当自己过了乡试，过了年就要进京赶考。 而春丫和张大夫则举行了一场较大规模的募捐活动，钱不要就要粮，稻子、麦子、豆子、高粱、番薯、南瓜，反正只要可以吃、可以种的，那都可以捐上来。木春庄捐了五千斤的番薯，二十担的稻。大眼庄同捐，董家的庄子捐的是麦种、豆种和高粱，各二十担。裴家同捐，另外还有些员外富农、官家文人等等之类，多少也捐了点，加在一起倒也有不老少。当然，这事儿徐达肯定是先报备了皇帝的。 找的理由是，既然他提出让琉球开府，别的他也做不了啥。但是去开荒的农人要给的粮和种，扬州府的善人们多少自发捐助了些。皇帝对此事倒也没什么大的看法。要说这粮食吧，说值钱倒也还好，说不值钱吧，首批报了名去开荒的也有近千户人家，多少也是得花些钱的。既然扬州府都捐了，那皇帝倒也不习惯说不要。再说这回他们捐的粮食，除了吃还能种。 一个番薯恨不能分出能种一分地的藤来，那明年的粮不也有了吗？于是皇帝亲自调了批人手，直接去扬州收了粮，送去了泉州，然后再转船送往了琉球。事后，张大夫得到皇帝御笔一幅，上书“厚德载物”，搞得春丫直嚷嚷，非给皇帝办个字画特展，收了门票才算他们老徐家不亏。春丫忙完了捐粮的事儿之后，马不停蹄的就要开始搞他的温室种植。九月底正好适合温室种植。 这是春丫说的，当然他没有任何依据，而康大表哥也没有任何反对的依据，毕竟这温室也是才搞起来的，他是一点经验都没有，完全是听春丫在扯。老徐家里头基本已经对春丫实行了散养政策，反正他爱干嘛就干嘛，只要每回出家门的时候报备好人要去哪儿就行了，所以春丫各方面都很自由发挥，说这回暖棚里头要种的，除了草莓、西瓜，还有黄瓜、番茄之类冬天没有的瓜果。康大表哥毫无挣扎之意。 说是妹子爱种啥就种啥，反正老徐家已经放弃了管理妹子，那他也就放弃了与命运抗争。暖棚里的底肥已经是铺好了的，瓜棚也很早之前就搭好了，秧苗的木格也都搭好了，基本春丫来所谓种菜就是撒点子、浇点水的事儿，很快就干完了。因为活计轻松，所以康平之便也有空跟春丫闲聊几句。他问上回蔡奶奶说的春丫在骊山搞的跨物种杂交的事儿有没有成功？大表哥，你是不是故意的？故意什么？康平之一脸莫名。 春鸭眯缝的眼睛看着康平之道，难道你回村的时候奶没跟你讲？种的南瓜是白瓤的，种的黄瓜皮恨不能比南瓜还厚，种的冬瓜跟个黄瓜差不多大。总而言之，就是完全滑铁卢，农业灾难，只能喂猪。没讲啊！康平之擦了把汗，我原想上骊山瞧瞧去的，不过就是被赶下来了。你这种的还成功吗？成功吧。 春丫含糊的回了一句，她现在只想赶紧跳过这个话题。<laughs> 对了，大表哥，咱们之前北京送来的羊和胡羊配上了吗？你带我瞧瞧去呗。呃，感觉好像不怎么瞧得对眼，关一起还干仗。康平之也是努力尝试过了好几次荷兰，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可怜春丫的事业，最近遭受的滑铁卢，着实也多了那么一点点。所以搞完秋季种植之后，春丫便跑去她师傅的庙里头上香，磕了头。 保佑他这回育种的草莓和西瓜可一定要成功啊！虽说春丫迎来了事业低潮期，可老徐家却在十月初迎来了高潮期。张家旺和徐欣双双中举，可以去京城参加春闱去了。虽说徐欣吊车尾，名字写在了榜单最后一个，张家旺虽然好些，但是也得从后头开始看，找起来才方便些。但是这两人也算是占领了老徐家男性智商的新高地了。毕竟女子这会儿还不能考科举。 要是真能考，用春丫的话说，他们老徐家的女团组合分分钟霸榜。不过无论如何，两人都能进京参加会试，不管名字出现在榜单的哪里，总归是出现了吧？老张家差点为此而疯了。虽然已经提前知道孙子考中了举人，但是张家外公在看到自家大宝贝出现在榜单上的时候，还是激动的一口气差点没上来，还好文外婆眼疾手快给他塞了颗保心丸，这才让老头缓过了气。气得文外婆直嚷：“让你别来，你偏不要！” 要是刚才没你女儿的保心丸，张家旺也不用上京赶考了。平日里让你别一天到晚对这个鸟儿喊老太爷，多出去走走锻炼锻炼，偏不听。下回你孙子要是真考上了进士，你再一激动一命呜呼了，他连官都不用做了，直接给你守丧三年得了。我发现你个老婆子现在很不会说话。张家外公刚才高兴死，这会儿却要被文外婆气死，咒我死，对你有什么好处？再说我什么时候喊鸟老太爷了？我是教他，我不会说话。 文外婆冷笑一声：“你当年骂我的那些话，我可还一句没还给你呢。今天张家旺考上了是好事儿，我也不跟你多计较，我就劝你好好保养着，别到时候耽误你孙子考学做官。”说完便背着手去牵了拴在路边的小毛驴，骑上毛驴晃晃悠,悠悠往徐家去了。张家外公在后头只催唾沫：“疯婆娘，哪家婆娘还骑驴？要不是买不起，他就去弄个马骑了，气死这老婆子。”而张家舅舅此时也顾不上爹娘吵架。 他笑得像个二傻子似的，指着榜单上张家旺的名字说：“这是他儿子，是他们老张家的希望。天生就聪明的很，过目不忘，千杯不醉。他娘生他的时候，家里头还出现过红光，人家说这就是文曲星下凡的征兆。”有被张家舅舅烦死的路人喊：“有病吧，文曲星下凡考倒数第八，这文曲星是因为没学问被贬下凡的吧？”惹得看榜的人哄堂大笑。张家舅母扯着自家男人说：“句。” 你再说，传到你儿子耳朵里，看他怎么跟你闹。张家舅舅便不敢再多言，只能跟着自家婆娘往伯爵府去了。今日徐家会给俩孩子办个小小的庆功宴，张家旺也是主角之一，所以老张家的人也都会去蹭个饭。不过，为啥老徐家没人看榜呢？因为卢远正早在三天前就给了他们消息，老张家也早知道了，跑去看榜，完全就是为了在大庭广众之下臭显摆。来报喜讯的时候。 卢远正说：“徐欣这回运气好的简直逆天了。原本他是考不中举人的，可放榜之前有考生被举报家里头直系有作奸犯科之事，所以被取消了成绩。徐欣就这么调上了车尾。这孩子居然考了个最后一名，也不知道算是有实力呢，还是有运气呢？”徐达主张该庆祝还是得庆祝一下，毕竟考中举人这事儿，老徐家三代才出这么一个。虽然张大大夫内心觉得考倒数第一好像也没啥好庆祝的。 但是为了鼓励孩子，毕竟徐欣这岁数是考学的学子里头最小的了，能考上就差不错了。于是他也同意了，小规模的稍微庆祝一下。当然，考了倒数第八的张家旺也得给他一并庆祝了吧，所以才有了这小小的庆功宴。宴席上，丹姑娘给两位小举人做了点定胜糕，说是讨个好口彩。那徐欣你多吃点儿，我的也让给你。张家旺很是客气道，他主要是对自己充满信心，虽然只考了个倒数第八。 但是在倒数第一面前，还是很有心理优势的。张家舅母看儿子把口彩都让出去了，可急坏了。你也吃啊？说着话，又把张家旺给出去的定胜糕给扒拉了两块回来。特地从村里赶来给徐鑫道贺的李氏砸巴了下嘴，小声跟旁边的弟妹说：“他们老张家，我瞧着也就文外婆和张家旺好点儿。这张家舅舅舅母，还有那装的要死的张家外公，真是不太行。谁家以后跟他们做亲家？啧啧啧，肯定能闹心死。” 你瞧，张家旺比春丫还大点儿呢，到现在亲事还没定，肯定跟老张家这人品脱不开干系。周氏扔给菜头个饼子，让他自己啃，然后小声附和道：“是啊，我看张家旺这孩子还行，就是后面跟着的爹娘爷爷，多少有点吓人。以后我们家明子说人家，可得十里八乡的打听清楚了。张家这样的，我是万万不敢选的，给多少聘礼都不会选。反正他们老徐家现在也不缺银子。”是啊，李氏隔空白了一眼张家舅母，然后才道。 不过话说，你家名字马上也要急急了，你怎么一点都不急呀、啊？听说村里不是很多人家来问了吗？你一个都没相中的，我相中没用啊！他爹他自己都不急，光我一个人急有什么用？周氏也快为这事儿烦死了，但是爷俩就像说好了似的，扯着去相看，都撅着个腚死活不愿意去。徐敏还说呢，两个姐姐都没成亲，她最小，她怕啥？这老徐家女孩子晚婚的事儿，周氏更管不了了，那她也只能放任自流了。李氏看了一眼饭厅里的三桌人。 小孩桌上也没有徐敏，他便问徐敏：“今天又住仁济堂吗？女孩子家家的这么拼事业吗？可不是，现在就跟着廖师傅，天天的制药炒药。如今快冬天了，估计开始做膏方了，那就更脱不开身了。哦，不过仁济堂的膏方，嫂子你让大嫂给你配点呗。我去年冬天吃了三个月，今年连感冒咳嗽都没有过。是吗？那我可得一会儿让大嫂给我把个脉。俩妇女同胞聊着聊着就聊远了。一场庆功宴后，徐欣和张家旺。 收到了不少来自亲朋好友的物质鼓励，裴婷和卢远正送的是笔墨纸砚，徐雷夫妇送的是特地去银楼定做的步步高升的金书签，春丫送的是关木清整理的一些时事底报，还有历年考官的文风喜好。徐英、徐敏一起送了驱虫醒脑的荷包，一个提供里子，一个负责缝制，配合相当默契。而长辈们其实也想不出什么花样来，徐达的一句包个红枫就算了，所以得到了极大的响应。这回是连带这张家舅舅和外公，多少都包了点儿。 不然，门外婆可能就又要举起自己的小绿鞭了。当然，庆功宴倒悬来了，送的吗？就是几声嘲笑吧。吃完饭，张家旺还很孝顺的特地送了爹娘爷奶回家。回忠勇伯爵府的路上，他还特地路过了一下仁济堂，敲门进去瞧了瞧正在熬大夜的徐敏。见到张家旺，徐敏很惊讶，问他这是干嘛来了。没想张家旺反而带着点不悦，问他这儿怎么就你一个人？廖师傅呢？还有那个吴吴娇呢？廖师傅当然睡觉去了呀。 徐敏眨巴着眼睛看着今天分外奇怪的张家旺。吴娇轮到下半夜，我就看上半夜。不过这管你啥事儿啊？嗨嗨，张家旺清了下嗓子，大哥关心一下妹子嘛。我送我爷奶他们回去，正好路过。路过仁济堂和刷布场巷也不顺路啊。徐敏觉得张家旺好像有阴谋，于是退后了三步，说：“你到底干嘛来了？难道想偷他们的膏方？”我就想来跟你说。张家旺开始疯狂挠头，说啥？哇！ 你别跟我说你长虱子了要讨药，徐敏又往后退了两步，张家旺忙道：“别退了，一会儿再掉缸里，你们这药局的缸里头装的都不知道是什么毒物，这里头都是我的宝贝，不可以说他们是毒物，他们也懂的。你骂他们，到时候他们不毒了，小心我找你麻烦。”徐敏阴恻恻的威胁张家旺，张家旺也不知道自己为啥要傻笑，那什么，我我就是就是来跟你说，我考上举人了，我知道啊，我不还恭喜过你们了吗？ 今天我也不是故意没回家吃饭的。这个高芳，你干嘛？徐敏说话的时候，张家旺一步步走近了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徐敏突然心跳加速，直觉告诉他这事儿可能不简单。我、我、我，哎呀！张家旺疯狂挠头。我、我、我就是想问问你，啥？徐敏紧紧地抱住了自己。高高芳熬好了吗？张家旺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啊、哎、呀！徐敏赶紧推开张家旺。 跑到灶台后头看了下火，然后添了一个小木棍进去，才说：“你是来捣乱的吧？没事，赶紧走吧，耽误我烧火。”你这口条啥时候跟张家舅舅换了呀？他现在说话还挺利索。我是想来问你，我心悦你。如今再怎么样，我也考了个举人，哪怕考不中进士，但是司徒大人也应了我说，到时候在府衙里给我补录个官职，我定能养得起你的。你愿意等我京城回来上你家提亲吗？扑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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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扑通。 徐敏坐在灶台后头，忽明忽暗的灶火照得他脸红扑扑的。此时他只觉得自己脑子都胀开了，就感觉晕乎乎的。已经说出自己最想说的话的张家旺，干脆开破罐破摔了。他走到徐敏跟前，蹲下身，直视他的眼睛，继续说道：“等到明年，我会是考完，你也及笄了。虽说老徐家女孩十八岁之前不成婚，但是先定亲总可以吧？我这人你也知道，虽有一些不着调，但是人是好的，心是正的。” 姑母姑父教我的道理，我也一刻不敢忘。我从小与你们一块长大，只觉你是个聪明伶俐又特别的姑娘。别人家姑娘爱绣花，我喜欢的姑娘爱养蜈蚣，多好呀！我就觉得你不会害怕我爹娘的。虽说我爹娘有些陋习很难改，但是也绝非大奸大恶之人。你看我奶好好教他们了，他们也能听的。再说以后咱们若能成亲，也不跟他们住一块儿，咱们也跟裴公子和徐英，还有春丫和关小哥似的，自个儿住。你看成吗？啊！臭不要脸！ 谁要跟你住？徐敏推了一把张家旺，然后站了起来，叉腰指着被推倒在地的张家旺说：“黑鸭，还说自己心正，你就是个登徒子。要不是之前做百毒散，把成年的蝎子蜈蚣都用完了，这会儿我就抓两个折你。”徐敏也不知道自己在气什么，刚才明明心跳很快的呀。女侠饶命！张家旺皮多厚啊，他的不好意思也仅仅只存在于没捅破窗户纸之前，这会儿都说破了，他也没啥顾虑了。 现在他就想确认一点，敏子，你好好回答我，我很中意你，就喜欢你这么彪的，你中意我不？若你今日说不中意我，那我绝不会死缠烂打。今日的事儿也就只有我们俩知道。但是我求求你，你好好想想再告诉我，好吗？张家旺说完也不起身，就坐在地上，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看着徐敏。徐敏真想手刃了眼前的这个憨货，哪有问的这么直接的呀？他到底中意不中意张家旺呢？小时候好像挺讨厌他的。 可是渐渐的，随着年岁的增长，张家旺好像没变，可是又好像变了，再不是以前的小霸王了，而是个开朗活泼的贫穷贵公子。哪怕以前读的书院都是有钱人，但是他从不忌讳人家说他们家是卖馄饨卖臭豆腐的。住在徐家的时候，每日放学他也会去张家铺子里帮忙，还很不要脸的拉着同学去他们家铺子里吃点心，专注薅羊毛，偶尔的偶尔才会做个东。这人虽然不怎么着调，他爹娘为人也不过尔尔，不过好在人没有长歪。 几个姐姐的嫁妆婚事都是她撒泼打滚，非要她爹娘应下来的。张家旺就是与生俱来的乐天派，每天都高高兴兴，什么事儿都乐乐呵呵，吃的也多，屁股也大。中意不中意的还得看呢。徐敏突然回了这么一句：“反正不能这么快答应他。”张家旺就是活该他们老徐家的姐妹收拾他。徐敏这么一说，张家旺就知道有戏，他立刻保证：“应该的，多考察考察我。”你放心，我这回进京赶考，反正无论如何，哪怕吊车尾。 也一定会调个功名回来的。切，说的好像多么简单一样。等你调上去了再说吧。徐敏说的话好像很无情，可是红扑扑的脸蛋儿却出卖了他。再说，哪怕你考中了进士，做什么县令，七品的官职，我大伯又不是没做过，一年五十两的年俸，根本不够你还这些年的账的，还娶媳妇儿呢。徐敏突然想起账本的事儿了，这货会不会是想赖账？我告诉你个秘密，张家旺凑到徐敏跟前，小声说：“你可千万别告诉我姑。” 我怕到时候他再把我打瘸，你不会偷钱吧？徐敏顿时觉得张家旺要不得了，反正这大屁股在徐敏这里总归不能算个好人。怎么可能？我这么正派的人。张家旺拍了拍胸脯，前头我奶叫人来伯爵府唱戏，那戏好听吧？哦，就是那什么娘子怒斩相公的，还是姨娘的，好听啊，过瘾的很。你别告诉我你去学唱戏了。徐敏这个发散性思维也是跟春丫如出一辙。 简直就是异父异母的亲姐妹，哈哈哈哈！瞧瞧他喜欢的姑娘多可爱啊！张家旺笑了几声才道：“我倒也还没那个本事，不过那戏本子是我写的，那本卖了二百两。这些时间我备考没空写，人家戏班子已经预定了，明年让我给他们再写两本，每本三百两。”哇！张家旺那戏本子里头都是男男女女，卿卿我我，我你完了，我手上有你的大把柄了。徐敏就是条件反射的要抓张家旺的把柄。 不过张家旺一点都不在意，没事儿，你不会让我姑和外婆打断我腿的。这把柄你就捏这一辈子吧，我心甘情愿。我攒的银子足够还账了，我再多写几本戏本子，攒到你十八就能攒够提亲的聘金了。说完还朝徐敏一乐，徐敏哪里招架得住，脸红的像要被灶火烤熟了一般，直嚷着让张家旺这灯徒子赶紧的闭嘴。 要知道，张家旺在没有发奋读书之前，可是跟徐三木一起看了无数话本子的人。这种小情话，简直张口就来，要不怎么能写戏本子呢？不过徐敏是个直接的女孩，她冷静了一会儿，然后跟张家旺说：“你反正先考试呗，到时候到底咱俩能不能成，也不是我说算的，就看你爹娘怎么说服我爹娘吧。”说完，就把张家旺推出了制药间，让他赶紧回家，别在这儿叨,叨叨叨了。行，我今日先走了，明天再来看你。 你说的事儿我记住了，等我考完学从京城回来，会跟我爹娘好好说的。放心吧，我走了。说完，还朝窗口瞧了瞧，跟徐敏挥了个手，这才依依不舍地走了。徐敏捧着个小脸蛋，看着灶堂里的火，这神志已经不知道飘去了哪儿，直到闻到了怪味，才从小板凳上窜了起来，一边抽着灶堂里的火，一边大骂着：“张家旺就是来害人的。”回到老徐家，还在前堂跟大哥说话的春丫看到了张家旺，便随口问了一句：“你怎么去了这么久？”路上遇上石庄子。 跟石庄子聊天了吗？嘿嘿嘿嘿，没有，嘿，我先去睡了。说完，张家旺保持着微笑脸回了东院，可把春丫和徐大掌柜吓得不轻。徐磊说：“是这娃是不是路上遇到不干净的东西了？”春丫却说：“怎么有种少男怀春的感觉？那脸红的，连微黄的灯笼光都遮不住那脸上的红晕。”徐磊说：“嗯，这是遇到勾魂的狐狸精了吗？”在徐磊的脑子里头，张家旺心理年龄恐怕比三火还小些。 所以他觉得张家旺这个人，哪怕撞鬼也不会怀春的。啊、春丫突然笑了：“大哥，你想笑死我吗？就张家旺这种嘿嘿嘿嘿的样子，人狐狸精瞧见了都麻溜逃了。那他为啥一副中邪的样子？不像是中邪，倒像是发花痴。你老少男怀春的时候，差不多也这样。瞎说，我多正经啊，黑也没正经到哪儿去。”徐敏在之后的几天都没回家，因为说是熬坏了膏药，便自罚多看几天火。 其实他是不知道回家怎么面对张家旺这货。虽说民子凶猛，但是在凶猛也是少女第一次春心萌动，有点害羞很正常。可张家旺脸皮厚啊，见徐敏躲在仁济堂不回家，便一会儿头疼了，一会儿脚疼了，一会儿肚子疼了，每天反正都有等不的张大夫，立即就要去仁济堂看的急症。不过去了，他也不找大夫把脉，每次都往后院钻，说找廖师傅拿点药吃就行了。药童都懵了，说这张家公子挺奇特哈，吃药都得吃现炒的。 实际上，张家旺每回去仁济堂，不是给徐敏送糕点，就是给他送果子。几次三番之后，心思细腻的吴娇都问徐敏了：这张家旺天天来，天天来的，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能不能是想偷廖师傅的泡药方子？这事儿还真是多亏了徐敏时不时的跟吴娇说，张家旺今天欠了一两，明天欠了三两，搞得他在吴娇心目中就是个穷鬼。徐敏为了掩饰，还一本正经地说：有可能下回来他再来，咱们得盯紧了他。廖师傅的方子很多都是千金难买的。 惹得吴娇指天遁地的说：“下回肯定盯死了张大定。”张大定就是徐明以前给他起的外号。不过现在这大定因为读书考学也变小定了，因为长个的时候吃得好，这身量也很高。从小也跟条蛆似的，光吃饭不干活。虽说是村里头出来的孩子，可也长得细皮嫩肉的。所以自从张家旺这货考上了那倒数第八，倒是有几家彪悍的去问过文外婆张家旺是否婚配。不过张家旺早就跟家里说过了。 别随便给他定亲事，他们定的他都不喜欢。要是胡乱答应了人家，小心他马上剃发为僧，让老张家从此绝后。所以，哪怕有家财万贯的员外跑来求亲，文外婆只说这孩子一心都在学业上，现在还不想说亲呢。张家舅舅和外公虽然一听人家家里头有万亩的庄子，京城扬州都有不少铺面，也不敢点头答应，只能唉声叹气的让人家再等等，等张家旺进京考学回来了，再议婚事也不迟。人家员外一听就觉得人家肯定准备考了进士。 在潘京城的高枝，气得他在外头败坏不少张家的名声，从此便也少有人上门打听张家旺的婚事。坊间就说，虽然老张家有甘德夫人，可扯后腿的人不也有几个吗？再说张家旺这书读的虽说还行，但能不能考得上进士还不一定呢。现在就张狂上了，切，人家还不想陪着玩呢。张家外公从外头听到了这些闲言碎语，差点没气哭，可却也拿那个魂不吝的孙子毫无办法。 他现在只求张家旺能好好争口气。若人家说的什么张家旺想攀上京城的高枝这事儿是真的，那也算他没白受这些嫌弃了。时间在张家旺和徐欣日复一日的练功、念书、念书、练功中匆忙流逝，很快便到了年底。大干潮第一段高速路也终于在过年前顺利完成了验收。什么荆棘丛、收费站、值班岗亭等等，全部布置已经到位。工部、县衙和蓝云记各自抽调了人手，专门设立了宁海高速路管理站。 以后只要是通过验收的高速路段，都由工部新设在松江府的程议部来统一管理。高速路段按照各县化区收费，每笔收费提取一成的管理修缮费，交给程议部，由程议部负责各个路段的维修工作。通车当日，巡抚梁大人亲临现场举行剪彩仪式，而春丫则带上了摘星阁的画师，即兴给创作了一幅画作，准备送去京城给皇帝瞧瞧，他的钱都花在了哪里了。用春丫的话说，这是对金主最直观的汇报。 剪彩结束后，春丫和关木青还邀请梁巡抚一起骑马，感受下这高速路带来的快速体验。高速路上没有任何的岔路和行人，马匹跑起来基本可以达到全速。关键这路也是尽量以两线之间的最近路程修造的，所以从宁海县城到隔壁的风化县，百多里路，快马单趟连半个时辰都不要。这要比走弯弯绕绕的官道快上几乎两倍的时间。梁巡抚很高兴，他拍着关木青的肩膀直夸：“关县令真是人才啊！” 本官为官几十年，从未见过像你这么能力出众的年轻人。本官看你以后必成大器，到时候可不要忘了多多关照本官啊！反正成不成大器不要紧，大哥千万别在太子皇上跟前给他上眼药就行了。关木清现在也算是官场中不溜手了，说老手到底资历还是浅了些，但是走个过场他已经不在话下。于是他也做了揖，说这路能造得这么快，也多亏了梁大人的鼎力相助。春丫也在一旁给梁巡抚戴高帽子，梁大人能力出众。 又有雷霆手段，相信咱们沿海一带的高速路，别说五年了，就算是三年，梁大人肯定也能全部完成的。那郡主也是高看老夫了。梁大人急出一脑门冷汗，可不敢这么说。能在五年内完成，就已经阿弥陀佛了。这郡主是存心的吧？对，没错，郡主就是坏心眼子。不过春丫这也是随口讨价还价惯了，见梁大人额头都冒汗了，便又话锋一转，说能五年完成也挺好，到时候全线贯通了。 皇上一定会大赏巡抚大人的，春丫心中腹诽，皇帝的大赏估计差不多就三幅字吧。而梁大人则对春丫的随口一说充满了幻想。既然高速路通了，那关木清放年假便和春丫一起走了高速路回的扬州。虽然只有短短一段，可春丫却走了好几年，她多少还是有些感慨的。当初从沛丰到扬州来来回回的不方便，我就说得修路吧。瞧，咱们沛丰的路还没修上，宁海的路倒是先修好了，回去修呗。 卢大人那通判的位置空出来之后，一直没人填补上。蒋大人就指着这位置呢。若你回去说修路，他肯定答应。如今这修路的事儿可是个大政绩。说完，关木清把包好的橘子递给了春丫。好，反正过年前我得回趟沛丰，我那草莓应该是成了。你反正提前放假了，就跟我一起去呗。咱们要是把沛丰的路给说定了的话，以后我来回木村庄就方便多了。现在去趟沛丰，单程就要一整天，主要这路不太好走。 弯弯绕绕又多得很，实在不怎么方便。好，到时候我去跟蒋县令说。不过若是说成了，郡主大人可有赏？那我自己也能去说。郡主大人龇牙咧嘴的看着关木清，把另一半橘子还给了他。这橘子到底还是酸了些。关木清哭笑不得，给点面子，好歹赏点呗。比如一个亲亲，赏你第一个吃本郡主种的大草莓，如何？我爹都没这待遇。小年轻脑瓜子里头想的那些小九九，春丫怎么可能不知道？ 可是亲是不可能这么容易亲到的，倒也不是春丫多矜持，大好年华做点谈恋爱该做的事儿怎么了？不过老徐家里别的没有，就是人多，所以被撞见的概率实在不低，到时候又弄得大家大惊小怪的，就不好了。反正以后成亲了，有的是机会嘛。她现在可是个成熟稳重的女子，这种会吓到别人的事儿，到底还是该少干一些。关木青其实只是胡乱想想，也没太大指望的，这种卿卿我我的事儿。 本也不是能讨来的，这都得见机行事。郡主大人能赏点草莓，那也不错啊，没听他说吗？连达叔都轮不到，就轮到自己了。不管怎么样，关木青都觉得自己是赚了。于是两人回了扬州之后，便马不停蹄地赶到了沛丰。此时，木春庄的育苗园的温室里头已是硕果累累，小番茄和黄瓜这种。 春鸭觉得很平常，但是实际上冬天却不怎么吃得到的蔬菜，已经看得出小果子了。要成熟的话，还得等个把月。西瓜也已经差不多有拇指大小。春鸭培育的杂交草莓，则大部分都已经开始泛红，让人看了真是忍不住想伸手。因为种在温室里，温度比较高，所以这草莓种从发芽到最后成熟，基本也就一个半月的时间。这会儿正是采摘的好时候。 当春丫带着关木青去温室摘草莓的时候，发现康平之正蹲在几排草莓之间，也不知道在看啥。大表哥，你看啥呢？春丫走到康平之后头，喊了一声，可把他吓一跳。哎呦，我的大妹子，你总算来了。我这是愁啊，你看这有几颗草莓已经太熟了，再熟就烂了。赶紧的，赶紧的，快点摘吧，真要烂了，可得心疼死我了。这些日子因为操心这西瓜和草莓，康平之已经把铺盖都搬到育苗园来了。 虽说喊了四个人看守，但是他依旧不怎么放心，毕竟这草莓看起来也是能卖上大价钱的样子，这杂交过的品质看着还真是很不错。春丫一听，又果子都快熟烂了，那怎么行？赶紧蹲下身去扒拉，结果一扒拉，直接把几颗熟透的给扒拉了下来。他捧着五颗草莓，跟关木青说：“瞧，他们知道你要来了，自己舍生取义了。走，洗洗去，尝尝我这种的好不好吃。”说完。 还朝蹲的脸都红了的康表哥喊：“表哥也尝尝啊，这就是你种的草莓，看着比蛇莓的确要大好多，闻着也浓郁的很。”关木清从春丫手里捏了一颗，往身上一蹭，直接往嘴里一塞。嗯，关木清眼前一亮，好甜！恭喜郡主，你这又是要发财呀、啊？春丫都来不及说，这个上面都是尘土。康平之就一口把草莓给塞进了嘴里，他都顾不上往身上蹭。不过，按照康表哥的工作方式。 这草莓只会越蹭越脏，哦，啊我，哦我我，这个是康大表哥发出的声音，配合的表情就是眼眶泛红，鼻翼一开一合，有点像个灶堂山火用的风箱。被大表哥这个表情一搞，春丫一下子有点迷茫了，啥意思？这是好吃还是不好吃啊？于是他也不管什么脏不脏了，把手里的草莓往衣服上蹭了下，好家伙，月白色的袄子直接多了一条粉红色。 关木青这穿着压青色长衫看不出来，他这个衣服就不行了。哎呀，不管了，吃了再说。于是春丫也啊呜一口，把草莓吞进了嘴巴里。然后是那久违的、隔了一世的果子浓香在嘴中扩散。这果子留的熟，温室的温度湿度又非常适宜，所以甜度也很高。春丫明白了，大表哥那表情是农人种出好果子之后激动的表情，因为他自己此刻也想要掉泪，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被自己种的草莓给感动到了，大表哥，我们成了，这草莓成了。在几次滑铁卢之后，春丫终于又找到了这种成功的感觉，康平之老泪都要掉下来了。是啊，这个味道未免也太过于好了，我这辈子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果子，我也没吃过。关木清从不错过拍彩虹屁的机会，还是我们家丫丫聪明，这果子种的真的好。虽然这是个彩虹屁，但是这是一个真实的彩虹屁。 这人已经从高冷小哥渐渐达达化了。春丫把手里头还剩下的两颗草莓都给了关木青吃，喜欢多吃点儿，姐姐再给你摘。说完便喊了大表哥，摩拳擦掌的要开始摘草莓。康大表哥很激动啊，拿来的篮子大的像个背篓。不过他们统共就种了没多少，三人一起摘下的熟草莓也只够铺个底的，外家长得特别大、特别好的还不能吃，得留种，所以最后春丫拿回文苑街请大伙吃的，每人也不过就能分上两三颗。 众人见这果子难得，也都不敢吃。最后推来推去的，每人不过就吃了一颗，尝了个味道。关木清干脆连味道不尝了，说是都留给丫丫了。没想到在家里头飞黄腾达这么久之后，春丫还感受了一把有好东西都没人敢吃的心酸。他当即决定，这温室还是得扩大，明年种上三亩地，大伙吃个够。关木清不得不提醒他，嗨嗨，这个三亩地的温室恐怕得百万两造价。嗨嗨，春丫好像被感染到了嗨嗨病。 那什么三分地，说错了，百万两的造不起，十万两的呃造是造得起，不过造完了，他这两条腿估计也难保了。实际上夏天才是草莓的种植季节，但是因为夏天虫害太多，这草莓又是窝在地里的，所以特别招虫，哪怕种了，估计收成也不会很好。不过这事儿总有解决办法，日子还长，慢慢摸索就行。自从搞了这些这果子的事儿，春丫觉得自己耐心倒是比以前好多了，抗挫折能力呃。 他本来就挺强的，现在想来，他觉得自己买下暮春庄的时候，嘴上说的是自己想要个理想的庄园，其实潜意识里可能的确对农业还挺感兴趣的。虽然他不会种地，因为大家的推让，所以省出了一些草莓，春丫便送去了三木的铺子里，让他带回去，爷奶也尝尝。可这果子到了两位老人家手里，徐家的大人是一个都挨不上吃的，就菜头仗着年纪小，从老人家手里骗到了两颗，还有其余的人就闻到个味儿。 因为蔡氏说要把这些草莓都留种，三木因为从事餐饮业，对这新奇的果子也是好奇的直挠耳朵。最后他想出个妙计，奶，咱们把上头的籽儿扣下来，您留着，果子咱们分了吃呗。蔡氏恼怒，就这么馋？嗯、呃，主要是我怕过几天去扬州吃年夜饭，春丫问您吃没吃什么味儿，您答不上来就不好了。这多少也是他的心意吗？三木为了口果子，那脑子转起来可比考学快多了。徐发也在一旁点头。 是啊，三木说的没错，他想出的法子，让他把籽儿都给踢下来，不就完了？众人皆说徐发说的有道理。蔡奶奶皱眉一想，就怕春丫知道自己没吃，这孩子孝顺的很，到时候再摘了果子送来，可不就又浪费了吗？想到这儿，她把篮子往三木手里头一送，调吧，籽儿一颗都不能掉。于是，在三木小夫妻俩的努力下，徐家大小好歹算是吃上了没籽儿的草莓。这果子的味道，当然也征服了徐家上下，个个都说。 这东西到时候如果真让摘星阁卖，估计裴婷又可以开出金掉人下巴的价钱了。春丫和关木清为了说服蒋县令拿出钱来修路，便在沛丰多留了一天。不过说是去说服蒋县令，可当关木清一坐进沛丰县衙的议事厅里，蒋县令自己却开口问关木清这修路的事儿到底该怎么搞。他是有耳闻，说这两年考绩就特别看重这事儿。关木清便写了个帖子，让他去找梁巡抚。 虽说配丰不在梁巡抚的管辖范围内，但是他是奉命督办修路一事的主官，手里头资源多。当初工部规划的时候，配丰通往扬州的路压根没规划进去。但是现在工部就有人驻扎在府台，就是为了以防万一调整规划的。所以现在配丰若要线路，大可以去找梁巡抚，让工部的人给配丰做个规划，工部能公过就行了。当然，因为徐家的关系，工部通过修建配丰到扬州的高速路的概率应该还是挺高的。至于钱吗？ 关木清又写了个帖子，就让他去扬州找冯喜。但是县衙自己也得出至少三成。蒋县令现在对钱没兴趣啊，他现在就想往府衙走。一听出三成钱就能搞路了，他当下就想跟关木清拜把子。当然，关木清只客气地说自己主要也是想郡主来回方便些，做的这些事儿都只是举手之劳。临走的时候，蒋县令更是客气地把他们沛丰县今年搞的特色产品送了关木清整,整整一箩筐，箩筐里头反正就是各种番薯制品。 什么番薯干、番薯粉都是小意思，还有烘烤的什么番薯小饼、番薯片、番薯蜜饯，那真是把番薯都做成花了。用蒋县令的话说，番薯好种，但是价格卖不高。木春庄和大眼庄就带头搞这些番薯什么深加工，那些深加工产品因为物美价廉，倒是卖得很不错。他们配封的番薯制品已经是远近闻名了。闻及此，关木清打从心底里深深的佩服春丫的远见，当初看似很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一个决定。 把薛青山从沛丰带去广州，又从广州把人给带了回来。他光听就能笑岔气。但是就是因为这个决定，让沛丰从一个饱经战乱和天灾的无名小县，一步步成了个远近闻名的富庶县。其实也不仅仅是种番薯，还有安置灾民、出钱振兴商业、搭建往来京城的通道等等。这一切，用春丫的话说，他就是想收他七百户的税子。可关木清知道，他只是热爱脚下的这片土地。 还有他为什么听到收复琉球岛的消息那么激动，也是同样的道理吧？包括达叔和兰姨，他们也是一样的心情吧？不为别的，就为热爱，这就是老徐家做一切事情的原动力。也正因如此，他才会被那个不讲规矩、吃饭吃到吐、一点不拘小节的姑娘所深深的吸引。他活的自然不如规格小姐般精致，但是却有着世上最细腻的心思。他爱她，因为她的热忱、她的豁达、她的真性情。 回到文苑街，关木清原想狠狠地抱一下他那举世无双的丫丫，可没想到春丫却去了庄子里摘草莓。春丫的想法非常的朴实，这果子种的那么好，当然要带回扬州给裴婷和丹姑娘尝尝，然后才能薅有钱人的羊毛嘛。不过关木清也等了没多久，春丫便带着草莓回来了。因为时间还早，于是两人当即决定不等康表哥他们了，立刻启程就回扬州。倒也不是春丫和关木清太过急性子，实在是这草莓不太好存放，这东西。 可比桃子更放不起，而康表哥他们则打算明天跟老宅的爷奶还有姑父他们带着孩子一起去扬州过年。当两人赶回扬州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了。不过春丫还是和关木清一起立刻找去了卢府，带着十来颗草莓去见了裴婷。卢远正听闻春丫来了，还特地去小花厅看看，问这么晚了，妹子到底有什么急事？裴婷直接回他，女人的事儿男人别问，去吧，一山兄弟还在前厅呢，你跟他聊你们的去。哎，好嘞。 如现在应该叫郎中了，说不打听就不打听，立刻往前听去了。他虽然已经是海关总署的一个郎中了，但是其实从来没去过海关现场，倒也很想跟关木青聊聊码头现场是什么样的。而春丫和裴婷俩姐妹就躲在花厅，想着怎么薅人羊毛。姐姐怎么样？味道如何？春丫问道。好的很。裴婷点头。果味浓郁，果汁丰盈，酸甜适口，好吃。关键大干潮绝无仅有。我天！ 卖二十两一颗吧，春丫扶额，好好说话。三颗不能更多。裴庭比了个二，咱们这个最好不能外带。春丫说道：“咱们现在产量极少极少，估计再摘一茬，这批就没了。再种的话，还得等两个月，外卖,卖的多了，到时候供不上。对，不能外卖。但是你没说到点子上，关键是啥？关键是你说这个表面的芝麻粒儿就是种子，那有心之人想要这种子，不是太方便了？” 到时候咱们就仅在摘星阁提供，谢绝外带。我就看着他们吃，有不吃的直接收了。裴婷对于赚钱这事儿可是很上心的，春丫也同意这个法子。这种子得来不易，一点钱都没赚上，就让人家捡现成的可不行。若是跟黄桃似的，多少赚了点儿，这种子放手便也放手了。总之一句，他再怎么大方，本儿可得捞回来。第一批的草莓还剩最后一波，裴婷说明天就攒个局，等康平之从木春庄把东西带回来，还是老规矩。 搞个免费品鉴会，然后开放预订就行了。至于价格嘛，反正最后都是要在摘星阁场的，就等丹姑娘把菜单设计出来了再说吧。两人把事儿商定完了，春丫这才领着关木青溜溜达达回了徐家。哟，大忙人回来了！已经给自己放假了的徐达见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女儿回来，不免调侃一句：“张大夫也说你这孩子天天的到底在忙点啥呀？这忙的简直像大干没了他，他就不赚了。”这话说的。 好像我每天都是瞎玩一样。那大草莓瞧见了没？我忙碌的成果之一。说到这个挑剔的张大夫倒是点点头，这个草莓的却不错，宝珠爱吃的很。我尝着味道跟以前的……嗨嗨嗨嗨！徐达紧急咳嗽，张大夫心里一咯棱，张嘴就来，那个跟以前的桃子倒是不一样。春丫服了，张大夫演技退步了。不过，哎，随便吧，相信关木清也已经习惯了。是的，没错。 关关早就习惯了老徐家说话上句不接下句的跳跃式风格。为了挽回尴尬的局面，春丫突然说道：“宝珠吃了，有没有去籽儿、啊？”徐达一愣：“嗯，吃草莓得吐籽儿，骗鬼吗？当他真没吃过吗？不是这个意思。”春丫解释：“现在不是种子紧张吗？为了下次种植多留点种，你们吃的时候记得把籽儿给挑下来。”哈哈哈哈！徐达爆笑：“这还不如别吃呢，不就是个草莓吗？谁没吃过似的？”嗨嗨，咳咳咳。 张大夫疯狂暗示，对，我的确没吃过。徐达努力拐弯道，关木清服了。到底他功力还不够深厚，对于徐达的僵硬转折，还是忍不住撸了一把脸。走，关关，我给你准备了新年礼物，带你瞧瞧。春丫虽然的确什么都没准备，但是为了拯救他爹娘在关木清心中的形象，只能拉着关木清走了。一无所知的关木清乐颠颠地跟着春丫去了后院，最后得到了一个羊毛线脖子套。 这个的确是春丫为关木青亲手打的，不过打的时候他是准备打毛衣的，但是由于事业过于繁忙，所以目前就打了个脖子套。当然，能收到春丫的手工作品，关木青还是很开心的。不过就是有一点点的烦恼，春丫这个针能不能取下来？就下面一圈还戳着针，动起来真的不太方便。哦，这么得让我娘帮个忙，你等下哈，我去喊我娘。没办法呀，她不会打圈的收针啊。 所以，当张大夫踏进女儿房间的时候，就看到关木卿带着一个毛线的脖圈，下头还戳着三根针。张大夫直接笑倒在了门槛上。天爷呀，他到底是何德何能，能生出春丫这种宝货的呀？更令他啼笑皆非的是，关木卿居然还套进去了。这就是年轻人的爱情吗？如此盲目。不过在关木卿看来，别说什么套脖圈了，哪怕春丫现在叫他跳火圈，他也会毫不犹豫地跳过去的。 张大夫让关木清赶紧的把脖圈给脱下来，自己很快就给春丫收了围。于是关木清便收到了来自春丫和丈母娘联合送的一个羊毛线的脖圈，虽然有点紧，也不好看，还很渣，但是这是丫丫送给他的第一份新年礼物，他还是很高兴的。而春丫送给大伙的新年礼物就是一篮子的新鲜草莓，但是得徒子儿吃。到了次日，丹姑娘一早就把菜单给设计了出来。 傍晚的时候，康表哥就带着一篮新鲜采摘的草莓出现在了忠勇伯爵府门口。在门口等了很久的文竹，立刻把一篮子新鲜草莓送去了摘星阁。然后春丫在这天的晚些时候得到了裴庭的消息。虽说这草莓没有皇帝御赐名字的加持，但是还是订出去了不少。一套套餐卖二十两，一共订出去五十套。这还是春丫跟裴婷说好的，千万不能超订，所以才只订出去五十套。 虽说这钱也不算太多，但是因为是刚开始卖，数量也有限，所以春丫对这样的战果已经非常满意了。裴婷气死，说这买卖简直没法做了，跟亏本生意没差别呀、啊。春丫却说她要的其实也不多，反正只要够她随便折腾，不用为金钱而放弃自己喜欢干的事儿就行了。谢天谢地，赶来吃团圆饭的蔡氏拍着胸口道：“还好你就知道折腾你表哥种地，要是你跟个正常女孩那样喜欢什么玉石珠宝啥的，多少钱才够你随便折腾啊？”玉石珠宝。 我倒也，春丫话还没说完，立刻被蔡奶奶捂住了嘴。错了，奶错了，跟你道歉，别想，千万别想。那什么，走，奶带了自己腌的咸菜，给你烙咸菜饼吃，你就想咸菜饼就行了。祖孙俩可把大伙乐坏了。徐老汉见老婆子拉着春丫走远了，才撇嘴对徐达说：“你娘现在凶的像个疯婆子，也就春丫能治得了她。女人靠哄的吗？”徐达安慰他老爹：“这个世界上哪有怕媳妇的男人？只有尊重媳妇的男人。” 嗯，爹说的对，徐雷立刻点头。他现在就很尊重媳妇，关木青更是举双手双脚同意，说自己以后绝对向达叔学习，完全尊重媳妇的一切决定。徐达对此表示满意。今年徐家的年夜饭办得格外热闹，因为是回了扬州之后过的第一个团圆年，所以徐达和张大夫干脆请了所有亲戚来家里头吃饭，连原本应该在婆家吃年夜饭的张家三弟都来了。 招娣不说了，他家小姑子已经嫁给了徐家，而他公爹又是徐老汉的老四。平日里，徐家老宅的很多日常的事儿，也都是燕子娘帮着李氏、周氏一起操持的。所以这回老王家顺带着也都被邀请来了扬州过年。倒是来地盼地，这还是成亲后第一次来徐家。张家的两个姑爷跨门槛的时候，紧张的差点被门槛绊倒，引来张家外公的一阵怒斥，说这两人上不得台面。不过好在还有文外婆在，她先问了张家外公。 还记不记得自家到底是什么出身？又看俩孙女婿第一次来伯爵府，紧张的很，便让张家旺和大牛带着他们歇，还说自家姑母家里头虽然位高权重，但是姑母姑父却是极友善的，让他们不要紧张。来地盼地的俩相公这才哆嗦着腿，说自己平静极了，跟在张家人后头进了大课堂间。课堂间里头，老徐家的人早就到齐了，包括康表哥全家，今年也都来了。孩子们聚在一起。 总有说不完的话，课堂间里头热闹的简直像冷水滴进了热油锅，话头子噼里啪啦的往外冒。不过老的们还是嫌弃不热闹，两个老太太凑一块儿就在那儿忧心人类繁衍的事儿。蔡氏小声凑在文外婆耳根说：“你家大孙女儿听说有音讯了？”嘘，文外婆朝用手指比划了下嘴唇，还没到三个月，我让他们谁都先别说，自己小心这些就行了。兰儿也给把了脉，说是胎儿康健的很，日常行动没啥问题，别干重货，拿重物就行了。 阿弥陀佛，老天开眼，这孩子要的不容易啊，不过也算苦尽甘来了。老王头这家亲家，我介绍的不错吧？蔡氏是打心底的替招弟感到高兴。文外婆笑答：老姐姐说的亲事哪有不好的？以后我家那不争气的孙子还得请老姐姐帮忙相看女娃呢。哈哈哈，好说好说，这回答不可谓不敷衍了。要不是看在老姐妹的脸面上，蔡奶奶都懒得敷衍，肯定就当场把这事儿给拒绝了。张家旺人倒是还行。 就是张家那两口子，怎么说呢？总归差点意思。于是蔡奶奶立刻转移话题，问来弟盼弟这回怎么会也跟着来了？他们成亲也有些日子了，还不准备要孩子吗？说完还叹口气，说是现在这些孩子啊，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爱生娃娃。文外婆解释说，来弟盼弟是准备赚点钱再要孩子，不然到时候有了孩子没法好好养，孩子再吃他们姐俩当年吃的苦，说是不值当。这回来。 四个人就是想来问问他们姑父，明年来云季就要大变了，这纺织机不知道能不能提前先预定下。听闻外婆说完，蔡氏朝徐达他们那头瞧了一眼，嚯，你那孙女婿好像有点热啊，这大冬天的，头顶居然在冒烟。闻外婆憋不住笑，哈、啊、哈，这孩子来之前说是三天没怎么睡着觉，春丫说的那叫啥来着？对对对，心理素质不太行。其实要说紧张吧，这也怪不得盼弟他男人。盼弟男人名叫乔根生，本就是扬州乡下出身。 家里头有张岁数比他娘还大的织布机，据说是外婆给他娘的陪嫁。当初蓝云记缺工人，男女接招，乔家老母亲就动了心思，想教了儿子织布，然后让儿子去蓝云记应聘去。老乔头家里有五个儿子，三亩地，扬州城外土地又贵得很，想再多买一亩地都难，所以几个儿子平日里除了种地，都得打零工，不然三亩地根本养不起这么多人。不过学织布这事儿，也就乔根生这个小儿子最听话，愿意学，别的几个大哥都说这事儿娘们儿唧唧的。 宁愿去工地扛木桩、夯地基，也不愿意学织布。于是乔家老母亲三天功夫教会了乔根生织布。当然，那织布机因为年岁过高，男人力气多少也控制不好，也就这么寿终正寝了。然后乔根生就在蓝云记的厂子里被管事的婶子介绍给了盼弟。起初第一眼见到盼弟的时候，乔根生就觉得这姑娘挺好，女的，活的多好，完全符合他对媳妇的想象。没办法呀，他家都穷成那样了。 他找媳妇的条件也就只能放宽一点点了。不过随着接触次数的增多，乔根生渐渐真的觉得盼弟这姑娘再好没有了。他话虽不多，但是干活利索，与人为善，家里头也是农户出身，然后来到扬州讨生活的。听他说从小吃过的那些苦，乔根生就觉得这盼弟家可能比自己家还困难些，两家听着就挺相配的。乔根生是什么时候察觉出不对劲的呢？也不是说亲的时候。 当初乔根生喊了媒人去张家说亲，媒人回来说的聘金聘礼跟寻常人家也是一样的。而且听说他们在扬州住的那房子也是租的，那院子也很小，看着比他们家强一些，但是也没有强到哪儿去。真正觉察出来不对劲，应该还是在成亲前一天，女方拿来了好几台嫁妆，衣服铺盖都是全新的，关键嫁妆里头居然还有套金首饰，这就不太对劲了。不过盼弟当初也说过，自家有个略有些富庶的姑母，成亲的时候因为人不在扬州就没来。 乔家人勉强算是理解了，他们觉得这姑妈家可能是啥地主之类的，因为乡下土财主家嫁女儿，基本也就这待遇了。成亲之后，因为乔家穷得很，所以把乔根生和盼弟就单独分户了出去。他们俩反正有了独立生存的能力，就只能让他们自谋出路了。然后乔根生才发现了更不对劲的事儿，因为盼队给他看了一眼自己的压箱底，乔根生甚至看不懂，因为他这辈子没见过银票。 当他知道手里头的纸值两百两之后，那手抖得简直无法自控。另外，盼弟还拿出了春丫给的粗的像根公木盆的铜箍一般的大镯子，给他男人瞧了一眼。这可好，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的男人，就觉得家里头马上就要被洗劫了。盼弟说，这些就是平日里他都给奶奶保管的。这扬州府里头没人敢偷奶奶的东西的。乔根生怎么敢信？一听东西会放老太太那儿保管，他是既担心东西被偷，又担心管着东西的老太太被偷。 十日功夫，整整筹瘦了五斤。不过这还不算最刺激的，最刺激的还数三天前工厂放假，乔根生要带着盼弟一起回家，盼弟却说这回得去他姑妈家过年，然后给了他一套新衣服，让他穿得干净利索一些就行了，因为他姑父就是钟永伯，姑母就是甘德夫人，上伯爵府做客，多少还是得将就一些。乔根生吓得去问了一个厂子里的连金，就是来地的男人，没想来地的神操作跟盼弟是一样的。 姐妹俩都是商量好了，一起隐瞒，一起讲的。于是两连襟吓得抱在一起，瑟瑟发抖。来地的男人朱代荣，家境跟乔根生也差不多吧，反正家里头也是人多土地少的主。姐妹俩当初看人的时候，就只看人品是不是好，为人是不是体贴，以后自己能不能当家做主，别的他们都不看。从小就做牛做马的两人想的是，他们都有手有脚的，且姑母姑父这么帮忙，只要勤快，那就一定能过上好日子的。所以这个朱代荣跟乔根生一样。 两个都是老实男人。此时，这两个老实人坐在徐达跟前，问那织布机的事儿。两句话一说，那汉就不自觉地从脑门上冒了出来。张家旺，你们说话走远点儿。那个根生啊，你前面说的啥？姑父没听清啊。人家鼓起勇气说的话，因为张家旺和徐敏、徐欣几个孩子说话声太大，徐达愣是一句没听着。姑,姑姑姑姑姑姑父，乔根生越来越紧张了。我们是想那什么？盼弟实在忍无可忍了，便接了话头说：“姑父。” 我们是想来问问您之前说的织布机、纺纱机，现在能不能先定下？咱们听厂子里的好多人都在说，等外头开始有机器卖了，他们都想买，我们就怕到时候轮不上。对，他说的对。乔根生疯狂点头，莱蒂和朱代荣也疯狂点头。说到这个，徐达便转头问徐发：“怎么样？让你找的那些工匠都找着了吗？这机器制作都能上手了吗？”“没问题。”徐发点头，说是一个月做个四五十台都行。 咱咱们也不要多，就想先弄个三台织布机，一台纺纱机就行了。就就是这价格，朱代荣这个说话风格也是随了他老丈人了。不过此时他老丈人和张家外公正在和康秀才炫耀着张家旺马上要进京赶考这事儿，至于别的事儿，他们一概没兴趣。徐发看了眼自家大哥，才说：“哎呀，都是亲戚嘛，到时候就收你们点材料费、人工费就成了。”这么算，徐达点头，四台机器也要不了百十两的。 你们两家各出五十两，倒也合适。不过亲兄弟明算账，亲戚之间最忌讳的就是钱财不分清，都看情面干活，这种是干不长久的。姑父放心，咱们都说好了，每一笔开支都得记入明细，每月合账。这是莱蒂说的，这记账的法子还是张家旺抽空教他们的。那就行，那开了年，等蓝云记放消息出来，你们就去三元村找你们二叔，这称呼你们都跟着春丫叫就行了。诶、哎，二叔。 探地先给徐发行了一礼，另外来地和结结巴巴二人组也跟着喊了徐发。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几人话才说完，就听春丫喊：“大伙入座了，吃年夜饭了。”于是大家都各自入座，除了康姑父打死不跟老张家父子坐一起之外，别的人基本都是按照以前的入座习惯，自管自找位置。张家旺和大牛把结结巴巴二人组拉在了他们一桌上，说让他们不要紧张，姑父是在和气不过的一个人了。没一会儿。 张大夫就带领着一众女眷，各自捧着拿手菜，把菜都端上桌。张大夫说了，今日是家宴，他们每家都得出代表菜，不然都吃单姑娘做的，感觉就像在摘星阁，没有家的味道。家嘛，就是热热闹闹、乱哄哄。所以第一道菜就是张大夫的一锅炖。不过因为钱多嘛，这一锅炖就很豪华了：大虾、鲍鱼、花椒、瑶柱、大排翅、鸡肉、鸭肉、大鹅肉、白菜、萝卜和粉条。用张大夫的话说，这就是一锅。 痛风大补锅，不过难得吃吃，倒也不是不行。张大夫之后，李氏、周氏、徐芳、张家舅母都端来了自家的特色菜。李氏、周氏和徐芳端来的基本都是量大管饱的农家菜，什么三十个土鸡蛋炒的韭菜炒鸡蛋，三斤的腊肉，四斤的腊肠，盐腌的野蕨菜也能炒上两大盆。而张家舅母的端出来的必杀技就是他们老张家的臭豆腐和砂锅馄饨。啊，好想这一口啊！ 春丫见舅母端着现炸的臭豆腐上来，很是激动。他好久没去舅舅家吃臭豆腐了，哎，想十斤了。来晚了的道玄进门就闻到了这味儿哟，你们老徐家果然与众不同，大过年的还吃的这么重口味，我喜欢。这个臭豆腐多炸几盆上来。张家舅母才想问你谁呀，但是看张家旺朝他使眼色，只能点头说好，转身又炸臭豆腐去了。各家的特色菜上完，吃了一大半，单姑娘才开始发挥。 因为有农家菜开场，诸人都吃得极为放松，酒是一杯杯的倒，菜是一盆盆的上。喝高兴了的大牛还把招娣怀孕了的事儿给不小心透露了出来，气得他娘直拧他耳朵。可大牛却一点都不觉得疼，还是嘎嘎嘎嘎嘎,嘎笑个不停，像是个坏了的八音盒。招娣也被以春丫为首的女孩们团团围住了，大伙儿瞧着招娣那一点弧度都没有的肚子，瞎猜男女，然后遭到了张大夫的驱赶。行了，别瞎猜了。 反正不管男女，小宝宝健康才是第一位。他是怕招娣毕竟是古代人嘛，到时候对性别太过执着，心理压力太大才这么说的。没想招娣倒也不太纠结性别，他微笑点头道：“大牛哥说了，女孩就要像春丫，男孩就要像徐燕，反正都行。求子这么久了，不管男女，对他们小夫妻俩来说都是好的。”站在旁边瞧热闹的张家旺不干了：“为啥徐燕不像我？我才是舅舅啊！因为你小时候净欺负人，不是个好人。” 徐敏立刻接嘴，张家旺挠头，呵呵一笑，这不是改了吗？我现在肯定是好人。徐敏翻了下眼珠子，谁信啊？说完就转过身去逗满地乱跑的宝珠和菜头去了。张家旺也装模作样的跟着徐敏找小孩玩去了。不对头啊！春丫看出了端倪，他扯了扯徐英的衣袖，瞧瞧那两位。徐英顺着春丫指的方向看了过去，就见徐敏和张家旺一人搂着一个孩子，正面对面说笑。嘶，热恋中的徐英。 嗅到了一丝不一样的味道，你是说他们俩？不会吧，在我们老徐家，万般皆有可能。春丫摸着下巴说道：“有可能什么？”关木清的声音突然在春丫身后响起，吓了她一大跳。你干嘛？这是喝了多少？春丫问脸通红的关木清。关木清给了春丫一根香，没喝多少。走，放烟花去。说完，便明目张胆地拉起了春丫的手，往院子里走，引来旁边徐英和三个弟的一阵惊呼。 张大夫忙问他们怎么了，徐英立刻挡住了张大夫的视线，说是啥事儿没有，就是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三个弟疯狂点头，说是的，没错，我们就是呼吸声大了点儿。狐疑的张大夫朝院子里瞧了一眼，正好烟花被点亮了，而绚烂的烟花下，春丫和关木青也正依偎在一起。屋里头一阵惊呼，也不知是惊呼烟花，还是惊呼春丫和关木青的大胆。其实他们俩只能说一个大胆，另一个只能算是酒壮怂人胆。 正抱着菜头和宝珠的张家旺不无羡慕地跟徐敏说：“明年这个时候，咱们也要这么干。”谁要跟你？徐敏一跺脚，抱着宝珠就想走，可宝珠疯狂地撅着屁股，死活还要看。徐敏没办法，只能退回到了张家旺旁边，继续听他胡扯。远处，春丫已经被蔡奶奶提溜回了屋子。酒醉的打打正搂着关木清喊大哥。屋子里，张家外公和康姑父已经要撕巴了，可怜的康大表哥和张家俩女婿正在苦苦劝说两位。 可不能在伯爵府撕吧。直到棒子敲过三更，院子里放完了爆竹鞭炮，两位还在你来我往的互相问候。全家忍了这死老头子一晚的文外婆，直接把人给塞进了驴车，然后转头跟康姑父说了声对不住了，便拉着人走了。混乱又热闹，是老徐家的传统。这样的情景一直持续到了大年初八，关木清回了宁海，配封来的诸人也都回去了。徐达则带着春丫给皇帝准备的礼物，还有亲儿子、亲侄子，登了船，正式进京准备赶考。 一同去的还有徐欣他们书院的先生和另几位考生。临走之前，张家旺再三叮嘱徐敏，让他一定要等着他考了功名回来。徐敏虽然嘴上说着管我什么事儿，但是还是悄悄给他求了个平安符，塞在了张家旺的包裹里。挥别了这些男人们，春丫便马不停蹄地开始筹备起女校的事儿来。苏先生也被春丫从扬州请到了沛丰。原本以为沛丰这个小县城会比较僻静的苏先生，才入沛丰就震惊不小。 这地方很好啊，虽然地方没府城大，但是该有的几乎都有，热闹非凡啊。春丫毫不谦逊地说，主要还是他这郡主当得好。你这孩子什么都好，就是管不住嘴。苏先生忍不住要批评一下郡主大人，不过郡主大人无所谓呀、啊，他皮厚啊。说是人无完人，人若完美，天就要收。气得苏先生让丁香赶紧的带路，春丫这学生他不要了。安顿好了，先生，春丫又去看了看她还在继续生长的小草莓。 这可真是意外之喜呀！他活了两辈子，现在才知道，原来草莓能跟番薯似的，茎叶延伸出去，还能自己长根开花，不得了了不得呀！所以这会儿他们已经有了第二茬的草莓了。虽说味道总归没有第一茬的好，但是相差也不算大。裴庭那里的套餐售卖又可以进一步了。可惜皇帝吃不到，赐名就别想了。不过虽然皇帝没吃到新鲜的草莓，但是在徐达从扬州出发一个月后，皇帝还是吃到了。 酸酸甜甜的草莓果酱和蜜桃果酱，然后两罐果酱吃了三天就没了。皇帝宣徐达进宫述职的时候，首先先问他：这草莓果酱难道就只有一罐吗？你们不知道多种点儿吗？朕的皇后为什么没吃到新鲜果子？启禀皇上，这草莓咱们也是第一次种植成功，统共采收到了五六十颗，全给您做了这果酱了。且这草莓比蜜桃更无法保存，别说三天了，就隔了一夜，说不定就好了。 微臣这也实在是没办法给您送来啊！徐达说完，还一脸遗憾地看着皇帝。皇帝除了接受徐达这样的说法，也别无选择。这扬州为什么离京城这么远？如果在南京的话，别想别想，千万不能有这种念头。皇帝这是在劝自己。之后，君臣两人倒是正经地说起了海关开设这些时日来所取得的重要成绩。今年税子，朕已经收到了，共计三百五十万两，对吧？徐达点头，是的，皇上。 不过税子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咱们今年把海关的整体工作框架都搭建完善了，之后一切都会有章可循。好，很好。今年正准备在新开上海港，爱卿觉得如何？皇帝问道。徐达疯狂点头。好啊，这地方好，上接内河，下接外海，地理位置绝佳。皇上真是好眼光。曾经春丫就说过，S H 之所以会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港口，就是因为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皇帝说要在那里开设港口。 那徐达岂有不支持的理由？君臣二人之后便就此事说了半日，都快到饭点了，皇帝才让徐达自去吧。这可把徐达气坏了，一路都在抱怨皇帝就是个老抠搜。待徐达在京城述职结束后，他也没有陪孩子们考学，自己租了车马，便直接回扬州了。听闻徐达来了就要走，风声鹤唳的京中百官那紧绷的神经一下子就放松了不少。没办法呀，他们也不想紧张啊，可是去年查地一事，搞得朝堂上下不知道多少人被割了肉。 被查没和紧急处理掉的土地，恐有几千万亩。这还是皇帝没让永义侯他们查得太深入，仅仅只是走个过场，没有完全彻查的结果。皇帝得知这土地清查结果的时候，都不知该喜还是该悲。不过这土地的事儿，自此也在皇帝这儿挂上号。皇帝也跟太子说了，彻底清账的事儿得办，但是得缓缓的办，把一年的事儿延伸至十年去办，温水煮青蛙，慢慢来，才不会激起大浪。 当然，之后的这些事儿都已经与徐达无关了。他们老徐家的地都来得清清白白，要查就查呗。他身正不怕影子斜。徐达这回急着回去，主要是因为衙门里头公务多，皇帝要新设港口，他也得赶紧去安排人手。孩子们考学也不是一日两日就能考完的，他等不得那么久。再说，先生来了好几个，都被安排在了伯爵府内住宿。他又关照了王宗元和关静，多多照应俩孩子。家里头正下秋分，也都还在。 大勇更是贴身跟着徐新的。的徐达觉得这都还能出乱子，那张家旺和徐新这俩宝货也不能要了。当然，张家旺和徐新也再三保证，一定会低调行事，绝对不会像春丫似的，走到哪儿哪儿就会生出许许多多的事儿来。之后的日子，两人除了在府内温书，最多就是去配风小馆看三无书社的学生给街坊邻里的孩子们教学。秋芬看在眼里，很是感动，说两位爷到底还是稳重了不少。不过郑夏却不这么认为。 那到底还是他们打不过石金吧？郑大哥叫我，正在花厅门口拿着个绣绷在绣嫁妆的石金抬头问郑夏。郑夏忙摆手，没有没有，你忙你忙，我去庄子上瞧瞧去。说完便赶忙走了。最近马上要春耕了，郑夏怕他爹忙不过来，便时不时的会去瞧瞧。自从得了徐达的嘱托，关静就把石金给挪到伯爵府来了。反正都是绣嫁妆嘛，在哪儿绣不是绣？石金的任务就是看好两位爷。 每天念书不满五个时辰，一律不得出门。精细的活，石金干起来累得很，但是看人他还是挺拿手的。再说了，他来伯爵府看门还有个好处呢。秋芬姐姐，你来瞧瞧，我这怎么绣都绣不好。秋芬挺着个半大的肚子，撑着腰，说了句“来了”，便帮石金忙活绣活去了。不过这样的日子，张家旺和徐欣也没有熬太久，很快会是时间便到了。关静和王宗元夫妻俩亲自送两位大爷进考场。 关静还担心这俩孩子太紧张，再三叮嘱他们千万不要紧张，考出自己的真实水平就行了。只有先生知道，这两位就没有太过紧张一说，只有太过放松的可能。所以还没等关静说完，先生就连忙找不说：“你们俩虽然不要紧张，但是也切勿太过放松，知道吧？”诶、哎，张家旺朗声应道：“诸位放心，我此去定能考入头甲簪花游街。”徐鑫也很有信心：“我也必得功名，为我老徐家争光。”完了。 先生心想：完犊子了！这两人果然放松过头了。不过王宗元和关静却听得很高兴。王宗元还跟小儿子说：“瞧瞧，看看这两位哥，以后你可得好好跟这两人学着点，对自己要有信心。”王家二哥当即打个嗝，把才喝的奶给嗝了出来，引得婆子丫鬟好一阵的手忙脚乱。张家旺和徐欣就在混乱中被送进了考场。这场恩科会试放在了三月里，一共考三场：初九、十二、十五。提前一天进场，延后一天离场。 所以两位最后一场考完已是三月十六，特来接他们的关键问这两位簪花有没有信心。徐欣说他准备回扬州了，反正电视肯定轮不上了。而张家旺也挠头不已，只向关靖打听这京城哪烧香灵验来着，惹得关靖当场就绷不住笑出了声来。不过考完试烧香自然还是要烧的，于是他带着两位爷去了京城香火最旺的寺庙，让两人磕头上香，还添了不少的香火钱。到的四月初放榜出来。 徐鑫果然落榜，他倒也淡定的很，说自己年岁还小呢，过个几年再来考，定能簪花游街。这孩子成长的过程中，老徐家条件就已经好起来了，徐家两口子教育孩子还是以鼓励为主，当然春压除外。所以徐鑫经常会拥有这种莫名的自信。而张家旺虽然又掉了车尾，可毕竟还是得到了去宫里复试的机会。这所谓复试，就是在殿试之前先筛选一遍考生。有像张家旺他爹这样一紧张就结巴的。 这一轮就直接刷掉了，但是大部分考生只要发挥稳定，基本都没啥问题。所以那自信心跟徐欣一般爆棚的张大定自然没有什么问题。过了复试，到了四月二十一，张家旺便雄赳赳气昂昂地被送进了宫，考了一天，又烟头耷脑地回了家，早已落榜。约着好友满京城玩高兴了的徐欣还安慰他，没事儿，你也没多大，下回咱们再一起考。张家旺却说不考了，还考啥呀？我要回家娶媳妇去了。 他都想好了，主业只要能轮上个小官职就行，赚钱就靠副业，不也挺好吗？他已经完成了老张家从文盲到举人的突破，接下去的事儿就交给他的子子孙孙来完成吧。当下最要紧的，还是先要把子子孙孙的生产计划给安排上。所以张家旺急着回扬州娶媳妇，徐欣呢也想家人了。要不是还有两个一起和张家旺参加电视的同窗和先生拉着他们，这两大宝贝压根就不想等放榜了，立刻就想租了船回家。 不过也好在两人没直接回扬州，因为几日之后，伯爵府居然迎来报喜的人，张家旺居然得了三甲同进士，考了个倒数第二，摇摇摆摆的杀入了大干的文官集团。哦，不对，是末流文官集团。在徐新他们赴京赶考期间，江南那边可也一点没闲着。皇帝准备年内要宣布上海开埠，建设规模到时候会远超宁海等试点港口，到时候官办的驿站、码头、银行、四仪馆等等全部要建设完成。 还有各大商户招商入驻，交通运输所需的车行镖局，操办买卖的中人买办等等一系列涉及到商业活动需要的人才和场所，都要全部准备妥当。徐达不仅仅要设立新的海关分部，他还得遵照皇帝的旨意，帮松江知府一起把这些全部筹备起来。因为任务非常的繁重，皇帝特批让关木清出任松江知府，而之前的松江知府升调为户部右侍郎，除了本职之外，专管沿海开埠港口建设资金调转。 关木清从七品芝麻官做到四品知府，直接连跳六级，可把御史台给激动坏了。皇帝这是坏了规矩呀、啊，盘他。不过皇帝这回很从容，他就问朝堂上的诸人：这满朝的文武，除了关木清之外，谁还有从无到有，把一个小县城建设成年缴大几十万两关税的繁荣港口的经验？没有，就站出来去松江做知府去；没有，就统统闭嘴，不服气也没用，有本事自己上。 吴首辅还补充了一点，关木清当初可是二甲头名的船奴，理应直接入翰林院做庶吉士的。按照关木清的才学，这两三年一过，不管是做翰林也好，进六部也罢，都比他在松江做知府来的强。但是你们不要忘了，关木清当年是自告奋勇去宁海搞建设的，他才是真正知道皇上的难处，并愿意为此付诸行动的人。有些人吃着皇粮，拿着俸禄，哼，一听要出京为官，那躲得比谁都快。真不知道哪里有脸说关木清升官升得快。 皇上，照微臣看，您这个人事任用极为准确。微臣想不到有谁比关木清更适合做松江知府了。皇帝和一起听政的太子同时点了头。要不说这吴英良能坐上首府之位呢？人家到底还是有些见识才学的。当然，不服气的声音也还是会有一点，说吴首府既然那么想为皇上排忧解难，怎么不见你去啊？立刻被吴首府一句话给怼了回去。他就说：“本官虽没有去。” 但是本官的儿子去宁海做县城了，你家儿子要不要去海边做县城？这谁愿意呀？连御史台都不敢喊一句我，让我儿子去做主簿，没人敢拿自家儿子的前途开玩笑，除了臭不要脸的吴英良。于是松江府的事儿就成了关木清和徐达这对准翁婿的活计了。要说皇帝这人活得也很纠结，他既希望徐达能为他卖命，又不太希望徐家势力过大，所以让这翁婿二人一起搞事业。 皇帝心里头其实是很纠结的，但是又碍于的确没有更合适的人选，再说太子也极力劝说，所以皇帝也只能看了一两年再说了。到时候徐达那海关关长的三年期限到了，皇帝就要看他是不是会主动请辞。若是主动请辞，他就考虑一下让他留任；若不主动请辞，那皇帝就直接给他把差事给他撸了。没错，这就是德安帝一个活得极其拧巴的皇帝。于是，自从接到了皇帝的调令，关木清便把手里头的事儿。 全交给了新任宁海县令吴县令，自己则带着高童准备赶赴松江任职。没错，吴首府找到了儿子进步的方向，那就是让儿子踩在关木清曾经走过的路上，然后一路走向人生巅峰。不过他儿子考学不太行，巅峰肯定没关木清高，但是没关系，他的目标也不高，只要能让他儿子挤进中层官僚集团中，那也可以了。当然，在去往松江任职之前，关木清还特地去了趟扬州，给自家小媳妇报上这个好消息。 春丫自然早就知道了他升任知府的消息，毕竟圣旨是先送到冯喜那儿的嘛。不过既然关木清都找来了，那他自然要把贺礼送上。这回可不是什么只织了个薄圈的毛衣冒充的，毕竟他最近忙得很，连织个薄圈的空都没有。所以他要送的贺礼就是一个大西瓜，准确的说是一个照理应该无籽的大西瓜。为啥说是照理呢？ 因为这西瓜是木春庄第一个成熟的三倍体西瓜，春丫特地从木春庄带回扬州，想跟大家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悦。所以谁都不知道春丫这西瓜开开来，到底是有籽儿还是没籽儿。这关木青来的太巧了，正好，顺便这瓜又成了关木青的贺礼，一瓜多用，完美。因为是给关木青的贺礼，所以第一刀肯定得由关木青来切。春丫种瓜，关木青切瓜，最紧张的还是康平之。 毕竟春丫说这是她种的瓜，但是操碎了心的还是康大表哥。而徐达和张大夫，还有徐磊他们这些人作为看客，则伸长了脖子，就想见证下春丫又一次的翻车。我切喽！关木清转头看春丫，切。春丫咬牙点了点头。康平之很紧张，努力地调整着自己的呼吸。这一折腾折腾了大半年，成不成的就看这一刀了。张大夫扶额不已，别紧张，这只是一个瓜。 又不是个脑瓜，咔嚓！随着一声清脆的响声，西瓜裂了。关木青一刀切到了底，两半西瓜就这么展现在了大伙的面前。徐家课堂间里沉寂了几秒，然后爆发出七嘴八舌的喊声：“哎呦我去！终于成了！”春丫高兴地捧住了脸。康平之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背着手紧盯着眼前那没有黑籽、只有些微细小白籽的西瓜，嘴唇颤抖不已：“成了吧？这就是无籽了吧？哟！” 不错，果然种出来了。春丫，没想到你在种田方面倒还是有点天赋的。徐达老怀甚慰，姑父这倒也不至于。康平之这个人讲话还是多少摸着良心的。而一旁的徐磊只想问一句：这瓜真能吃吗？这颜色，这品相，怎么看都不像个真瓜呀！爽利的张大夫大手一挥，让关木青直接给切了，大家尝尝。春丫大喊一声：切一半，还有一半拿去卢府。这无籽西瓜都种出来了。 可不得让裴婷发挥一下，大家赚点生活费。可徐达不干啊，说他们老徐家这么老些人，一个都不够分。卢远正家才多少人啊？硬是给扣下了四分之一个。然后关木清展现了一下他的刀工，四分之三个小西瓜，硬生生切了三十来块，每块还可以稳稳的放在盘子上，都不带倒的。为了表扬这位刀工大师，春丫便做主让他尝第一口。老实说，在康平之热烈的眼神攻势下，吃这一块西瓜，关木清多少还是感觉有一些压力存在的。 他张嘴，慢慢咬上了一口，还没说话呢，康平之就问：“怎么样，好吃吗？”“好吃。”关木青微笑点头，能在春天吃上如此甘美的瓜，这种感觉真的挺奇妙的。平之啊，你自己也吃啊，不用盯着小关啊。来来来，你辛苦了，大舅母给你挑块大的。张大夫说着话，塞了一块给康平之，然后招呼站在课堂间里头看热闹的孩子们自己拿了吃，还给扒拉在他腿上蹭口水的宝珠也塞了一小块。春丫自然不需任何人招呼。 关木青说好吃的时候，他就已经自己拿了吃上了。前世头茬八千八百四十八西瓜最极致的口味就是脆嫩鲜甜。所谓鲜甜，就是甜度和香味达到最理想的状态的时候，舌尖可以感受到水果带来的自然鲜味。这个瓜的口味虽然还没到这种程度，皮也没有很薄，但是水分充足，香味清新，关键是它没有籽儿啊！所以春丫立刻宣布，这西瓜在大干基本就是无敌的存在了。吃瓜吃激动了的康平之还问春丫。 妹子，那咱们春耕还搞这无籽西瓜吗？搞呀，怎么不搞？咱们不是还剩了不少二倍四倍的种吗？马上安排，这会儿还正是春耕的时候，虽说种西瓜的可能晚了一点，但是也还来得及。现在种下到了夏末正好可以收西瓜。挖春丫想着想着，那眼前就开始冒银光了，这又是要来钱的节奏啊！女强人嘛，硬核的很，嫁妆都是自己赚的。当然，现在首要任务。 就是在搞个好点的西瓜往京城送，裴庭那里再开个新品发布会，让贵太太们先尝尝鲜，然后开放预定就行了。这西瓜倒是不必在摘星阁就吃完，富太太们可以拎着走，因为这货没有籽儿，想种别人也还真是种不了。春丫今年给自己的目标是，手里得再打造出几款拳头产品，把高档水果的种植、加工和供销产业链都做起来。而关木清今年第一年做知府，更是千头万绪，比起做宁海县令来，肯定会更为忙碌。 两人便说好了，今年抓紧时间各自努力，明年便能抽出空来成亲了。春丫更是允诺，说等手上的事儿都步入了正轨，自己成亲后肯定会抽更多的时间去松江府陪关木清的。听到春丫如此表态，关木清自然高兴，也说自己今年一定多多努力，争取明年成亲后自己能腾出空来多陪陪他。今年注定是奋斗的一年，两人也没啥太过矫情的，就在春日的小雨里告了别。当然。 他们的告别是为了迎接更好的明天。送走关木青后，春丫即刻让康平之回木村庄给找个极品西瓜来，然后拜托了冯喜把西瓜赶紧送往京城。冯喜的加急队伍现在反正已经成了生仙特派队了，他也是见怪不怪，立刻就让娄一山把西瓜送了出去。然后这瓜又颠颠地跑了三四天，到了皇城，进了后宫，被捧到了皇后宫中。待皇帝下朝，听闻扬州又送了瓜果来，急急忙忙换了大朝服，就赶往了皇后宫里。 然后他就看到个青皮大瓜被放在了皇后寝殿罗汉榻的茶几上，这是什么？皇帝没吃过寒瓜，因为那玩意儿以前基本上不得台面。皇后解释说，听说这个是寒瓜改良的，叫什么西瓜，里头听说没有籽儿。皇上要切吗？切呀、啊，切开看看，这又是徐达那女儿种出来的。皇帝左闪一下，右闪一下，就很好奇的打量着这个新品种。皇后点头，是啊，还能有谁？来人，把瓜切开。 不过皇帝却说他要亲自切，看看这瓜里头到底是什么样的，可把宫女吓坏了。皇帝在，谁敢把刀子递上前？最后还是皇帝自己去小厨房拿了刀，这才把瓜给切了开来。果然，这瓜居然真的没有籽儿。皇帝让人拿了勺子来，挖了一勺肉一吃，然后又连挖三勺，这才跟皇后说：“你也尝尝，味道很是独特，好吃。”这吃货一出手，果然就能立刻领悟到吃瓜的最佳方式，那就是用勺。不过皇后还是人好。 尝了口味道，觉得还不错，把另外半个没有动过的瓜让人切吧切吧，分去了宫中的殿。皇帝还不高兴呢，总共就这么一个，你还给分了，老徐家这也怪小气的，说的好像自己有多大方似的。皇上你也行行好吧，宫中的妃子这都闲的在宫里打毛衣了，赏几块西瓜是为了表示您还记得宫里头还有这些人呢，不是臣妾唠叨您，您这得空也去各处瞧瞧吧。皇后说完，偷偷瞄了皇帝一眼。 可皇帝却只是低头吃瓜，在吞下了嘴里的一口瓜之后，才说：“张大夫说了，人到了一定的年岁，肾气容易虚，朕就这么点肾气，全给你了。”皇后脸瞬时涨得通红，她身边的大宫女连忙带着小宫女往门外跑。阿佑、哎，皇上，臣妾错了，再不提了。您这话可不能再说了，臣妾多少还是要点脸面的，又不是那些个年轻妃子了。皇后气得直跺脚，可皇帝却一把搂住了她，她只觉徐达说的好像也没错。 女人不管到了什么年龄，只要愿意精心呵护，总有可爱的一面。最重要的是，徐达说：“你认准了一个媳妇儿，别到处留情，这日子就会过得非常简单。”果然没错呀。自从皇帝专宠皇后之后，后宫什么样的斗争都没了，妃子们每天看看书、弹弹琴、绣绣花、聊聊天，过得非常的清心寡欲，又和谐自然。皇帝不明白，为什么老徐家的人脑子都那么好使呢？ 连徐达这个憨货居然都能有这么精妙的总结，一定是张大夫教的好吧？在跟皇后斗闹一番之后，皇帝又命人拿来了笔墨纸砚，大手一挥，这瓜就得了个红宝瓜的名头。于是，张家旺和徐新到达扬州的时候，除了带回了张家旺考了个同进士的好消息之外，还把皇帝御赐的西瓜名给带了回去。一般来说，考取功名之后，不管是进士还是同进士，基本都会等在京城，等待吏部的安排。 但是因为每年光进士就有七八十，再加上同进士一百多，一次科举就会有两三百人等着吏部分派。可这一下子，京城的空缺能把二甲的人都全部录用进去就不错了。像张家旺这种倒数第二的三甲同进士，基本只能等着补缺。名门望族呢，一般都有自己的门路，而张家旺能指望的也只有自家姑父了。况且他也根本没想过要在京城为官，所以哪怕知道自己得了功名，张家旺也是第一时间和徐欣一起租船回了扬州。 两位大爷出扬州时候还是正月里，此时回来都已经快要到夏天了。回到扬州之后，张家旺第一件事儿就是跑去了仁济堂给徐敏报喜。我早知道了呀。徐敏擦着汗，把张家旺推出了伙房，里头正在熬药呢，热得很。你得了功名，你爹和爷爷早就疯过几回了。现在半个扬州城都知道你考了个同进士了。老张家几辈子的泥腿子，好不容易出个进士，不疯才怪。徐敏说完，还问了一句：“你这衣服怎么还被扯坏了呢？” 是半路遇上捉婿的了吗？哈哈，刚才我放了包袱就急着来找你，被我也扯的。既然你知道了，那就行。<laughs> 你等我啊，我这就让我奶上你家提亲去。张家旺说完，拔腿就走。提什么亲？谁要你提亲？徐敏冲着张家旺的背影喊了一句，然后发现吴娇正站在火房门口，一脸原来如此的看着他。徐敏赶忙捂住了自己的嘴。原来张家旺来咱们后院，不是偷师傅的秘籍，是来偷你的心啊！ 吴娇调笑道：“死妮子，居然笑我，看我不撕了你的嘴！”徐敏也是难得显露出了几分姑娘的娇羞，扑上去就要跟吴娇纠缠在一起，直到廖师傅喊了一句：“在闹锅里的药材又要焦了。”两人才停止了打闹。不过徐敏那嘴却是半天都不带耷拉下来的。这个张大定，谁要嫁给他？等到张家旺再次回到家中，张外公早就把张家舅舅、舅母还有文外婆给喊了回来。张家舅舅见儿子回来了。 冲出门外就要放鞭炮，就被儿子一把给拉了回来，说是有事儿要说。家里头诸人都以为张家旺想说中了同进式的事儿，所以都兴致勃勃地坐了下来，就想听听他们老张家是怎么走向巅峰的。不过张家旺却说：“既然我如今功名也考得了，那就是时候定亲了。”张家舅母听闻此言，差点没从椅子上磕下来。张家舅舅和张家外公就一个劲儿的在那儿问啥什么啊，还是文外婆稳得住场子，他开口就问：“家旺啊。” 你是不是看中哪家姑娘了？是啊，张家旺毫不掩饰的点了头。还是奶懂我，我的确是看中人家姑娘了。谁家？家里头是读书人吗？张家外公已经把自家定义为书香世家了。文外婆却问：难道是咱们认识的人家？不然，按照这小子的性子，不会突然对什么姑娘感兴趣，肯定是早就认识的。今天才会突然提起这事儿。张家旺再次点头。奶，你咋这么了解我呢？对，我看中了三叔家的徐敏。 什么？张家舅母跳了起来，不太好吧？那姑娘又是盘蜈蚣，又是玩蝎子，野得很。张家舅母看到他就有点犯怵。张家舅舅立刻附和说：“自家儿子如今找个有官身的老丈人，那也不是没可能啊。”张家外公更是不干了：“那可不行！你好不容易考了个进士，那徐家三儿子……”这人话还没说完，就见自家婆娘开始找起了东西，便顺嘴问了一句：“你找啥呢？”“我鞭子呢？” 刚赶驴的鞭子就放在门口凳子上的，怎么不见了？文外婆的回答让屋里几个持反对意见的人瞬时沉默了。很快，张家旺就在凳子下面找到了皮鞭，递给了文外婆。文外婆这才捋着鞭子上的须，缓缓说道：“徐家老三是徐家最老实的一个人了，能跟他们结亲家是张家旺的福气。但是照我看，就咱们家现在的条件，再加老张家的名声，徐老三两口子能愿意才怪了。” 你们还有脸在这挑三拣四？张家旺这还没做上官呢，这事儿可不还得找老徐家给帮帮忙？你们到底脑子里头装的是啥呀？能这么高看张家旺？你们到底有谱没谱啊？那徐老三不情愿，咱们还不情愿呢，两相不情愿不是挺好？闹这一出干嘛呀？张家舅母实在是不敢面对徐敏，他就最好这事儿不要成。张家旺也不闹，就说了一句：“那行，老张家等着断香火吧。” 反正除了徐敏，我谁都不想娶，怪没劲的。这大宝被疙瘩说出的话，简直要挖张家舅舅和外公的心。两人再三劝阻，张家旺却还是那句话：反正要么娶徐敏，要么就做和尚，你们自己选吧。气得张家舅舅直骂张家舅母，说他这是要断了老张家的香火呀。为了断孙子做和尚的念头，立刻哄着孙子说：行了，别闹了，一会儿就让你外婆提亲去，让家旺娘去吧。文外婆微微一笑：我老了，家旺的事儿，以后你们夫妻俩多操心操心吧。 文外婆想的是，以后结儿女亲家的还是自家儿子儿媳和徐老三夫妻，这会儿他去说亲，就怕人家太给他面子，勉强答应反而不好。哪怕文外婆也的确觉得徐敏这孩子不错，性格欢脱又有想法，以后可以当家做主。但是还是得让他们认亲，若是成亲了，以后公婆可是张家旺的爹娘，答应与否一定要想清楚才行。所以这回说亲，他是真的不能亲自上阵，无奈的张家舅母便也只能自己上了。 虽然徐欣这次没有得到功名，但是能参加会试也是一种人生经验。张大夫让他不用灰心，下次再考便是了。不过徐欣现在也有自己的想法了。娘，我想等过几年再考学，我年岁太小，去的地方又少，也没有太多的人生经历，所以在策论方面欠缺太多了。我想跟着爹到处走走，就当游学，等积攒些人生经验了再去考学，也许就不一样了。张大夫听小儿子这么说，居然有一种吾家有儿长成的感觉。 连一旁正在算账的春丫和徐英也抬起了头，说是三金说的话也有道理。此时的徐达正在松江府帮着关木卿筹备开埠仪式，过几天就会回来的。于是张大夫也答应了徐欣，下次如果徐达再要出差，就让他爹把他带上。明年徐达就要从海关里头退下来了，他的计划是先拿着皇帝御赐的腰牌到处走走看看，往罗些他需要的人才回来。到时候让徐欣跟着去，倒也未尝不可。 当然，如果他自己有空，也想跟着一起去看看。不过，按照关木卿三天两头给他们的暗示，明年恐怕还得筹办春丫的婚事，这出行计划不知道得排到几月去。几人正说着话呢，就听门口来报，说是张家人来了。张大夫还说呢，嗯，怎么来这么早？他们是定了晚上给两个孩子接风洗尘的，这会儿才下午想怎么人就来了？张大夫站在门口迎接，就见张家几人多少都面色有些尴尬。 于是他问问外婆：“这是有什么事儿吗？”当然，张家旺的前途得先问问，所以文外婆先问：“嗨，没什么，我就问问，徐达是不是快回来了？”张家旺这孩子考学也考得不怎么好，同进士，也不知道能安排个什么官职。哦，这个呀，张大夫倒是知道的。徐达接到张家旺的喜讯之后，就已经跟司徒知府说好了，沛丰县的县令蒋大人将调任府衙的通判，空出县令的位置，就让张家旺去干。家旺啊！ 这沛丰县可是春丫的封地，你得好好干哦，不然春丫可有七八百种法子找你麻烦。春丫嘀咕道：“七八百种倒是夸张了，但是七八十种嘛，还是有的。不过张家旺，你去做了县令，首要大事还是咱们府城跟沛丰县城的高速路哈。沛丰县这两年的盈余全砸在这路上了，可不能出啥岔子哦。”张家旺自然点头：“行，郡主说了，下官照办便是。”哟，这就拿起谱来了，文外婆是由内到外的快乐。 孙子有出息，女儿女婿又都打点的这么好，托了他们的福，自己的晚年居然可以达到人生愉快的巅峰。张家舅舅和外公本来以为张家旺可以在府城谋职，但是碍于文外婆笑得如此的高兴，所以转念想想，这县令也是一县之长，觉得倒也还行。张家外公难得笑嘻嘻的跟女儿说句谢谢你们费心啦。徐鑫更是一声声喊着张县令，这气氛烘托的很是到位。不过和谐的场面，因为张大夫的一句。 今日你们倒是来的挺早，而被打破了。张家舅母略显尴尬地说：“妹子，咱们找个地方说说话吧。什么事啊？”张大夫茫然地看向了文外婆，文外婆冲他挥了下手，没什么大事，就是你嫂子跟你说几句心里话，去吧，聊聊吧。至于老张家能不能延续香火，这就不是他能控制的了。略显疑惑的张大夫便把自家嫂子带到了自己的小书房里头详聊。 然后张家舅母就一咕噜把事儿这样那样一说，直接把张大夫给说懵了。这事儿我可做不得主，但是过几天老三他们会来趟扬州，到时候我让人来喊你，你要不自己跟他们说呗，实在不行请媒人来说相也行。其实张家舅母是想让张大夫去帮忙说相，可他不了解张大夫，这位可是甩锅界的鼻祖，怎么可能让人把锅随便甩到他身上？再说了，他自己也有点晕乎。张家旺和徐敏这两人到底什么时候互相看上的呀？ 像他这种没什么想象力的人，简直没法把这两人给联系起来呀、啊。等到吃完晚饭，大伙闲聊的时候，张大夫完全屏蔽了孩子们绕着张家旺哇哇哇只喊张大人的吵闹声，他就一直在观察张家旺和徐敏两人。这不观察不知道，一观察果然有戏呀、啊。徐磊他们喊张家旺张大人，张家旺是一脸的贱兮兮；而徐敏喊他张大人，张家旺却是一副娇羞状。关键是张家旺腰间别的驱虫香包跟徐敏的居然是同样花色的。 他之前怎么一点都没注意呢？娘、啊，春丫突然在张大夫耳边喊了一声：“看什么呢？”吓得张大夫差点蹿起来。死丫头，吓死我了！我都叫了您好几声了，您到底看啥呢？春丫循着张大夫眼神看去，就看到站在一起的张家旺和徐敏。不要告诉我，下午舅母找您说半天，是说徐敏和张家旺的事儿。你什么时候知道的？徐敏告诉你的？张大夫侧头小声问道。猜的呀。 过年的时候，这两人感觉就不对头。大哥刚才回来还问张家是不是哪里不舒服，才到扬州就立刻去了仁济堂，这就不用问了，肯定是去找徐敏了嘛。我觉得这两人其实还挺不错的，也只有徐敏能镇得住我舅舅和舅妈。张大夫问他为啥只有徐敏能镇得住他们？你想啊，春丫砸巴了下嘴，徐敏干啥的？我舅舅舅母若对他有啥过分的要求，这丫头一生气，随便撒一把痒痒粉，就得让这两位刺挠上好几天。只要撒过一次。 就再也没人敢造次了，你也不盼着点人家好。张大夫忍不住白了春丫一眼，可春丫也有自己的道理。我舅舅舅母就是吃硬不吃软的，他们得知道自家儿媳就是个刺头，这样敏子才不会吃亏。不过敏子这孩子从小有点缺心眼，儿，我觉得以后他们还是分开住好。到时候我舅舅舅母中毒次数太多，您这个治疗起来也麻烦。胡说什么呢你？张大夫真是不爱跟自家女儿聊天。现在看看张家旺和徐敏两人倒是挺相配。 就是这个家庭啊，太复杂了。张大夫决定不想了，反正锅甩出去了。过几天就知道这两人能不能相携一生了。五日之后，徐达和关木清一起回到了扬州。关木清从过年之后就几乎没回来过，春丫倒是去过两次松江府，所以这回回来，关木清一是来看看春丫，二是顺便恭喜一下张家旺，安慰一下许昕。而徐达这回赶着回来，是为了再跟两个弟弟叮嘱下工厂转型的事儿。今年大干的大事儿还真不少。 到了下月，就会陆续有签活期的工人会被放出蓝云记，到时候这纺纱机、织布机就开放买卖了。所以冯喜在五月底的时候，已经把之前开出来的不少蓝云记分厂渐渐关闭了。他们蓝云记也正在转型中，而徐家在安远集那里的工厂，五月底也已经跟蓝云记结算完毕，之后便不再用蓝云记的名号，而是直接用徐氏布业做招牌了。他们将保留三分之二的工厂生产力，另外多出来的人手。 就用来制作纺纱机、织布机，答应好来地判地的机器也都已经准备妥当了。只要他们说已经退出工厂了，那机器马上就可以供应给他们的小小织布厂。姐妹俩的创业之路从此就可以开启了。听闻徐达回了扬州，徐家老宅那头就全员出动，奔赴扬州，连带着平日因为要带孩子而不太进府城的周氏都带着孩子来了。他们其实不怎么想得明白，皇帝放着那么好的生意不干，反倒是渐渐把业务收拢了，这人到底还是不是徐达口中的抠搜玩意儿了？ 徐达解释说：“咱们皇上虽然非常的勤俭，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圣上是一位明君啊。皇上当初经营蓝云记的初衷，就是为了给神兵营筹措资金，增强咱们军队的实力。如今这个目标已经初步达成了，蓝云记又有了更好的投资项目。皇上仁慈，为了大干百姓不仅能够吃饱，而且可以穿暖，便让利于民了吗？咱们皇上真真正正是百年难遇的人皇啊！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被徐达这么一嚷嚷。” 忠勇伯府里头，诸人都被吓了一跳，只能跟着这货高喊“皇帝万岁”，连带着小小的菜头和宝珠都像模像样的朝着皇城的方向恭敬行礼。整个场面异常的狗腿。躲在阴暗角落里撸猫的西风忍不住小声说：“不至于吧？这会儿也不是在京城，我觉得挺好啊。不然咱们天天写日报，也写不出什么新鲜的来呀、啊。今日不就有又能写又新鲜的事儿了吗？这事儿一会儿我来写，你看着点，儿，我去讨口饭吃。”说完。 寻州抬腿就走，西风忍不住吐槽：“这人是被丹姑娘的吃食勾了魂了吗？才回来就要往厨房去。”此时，徐家大厅里头莫名其妙的参拜活动已经结束了。徐发凑到徐达跟前问：“大哥，咱们万岁也喊完了，那卖织布机的事儿，皇上准了吗？”虽说皇帝已经不再限制这个纺纱机、织布机的技术流出了，但是这么明目张胆的买卖机器，徐达思来想去，还是去请示了皇帝，这生意老徐家能不能干？ 毕竟这会儿还是皇权时代嘛，人家卖鸡蛋就算了，徐家居然还想卖老母鸡。皇帝知道的时候，实际上心中是不太情愿的。但是转念一想，皇后说的也对，这机器吧，本来就是徐达搞出来的。他当时要是藏着私心，没有上报，这些年神兵营的钱又得从哪儿出？再往深里想，这神兵营没有徐达，又从何而来？虽然皇帝不想这么想，但是事实就是，神兵营当初不管是技术也好，资金也罢，都是徐达搞出来的。 最重要的是，徐达此人没有在这个事情上贪功。沈冰莹说：“不管了，就真的甩了手，自此不再多过问。”蓝云记现在搞高速路的事儿，虽然大笔大笔的银两都在往下投，但是蓝云银行那边收进来的银钱，那也是大把大把的。宁海那一小段高速路，别看不长，但是收益却不错。若是以后那一片全线贯通了，十年内收回投资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儿。再说，蓝云记的布业也不是全部关停，只是略微缩小了规模，什么零售铺面、军需。 官办采买都还继续干着呢，所以这机器吧，皇上说了，咱们想怎么卖都行，就是以后若蓝云机想要，得以成本价提供。徐达说完，老神在在的喝了口茶，那就太好了。徐老汉大腿一拍，我都快愁死，你让你弟他们备货备货，结果备了又不敢卖，现在好了，可以放心大胆的卖了。至于你们各自拿几分利的事儿，你们自己商量，别的我就不管了。这要啥利不利的，咱家钱足够花。 徐达话音刚落，徐发和徐志就不干了，说是两人都商量好了，这卖机器的钱，三兄弟平分，各得三分利，多出的一分给爹娘养老。大哥就负责他们徐家的脸面、社交和机器的创新，他们两兄弟就负责干苦力、搞生产、抓安全。徐发还说，若是大哥非不要，那咱们这生意就不干了。那行，那别干了呗，回家帮爹种地。你春压大侄女儿，说是今年的土豆和玉米棒子肯定能成，你们以后就帮他种这玩意儿，争取种的好吃点儿。 说完，徐达还嘿嘿笑了两声。他就是这样的人，没人喊他躺平，他都分分钟想躺平。别说这会儿，徐发还说不干了，不干最好。大家做二流子，愿意就种种地，不愿意就在家里吹牛打屁，多美啊！之前为啥拼命要赚钱？不就是为了将来做个二流子吗？徐老汉立刻就把二儿子一顿骂。徐志则说是要给大哥讲讲道理，这个种地到底还是不怎么太赚钱的。 这厢徐家几个男人正热闹着，那头张大夫却命人去喊了张家舅母来。周氏难得来趟扬州，张家旺和徐敏的事儿，今日就让张家舅母去说去吧。很快，张家舅母就来了。张大夫喊了周氏和婆婆去小书房说事儿。蔡氏只觉奇怪，为啥这个傅氏会突然来家里，而且还要找周氏说话？他心中警铃大作，忙扯来春丫问：“你舅母来这儿干嘛？别告诉我准备给张家旺说亲，说的还是名字？奶奶好聪明啊！” 春丫对奶奶向来就是闭眼夸，怎么一猜您就猜到了？这还用猜？你舅母找你三婶能有啥事儿？肯定就是张家旺那臭小子考上了功名，他们就动了给他说亲的心思了呗。蔡奶奶皱眉不已，这事儿她也不知算是好还是坏。她倒是想询问询问年轻人的看法，你跟奶说说，你觉得张家旺跟咱们家名子配不配？嗯，我觉得吧，张家旺这人还不错，家庭嘛，我也不好评价，毕竟是我舅舅、舅母和外公嘛。但是怎么说呢？ 我觉得名字可以的，能压得住场子。咱们老徐家的女人走出去，那场面。春丫说着说着就容易离谱，惹得蔡奶奶怒道：“胡说啥呀？人家说亲又不是江湖比武，你还知道江湖比武？最近你们老年人的戏园子到底上的是什么戏码？那戏码可真是不是说徐敏呢？哎呀，你这死妮子，不跟你说了，我可得去听听你舅母放什么屁。你三婶傻不愣登的，到时候别被人骗了去。”说完，蔡奶奶转身就走。 那老胳膊老腿的走起来也是风风火火。蔡奶奶前脚刚走，后脚去拜访完司徒知府的关木清就回来了。此时院子里徐家几个男人聊创业聊得正酣，坐在门口的春丫见关木清来了，便悄悄溜出了客堂间，拉着关木清去了东院他的临时卧室。怎么样，跟司徒大人讨教的？春丫给关木清倒了杯水，递到他跟前。关木清苦笑道：“都道是我官运亨通，连升六级，可我到底没在府衙待过。” 里头的门道的确很多，不懂，只能摸索着慢慢来。好在司徒大人还不错，愿意借掉几人给我，不然你们家关关到了年底可能就要被罢官了。我爹不是跟你搞事业去了吗？怎么，他是不是帮到忙了？说完，春丫还打量下关木青，然后跟门外的丁香说：“丁香啊，你让单姑娘晚上炖上三只老母鸡给关大人补补。”哎，丁香应了一声，便往大厨房去了。是的，没错，丁香放弃了丁房小姐。 爱咋咋地吧。丹燕姐姐说了，小姐反正迟早都是关夫人。另外，自家夫人都已经呈现出半放弃的状态了，他们做丫鬟的，哎呀，这一闭眼就行了呗。关木清一听春丫要给她补身子，就随口说了一句，可不敢大补。大哥，你说的话我大概是听得懂的。春丫突然来了这么一句，关木清瞬间脸通红，他抓起春丫的爪子，问他，我让我姐早些来提亲，可好？我想过了，等到了九月，石金成亲之后。 就让我姐姐来一趟扬州，等她十月到了扬州，便能跟达叔兰姨提亲了。咱们明年三月你生辰的时候就成亲，你看可好？时间这么紧张，我来不及绣嫁妆了、啊。春丫很烦恼。虽然关木卿很爱春丫，但是听到这话，她实在是没忍住。丫丫，等你绣完嫁妆，我可能已经补不起来了。噗嗤，春丫瞬间笑喷。没想到啊，没想到，关大人你居然是这样的登徒子，请自重。我不要自重，我要成亲，我要娶媳妇。 关木清一脸似笑非笑地看着春丫，死你这没皮没脸的劲儿，是不是跟张家旺学的？没有，是我想媳妇想成这样的。关木清索性耍赖到底。咱们府衙有个衙役，比我小三四岁呢，孩子都生了一院子了。那衙役是不是姓余？春丫这人，反正就难得有正经说话的时候。关木清上手捧住春丫的脸，别发散思维。我说咱们俩的事儿呢，明年三月就成亲，你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我就抢了你去松江做压寨夫人。 被掰正了脑袋的春丫看着关木青，因为操劳而略微显瘦的脸，觉得这人的五官居然比年少时候更显深邃了一些。好看的下颚还留有青色的胡茬，嘴角带着微微的弧度，单纯好齿，很是一个俊俏小郎君的模样。吧唧，春丫鬼使神差般的轻轻亲了那浅笑的嘴唇，然后跟已经目瞪口呆的关木青说：“松江呢，以后肯定是个富庶的地方，不是什么山寨。不过也不用你抢，三月就三月，我同意了。不过张大夫，嗯。” 走到门口的丁香抬头一看，立刻转身，然后跑到了关不清独住的小院门口，把大门一关。娘啊，我要瞎了！我看到了啥呀？我的眼睛脏了。有往来的丫鬟问她：“丁香姐姐，你怎么了？为啥关院门啊？”“不为啥，可嗨嗨，不是那什么小姐和关大人有大事要商量，万万不能打扰。”丁香说的，汗珠子都要滴下来了。丫头们反正也是随便问一句，得了句解释。 便点头说他们会小点声的，然后就轻手轻脚的走了。院内的两人其实干的事儿，也就是丁香看到的那一瞬间而已。再大的动作，老实说，关木清也不怎么敢，毕竟他还不想被张大夫打断了腿再给接上。可就是这么清清浅浅的一来一往，两人都脸红了半天。春丫内心感慨不已，真是穿来久了，人更容易激动了。而关木清则来来回回的捏着春丫的爪子，时不时的说几句傻话，什么咱们以后就生两个孩子。 一个像你，一个像我，多了不准生。亦或是这知府他也不干了，干脆帮太子打点朵云轩也挺好的，又能待在扬州陪着春丫，钱还多。你老实说，我爹去了松江府，是不是怂恿你明年跟他一起退休了？春丫一听关木清说的话，就觉得太过熟悉，这肯定是他爹给关关洗脑了。没有，不是，是我自己这么想的，才怪。徐达这货就天天怂恿人家别干了，回扬州吧，家里头家大业大的。 也不缺你这二百两的年俸，给皇帝打工也落下啥好？你未来媳妇有爵位，你只管跟我似的，做个小白脸多好啊！咱们男人就在家带带孩子，女的出门赚钱拼事业，多么完美的家庭体系啊！还好关木清读过书，考过学，多少有点定力。要是换别个意志力薄弱的，说不定还真被徐达说动了。不过看到春丫，他多少好像也有点动摇了。我告诉你呀、啊，可别听我爹胡说，你也不用为了我牺牲，这样的爱太沉重，我不喜欢。 你呢，就让松江府那里赶紧的把路给修过来才是正经。关木清听完，忍不住紧握春丫的小爪子，知道既然我想护你周全，那也定会做出一番事业的。大兄弟，春丫突然单手勾住关木清的脖子，恐怕你搞错了，姐姐我会护你周全的，放心哦。哈哈哈哈，那就劳烦郡主大人了。春丫正想说不劳烦，你我谁跟谁呢，就听外头有吵嚷声传来，好像是张家旺。张家旺，关木清不明所以。 今日我舅母来给张家旺说相呢，瞧瞧去。这是一言不合打起来了吗？其实春丫是挺希望张家旺和徐敏在一起的，因为徐敏私下跟她们俩姐妹承认过，的确是挺喜欢张家旺的。这会儿如果真打起来了，那这事儿恐怕是不成了。于是春丫拉着关木青就要去瞧劝架，走到院门口，却发现门虚掩着。春丫打开门，站在门口的丁香还被开门声吓了一跳。丁香，你怎么站在这儿啊？春丫还好意思问呢。丁香低头道。 哦，回啥呢？回奴婢不想打扰二位亲嘴儿，不行会被打死。那找个啥借口呢？哎，的确是张家旺的声音，在嚷啥呢？走，赶紧瞧瞧去。春丫说完，抬腿就走。关木青看了眼支支吾吾的丁香，小声试探一句：保密。哎，奴婢知道。丁香立刻小声回道：好吧，肯定是刚才的亲密举动被丁香瞧见了。 下回再来还是留到成亲当天吧。此时春丫已经走到了前厅外的院子里，正好听到张家旺说：“三叔三婶，我是真心喜欢徐敏的，还望二位成全。”说完，正待他作势要下跪，就听一句女声喊道：“张家旺，干嘛呢？”春丫惊奇地瞪大了眼睛，天哪，他们老徐家这是演八点档吗？为啥徐敏在这个时候回来了？恰巧就是张家旺即将下跪的时候，啥呀？这是，这要巧呢？ 李氏和张大夫两人看的激动的，已经把手都不自觉的握在了一起。此时的徐敏已经跑到了张家旺旁边，他一把扯住了张家旺。男儿膝下有黄金，跪什么跪？有话说话。就是说呀，你好歹也是马上要为官的人了，怎么能随便下跪呢？张家舅母真是不知该哭还是该气。徐志和周氏更是吓得都不敢动。周氏无比懵圈的说道：“我我也没说不准啊，我就是一下子有点被被吓到了。老张家那名声。” 跑来说要求娶徐敏，那玩意儿被吓到也是正常的吧？非常为难的蔡氏也说：“张家旺可不行，你这么耍浑的，今日你若下跪求娶徐敏，你娘瞧见了以后见到徐敏就会想到今日的场景，那他俩以后还能不能好好处了？你这孩子平日里看着挺机灵的，怎么今天这般傻不愣登的？”张家旺立刻表示：“没有，我没想跪，我就是波棱盖突然软了一下。”现场略显紧张的气氛瞬间被张家旺给搞破防了。 徐达笑得最大声，你这孩子也真是，咱们在里头说的好好的，你二话不说就在外头喊，你知道咱们说成没成啊？张大夫看到这毛头小子，真是气不打一处来。那说成了吗？张家旺脑回路也很直接的，哦，那这事儿你还是得问你三婶儿。张大夫觉得自己没资格替别人答应女儿的婚事。周氏和徐志对视一眼，在张家旺开口之前，徐志突然爆发出老父亲的反应力，那个婚事不是儿戏，咱们家还得再商量商量。 这事儿三天之后给你们答复吧。对，周氏早没了主意，当家的说啥就是啥，咱们还得商量一下。三叔三婶，我是真心喜欢徐敏的，你们一定要考虑清楚啊！张家旺还在给自己拉票。行了，知道了，我这辈子也没见过这么说相的。走吧走吧，过三天再来吧，下回让春丫外婆来，你们都别来了。蔡氏很不给面子的，直接把人给赶了出去。之后，徐志便跟每个人讨主意，问徐敏到底应不应该嫁给张家旺。 不过他唯独漏了问徐敏，还是春丫提议，大家最好还是要尊重徐敏本人的想法。周氏才问女儿：明子，你自己愿意嫁去张家吗？张家旺这人其实还行，嫁去张家也行啊。一块住不一块儿住，对于徐敏感觉好像也没啥差别，因为他是决定以后一直要做炮药师的，家里头待的时间不长，所以住不住一起的其实没差别吧。但是张家舅,舅舅舅母不是跟在咱们这样的。周氏说的很含蓄。 张大夫直截了当的说：“你娘意思是张家旺爹娘爷爷都不怎么好相处？没事啊，我不怕呀。文外婆不是越活越自在了吗？我的本事可不比文外婆小哦。”徐敏微笑着回答：“他手里呢，什么泻药、痒痒粉多的是，但是那些都是低级玩意儿，他都不怎么爱玩。真想要征服人心，徐敏觉得还是得拿出他一滴入魂的武神散出来，让老张家见见世面。这东西只要一滴，那家伙死是死不了的。” 但是能每天保持一个时辰，让人浑身骨头疼到魂魄都开裂，药效可以保持三天，三天之后不需要解药，药效就自己过去了，对人体也没什么伤害，就是疼的时候非常让人绝望。这是一本的古书上记载药方，是以前宫里头专门用来审讯太监宫女的，最近才被廖师傅复刻出来，的确缺少实验对象。想到这儿，不知为何，徐敏居然产生了一点点小小的期待。朱人听徐敏这么说，忙跟他解释。 毒害公婆是要被杀头的，被说中的徐敏大笑两声，不会，怎么会？我是想要好好过日子的人，怎么会有这么邪恶的想法呢？三日之后，文外婆如约而至，她向蔡奶奶道了歉，也说明了自己没来的用意。其实蔡氏早就猜到了老闺蜜的意思，不用解释，我能不明白你的意思？婚事是大事，我也不会单看你的面子的。老三他们有事儿，已经回去了，不过他们让我转达一下徐敏和家旺的事儿，咱们老徐家应了。 但是还是老规矩，许敏没到十八，咱们定亲可以，但是成亲还是要等等。文外婆连连点头，说规矩他们懂的。张家旺等京城吏部文书来了，就立刻动身去配丰做县令了。以后徐家老宅有什么事儿，尽管去找张家旺就行了。蔡奶奶乐呵道：“那以后还请张大人多照应咱们家了。”文外婆也笑道：“那以后还请静怡郡主多照应咱们家张大人了。”哈哈哈，你个老婆子，便宜都给你占了，孙子做县令，外孙女做郡主。 这配风合着你最大、啊，老姐姐，你说这人老了老了，怎么就越过越顺心了呢？我每天躺在床上都乐呵的睡不着觉。你放心，家旺他爹娘有我呢，谁让我不乐呵不了了？我定也不会让他们乐呵的。文外婆胸脯拍得砰砰响，活像个黑帮女老大。蔡氏说：“那就劳你费心了，毕竟徐敏一出手那是非死即伤，还是文外婆出手，老张家那几个宝货安全一点。”真的，蔡奶奶觉得自己太善良了。 徐家三姐妹，第一个要成亲的是徐英，日子已经挑好了，过了九月的农忙，十月里就要成亲。春丫，她自己给自己说定了。张大夫和徐达还不知道，明年女儿三月要出嫁。徐敏，今年先把亲事定了，再过两年也就成为张夫人了。女孩子们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估计这针线活就得忙活起来了。当然，关于春丫的亲事，光她一个人知道，那也的确不管用。所以，关木清在离开扬州府之前，特地去买了礼。 很像那么回事儿的，跟徐达和张大夫商量一下成亲的事儿。对于自家的带刺玫瑰要被猪拱了这事儿，徐达多少还是有点矛盾的。自家养的这个大宝贝，徐达既怕被猪拱走，又怕看得太紧，把拱刺儿的猪给熬跑了。所以听关木清说要正式提亲，明年三月就想成亲，徐达就一脸便秘样。他既想拒绝，让春丫在家里多待几年，又不敢太过拒绝，就怕夜长梦多，家里这宝货在砸自己手里。还是张大夫沉吟了片刻才说。 那行，你让儿来吧。三月里天气不错，等他来了，咱们挑个好日子给你们定下来便也是了。娘，您都不会不舍得我的吗？由于张大夫回的太过爽气，春丫都觉得张大夫又有点想甩锅的意思。徐达也应和，是仨。明年春丫虚岁十八，后年才是真的十八。你家女儿这出嫁和不出嫁有什么区别吗？以后春丫哪怕成亲了，不是在松江，就是在扬州。回了扬州，难道她会一个人去住新宅子吗？ 张大夫很笃定的问道：“这可说不定。”我到时候，春丫都没说完话，就被关木青抢了话头：“是春丫回扬州，肯定还是住伯爵府。咱们一起回来的话，也还是住伯爵府。但是兰姨，你们放心，新宅子咱们肯定还是得买的。”说完，关木青还暗暗地扯了下春丫的袖管，然后朝他略带讨好的笑了笑。春丫只能闭嘴，默默点了下头，意思以后成亲了，也定会时时回来住的。徐达这才满意了不少。 终于点了点他那颗大脑袋，同意了明年三月春丫和关木卿成亲的事儿。这事儿终于敲定了，关木卿晃荡了好久的心终于落地了。他其实也不是担心徐家会悔婚，而是因为徐家全员都如此宠溺春丫，舍不得她嫁人。他是真怕自己到了三十岁都成不了亲。如今能在二十几岁娶上媳妇，他已经非常知足了。说定了婚事，关木卿才带着借调来的人回了松江。徐达这回没跟关木卿一起走，因为海关总署的事儿。 真的很不少，拜春丫所赐，徐达还得在大干海关推行标准化报关，全新的商品编码书也正在筹备中。然后因为商品编码得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倒也不是什么崇洋媚外之类的原因，实在是不用阿拉伯数字，一条编码可能得写一整行。所以取得了海贸权的商户还得派了人去专门培训学习，因为有了这个培训学习的事儿，春丫又说让徐达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报关员资格证考核也给安排上。 徐达一头得顾着新海关的筹备，另一头还得顾着这标准化报关的推进，那满头的钢丝小卷儿几乎都要被他薅完了。对于把事儿给搞得这么麻烦，卢远正也有点力不从心了。毕竟徐达不在这，什么商品编码书的编写审查，还有什么报关单的标准化设计、培训班的宣传招募，那都是他的事儿啊。要不是还有像大人这干活无比暴躁，但是效率却奇高的人在，卢郎中这会儿估计都撂挑子了。他很好奇地问徐达。 达叔，我就问一句哈，我不是质疑您，就是咱们为啥要把事儿搞得那么麻烦呢？徐达微微一笑，说道：“我来问你。”他随手拎起了放在办公桌上的一张单子，看了眼，指着上面的商品名问：“你知道溜子是个啥吗？”溜子，卢郎中皱眉不已：“啥呀？二流子，人啊，哪家呀？居然敢出口人？瞧吧，这就是问题所在。人家报的名，你压根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海贸卖出去的，咱们大部分不收税，但是进口进来的，咱们还得分级收税，对吧？那你连商品名代表了啥商品都不知道，你咋征税咋监管啊？当然，你可以说我不知道，可以去现场瞧啊，但是这多影响效率啊，对吧？所以说，如果让商户提前把商品是什么分类的、干嘛用的给报上来，咱们一看就知道这个商品需要哪些监管条件，怎么征税，那咱们查验单据是不是方便多了？工作效率是不是就能提高了？ 徐达为何会回答的如此之顺溜？就是因为他曾经也有过这样的疑问：明明是很简单的问题，为啥会突然多出来这么多的工作？春压的解答就是徐达说的这些。关键是现在大干口岸越来越多，没个标准化流程，到时候你这海关管你这海关报，到了下个港口就换了标准了，那岂不是乱套了？作为海关总署，也不能光知道收银子，不知道怎么管理进出口吧？再说，按照皇帝的意思，以后大干朝这个口岸。 只会越开越多的，那没有标注化的通关流程肯定是不行的。卢郎中人称扬州无阴凉，听徐达一解释，他立刻一边拍手一边称赞道：“达叔的远见，在大干称第二，就没人敢称第一呀、啊！”虽然徐达心中在大喊：“管我啥事儿，我哪儿那么会折腾事儿啊？”可某个扮猪吃老虎的姑娘早就提醒了他，想要他再给出谋划策，那就好好给他隐藏好大 boss 的身份。他可太优秀了，这时代容不得第二个如此优秀的女人。 当然，春丫说这话的时候，徐达多少是有点佩服自己家女儿的厚脸皮的。但是保密工作还是得做的，所以面对卢郎中的彩虹屁，徐达显得尤为冷静。他指挥了挥手，这些都是应该的。那个培训的商户现在要考核，只能到咱们府城来，到时候你把场地安排好。他们计划是两年内得把标准化通关给推行下去，过渡期间人员培训也得好好办啊。卢郎中表示，马上安排。 自从春丫和徐英都基本说定了婚期之后，佛保佑就张罗着去双梅秀房订了两套大礼服。这成亲用的礼服吧，规矩大点的人家新娘都是要自己绣的。但是按照春丫和徐英的忙碌程度，佛保佑是觉得，若让这两人自己绣礼服，可能成亲这事儿得十年后再说了。所以作为长嫂，还是得有点自己的判断，不能相信春丫拍胸脯说自己搞定自己的嫁妆，这种一点都不切实际的豪言壮语。哎。 佛保佑，看着自家特地收拾出来的绣花间，空空荡荡，忍不住叹了口气，然后自言自语道：“这都大半个月了，一块枕巾都没绣出来，还说要自己绣全套嫁妆，我真是信了他的邪了。连带着原本好好在家绣嫁妆的徐英都被拐跑了。”他转身就要走，却被身后的人影给吓了一跳：“嚯，当家的，你走路怎么没事？差点吓死我！你怎么这个点回来了？哦，才给娘去订了些蓝大褂和桌椅。” 就想着回来带你和宝珠去吃冰烙子去，你自言自语啥呀？春丫呢？不是说回来了吗？石头说完，还好奇地看了两眼春丫绣的枕巾，啥呀？这是猪吗？朝天儿、啊？春丫回来过了，但是拿了几件换洗衣裳，又带着徐英和从宁海带来的人回配丰了。至于咱妹子这绣的嘛，说是老鼠，公老鼠叫米奇，母老鼠叫米妮。佛宝佑，深深看了两眼枕头巾，又说：“我去喊宝珠。” 不过咱们先去趟双梅秀坊，他决定了春丫成亲用的绣品全部外定最靠谱，还有春丫贴身的衣裳，佛宝佑决定自己绣。靠春丫自己做内衣的话，这丫头肯定会用光板的布料的。不过其实也不能怪春丫没有在家好好绣嫁妆，她要忙的事儿实在是太多了。前头她得了沈姐夫的消息，还去了趟海宁，因为说是伊万先生骗来的，不是，是安利来的老乡都到了，春丫便跑去宁海看了下。 一共来了四个人，其中有三个居然是造玻璃的工匠，另外一个是牧师，所以他征询了四人的意见，把人都给带回了扬州。牧师他半路已经安排去了扬州的四仪馆，而另外三人春丫则准备带回配丰，再整点事儿。虽然这三人很坦诚的表示自己只是玻璃工坊的学徒工，会吹制，但是制作平板玻璃却非常的难，不是他们这种学徒工能上手的。但是春丫在乎这些吗？他压根不在乎啊，他在乎的是。 大干朝的有玻璃作坊啊，先有才能后金，所以他才会想着想把人带回沛丰，那是他的地盘啊。以后若是要建玻璃工房，那肯定得建在他自己的地盘上。之所以带上徐英，那是因为钱不都是他管的吗？这造工坊不得核算下成本价格吗？春亚这人吧，绣花不积极，搞是第一名。一行人到沛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康平之看到春亚带着三个洋人回来，心中警铃大作，就知道又要坏菜。肚子已经巨大的招地。 忍不住问春丫妹子：“你不是明年要成亲了吗？还有，怎么把英子也带来了呀？她不是马上就要成亲了吗？”春丫先问二表姐：“你这怀的真的不是双胞胎吗？这肚子也太大了。”“不是啊。”招娣摇头。“姑母每月都给我把脉，说不是双胞胎。”“啊，那你自己走路小心些哈。”“前面你问啥来着？”春丫这鱼记性又来了。康平之说：“你二表姐问你怎么不好好在家绣嫁妆，还带了洋人来，这是想干嘛？” 还想不想让人活了？我好像不是这么问的呀！招娣小声嘟囔道。春丫笑答：“成亲也不耽误干大事吗？”我是被他拉来的。徐英撇清道。至于什么大事，春丫便这般如此，如此这般的跟康平之解释了下。留在县城的表哥表嫂们都十分的震惊，正端着个碗蹲在一旁认真扒拉饭的康健之都忍不住抬头问：“玻璃，就是咱们暖房卖几百两一块的玻璃？”“是啊。” 这三人就是玻璃工匠，但是他们说自己的技术没那么好，大片的玻璃可能做不了。春丫略带遗憾的看了三人一眼，那三人却只盯着康健之碗上的一个荷包蛋看。大表嫂也看出这三人饿了，关键是这三人是财神爷呀、啊，这会做玻璃的技术简直堪比会空手变黄金啊。于是大表嫂问春丫妹子：“你问问他们是不是饿了？饿了的话，我给他们煮面吃。”春丫一阵嘚嘚嘚嘚，三个洋人也点头嘚嘚嘚，然后他回大表嫂：“是。” 他们说自己饿了，想吃煎蛋，表嫂多给他们来几个吧。好嘞，大表嫂应道。康健之的媳妇儿也说：“几位儿跟咱们走吧。”说完就冲三个洋人招了招手。而一旁的康平之看着三个儿走远了，才问春丫：“这事儿大舅知道不？”“不知道啊。”春丫回答的那叫一个理直气壮。康平之继续问：“那不知道不太好吧？你想啊，这大干潮要是能搞出玻璃来，咱们要不要跟皇上报备的？” 自从康平之去伯爵府送鱼虾，在大厨房遇到了寻州，知道了他的身份之后，大表哥就总担心大舅家哪个事儿没上报，一会儿再被皇上治了罪。像搞玻璃这么大的事儿，没有上报给皇帝，康平之总觉得不怎么踏实。春丫皱眉问：“这事儿得报告皇上吗？”“不是啊，这事儿哪怕不报给皇上，大伯大伯母总该招呼一声吧？”徐英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跟着春丫来，合着这事儿家里头压根就没人知道啊？可我爹说。 再不要给他找事儿了呀！我娘更没空，他最近不是在搞什么实验室吗？春丫之前还觉得自己可体贴了，现在想想倒是的确应该跟徐达说一下，因为他突然想到，三个字儿所说的熔炉可能就是干锅，这玩意儿达达熟啊，得靠他去搞啊。不对不对，这个不是找事儿，这个是……哎呀，反正我觉得这个是大事儿，你起码得跟大舅打个招呼。行啊，那就打呗。春丫想着达达还有用，立刻就答应了。康平之很欣慰。 觉得春丫到底长大了，听劝了，完全忘了这人又找事儿这一茬，可能他被虐习惯了吧，所以春丫这一趟算是啥都没干成，第二天只能留了三个德儿在配风，说到时候回来再给他们找个四医馆的翻译来，目前大伙儿就先用肢体语言交流着，他去去就回。徐英问他，那你这么来来回回溜我是几个意思？你怎么不溜大金啊？不许你说自己是狗子，我不同意。春丫佯怒道。 惹得徐英直往他身上扑，说要撕了春丫这张破嘴。春丫立刻投降，说自己不是故意的，只是出门把钱袋子带上比较有安全感。徐英气得要跳车，可还是耐不住春丫没皮没脸的往他身上蹭，嘴里头什么“英英大总管，徐家第一女强人”也是喊个不停。向来脸皮不怎么厚的徐英，三下两下就被这厚脸皮给哄了回来。不过春丫也欠了徐英三碗摘星阁的什锦水果牛乳冰烙子。回到扬州之后，春丫第一时间跟达达说了要造玻璃工房的事儿。 达达只问了一句：“我得出力吗？可能得要麻烦您老给咱们弄个干锅。”春丫答道：“哦，那这可以，别的就不碍我事儿了吧？”徐达这是被坑怕了。春丫点头：“是啊，别的你也不会呀。”行，开呗，挺好。到时候记得给家里头都换上玻璃窗哈。如今玻璃这玩意儿，除了死贵死贵，还买不着。咱们自己开个作坊，倒也挺好。说完，徐达还朝一旁陷入沉思的张大夫看了眼：“娘，你有啥意见吗？” 春丫问，双眼正是前方却没有聚焦的张大夫。张大夫突然吸了口气，然后才开口问道：“那能做显微镜吗？能搞针管吗？”“嗯。”春丫歪了下脑瓜子，“这个的话应该可以吧？就是做出来的可能比较简陋。”热爱小发明的徐达来劲儿了：“简陋怕啥？到时候慢慢改呗。我发现咱们这儿啊，人才可多了，就是匠人地位太低，不受关注，反倒大伙儿就爱往读圣贤书的路上挤。”春丫点头。 是啊，能往上走的路太少，人就都扎堆在同一条路上了。如果能有十条去往罗马的路，那谁还愿意都挤在同一条路上？不过咱们当下先解决当下的问题，这玻璃工房，那我就先干起来呗。爹，干锅的事儿您给我抓抓紧哈。咱们今年冬天能不能安排上阳光房，就靠您啦。那到底要不要先报给皇上？张大夫突然问道。春丫想了想，才说：“那三个洋人到底有没有技术还不知道呢，咱们不得先验证验证吗？” 如果三个洋人是骗子，那这事儿就当没发生过。如果这三个洋人不是骗子，可不得先把自家要用的给囤够了再说，不然到时候若皇帝想要争了玻璃工坊，那他也总不能白忙一场吧。至于浔州西风那里嘛，反正又不是徐达干的，只要关照他们，顺带的提一句，郡主又想了新买卖就行了。具体是啥，反正皇帝现在对徐达监管也没有那么严格，知道个大概，基本也不会追问太多了。三人商量妥当了，才把这事儿大致跟徐磊说了下。 倒也不是这三人做决策的时候故意把徐磊排除在外，实在是有些事儿没法当着徐磊的面说，比如罗马是哪儿，比如显微镜是啥，又比如针管是啥，诸如此类的问题。当然，徐磊也压根不在乎自己是被通知的那一个，实际上被通知与被喊去参与讨论，他宁愿选择被通知。只是得知妹子又要搞大事的时候，他不得不提醒一下爹娘和妹子，春丫不是明年三月里就要成亲了吗？咱们家不用准备准备。 咋还要玻璃工房啊？准备啊！张大夫用食指挠了下腮，老大，你说要准备啥？娘出钱。这娶儿媳她娶过，虽然过程也是有点混乱的，可嫁女儿没嫁过呀。嫁妆是早就准备好了的，什么首饰、摆件、古董的，她多的是，到时候尽管去库房挑就行了。别的庄子、田地之类的，单单一个木春庄都折腾死人了，谁还敢给她买庄子？徐达更是说，等他们老官家来提亲了再说呗，到时候缺啥咱们买啥。行了，我不瞎耽误时间了，先上工去了。 说完，背着手就走了。大哥，别紧张，我的嫁妆我会准备的，到时候你们别忘了给我包红包就行了。昨天大表哥说新鲜水蜜桃上市了，头一批送去摘星阁了，我先走一步，瞧瞧买卖去哈。哎呀，我今天是一早的课呀，老大呀，你别太焦虑，没事儿的。你爹说的对，到时候缺啥咱们买啥，你跟娘说要多少钱就行了，娘先走了。对了，你别忘了哈，宁海那头又要了不少丸药，你一会儿去仁济堂安排发一下货哦。娘走了。 早饭是单姑娘特地给你做的，你多吃点。娘不跟你唠了。看着爹娘妹子匆匆离去的背影，徐雷问正端着叠山药枣泥糕来的佛保佑：“春丫是明年三月成亲哈，我爹娘他们咋一点不着急呢？”爹娘春丫都是抓大放小的人，成亲这种小事儿，他们就不太想费神吧？佛保佑早就看透了自家公婆和小姑子。徐雷不干了，成亲怎么能算是小事儿呢？跟建设大干比起来，成亲不就是小事儿？行了，赶紧吃吧。 山药枣泥糕，多吃补肾。娘早上特地让丹姑娘做的。别问她怎么知道“建设”二字，实在是春丫说了太多次，不记住也得记住了。关于补肾的事儿嘛，生完宝珠，张大夫让佛保佑多保养保养自己，别那么快要第二个，不然对母体伤害太大。现在宝珠已经大了，能走会说，张大夫前头给佛保佑把了脉，觉得她现在修养的也挺好。在征求了佛保佑自己的意见之后，张大夫便把养身补肾的食补方子送到了丹姑娘手里。 一听又能搞事业了，徐磊立刻夹起一块山药糕。咱们这次争取也跟卢夫人似的，一次搞定俩双胞胎，这么好怀啊！改天木春庄的西瓜送来府里，你一下揣俩试试再说。这话也不迟。臭男人，站着说话不腰疼。佛保佑，瞪了徐磊一眼，哼了一声就走了。女人心，海底针。落单的男人大口大口地吃山药糕，反正女人心是不是真这个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 他终于又要开工了，可得多多储备起来啊！时间很快到了七月底，春丫的桃子、西瓜、草莓都陆续上市了。除了草莓的产量实在不怎么尽如人意之外，别的水果倒是都还不错。小规模的玻璃作坊也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中。干锅的事儿，徐达托了庞云给搞定了。只要等木春庄里头的小厂房建好了，这玻璃作坊就能开张了。反正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春丫就跟个有头的苍蝇一般，到处乱窜。 当然也赚了不少嫁妆钱，他甚至忙的都忘了张家旺前些日子已经正式做了配封县令这事儿，直到他去县衙找县令有事儿，见到的县令居然是张家旺，才又想起来了这茬。嘿呀，这小子穿官服，屁股看着照样很大。郡主大人找下官何事啊？张家旺一脸贼兮兮的笑着。张大人见了本郡主不行礼吗？比贼兮兮，呵呵，春丫认第二，整个配封谁敢认第一？ 张家旺立马上前抱拳作揖，说是下官怠慢了，还请郡主责罚。春丫当即让这大屁股做上十个俯卧撑，就是缓期下回回家执行。这回春丫找县令呢，主要还是为了大延女学开学的事儿。当初筹备女学的时候，春丫是想简单了，总觉得读书认字是好事嘛，总会有些略有余力的人家愿意让女孩认些字，学些技能的嘛。没想这个却是现代人的惯性思维，这会儿大概愿意出钱给女孩读书的人家的确不多。 加上配封再怎么热闹，也不过是个县城，所以招生一直到现在才招满了当初预设的人数。这会儿人数差不多到了，春丫就准备赶紧把女学给开起来，别到时候说好来报道的人都跑了。春丫呢，想来想去，觉得为啥女学没有人报，主要还是因为大伙觉得女孩读再多的书也没什么用，所以她还是决定来趟县衙，让县令大人出个面给女学剪彩，再让县令大人说道说道，女孩读书还是有用的。老百姓嘛，还是更信任官方一点。 这女孩读书有用，这事儿也不能光靠嘴上说啊！张大县令突发奇想，咱们衙门不是有很多文吏空缺吗？要不然就这么着，你们学制不是三年吗？那到了三年，你们就安排下考核，到时候考核前三甲就可以来官府做文吏，怎么样？这主意不错吧？张大人能找女文吏，那自然好啊。可这个大干律法能答应吗？春丫觉得张家旺这货也是被他们养得太跳脱了，他也有一定的责任，最起码不能让这孩子有违律法。 没有规定不可以，那不就是可以？文丽又没有官职，其实只要能读会写就行。再说张县令耳濡目染的这个成长环境吧，也证明了女人发狠起来，那基本也没有什么办不成的事儿。所以他是觉得，反正又不是官差，不过就是做做限制档案之类的登记管理工作，这个不管什么性别都能干吧？春丫立刻点头，你这个逻辑我觉得没有问题。他们扬州府因为之前开了蓝云记的关系，出门干活的女性比之前多了不知多少。 整府民风都是偏开放的，这么小小的改变，春丫觉得应该不会有啥大阻力的吧？于是两人一拍即合。三日之后，在大研女学的开学典礼上，春丫邀请了裴婷上台说话。她是这个大研女学的名誉山长。裴婷非常有感触，说的皆是自己的肺腑之言。她也不说女子该不该有才学，就问做娘的连大字都不识一个，那该如何教子？如何跟自家相公举案齐眉？相公说诗文。 你却说今日猪肉十六文，相公提笔画兰，你却说你画的这个韭菜太粗了，这夫妻做的有啥滋味？惹得台下来送姑娘们上学的家长皆哄堂大笑。可笑过之后，也觉得这卢夫人说的一点没错，想要找个读书人做相公，可不就得自己多少能读会写一点？陪庭之后，春丫又安排了苏先生上台讲话。苏先生讲的也很简单，就简单介绍了一下课程，除了读书写字，他还安排了女工课。 这女工课除了常规的缝纫刺绣之外，静怡郡主还资助了书院两台纺纱机、两台织布机，到时候也会开设纺纱织布的课程。这可真是意外之喜！台下三四十个学生和家长皆欢喜得很，直说这学肯定不会白上了。接下去轮到新任县令张大人结尾。张县令先是对女孩们鼓励了一番，又说三年之后毕业考核前三甲可以到县衙担任整理文书档案的文吏。台下在座的诸位家长几乎都站立了起来，一脸的不可置信。 再三问道：“真的吗？这个是真的吗？能进县衙做文吏，这对于男选手来说都是个好差事。别说女人了，一般来说，女人除了上告，都是不怎么允许进入县衙的。现在这个年轻的县令却直接说要招女学生做文吏，台下的家长甚至觉得这县令冒牌的吧？不然怎么可能会有人有如此大胆的举动？在张家旺再三表示本县一定会对自己的言论负责之后。” 家长们这才鼓起了掌，说是县令大人不愧是少年英才，胆子大呀。不过，哪怕不做文吏，裴婷和春丫也表示，自家的铺子若有需要招聘的话，在差不多的条件下，大眼女学毕业的学生他们会优先考虑的。所谓差不多条件下，就是大家都做过两年掌柜或者读过三年书的前提下，他们会优先考虑大眼女学的学生。一个开学典礼下来，有些出门前还在犹豫到底要不要交学费的，学费掏起来那叫一个爽快，就怕到时候说人太多了。 你学费掏的慢了，就进不了女学了。春丫筹办的这个开学典礼的确非常的吸引人，以至于在开学典礼结束后的第二天，又陆陆续续来了不少想要报名的。直到三日后，原计划招收四十人的大延女学，足足多招了一倍有余。看着若再招下去会影响教学质量了，春丫这才停了招生，让大家明年六月再来报名。之后，春丫又从府城和南京多招了两个女先生来，再加上三山书院的两位老先生。 一共五个先生，管百来个学生，倒也还行。至于明年再招新生的事儿，之后再筹划也来得及。这么一折腾，就又折腾了大半个月。关木清因为放完了手里的鸽子，也不见一只回来的，还特地回了趟扬州，看看到底出了什么事儿。然后才知道春丫在配风那叫一个忙啊。张家旺也出息了，放出的豪言壮语，老实说，关木清连想都没想过。他都可以想象到，三年后如果张家旺真敢那么干，弄得不好。 估计被罢官也不一定的。不过关木清突然想到，自己如今是松江知府，到时候若是能平调回扬州，倒也能替张县令说上几句话。嗯，此事倒也不是不行。关键是到时候春丫就不必来来回回的跑了。嗯，此事必定要成。关木清这回回来，虽只停留了两天，但是也正巧见证了春丫种的玉米的再一次采摘。这回好歹不是老太婆的牙了。虽说玉米棒子上的玉米粒儿还是有些稀稀拉拉。 但是比起之前什么一个玉米棒子上才十几粒玉米，那可好多了。郡主大人见关木清辛苦，还亲自煮了第一波采摘的玉米给关知府尝尝。啊，果然味道还是那么的朴实。丫丫，这个还是改天磨了粉糊饼子吃吧。关木清不太好意思说，这个嚼巴着吃实在是没啥味道，还干，还粗糙，还拉嗓子。春丫烦恼的捧着自己的脸，看着桌上一大盆的玉米，这玉米怎么跟个渣男似的？我对他们这么上心。 他们居然这么辜负我，也不知道长得那点甜点儿，哈哈哈！我不是渣男就行了，我不辜负你。赶了一路来瞧自家小媳妇儿的男人，看着这张忽而皱眉、忽而傻乐的脸，路上的疲惫直接就一扫而空了。不过好在土豆这回种的倒是不错，收成虽然不能跟番薯比，但是跟之前种的横向比较，那的确是有进步的。为此，康庄头还特地带了三个吕宋人去馆子里搓了一顿，以示鼓励。当然，牢房三人是早就不住了。 但是平日里也只能待在木春庄，不可随意离开的。但是这吕宋三人组吧，其实也并没有想离开，反正到哪儿不都是种地吗？在大干种地，起码不用被打，吃的虽然朴素些吧，但是还管饱，不也挺好吗？再说如今听说吕宋的弗朗基人和倭人还打着呢，回去不过就是被弗朗基人当人肉盾牌，他们在大干做农夫还安全呢。所以回去干嘛呢？他们才不回去呢！反正郡主说了，这玉米棒子且得好好改良呢。 他们就指着这些玉米棒子赖在大干就行了。当然，这木春庄里头除了这吕宋三人组，另外还有洋人三人组。就在关木清赶来的前两天，三个洋人就烧制出了第一批的玻璃制品，失败率不低，而且东西大部分是小件的。既然关木清来了，那春丫肯定得让官知府开开眼啊！看到玻璃作坊的时候，关木清十分的震惊：“你这这怎么居然连玻璃杯都能自己造了？”啊，我没跟你说吗？春丫也十分的震惊。 当然没有啊，有的话我早回来瞧瞧了。哦，我知道了，我给你写信了。春丫突然想起这事儿了，我没收到啊。关木青一脸茫然。春丫点头，对，放我抽屉里，忘了叫人送了。关木青瞬间低下了头。小祖宗，下回写好了信，直接交给丁香，让他帮你安排吧。一旁的丁香疯狂点头，反正他的记性再怎么样都不会比郡主差的。春丫嘿嘿傻笑几声，直接转移话题。 你瞧，咱们这小作坊怎么样？挺好，就是这个技艺太难得，就怕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关木亲突然又开始忧心起自家的小媳妇。放心，春丫递给关木亲一小块书本大小的玻璃，看这个，咱们现在只能造这么大小的玻璃。工匠得先把玻璃胚吹起来，再拉成管，然后剪开平铺，再散热，成功率极低，技术极其不稳定。若是上头问，咱们也有话说，就说这个东西现在还不太能做得成功，等技术稳定了。 咱们自己够用了，我就让我爹上报，咱们不会贪恋太多的，放心。关木清忍不住摸了摸春丫的脑袋，真聪明。不过聪明的脑袋也要省着点用，知道吧？不然我怕你这记性会越来越差。没事儿，等成亲了，你帮我记事儿呗。行。关木清恨不能立地成亲。整个八九月，春丫几乎都是铺在了木春庄。木春庄的玉米棒子虽然还得继续选种培育，但是水稻、番薯却是大丰收，棉花产量也很不错。 不过这些都不是赚钱的大头，春丫今年一个秋收赚得盆满钵满，靠的都是丰收的果子。今年暮春装的西瓜、水蜜桃卖得非常好，以至于市面上几乎就没有公开售卖的，基本都是有多少就被预定掉多少的。平日里跟春丫和裴婷要好些的夫人，还能走个人情，多买一些送送上级长辈、亲朋好友，长长面子。毕竟自从裴婷办了场头彩是朵云轩古董字画的诗会之后，这江苏一路。 不管是文人墨客，还是庸俗的有钱人，都已经把收到摘星阁的高级水果礼盒视为最为风雅的礼物了。当然，像一般的商贾或者员外啥的，那基本反正就预定吧。预定不上，那肯定是因为暮春庄产能有限了。不过黄桃作为曾经的宠儿，今年是受了不少冷落的。价格上肯定没之前卖的高，新鲜的甚至才几十文就能买上好几个，实在是因为现在种黄桃的人家多了，这价格就再卖不上了。至于黄桃的罐头嘛、啊。 市面上倒是暂时还没有，但是裴婷已经把这罐头的买卖从摘星阁择了出来，改为只做批发，不做零售了。这个主要还是因为春丫说，如今这黄桃多了，大伙也不怎么稀罕了，罐头价格就要往低里头走一点，走大众化路线。到时候买卖的量上去了，这赚的也不一定会比现在少。所以在裴婷的价值体系里，黄桃罐头这种走量的货是不能再出现在摘星阁了。 摘星阁以后冬天能卖的果子，自然是春鸭准备继续搞的暖棚草莓和各类反季蔬菜。这种东西虽然不能大规模种植，但是供应一个酒楼木春庄的产量还是可以供得上的。原本还想着今年能再搭一个暖棚的春鸭，在等了一个月，就等出二十来片完整的玻璃之后，也就在心里浇灭了这个念头。这玻璃的事儿，等忙过了阵，还得再想想法子。木春庄的果子，除了木春庄庄主和诸位亲朋好友关心之外，远在京城的某些人。 当然也是十分关心，在吃了春丫十多个西瓜、百来个水蜜桃，得到了张大夫糖尿病预防手册一份之后，京城的某些人才偃旗息鼓，说是今年要多多锻炼，明年再战。秋收过后，即将要出嫁，但是根本就没空给自己整理嫁妆的徐英，给春丫粗略算了一笔账，今年就光那些瓜瓜果果的，春丫就赚了能有两三万两，这还是跟裴婷分账后的净利。至于怎么跟裴婷分的账，那可就复杂了。 普通蔬果有普通蔬果的算法，高级蔬果有高级蔬果的算法，食品加工作坊有加工作坊的算法，摘星阁自然有摘星阁的算法。光春丫和裴婷分账的项目类别，冠英奴和徐英都得写个册子才能整理清楚。但是不管这账有少名堂，冠英奴和徐英每月都会把账给理清楚，因为这才是春丫和裴婷两人能长久合作下去的基础。所以哪怕徐英十月初十就要出嫁，但她也是把九月的账给算明白了，才回的三元村备嫁。 到了十月初五，春丫和徐敏、佛保佑带着宝珠也提前回了老家，说是要给徐英整理嫁妆。而徐达和张大夫还有徐大掌柜则实在是分身乏术，只能晚两天才回来了。此时，徐家老宅的前厅已经被徐英的嫁妆给填满了。原本李氏早就给徐英准备好了嫁妆，满满八抬已经是他们乡下的最高规格了。但是由于裴家下大聘的时候拿来的定亲礼太过惊人，李氏怕自家女儿到时候嫁过去被婆家看不起。 于是咬咬牙，把女儿的八台嫁妆直接加到了二十台，里头有两台是白花花的银子，整整五千两，再加上另外十八台嫁妆，差不多能有万两银子的价值。别说乡下了，如今整个沛丰县估计能跟徐英比嫁妆的也没几家了。连春丫都说，除了司徒若梅，她就没见过这么多嫁妆。佛宝佑也说，当初卢夫人出嫁，差不多就二十多台嫁妆。徐英这回真的算是风光大嫁了。其实佛宝佑说的有所保留的。 当初裴婷嫁人，的确是二十多台嫁妆，可是银票、地契、房契也拿了一大摞。裴家倒也不是这回下聘给少了，而是怕给多了再吓到人家。毕竟他们结亲的对象是徐发家，而不是伯爵府，这聘礼也不能太超规格。裴家想的是，等小两口成亲了再给钱，他们让他们慢慢把家当攒起来就是了吗？当然，徐英嫁妆多归多，大伙的压箱底该给还是得给的。 佛保佑，除了送上了定制好的大礼服和亲手缝制的贴身衣物外，还送了徐英一套金头面。而春丫作为姐妹，得一视同仁，跟当初送张家两个弟一样，都是一个铜箍一样粗的大金镯子。招弟成亲早，当时老徐家还没那么有钱，送的压箱底略轻了些，这个不要紧，到时候招弟的孩子出生了，再给孩子也是一样的。不过，作为压榨徐英劳动力已久的万恶资本家，春丫私底下又送了他的英掌柜一张千两的银票，吓得徐英连连摆手。 说是肯定不能要他的，红包包的比大伯大伯娘还大，想吓死谁呀、啊？春丫直说徐英这人叶公好龙，每次忙得六亲不认的时候，这人就一直嚷嚷说没有千八百的银子，可再不能给春丫这个坑货干活了。可这会儿千两的银票都摆在徐英眼前了，他却不要了。你还真当我是要钱啊？徐英嗔道：“我那不是累了抱怨两句吗？你还当真了？当真啊？”春丫点头。英英的需求就是我前进的动力。你说吧。 还想要啥？若是要那水中月，天上星，我也给你去弄来。啊、哎、呀，徐英忍不住推了春丫一把。这调情的话，你倒是跟你们家关关说去呀，跟我这说啥呀？我这个是格式范本，你十二晚上可以跟你们家裴哥哥说呀。裴家接亲定的是十月初十，然后接亲队伍坐船去苏州，到苏州就是十月十二，这日才算徐英真正成亲的日子。好你个春丫，看我不撕了你的嘴！ 姐妹俩逗闹了好一阵，直到到处找这两人的徐敏闯进了徐英的房间，两人才停了下来。徐敏也是来送压箱里的，不过他没啥钱，给准备的是他自己亲手炮制的丸药。英，你记住哈，这瓶药丸吃了可以解痒，这瓶吃了可以止泻，这瓶吃了可以止痛，这瓶可以止吐。不是，春丫忍不住打断徐敏，为啥都是解药啊？我寻思着裴家人也不会有那么多病症吧？哦，因为这个是泻药，这个是催吐药，这个是。 停，徐英制止了徐敏说下去。小姐，我是去嫁人，不是去报仇雪恨。这些药估计是用不上的。徐敏说道：“不是说你成亲了，得去苏州住上一个月吗？估计以后每年也得去苏州住上一两个月吧。咱们苏州又没人，要是裴家欺负你怎么办？到时候你跑又跑不过人家，打又打不过人家，只能给他们来点，你才能脱身嘛。解药是怕你到时候自己要以身试毒才给你配的。不过你放心，这些都没啥大毒性。” 就是吃了浑身不得劲儿，哪怕没有解药，过个两三天，药性过去了也就自然好了。听徐敏说完，春丫和徐英两人面面相觑，不知如何解释。裴家跟张家可能不太一样，这事儿。敏子，我问你哈，你是不是对嫁给张家旺有所恐惧？春丫觉得徐敏可能是因为张家舅舅舅,舅母而对婆家产生了一种不太正面的刻板印象。怎么说呢？徐敏挠腮想了下，恐惧是不会恐惧的，要恐惧，难道不是应该张家舅舅舅,舅母恐惧我吗？ 但是呢，正所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我就是怕茵茵一个人在苏州遇到什么事儿，到时候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那要不然带着？春丫面露难色的看向徐茵。虽然春丫是信得过裴家的人品的，但是她的确没有接触过裴萧的太太，也没去过裴家。他们裴家这种大门户里头的人多，事儿更多。春丫可以拍胸脯保证裴庭人品没问题，但是她没法保证裴家全体人品，包括下人都是没问题的。 徐英看着眼前的瓶瓶罐罐，问道：“那要不然就带个泻药？带的太多，总感觉不是去成亲，而是去寻仇。那也行，那你多带点儿。”徐敏拿出自己随身带着的小药箱，那叫一通找，找出三瓶泻药，全给了徐英，然后顺便又找出几瓶。喏，这个是贵妇地黄丸，这个是左归丸，这个是右归丸，这个是五子衍宗丸，可以了，敏子可以了，你陪姐夫也许没那么虚。春丫实在忍不住要制止眼前这个疯丫头。 完了，完犊子了！他们老徐家的女孩真是一个比一个疯的，有特色。因为之前在仁济堂当过二掌柜，所以徐英也知道这些丸到底是干嘛的。此时脸已经红成了猪肝色的徐英，都不知道自己该撕了哪个的嘴才好。不过最后，徐英还是翻着白眼收下了徐敏一小部分的好意，因为徐敏说是姐妹才跟你讲，不是姐妹我都不舍得给。这里头的药可都是上好的，我师傅亲自种的，跟外面卖的可不一样。 这就是老徐家的姐妹们，啥都可以直接说，不用顾及对方会不会不开心，因为他们可都是异父异母的亲姐妹，是可以绝对互相信任的存在。时间很快到了十月初十，徐府上下张灯结彩，进进出出的人多的是喜悦的笑脸。可李氏去看正在换装的女儿，却忍不住落下了泪来。此时已经开始紧张的徐英见她娘哭了，也瘪了嘴，瞧着也是一副立刻就要哭出来的模样。正在一旁跟徐英交代一些关键信息的张大夫赶忙说：“哭啥呀？” 今天大好的日子可不能哭啊！若是实在想哭，要不然我让春丫进来给你打套拳。春丫今天穿的是月牙白的锦缎上衣，上头绣了莲瓣篮，底下是胭脂粉的叠纱裙，这裙子还是双眉秀芳新出的款，很是飘飘欲仙。就这小仙女似的打扮，还要打套拳，这画面感一下就把母女俩给逗乐了。张大夫这才继续说，就是该笑嘛。弟妹，你想啊，寻姨也就去苏州一个月，都说好了的，裴家不会食言的，放心吧。一个月后。 你女儿就回扬州了，你什么时候想去看都可以。女儿哪怕嫁了人，也是自家女儿嘛，跟之前没啥区别的，可千万不能哭。他这话像是说给李氏听的，可又像是说给自己听的。徐英忍了又忍，然后点头跟她娘说：“娘，您不用耽我，我很快就会回来的。”诶、哎，李氏也点头：“娘等你。”要说徐英本来在扬州，其实有时候母女俩忙起来，一个月可能也就见个一两次。可是如今想到女儿要出嫁了， 李氏却觉得一个月的时间非常的难熬，毕竟女儿在可靠的大伯家和在富甲一方的大户婆家，作为母亲来说，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几人正说着话呢，就听外头响起了鞭炮声，之后便是吹吹打打的声音传来。没过多久，就听春丫的声音在门口响起：“英子好了吗？迎亲的来了。”张大夫站起身，喊了梳妆妈妈和两个准备让徐英带走的丫头一起走，他想把最后的时间留给母女俩说说贴计划。 站在门口的春丫见张大夫带着人出来了，又问一句：“衣服换好了？那我进去瞧瞧。”“等会儿吧，一会儿你二婶出来了，你再进去。”“前头怎么样啊？你们家小关也在堵门？”张大夫说着就勾着春丫的手往前头走，说是瞧个热闹去。乡下嘛，就是图个热闹，没有特别大的规矩。轮不到他，三木叫了一大帮人，看着就不像是要堵门，而像是要抢新郎。张大夫说了一声：“夸张。” 然后到了门口，发现全村的小年轻几乎都在了，于是又说了一声太夸张。原本三火想的是和徐欣一起，要用对子把裴姐夫给对晕，可是秀才遇上兵，实在没啥用武之地。男女双方的那些堵门的也好，迎亲的也罢，就跟老徐家的院门过不去。别看女方这里人多，可裴家这回来接亲，因为路远，是特地派了家里头的护院家丁来的。双方那挤门的劲儿啊，要不是他们老徐家这院门是新的，估计这会儿连门框都能给他们挤下来。 直到徐老汉忍无可忍，大喝一声：“够了！这门造价百两，谁给我弄坏了谁赔。十两也得说百两了，不然今天恐怕老徐家这闺女是出不去门了。”然后堵门的后生们呼啦啦啦一下子全跑了，裴家的一众迎亲队伍全滚了进来。好在新郎因为碍于礼服不能皱，没有挤在前头，不然的话也得摔个狗啃泥。在一旁看得直乐的春丫问站在他旁边的关木青：“若咱们成亲的时候，我家也这么堵门，你怎么办？” 你也没个家丁啥的。关木青这回回来，一来是看看春丫，二来也是老徐家给他分派了个送亲的任务。那你就不要欺负我。关木青一脸吃定春丫不会为难他的样子。春丫眉头一皱，啊，原来不能欺负你啊！我原本是想着亲自堵门的。噗！关木青真的每次听到春丫与众不同的回答，总是忍不住要笑出声。我倒是挺期待你来自己堵门的，就是不知道兰姨会不会对你下手，想看我笑话。 诶、哎、到时候我请了我师傅堵门，嘿嘿，文也行，武也行，看你怎么把我们家的门给破开来。关木青假装一脸诧异，我的郡主大人，你这个不是守门哈，你这个是气了通天的金刚不坏之墙啊。乖，可不能这么为难人。哈哈哈哈！春丫笑答，好期待哦，真的很想试试让我师傅堵门。我错了，再不笑你了，错了，真的错了。就在这两人说话间，新郎已经进了门。 春丫见状，便不再跟关木青瞎闹，转身去了内院。陪家来迎亲的人，在三催四请后，才见穿着大礼服、盖着大红方巾的新娘，由春丫和徐敏两人搀扶着，缓缓走出了闺房。徐三背起妹子上了轿，徐燕给姐姐换了鞋，李氏在一旁哭得泪流满面，搞得张大夫和周氏都鼻酸不已。燕子也抹着泪，不停地劝慰李氏，直到门前放了鞭炮，大红花轿便在老徐家诸人的不舍与祝福中，缓缓远去了。徐英嫁人是去苏州。 徐森因为家里头还得办宴，走不开，所以徐家派了徐雷和顺路回松江府的关木清，带上了伯爵府的几个小厮去送嫁。佛保又已经培训好了的两个丫头也跟着去了，以后就算是徐英的陪嫁丫头了。徐达看着远去的花轿，忍不住跟徐老二说：“哎，生女儿就是这点不好，看着孩子这么走远了，这心头啊酸得很。”可不是，徐老二吸了吸鼻子，丫头还是揪人心。直到花轿没了踪影，蔡氏才喊了一声：“行了，回去吧。” 人走远了，咱们这儿还得开宴呢。周氏也劝慰李氏嫂子：“咱们进去吧，一个月很快的。”这会儿他倒是对徐敏的婚事有点满意了起来，起码老张家近啊，而且张家旺以后就在沛丰做县令，徐英也会去沛丰仁济堂做事，以后他要是想女儿了，马车半个时辰都不要就能见到了。这可能是徐敏嫁给张家最大的好处了。道理李氏还是懂的，想想一个月其实也不算很长。 所以他也很快打起了精神，招呼着大伙往家里头走。该办的喜宴还是得办，徐英的婚事才办完没两天，关静就带着一双儿女和石金来了。这回他是来给关木清筹办婚事的，原本是想着在京城备齐了聘礼，带来扬州的。可是细算下来，这么干的话，那客船是没法租了，还得租个货船才行。还是王宗元拦下来自家媳妇的豪放之举，说是扬州什么没有，要采买直接去扬州采买就是了。 再说春丫这丫头向来与众不同，到时候旁敲侧击的问问她喜欢什么，想要什么，再出彩买下聘不是更好？这回去就把太子这些年赏给青儿的古董字画什么的带着就行了。关静一听有道理啊，于是便带上了关木清的全部身家到了扬州。因为神兵营的大部队还没有从宁海撤回京城，倒也不是因为守备需要，而是这枪炮生意实在是太好了一点。原本一个月跟半次郎交易一次，现在都改为十天交易一次了。皇帝反正。 赚钱吗？不寒碜，所以庞云婚后也得马上回宁海，故而连带着石金干脆也一起跟着关静回了扬州。石金觉得扬州宁海这一路他跟着春丫走的多了，来回也不是什么麻烦事儿，每月去宁海陪上庞云三四天也就够了嘛。为啥石金不跟相公跟关静呢？倒也不是他不喜欢庞云，实在是跟喜欢庞云比起来，他更喜欢自家夫人和春丫小姐。 当春丫得到消息，匆匆赶去王家，然后在王家课堂间看到石金的时候，激动的哇哇直叫，说石金这是来晚了，不然的话地里的瓜呀果呀的随便造。他觉得送去京城的那几个瓜呀果呀的，肯定不够石金吃的。关静直接被春丫给气笑了，合着成亲耽误时间吃瓜了呗？对哦，七秒记忆的春丫这才想起石金已经成亲了，石金怎么样？成亲的感觉好不好？你这发髻都没换，新郎官也没来。 哈，不好意思，我都忘了。对了，我让人送来的成亲礼，你可收着了？因为石金成亲，春丫没敢去京城，所以便托人送了对上好的玉佩和几匹好料子去了京城，算是给石金的贺礼。石金哈哈一笑，收着了。瞧，我这都带起来了，还有一个给庞大云哥带了。成亲的感觉吧？嗯，挺好的。半夜突然想吃宵夜了，也能喊了人一起出门吃呢。春丫小姐放心，云哥对我好的很。 家里头公婆叔伯妯娌都还不错，对我客气的很呢。老实说，庞家人实在是不敢对这位新媳妇不客气啊。成亲第二天，当时金在庞家教场拉开他陪嫁去的五弹弓的那一刹那，老庞家上上下下，包括老太爷、老夫人，还有庞云的那些个兄弟和侄子侄女，都在心中暗暗发誓，绝不会跟石金产生任何的冲突的。而从石金放出箭时，直接射穿了草靶，把箭深深埋入老庞家青砖墙的那一刻起。 庞家老太爷、老夫人再也没有抱怨过儿子要单独立户住出去的事儿。不过石金其实觉得庞家人还不错，锻炼完了身体，敬茶的时候，他倒是说了句：“若是爹娘觉得不妥，他跟云哥住家里也不是不行。反正到时候他骑马去将军府也是可以的。”吓得庞家老太爷、老太太忙说：“不用不用不用，咱们在家里有照应的很，你们喜欢怎么样都可以。既然石金想回将军府继续当差，那咱们也万没有不允的道理。” 还是住将军府边上，石金来回方便些哈。庞云见石金愿意住家里，倒也挺高兴。他还说呢：“爹娘，既然石金愿意住咱们家，那咱们就住在家里。”闭嘴！老子问你了吗？啊？我现在在跟石金说话，有你插嘴的份儿吗？石金啊，你不用听这臭小子的，一切还是要以你方便为主。在将军府当差得空的时候，回来看看咱们就行了。庞家老太爷说完，还踹了儿子一脚，说他这人一点不顾着媳妇。 为人太差，不过庞家老两口到底怎么想的，石金倒也不怎么在乎。既然能住得离自己夫人近一些，那他还有啥不答应的？当下就叩谢了公婆，说一定会好好当差，家里头有啥事儿就去他们买的小院儿或者将军府找他就行了。老两口心情异常复杂，因为跟将军府突然走得这么近，让他们非常的激动与快乐。可是想着自家儿媳这个孔武有力，那射箭时舍我其谁的样子，就又有点瑟瑟发抖。不过算来算去，总归利大于弊的。 毕竟石金瞧着还是挺爽朗和气的，于是成亲不过五日，石金小两口就搬去了将军府旁边的小院单住。不过还没住上三日，石金便跟着关静回扬州了。所以实际上对于石金来说，成亲就是有那么几天多了个饭友，别的好像也的确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不对，有一点不好，唯一不好的就是家里头的床买小了，我老怕压翻身压着云哥。石金突然补充道，惹得春丫嘎嘎,嘎嘎嘎嘎笑个不停。 而关静则拍着石金的小胳膊，忍不住咬牙说：“你个丫头，房中的事儿怎么好乱说？春丫小姐又不是外人。”石金觉得，虽然春丫是主子，她是下人，但是春丫待她跟姐妹一般，就是说床大床小嘛，这有啥？春丫还在一旁一边嘎嘎嘎笑，一旁嚷着让石金在自家赶紧安排盘个大炕。三人笑闹一阵，关静就领着春丫说要给她看关木青这些年存下的家当，让她有啥想要的就直接说，她立刻安排去采买。 到时候下聘直接给她抬到家里去，这其实是有点不合规矩的。但是关静早就把春丫当成了自家亲妹子了，就像王宗元说的，春丫这丫头的想法跟别的规格小姐不同，她也是知道的。所以除了一定要有的聘礼之外，别的东西关静也想问问春丫自己的想法。没想春丫却道：“我也想不出要啥呀，家里头也不缺啥，咱们家平日穿用都简单的很，什么克丝锦缎的，一年也用不上一回，放着还怕生虫，每年还得晾晒，怪麻烦的。” 这样啊，关静好像有点明白了，他点了点头。那我明白了，我会看着办的。对了，你不是说带我去兰姨的医学院瞧瞧吗？现在正好有空，咱们瞧瞧去。行啊，春丫点头。走吧，姐姐这么久没来，可得好好瞧瞧咱们扬州有啥变化。说完，关静就要了马车，把孩子都交代给了奶娘，春丫则留了丁香帮忙照应，自己则带着石金和关静往医学院去了。这一年多没来扬州，关静就觉得扬州的变化也太大了。 铺子是越来越多，别说城内热闹了，连城外当初造蓝云记的那一大片地方，他从城外码头进来的时候，都觉得比以前热闹多了。自从蓝云记的工人陆陆续续放些出来之后，城外开小作坊、小脚店的人家的确是多了不少。虽然大部分的工人还是选择留在了蓝云记继续干活，但是也有小部分因为各种原因想要闯一闯的，也打听了路子，买上一两台二手处理的机器，开了小作坊纺纱产布。虽然因为没啥染色的技术， 布料颜色品类很少，但是因为价格不贵，所以往远些的村镇卖去，生意倒是还行。当然，也有消息灵通的，就像两个弟那样，会直接去徐记买机器。但是新机器都得等，等待时间基本都在三个月左右。没办法，大干朝目前只此一家做这生意的，这订单多的，连去下订单都得排上来半天。好在盼弟来弟他们要的机器是提前预留好的，压根不用等。徐达还做了主，一台百八十两的机器。 以成本价三十两就卖给了他们，所以这会儿盼地来弟的工房已经顺利在沛丰县城外的一进小院子里开张了。至于姐妹俩工房的选址，自然是张家旺给的意见。他说自家弟弟都做了县令了，二姐一家也在沛丰呢，那姐姐们的作坊自然要开在沛丰县了。招弟在九月里已经顺利产下一子，足有七斤多，在这个时代，七斤的孩子就算是很壮的了。原本大牛还想带招弟去扬州待产呢，结果人还没走，孩子就已经生下来了。 这要不是庄子上人多，搬台赶车速度快一点，招娣这孩子差点没生在田埂上。因为这孩子的降生，招娣那种带着一层薄纱的笑颜也总算是明亮了许多。不过张家舅舅舅,舅母因为舍不得扬州的生意，目前还没去沛丰投奔儿子。毕竟儿子一年才五十两银子的年俸，他们在扬州开的铺子再怎么样，一年一二百两总能赚的。沛丰虽好，可他也不是府城啊。张家两口子琢磨着，这沛丰的生意肯定没扬州好做。 在二百两银子和时刻见到儿子之间，张家舅舅舅母选择了二百两银子。毕竟他们还想给儿子在扬州买房子，以后干不动了，他们还想买点地啊、铺子，啊，做做包租公包租婆呢。当然，张家外公是极其想去配风陪孙子的，但是文外婆不答应啊。他说，若张家外公极力要去配风捣乱，那他就干脆让张家旺回来，把他拴在张家外公的裤腰带上拉倒。张家外公自然不会听文外婆的，反正一门心思的就想去配风。 不过还没等老头把要带走的行李盘点好呢，张家旺就回来了。他说是奶奶去了，消息说爷爷想他想出大病来了，就让他别干什么老什子的县令了，就在爷爷跟前尽孝的了。辞呈他都写好了，就差递给知府大人了。要是不是怕张家旺才做县令，就得丁忧。张家外公差点一口气没上来，直接被这个宝贝大疙瘩给气死。他劈手就抢了张家旺的辞呈。 撕了粉碎还不算完，还把撕碎的瓷城扔进一旁做壶烧水的小陶炉里头烧了才算完，说是让张家旺这辈子都别再起什么辞官的念头。什么不好学，成天的跟徐达学，真是要气死人了。张家旺见此，便再三保证，以后自己每月肯定会抽空来看爷爷的，让他老人家安心在扬州溜溜鸟、吃吃茶、喝喝酒，快快乐乐养老就行了。文外婆是没什么哄人的耐心的，她不过只是小小的威胁了一下张外公，说是死老头子，你再做，我就停了你每月二两银子的花销。 老张家的财政大权现在可都掌握在文外婆手里呢。最后不得不打消了去配丰的念头的张外公说，自己肯定不是因为二两银子的事儿才不去配丰陪孙子的，主要还是他比较听孙子的劝。张家旺当即表扬了爷爷的成长，并且偷偷塞给了老头二两碎银，说让他买酒喝。虽然张家外公对别人一般，但是对张家旺却一直是很疼爱的。在大是大非方面，张家旺肯定不能退让，他就怕爷爷去了配丰，因为自己是县令。 老人这脾性，再搞出点什么事故出来，他没法跟信任他的姑姑姑父交代。但是怎么说呢？爷爷这些年的疼爱，张家旺也是不会忘记的。所以该撸顺毛的时候，他也得撸顺毛。这就是张县令如今的处事法则。虽然谈不上什么完美吧，但是也算是有点轻重。处理完爷爷这事之后，张大定还顺道去找了徐敏。他跟徐敏说，他对自己的处事方式表示非常满意。徐敏的白眼翻得差点翻不回来。 扬州的变化，除了因为蓝云记放开技术垄断而产生了一系列的蝴蝶效应之外，张大夫的医学院也算是扬州的一件新鲜事物。这医学院怎么跟别的书院还不太一样呢？这怎么还有那么多刀啊？才进医学院的关静正好奇地打量着张大夫的实验室，这会儿正好得空领着关静参观的张大夫说：“咱们仁济堂的商科、妇科、儿科都是偶尔会需要动刀的。” 所以，咱们也结合了真实病例，让目前的这些正在学习的孩子也开始尝试拿起手术刀。当然，因为张大夫本来自己也是半路出家的，所以这个所谓动刀，跟后世的手术精细度肯定不能比。再加上麻药目前还不是最能跟得上，所以大部分的手术基本都是皮肉上的事儿。至于破腹取子之类的，目前也就张大夫和齐鲁两位大夫能下得了手。不过，张大夫的原则还是不到紧急关头非剖不可，就尽量不要剖。 毕竟如今的手术风险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关静点点头，嗯，兰姨说的有道理。那这动刀的话不会用真人吧？哈、啊、哈，想多了，咱们一般从蛤蟆开始，然后再到田鼠、兔子之类的。张大夫如此解释。春丫也说，咱们木春庄如今养的兔子基本都折在这医学院了。对了，今天有没有解剖课？有的话，姐姐该尝尝咱们这儿的五香兔丁，味道可好了。好吧。 这解剖课合着是帮厨房杀兔子、添火石而设立的，关静懂了。不过走到另一间实验室，关静就又不明白了。可是为啥这些瓜果蔬菜还有米呀、啊、面啊的都发霉了？这不用扔了吗？关静问道。张大夫解释道：“咱们医学院的学生啊，现在除了要学一些比较正统的医药经典之外，我还想让他们保持对医学的好奇心。就比如说这个橘子，光放着慢慢会干瘪掉，要放上很长一段时间才会发霉。” 可是这个被咬开的橘子却会在短时间内发霉长毛，这个是为啥呢？为什么？关静皱眉看向春丫，春丫呵呵一笑，我咬的，我有毒啊！Uh, 关静被吓了一跳。张大夫拍了春丫一巴掌，别胡说八道，哪怕有毒，也不是咱们平常意义上毒，不然你还能活着。但是咱们就得带着这个问号去研究探索一下，是什么让这个橘子快速发霉，这些绿毛到底是什么？ 其实张大夫很想搞抗生素的项目，但是他发现如今这个年代，什么研究设备都没有，根本没有条件搞出合格的抗生素。如果乱搞，抗生素里杂质太多，再注入人体，那倒是可以快速的送人投胎。作为大夫，肯定不能如此，所以他之前就没把这事儿提上日程。但是自从春压的玻璃工坊开工之后，张大夫仿佛看到了一丝丝的希望。现在的条件。 自然是无法研究这些厚实的药品的，但是他想在学生们的心中种下一颗种子，等到阳光雨露来临的时候，这些种子自然会发芽，然后长成参天大树的。也许他在大干生活一辈子都不会看到那些他希望看到的药物的诞生，但是也许春丫可以看到，宝珠可以看到，宝珠的孩子可以看到。张大夫觉得只要有希望就应该留下希望的种子。关静虽然觉得研究霉烂的食物非常的怪异，但是他又想。 兰伊既然是大干朝几十年来的第一位甘德夫人，那肯定是有她的过人之处的。于是他表示，这个东西他虽不懂，但是还是觉得很有意义。到时候回了京城，他也去京城搞一波筹款，为这大干唯一的医学院添砖加瓦。虽然张大夫如今手里头办学的钱早已足够，但是想干的事儿还有不少，所以对于捐款，他自然是来者不拒。说是到时候有需要，就派他们学院最帅气的学生去趟京城交流学习，顺便让关静带着去化缘。 没办法，谁让大干朝这么穷呢？张大夫搞事业就没指望过官家出手。关静在城里带着孩子和十斤春鸭东颠西逛，玩了三四日之后，总算是把提亲的事儿给安排上了。倒也不是他贪玩，实在是春鸭安排的行程太新奇了。什么暖房种瓜果，女学教骑射，摘星阁里抢拍极品宝石，另外文外婆他们开的老太太茶馆唱的戏说的书，关静都不敢带着大姐儿听去。不愧是老太太的茶馆，戏本子的狗血程度。 不是一般年轻姑娘能听的。总之，对于差点忘了正经事儿，关静觉得不能太怪罪自己，实在是这扬州的生活也太精彩了。不过，既然要提亲，关静还是得好好安排安排的。他先去找了于夫人，说是让他给做媒人。于夫人现在轻易也不出手给人做媒人了，主要当初石头那场婚礼，多少给她留下了点心理创伤。再加上作为摘星阁的公关经理，于夫人其实是很忙的。不过再怎么忙，关静的面子还是要给的。 于是，余夫人便带着关静好一通忙活，只折腾了整整小半个月，才把下聘之前的事儿都给准备完了。因为春丫和关木清早就定了亲，问明那集的事儿早就已经办过了，所以余夫人说，按照大干如今的习惯，男方直接下了大聘去请妻就行了。关静自己没办过婚事，京城王家婚丧喜事虽多，但是他也不是什么当家主母，每次都只是跟着王宗元去走个过场就是了。所以如今到了弟弟成亲，关静几乎也是两眼一抹黑。 反正于夫人说啥就是啥，她自然不会反对的。于是乎，在十一月的头里，于夫人挑个好日子，戴上了官镜，抬了整整二十八台聘礼，一路敲锣打鼓地往伯爵府送聘去了。路上瞧热闹的，只说这二十八台聘礼对于一般的大户人家来说是足够的了，但是对于钟勇伯爵府来说似乎普通了些。毕竟钟勇伯家的女儿可是他们扬州城唯一的一个郡主。但是也有人反驳说，官家郎君。 年纪轻轻就已经是知府了，他姐夫又是镇国将军，以后前途不可限量呢。别说陪郡主，配个公主也不是不能够。那话可不是这么说的，未来的事儿谁说得清？咱们就说现在，这郡主大人家里头，爹爹是伯爵，娘亲是甘德夫人，再怎么说这身份肯定比官家要高。什么高攀不高攀？我瞧着官知府和静怡郡主却是配得很。上回我还瞧见他们俩一起游船宝障湖呢，郎才女女貌，般配着呢。尾粉和 CP 粉正看着热闹。 打着闲屁呢，就见那送聘的队伍里头忽然乱了，诸人皆跑去瞧热闹。原来是放了银两的箱子太重，直接把抬箱子的粗棒子给压断了。这官家虽然聘礼不算极多，但是抬聘礼的人却不少。人家箱子都是一前一后两个人，他们老官家的聘礼箱子都是四个人才能抬得起一个。这会儿箱子中间的横杆断了，那极重的箱子咣当一下砸在地上，直接就把里头的东西给砸破了，箱底露出来了不少。有看客上去一瞧，我的个天爷啊！ 这里头都是银两啊，怪不得一个箱子得四个人抬。这一个箱子里头放上四五千两的银子，两个人自然抬不动了。哟，这一对二十八台聘礼，天爷呀、啊，不会都是银子吧？这老官家送聘礼这么实在的吗？看不出来，平日里头不显山不露水的，居然这么有钱。不过实际上装银子的箱子也没那么多，前头抬着的十八个箱子里头都是古董首饰，还有些布料补品之类的常规聘礼，多的官键也没买。 他是直接去兰云银行，把关木清的银票都兑了出来，放进了箱子里，装了满满当当十大箱，当成了聘礼，想着让春丫爱怎么花就怎么花去吧。余夫人一瞧，送聘的路上箱子居然还散架了，当下急得都不行了。她赶忙喊了人再去拿箱子来，一边说着岁岁平安，不破不立，一边重又把五千两的白银给塞回了新送来的箱子里。哎，他就说嘛，他这人就真不能当媒婆，真是当一回。 悔一悔，再当媒婆，她不是人。好不容易把这箱子给换了，然后虫又让抬重物的一帮人检查了下自己的挑杆，确定不会再断了，这才虫又吹吹打打往伯爵府去了。送聘的时间，男女双方自然都是商定好的。伯爵府众人一早就等在了客堂间，可左等右等，门口都没啥动静。来凑热闹的道玄便说：“老官家，怎么回事？是不是存心不想成亲？”自从关木清调任了松江府之后，道玄就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宁海。 他说：“吴英良的儿子看着就一脸不聪明的样子，他得多观察观察这货才能放心。”特地从乡下赶来的徐老汉也不干了，当初来我们家蹭饭蹭住倒是积极的很，如今送点聘礼来磨磨唧唧，这都啥时候了？能不能路上遇到打劫的了？我瞧瞧去，顺便再把打劫的给劫了。道玄说着就要走，张大夫喊道：“不要急，这府城哪来打劫的？说不定是看热闹的人多，走不快呢。再等等吧。” 关木青呢？他没回来吗？道玄不耐烦得很，却又不得不一屁股坐了下来。他这会儿哪有空啊？开埠的事儿都搞了大半年了，这月底就要正式启用了，这会儿正好是紧要关头。徐达其实觉得女儿晚点成亲也没关系，这事儿都扎了堆，反倒搞得手忙脚乱的。几人正说着话呢，突然徐磊喊了一声：“嘘！”外头是不是有敲锣打鼓的声音？众人一听，忙说是了。佛保佑，这才匆匆到了门口。 让人把大门打开，准备迎接送聘礼的官家人。队伍才到大门口，于夫人便朝里头喊道：“恭喜恭喜，关徐两家喜结连理，官家送聘来了。”说完，便带着关静进了门。后头一队人马小心翼翼地抬着沉甸甸的二十八台嫁妆进了院子。徐达带着众人也从课堂间里头走了出来。关静忙跟徐达他们道歉：“对不住，对不住，达叔、兰姨，让你们久等了，我的错。箱子装得太重了，把挑杆给压断了，咱们换了才来的，耽误了点时间。” 于夫人一句，王夫人一会儿我来说，是一个字都没吐出来，关静就把实情给交代了个清清楚楚。这送聘路上断了挑杆，于夫人总觉得好像这事儿不太好，本来想含混过去的，哎呀，算了，这是她这辈子最后一次当媒人了，就这么低吧。他们结亲的双方都不在意，她还在意个毛线啊？于是她随便找补了句好事多磨，便直递上了礼单给张大夫，转头让人开箱唱聘礼。这聘礼一开箱吧，原本还想说两句的徐老汉和蔡氏直接闭了眼。 不是隔了，而是这阳光照射在石箱满满当当的银锭子上，真的是闪瞎人眼。张大夫吃惊不已：“静儿，你这是干嘛呀？”春丫不是说都跟你说好了，不用太多聘礼吗？你这是这也太多了吧？听张大夫这么一说，于夫人再一次惊了：“啥呀？都是他当初问关静怎么下聘的时候，关静明明说的是跟徐家商量好了呀，怎么回事？这人到底是跟谁商量的聘礼？为啥张大夫会不知道？” 听这话头，于夫人有个大胆的猜想，她小声问一旁的石金：“石金啊，你们家夫人到底是跟徐家哪个商量好的聘礼？春丫小姐呀。”石金回答的很是理所当然：“当初庞家来下聘，庞云也是问的他呀，这有什么不对吗？”所以她反问于夫人：“怎么了？这聘礼不是跟新娘商量的吗？”呃，于夫人叹了口气：“都行吧，事已至此，爱咋咋地。”于夫人心说：“这一切都是我的错，我信错了关键 没想，他这当家主母的派头下，藏的却是一个大大咧咧的灵魂。不过张大夫他们也真是的，他们怎么都不问问官家拿多少聘礼来？小姐说商量妥了。好家伙，居然没有一个人多过问的，绝了！这样的人家，哎，大干朝独一份吧。不过现在于夫人怎么想不重要，重要的是关静对聘礼的解读。他跟张大夫说：“我真的就是简单筹办的。您瞧，除了这几筐鸡鸭鱼肉之外，这些箱子里头，这六箱……” 是我弟弟这些年得的太子和几位士大夫的赏，都是些古董和字画之类的。这五箱是锦缎布料之类的，另外这两箱是些皮子，还有这两箱是些首饰头面，这三箱就是些紫参、灵芝之类的药材。另外就只有这五万两白银了，别的我都没买。达叔、兰姨，咱们老官家委屈春丫了。蔡氏忍不住捂胸口，现在的年轻人说的都是什么鬼话？五万两白银，论箱的首饰，一堆堆的古董字画，还委屈春丫了。 这都算委屈的话，那大干朝不受委屈的姑娘，估计两个手都不到吧。当然，关静的这话也把张大夫给惊着了。这叫什么委屈啊？这个聘礼也太重了。要不是怕关静误会，张大夫现场就想把十箱银子给退回去。这不是下聘啊，这是搬家呀。如果他没猜错的话，关静这一定是把他弟弟的全副身家给拿出来下聘了。怎么会有这么虎的姐姐？当然，张大夫没有猜错，这的确就是关木卿的全副身家。 但是这下聘的力度却是关木清自己决定的。他说：“春丫是徐家的宝，他如今想要把他们家的宝挖走，自然要把全副身家都拿出来，才能显出他的诚意。”关静只是表示了同意。而此时，徐家那宝货却被徐敏和丁香按在了后院里。实在是大干朝没有准新娘自己去接聘礼这样的规矩，春丫再怎么好奇，也只能等着关静他们走了才能去瞧。所以这会儿，春丫也是难得在房间里头做点女工。 以证明自己也是为自己的婚事努力过的。春丫姐，以后相公的鞋袜终医得你来操办，你知道吧？徐敏看着春丫的针线活，很是发愁。我知道啊。春丫安静地坐在桌边做绣活，看着还挺像那么回事的。徐敏忍不住提醒她，那你只绣帕子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哈哈。春丫不无尴尬的为自己找理由，先练练手感，马上马上有了手感，我就给关关缝,缝袜子。丁香一听春丫要发愤图强了，立刻很激动地说道。 小姐，我来教你。春丫也非常的配合，从裁剪布料开始，一步步的耐心跟着丁香往下做。徐敏之前跟苏先生学女工的时间比较长，所以这鞋袜对她来说没有什么难度。三人便在春丫房间里头做了一上午的女工，直到和关静商量好了婚期，把人给送走了。张大夫这才往后院去找女儿，他想问问春丫到底是怎么跟关静谈妥当的。人家居然抬了整整五万两白银来下聘。到的春丫的房间门口，张大夫正好听到一声。 好了，一双袜子缝好了，让我瞧瞧。张大夫说着话进了门，春丫立马把袜子递了过去，瞧，还不错吧？看着还挺像袜子的。是，袜子的样子是有，但是你们家关关是大小脚吗？这怎么还一个粗一个细呢？张大夫自己虽然手工活不行，但是吐槽起女儿来那也是很得心应手的。哈哈哈，一只是我的，一只是关关的嘛。那你的那只再做长一点点，就直接可以当连裤袜穿了。 张大夫不知道为什么看到女儿就想抬杠。春丫把袜子一丢，这个可以学吗？娘，关姐姐送了啥聘礼来？走，带我瞧瞧去。我正想问你呢，为什么官家把妻儿全副身家都当成了聘礼给咱们抬来了？他们光白银就拿来了五万两，那些古董字画，我看着都是朵云轩的锦盒，这得值多少钱啊？一听五万两白银，坐在一旁的徐敏立刻抱住春丫姐，好姐姐，我的亲姐姐，以后妹子跟张家旺混不下去了，你可记得多多接济我哈。 张家旺一年才赚多少？许敏觉得自家姐,姐姐的大腿比张家旺屁股还有肉。放心，有姐一口吃的就少不了你的。走，咱们看看五万两白银到底是什么阵仗。许敏立刻从椅子上蹿了起来，跟春丫两人眼冒金光的就往前院跑去。正要跟着去的张大夫突然转身问跟着来的丹燕：“我是找春丫干嘛来的？”郡主大人的片刻记忆终于找到出处了。丹燕答说：“夫人是想来问郡主怎么跟王夫人商量的。” 不过看样子，他们之间可能有一些什么误会。哎，张大夫叹了口气，算了，送都送来了，到时候再给春丫添点儿，都当了陪嫁送去官家吧。说完便转头走了。丹燕和丁香互看一眼，直缩脖子。乖乖龙地洞置五万两的聘金，全做了陪嫁，还得再添，再加上郡主自己的提己私房钱，娘雷不知道裴庭扬州女首富的位置会不会动摇啊？春丫和关木卿的婚期定在了三月二十。 此时正是江南最美的季节，商定好了婚期，关静便开始紧锣密鼓的筹备起了弟弟的婚房来。来京之前，他跟王宗元就商量好了，关木清在扬州没有宅子，照现在这个势头，以后小两口成亲了，大概率是要常住扬州的，所以他们就准备送个宅子给关木清，全当是成亲礼了。选宅子这种事儿，既然男主角不在，那女主角关静肯定得拉着去啊。虽然于夫人说也没有男方准备婚房，让准新娘自己挑的规矩。 但是关静觉得这屋子以后不得小两口住吗？让规矩滚边去吧，小两口住的开心才最重要。没接受过大户人家摧残的官家大姐，不自觉的就会把所谓规矩扔到地上，疯狂踩踏。于是乎，接下去的几日，春丫便被关静扯着到处看宅子。他们选的地方基本都是以伯爵府为圆心，二里地以内的宅子。这个选择就很有限了，毕竟如今扬州府有点身价的人家，都喜欢把宅子置办的离伯爵府近一些，说是能沾沾贵气。 主要还是因为徐达这人向来接地气的很，虽然嘴贱吧，但是脾气和善的很，所以进进出出的左右邻居见了他打招呼，他总也会笑眯眯地回应人家。这就导致了徐达有时候来了兴致，早上出门买点油条、买点豆花啥的。如果被热情的邻居撞见了，那些富豪邻居便会把卖早点的小摊给包圆了，直接送去伯爵府让人现场制作。搞得张大夫现在都不准徐达随便出门买早点了。他说这动不动的家里头搞美食集市，多伤丹姑娘心啊！ 所以，如今伯爵府周围的大宅子基本都被人买下了，并且很少会有人再转手卖出，以至于春丫最后矮子里把长子选中的是一套两进小宅，虽然地方小了点，院子破了点，但是离伯爵府近得很，穿过两个小弄堂就到了。关静显然是不满意的，他还准备去敲隔壁人家的门，问人家能不能把屋子高价卖给他呢。可春丫却阻止说：“姐姐，我跟关关就两个人，也没什么仆从，关关就有一个高童。” 我就只有一个丁香，连主子带仆从才四个人。这两进的院子能有十多间屋子，怎么住都够了。家大宅大，打扫布置起来也麻烦。春丫嫁人又不能带着大嫂，她可不想管那么多琐事。要不是怕关关没面子，其实春丫觉得这宅子买不买真是无所谓，因为他家大哥也送了套四进的宅子给他。再加上自从定下来婚期，达达就嚷着要把伯爵府再给捯饬捯饬，给春丫单独弄个小院出来，让她以后能带着关木青时常回家住。 而徐老汉和蔡奶奶也说得回家把老宅的院子套院子的院子也收拾收拾，挑个好院子出来，让春丫和关木青回乡的时候能住。春丫此时只恨自己不是孙悟空，能变出七十二个分身来。这能住的屋子真是多得令人茫然。至于投资之类的，春丫现在也没啥兴趣了。主要是一套宅子放在手里，得维护，得雇人看管，麻烦得很。出租收益的钱还没有他买两个瓜来的多，真是不够操心的。 所以在春丫的再三坚持下，关靖只能花了五百两银子买下了那略显破败的二进小院。当然，后头装修事宜，关靖自然会跟进。但是哪怕再怎么装修布置，也花不了多少钱。原本为了关穆清的婚事，关靖和王宗元准备了差不多四五千两的银子，如今这钱花不出去，关靖简直苦恼死了，扯着春丫就要去给他订翡翠的全套首饰。春丫再三表示真的不用啦，家里头首饰多的实在是没地儿放了。 姐姐您留着给大姐买吧，那行。关静突然想开了，我给你跟青儿生的大姐留着，反正这银子她早晚总得花出去才行。行吧，爱咋咋地吧。春丫也不想多纠结这些，含含糊糊的说了声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这事儿也就过去了。这宅子的事儿搞定了没两天，出嫁已经满了一月的徐英，便带着相公和一船的行李，外加十多个下人回了扬州。 小两口先把行李带回了家。好家伙，满满当当一院子，大门都差点关不上。裴姐夫挠头憨笑，说是自己的错，把院子买小了。徐英忍不住说：“不是院子小了，咱们才两个人，两进的院子也足够了。可爹娘这给咱们带的人和东西，到底也多了些。两个人带了二十床的铺盖被子，十五箱的布料衣裳，这是要用到八十岁都用不完的节奏啊！另外还有下人、伙房的妈妈、洒扫的小厮、端水的丫头，林林总总。” 配了整整十六人，再加上徐英原本陪嫁的两个贴身丫头，天爷呀、啊，十八个人伺候两个人。徐英问裴姐夫：“你在家的时候，真的得要这么多人伺候吗？”说完，还很狐疑的退后一步，打量了几眼自家相公，仿佛是在打量一个生活不太能够自理的二傻子。被徐英这么一问，裴姐夫多少有点不好意思了，他清了清喉咙，才无力的解释道：“嗨嗨，这个家里头都是我娘和奶奶安排这些的。若是你觉得人太多的话，送回去也行。那倒也不必。” 就是，嗯，到时候若我把这些人派了别的用处，你不会在意吧？反正这些人的身气，娘和奶奶都交给了他了。徐英就琢磨着，得让这些人真正帮上他的忙才行。裴姐夫赶忙应道：“不在意，不在意。娘子要吩咐他们干嘛，尽管吩咐便是。不过你不是说得先去趟伯爵府吗？要不咱们现在走吧？这会儿家里头都没人，相公还是在家先把行李安排下吧。我先去趟摘星阁，一会儿到了晚饭时间，相公再去伯爵府找我吧。” 说完，徐英带着丫头就要走，没想裴家姐夫却跟个小狗似的，非说自己也得去摘星阁，死活黏着徐英不肯留在家里。这会儿小两口才成亲一个月，正是蜜里调油的时候，裴姐夫恨不能把自己变成一个荷包，天天挂在徐英腰上。徐英这人脸皮薄，见相公如此也不好拒绝，只能和他一起往摘星阁去了。他主要是去拿这个月的账本的，他真是不敢想象自己一个月不在，等着他的账得有多少。 到了摘星阁，徐英见自己办公房的桌子上却没有想象中那么多的账册，问了观音奴才知道，因为最近农忙已经结束了，草莓什么的还没长起来，所以春丫一直待在府城准备嫁妆呢。这人也是良心发现，便把账册带了回去，说是要自己亲自盘账。顺便，观音奴还跟徐英说了春丫的婚期定在明年三月二十。一听春丫的婚期都定了，徐英立刻拽着相公去了伯爵府。 而此时正在家里头假模假样的绣花的春丫，听闻徐英回来了，立刻就把绣绷一扔，跑去了前厅。他见正在跟佛宝佑说话的徐英满脸的笑意，而坐在一旁傻笑的裴姐夫，那眼神简直恨不能粘在徐英身上，便知这两人新婚生活应该挺和谐的。英，春丫在门口喊了一声，正在说话的徐英转过头，笑呵呵的说道：“春丫，我回来了。听说你……啊、哎、呀！”还没等徐英把话说完，春丫便上前一把把徐英给抱住了。 嘴里都是些什么嘤嘤，你走了我才知道离不开你呀、啊、之类的混话。徐英忍着笑，把人从自己身上扒拉了下来，问道：“到底是你离不开我，还是你的账册离不开我？”“当然是我离不开你了。不过账册说他们也不待见我，我才看了两本就晕菜了，也不敢多动。他们都在我房里等你呢。”春丫觉得吧，主要是她怕破坏了徐英做账的规律，所以没敢大刀阔斧的干。真的不是她知难而退，她堂堂静怡郡主，大干朝第一做人，怎么可能知难而退呢？ 听春丫这么说，徐英却是放心不少。他感谢了郡主大人对账册的不杀之恩，然后跟着春丫要往后院去。那我陪姐夫不得不提醒一下媳妇自己的存在。徐英这才又想起自己已经拖家带口的事儿来。他略想了下，嗯，你不是说想看看伯爵府的教场吗？大金，金哥，哪儿去呀、啊？带陪姐夫溜达一圈。春丫突然喊住了正好路过的大金，大金一屁股坐在地上，然后迟疑了一会儿，再冲陪姐夫汪汪了两声，姐夫。 大金意思让你跟着他去，春丫解释道：“裴姐夫稀奇的都不行了，妹子还能听得懂狗说话，怎么说话呢？”徐英皱眉道。春丫呵呵一笑：“没事儿，姐夫也是个直爽人嘛。不过姐夫，你怎么不想问问大金怎么能听得懂人说话？对哦，这狗神了呀！”裴姐夫不由走到大金跟前，想摸他，没想大金却突然站了起来，往前走去，走两步还回头叫了两声。春丫又解释：“姐夫，大金叫你跟上呢。” 佛保佑也说：“新姑爷，您自便吧。”于是，一脸不可思议的裴姐夫就端着一张惊诧的脸，跟着大金往东院的教场去了。家里头男人都不在嘛，大金自然要担负起社交职责了。不过，徐英是个正经人，去了春鸭房里，他还得问上一句：“你真的能听得懂大金讲话？”猜呗，春鸭笑答：“大金可是咱们家老伙计了，叫声、动作、尾巴摇曳的弧度，都能表达出他的情绪和想法，一瞧就知道了。我这还不算特别了解他的呢，你问问徐新去。” 大金头一歪，他就知道大金想干嘛了。如今张家旺去了配丰做县令，徐鑫得空就会带着大金去找他，两人说说民生，聊聊课业，没事儿还能去暮春庄赛马玩。所以徐鑫现在是大金的主要饲养人，对大金的了解可一点不比春丫少。说到这里，徐鑫突然想起了小时候的事儿，哎，你说奇不奇怪？我记得咱们小时候，你们家也没养过狗啊，关键村里也没有哪条狗长得跟大金似的，浑身的黄毛。我记得咱们小时候村里狗。 不是叫黑子，就是叫阿花或者三白之类的。你说大金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呀？天狗呗，从天而降，掉到咱们家井里来了，然后就给咱们带来了好运气。春丫的解释让徐英瞬间放弃了探讨下去的冲动，直接整理了账本，就说明天算好了，跟冠一奴对了账，再报给春丫。不过春丫却说不急不急，你多休息几天嘛。对了，还没问你呢，新婚生活如何呀？民子给的东西没用上吧？你还没成亲呢。 瞎问什么呀？徐英脸色突然红了。我是问，明子给的泻药没用上吧？你想的是啥？春丫一脸笑眯眯的看着徐英。徐英气结，你存心的是吧？我婆家对我好着呢，那小药丸子我早扔了。那就好。春丫点了点头。咱们就是怕你受委屈。你人好皮薄，不像我跟明子似的，是炮仗脾气。以后若是他们裴家欺负你，你不用顾着我跟裴姐姐的关系，一定得第一时间告诉我，知道吧？谁欺负你，我就挖坑埋了谁。 才气得要生烟的徐英被春丫这么一说，感动得差点掉出泪来,来。她努力平复了下心情，才嗔怪道：“你这人说话能不能正经点儿？一句天上，一句地下的，怕也只有官知府受得了你。”“那可不，我是那么容易被得到的女人吗？”春丫还觉得有点小骄傲呢。“我这是在夸你吗？”徐英自己都迷糊了。春丫点头：“就算是吧，我接受到了，佩服，在下佩服。”徐英不得不向春丫这厚脸皮低下了头。 徐英回扬州的消息，佛保佑第一时间就送去了老家。次日晚间，老家的家人们就都赶来了，搞得徐英和裴姐夫都不太好意思了，说是自己应该回老家看爷奶爹娘的，怎么弄得爷奶爹娘反过来瞧他们来了？蔡奶奶是个傲娇的小老太太，轻哼一声说：“想多了吧你，你这是伯爵府，又不是你们老裴家。”搞得裴姐夫多少有点尴尬。徐英却说：“奶奶向来如此，你大可不必放在心上。” 想要跟奶奶处好关系，那就得学着点春丫，没皮没脸的往老太太边上贴就是了。裴姐夫点点头，说自己会多多观察学习的。李氏见女儿女婿说话举止很是亲密，就知道小两口婚后过得挺和谐。如今女儿又回了扬州生活，他那提着的一颗心总算是放了下来。不过徐发见女婿多少有点他们扬州男人的样子了，便在吃饭的时候偷摸的提点他：私房银子你得藏藏好，所谓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爹教你哈，你就藏在你媳妇衣柜最底下。女人穿衣服都喜新厌旧，最底下的衣服他们肯定懒得去翻，放那儿最安全。爹，我觉得没必要藏吧？你听爹的，咱们扬州这风气跟你们苏州不太一样，你不要掉以轻心，坐以待毙，想得太美。这人文化水平有限，说着说着肚子里就没墨水了。初来乍到的裴姐夫虽然还是觉得没啥必要藏私房钱，但是为了显得跟老丈人合拍，也只能点了头。 说自己会多多吸取老丈人的经验教训的。徐英回了扬州没两天，徐达便接了宁海吴县令的帖子，说是宁海海贸大厅已经建设完成，过两日便准备正式开张了。他非常诚挚地邀请钟永伯前去剪彩，不过最要紧的是，最好把郡主也带上，毕竟官知府到时候也会莅临指导。拿到帖子的徐达晚上回家，蹙眉问张大夫：“你说是不是因为吴县令不太好意思直接邀请春丫，所以才邀请了我？我是不是个天头？” 张大夫笑了两声，没有，不是，你是大干海关关长吗？这海贸相关的事儿喊上你剪彩很正常。张大夫多少还是给徐达点面子的，要不然徐达的连环夺命问能把人给活活烦死。而徐达听张大夫这么一说，立刻释然了，拎出两件干净衣裳，说是明天就出发，这回带上徐新一起去，也让他瞧瞧他们大干如今海贸发展到了什么程度了。次日一早，徐达便带着春丫和徐新启程了，到得宁海已是次日清晨，三人直接去了海风阁。 没想却在门口遇到了久未碰面的王巡，徐达见到王巡很是高兴，扯着他就问：“倭人如今还做不做妖了？哪儿做得出妖来啊？”王巡突然小声说道：“咱们如今赚的可是两分的军火钱，那弗朗机红衣大炮西洋冲在厉害，补给却在万里之外，想要干死倭寇，可不得通过中人来找咱们？反正大概明面上跟弗朗机人又没有太大的矛盾冲突，琉球的事儿早就翻篇了。关键现在那里的卫所军备人员也都配齐了，弗朗基人手里的武器。” 根本就不是大干的对手，卖他们点武器，让他们和倭寇干个你死我活，也正好给了大干建立海岸防线的时间，简直是一举多得。皇帝听说这买卖的时候，回信可只用了三天啊，好事儿啊！但是咱们海域防守也不可大意哦，小倭寇狡诈得很。徐达提点道，王巡点头，达叔放心，咱们除了日日出海巡防之外，各地海岸也正在搭建炮台，到时候防线拉起来了，倭寇再来犯，那就是自己来送死了。 闻此言，徐达更是露出了几分满意之色，直说守卫海岸的将领们都颇有远见。要说这弗朗基人吧，原本只是想要教训教训倭人，让他们以后别再动偷种子之类的歪脑筋了。但是没想到，一惹惹到了一群疯皮，咬着了人就不撒嘴了。倭人主要是眼瞧着大干军备越来越完善，拿出来的炮火跟他们根本就像是分属于两个朝代的，所以他们觉得想再要从大干手里头抢肉吃，基本是不可能了。 但是弗朗基人虽然航海武器都优于倭国，但是吃了个远征的亏。再说吕宋岛再怎么教导，那土地也不算少，再加上这土地上还有弗朗基人撒下的高产农作物。于是倭人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矛头一转，盯着吕宋就不放了。而弗朗基人在吕宋经营多年，这地方是他们贸易往来的重要中转站，自然也不舍得丢弃。再说海盗虽然是海盗。 但是也有海盗的尊严，被大干这种大国赶出了琉球是没办法，但是居然还要被倭寇干翻，那他们弗朗基海盗不是弗朗基探险家的面子往哪儿放？于是乎，本来是小小的一场斗殴，打着打着就成了抢夺吕宋的战役，时间、金钱、人命，大把大把的往里头填。越是这样，两国之间越是杀红了眼，谁都不愿做那个放弃的人，沉默成本太高，谁都没法轻易放弃。徐达对于王寻他们的工作还是非常满意的，说有啥需要帮忙的。 尽管说，还说干死小倭寇是每个大干人民的心愿。两人在门口絮叨了一会儿，王巡便匆匆去了卫所，说是要轮换侯爷回来。徐达则跟春丫小声说着话，进了海风阁。司徒若梅已经听到了动静，在院子里等着了。见到春丫，先是恭喜了她订了婚期，然后才又问春丫什么时候得空。双梅绣坊如今定制的礼服卖得极好，所以绣娘又画了几款新款出来，让春丫帮忙参详参详。爹，您是不是要带徐欣去码头？ 春丫转头问徐达，徐达点头，是，你们忙吧，一会儿我视察完了，咱们一起去县衙呗。走啊，爹。徐鑫第一次来宁海，看啥都好奇的很，这儿的洋人比咱们扬州还多。爹，您请我吃早点呗，我刚才看到路口有家卖油饼的，那油闻着像隔了三天的，那油饼肯定好吃。什么毛病？春丫立刻制止，去小吃街吃啊，那儿的油饼干净。啥呀？徐鑫一脸嫌弃，这油饼就得有那种路边的味道才好吃。 好，去吃。回去我就告诉娘。爹走了，带我去小吃街。哈哈，徐达忍不住摇头，就这么怕你娘啊？哈哈哈，说的你好像不怕似的。父子俩带着大勇，互相吐槽着走出了院门。春丫也简单吃点了点司徒若梅准备的早餐，然后就跟着他去了双梅秀坊。此时秀坊才开门，没想梅姨娘却已经在秀房里忙碌着了。见是春丫来了。 忙上前招呼他，问春丫是不是来宁海参加那什么海贸交易厅的剪彩的。春丫直接否认，说是想姐姐们了，所以来瞧瞧他们。见司徒若梅笑得一脸灿烂，梅姨娘嗔怪道：“信了你，真正是被卖了，还得替你数钱。不过既然来了，赶紧帮忙看看，咱们这回新画的十件样裙，准备挑六七件来做样品，你给咱们参详参详。”春丫笑嘻嘻地坐了下来，翻看小丫头递上来的图册，一边看一边解析道。 姐姐们看哈，洋人喜欢的呢，是封腰具那啥，讲究一个曲线美，所以有遮挡效果的，咱们就不要，要的就是有突出效果的。诺、no,，就像这件。画这图稿的姐姐倒是大胆啊，这领子都快开到肚脐眼了，夸张是夸张了点，但是给她稍微缝吧上去点，把里头收腰内衬加上点花边啊什么的，就非常能突出巨大的那啥和腰身，不错不错。司徒若梅忍不住吐槽，你们说这洋女人是不是挺奇怪？ 下头的裙子是层层叠叠，恨不能叠上的十来层，可是上面露的到底也多了些，他都不敢让自家母亲去绣房参观，就怕这裙子吓到老母亲。春丫却说，这有什么要紧，大伙儿就是审美不同而已，有钱赚就行了。姐姐们如今赚的可还好？怎么能不好？梅姨娘笑呵呵的说道，今年到现在都快破万两了，等你成亲，咱们给你包个大红包。司徒若梅赶忙说道。梅姨娘点头，对。 没有春丫妹子和张大夫，我现在还在家里头数手指头玩呢。春丫略客气了两句，才问梅姨娘：“姐姐家的小公子呢？怎么没见带来？”哎呀，爵爷一回家就得问孩子在哪儿，我就没敢带出来。一会儿找不见孩子，又得带着亲兵光光光的跑来找孩子。上回把杨客人吓得直接跪地求饶，还以为是要抓人呢。梅姨娘的吐槽惹得春丫和司徒若美好一阵笑。司徒若梅也说，王巡回家就爱往孩子跟前凑，那胡子扎的孩子嗷嗷的哭。 说完，他还小小声的吐槽了一句，跟野猪毛似的，引得春丫和梅姨娘又是嘎嘎嘎一阵大笑。在双梅秀芳谈笑一阵之后，春丫便带着丁香去了自己的春雷商行。正在里头帮忙理货的沈小胖看到远远来了人，还跟正在吆喝伙计搬货的沈姐夫说：“那人长得好像春丫姐姐呀、啊。”春丫，你是不是早起没洗脸，被屎糊了眼？沈姐夫好歹也是识字人，说话还挺押韵，他就寻思着关木清都去宁海了。 春雷商行现在也都是徐磊在打理，春丫怎么会来呢？不过他还是转身看了一眼，然后，春丫，我就说怎么跟有心有灵犀似的，觉得好像是你要来了才跟东府说呢，你就来了，太巧了。沈姐夫的演技也是炉火纯青。沈小胖呆滞地看着自己的爹，心想：爹，你做不做人？可他是个孝顺孩子，问是不敢问出口的，只能朝着他爹撇了下嘴，以示对他爹的嘲讽。 姐夫辛苦啦，我就是顺道来瞧瞧，如今咱们的生意还好吧？春丫说着话就跨进了商行，好的很，你放心，有姐夫给你看着呢。还有那无名酒楼、小吃馆，生意都好得很。每月的账册你可收到了？嗯，春丫含糊应答一句，辛苦姐夫了。其实这商行的账册送来都是徐磊管的，之后徐英还要跟徐磊分账，实际春丫每月看的都是徐英的月报。春丫辩解说自己不是懒。 他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当然，徐英的月报里头大致的收益他是知道的。他知人多少也有点混日子，反正只要上下金额不大，在他眼里这账就是做的极好的。沈姐夫夸张的哈哈一笑，这世道干啥不辛苦？咱们就怕辛苦了没钱赚。如今姐夫跟着你干，这小日子过得好着呢。妹子千万别跟我客气哈。因为沈姐夫的笑声太过夸张，把隔壁沈记粮油铺的张云也给招来了。见是春丫来了，张云忙说。 妹子来了，你们俩怎么没叫我？春丫呀，你最近怎么样啊？听说你婚期都定了，到时候怎咱们一定回去喝你的喜酒。大表姐，你这是啥时候怀孕啊？这肚子到了明年三月里，能不能受得了这一路颠簸呀？看着大表姐这肚子，估计也有四五个月了，到了明年三月底，差不多也该生了吧？放心，到时候咱们租船回去，谁的喜酒都可以错过，可你的，咱们无论如何都要讨上一杯喝的。张云笑眯眯地看着春丫。 这娃就是个福娃，要不是在宁海遇到了春丫，张云觉得自己肯定不会过得像现在这么舒坦。之前因为流产，导致她一直在没有身孕，但是也因为仁济堂的苗大夫参加了总部的培训，回来之后给她调理用药了几个月，没想她真的就又怀上了。张云认为，如今拥有的这一切都源自于与春丫他们的重逢。春丫是个有福气的孩子，张云希望能喝上春丫一杯喜酒，把春丫的福气也带给肚子里的女儿。对。 女儿肯定是女儿，她就想要个像春丫这样的女儿。大表姐说的什么话？啥叫讨一杯喜酒啊？你是我亲表姐，本就应该来我吃喜酒的。我只是怕你这个孕妇舟车劳顿，到时候动了胎气可不好了。不过你们既然包船，那也行。到时候等生完孩子再回宁海也不迟。说完这句，春丫突然又想起来地他们的事儿来，便转头跟沈姐夫说：“来地盼弟他们的作坊已经开起来了，到时候姐夫得空跟另外俩姐夫聊聊呗。若是价格合适。” 布料质量过关，咱们收了他们的布料也行，毕竟他们产量少，咱们顺带着卖呗。行啊，沈姐夫点头，改天我去扬州送账的时候找他们去。咱们每月这布料少说也得出千八百匹的，多上个几十匹的也没啥大问题。春丫呀，咱们老张家真是……张云想说什么，却被春丫打断了。徐春丫用食指在嘴边比划了下，姐姐要说啥我都知道，但是这个跟老张家没关系，主要还是姐姐们愿意为自己的生活奋斗。 既然都是姐妹，能互相帮助，自然是最好的。有人愿意喂饭，也得有人愿意吃，不是？一切都是姐姐们自己的造化。噗！张云突然笑了出来，才几岁的人，还没成亲呢，说的话老气横秋的。来来来，赶紧跟我来，别的大表姐帮不上你，最近闲着没事，给你做了几双绣花袖，咱们试试去。说完，夹着春丫的手，就把人往粮油铺里头拖，吓得丁香想去扶张云。 张云却说自己下盘稳得很，都是之前抬米搬油练出来，让丁香不用紧张。春丫从粮油铺出来的时候，丁香手上多了整整十二双绣花鞋，这叫几双春丫看着丁香手里头拎着的大包袱，心中不由感叹：人跟人之间对计量单位的认知也是很不同的。丁香也说，沈家表太太手艺真好，搬米抬油果然是最好的力量训练。主仆两人一路絮絮叨叨回到海风阁的时候，徐达和徐欣已经等在里头了。 见春丫回来了，徐达忍不住吐槽：“你个小话痨，是不是见着树墩都能聊几句？”春丫不想跟达达抬杠，的确是刚才跟大伙聊了太久，伤精神。他直接跳开话题，问徐达：“现在去县衙不？吴县令来过了，明天咱们直接去海贸大厅就行了。”姐，那海贸大厅我去瞧过了，好大好大，跟个超大号的桶似的。想说马桶的徐鑫悬崖勒马，保持住了一定的节操。既然开幕仪式在明天，春丫便问：“那关关呢？” 怎么还没到？没想话音刚落，背后就传来了关木青声音：“怎么惦记我了？”春丫转身就见关木青穿着一身藏青色的长衫，手里马鞭还没放掉，下巴还带着青色的胡茬，一脸疲惫。但是面对春丫，他却依旧笑容面满。当然，站在他身后的高童那形象，反正跟大牢里才放出来也没啥大差别吧。关木青跟他比起来，还算是非常干净整洁的。 还没等春丫反应过来，关木青就站在了他身边，然后对徐达作揖行礼：“爹，弟弟，我来了。”爹，春丫一脸不可思议的看向关木青，这货啥时候脸皮这么厚的呀？关木青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自然是爹呀、啊，咱们不是过了大礼，定了婚期了吗？那还没成亲呢。”春丫不知道自己在纠结啥，只是感觉好像被占便宜了。没想猪队友却大声应道：“啊、哎、呀，爹就爹嘛，来来来，青儿啊。” 跟爹说说，你那上海县搞得咋样了呀？姐夫，徐鑫也笑嘻嘻地凑到关木清身边问：“听说你要招幕僚，你瞧我行不行？你还做幕僚？你别到时候把你姐夫坑了。”春丫一时语快，惹来三人侧目。关木清乐得嘴恨不能裂到耳朵根。丁香捂着脸，小声说了句：“奴婢准备晚饭去。”便匆匆跑了。高童说自己帮忙去烧火，也搓着疲惫的眼睛，跟着丁香走了。呸！ 不认输的春丫瞪了关木清一眼，被你带坑里了。我去做饭去。说完也跟着跑了。他倒也不是害羞，只是好吧，就真的有那么一点点芝麻绿豆大小的害羞。要说春丫做饭嘛，总归是理论很多，实践少，所以做的一餐晚饭皆是家常小炒。不过对此，关木清依旧给出了满分的评价，说是自己在松江府想的就是这家常味。吃过晚饭，徐达让两人早点休息，明日参加完了海贸大厅的剪彩仪式。 关木清就得即刻赶回松江府的，没办法，已经到了年底了，留给关木清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可夜色朦胧，正是谈情说爱的好时候，两位许久未见的小情侣不得趁着夜色聊聊人生。于是等到徐达他们都休息去了，关木清便让高童出门买了点心来，又带着点心去了春丫那儿，点了炭盆煮了茶，说是多日不见，万分想念，今日可得好好说说两人的婚事筹备的如何了。买的院子小又破，嗯，枕套背面我都没绣。 驾照还没理，你的衣服鞋子也没做，基本就是万事俱未备，东风却已到。春丫说完，还冲着关木清傻乐,乐呢。我的错，关木清立刻被逗笑了，他也开始不正经了。都怪我不,不会刺绣，不会女工，要不然这些事儿也麻烦不了咱们家郡主，对吧？倒也不必认错哈，咱们还是讲道理的。春丫觉得这事儿谁都没错，错就错在主要还是咱们这个机械化程度太低。如果有什么机器能刷制一下，就把衣服缝好了，我也不至于拖到现在。春丫说的话。 时常会让人一头雾水，不过关不清都习惯了。他还一本正经地问：“那郡主认为咱们该做点啥？提高提高什么机械程度？机械化程度？”春丫认真纠正道：“咱们能做的就是让我爹尽快退休，然后回家倒腾这些玩意儿。他别的不行，这方面还是挺有天赋的。靠他那是指定不能够的，靠他爹倒是可能性大一点。以前的男人吧，什么换灯泡、修电路、换水管、修机器，啥都能干。” 那些要能源的机器干不出来，倒也罢了。什么缝纫机、脚踏车之类靠腿蹬的，可不得让达达想想办法。再说，达达当年学车的时候，可是要一并学汽车维修的。以前的司机，车子抛锚在了路上，大部分都会自己倒腾两下的。所以在春丫的脑海里面，这会修车，四舍五入就等于会攒机器。既然会攒机器，那这搞小发明的事儿，可不就得让达达扛下来？关木清哭笑不得，你意思？ 就是让达爹从海关退下来之后做工匠，是啊，多好啊！到时候如果发明出来刷制一下，就能缝纫好衣服的机器，我就天天给你做新衣服。春丫这豪言壮语说的，他自己都不信，关木青自然也不会信，但是他不在乎啊。他即刻捧着春丫的小圆脸揉巴了两下，以示感谢。不过他就有一点担心，如今大干海关发展势头迅猛，达叔从关长的位置上退下来，搞什么小发明，会不会太过大材小用？ 就是因为海关发展势头迅猛，总有一天这个关长的位置会从默默无闻变为一个肥缺，所以我爹更不能待在这个位置上，明白吧？春丫托腮看着关木清，关木清点头，明白是明白，只是觉得。春丫朝上头指了下，关木清无奈笑了一声，哈哈，也好，达叔辛苦了那么久，能过上自己想过的生活才最重要。是啊，有人喜欢权，有人喜欢名，咱们就喜欢过平平淡淡的生活，只要一家人整整齐齐在一起就行了。 春丫，关木清突然握住了春丫的手，谢谢你把我带进了徐家，我已经有十年没有爹娘了，谢谢你把我带到爹娘身边，让我还能喊上一声爹，一声娘。春丫被关木清这句话一说，鼻头犯了酸，她略带不舍地拍了拍关木清的肩膀，你以后不仅仅有爹娘，还有爷奶、叔叔、婶婶、弟弟、妹妹、侄子、侄女，还有自己的孩子。关木清说道，还有自己的狗子。春丫接嘴道，哈哈。 关木青的深情总是会被春丫突然的无厘头给破坏掉。你呀，他带着几分宠溺的轻轻点了下春丫的脑门，这脑子里头不知道装了啥，怎么想出来的对话总跟人家不一样呢？因为我来自未来，春丫一本正经的解释。知道了，我是钱串子，你是未来人，多配呀、啊！用你的话说，配一脸。哪里配？未来人可不用钱串子，那用啥？用一种叫手机的东西，滴滴一下就能付钱了。 手机又是什么机？童子鸡能握在手里。夏虫不可语冰，你这钱串子懂啥？用嗯，你又嗯。门外的丁香还在想要不要冲进去打断他们，耳听着这是不好了呀。站在另一边的高童却劝他别进去，瞧见了长针眼。他也只能帮知府大人到这里了。实在是看到知府大人越来越频繁的洗裤子，作为未婚大龄男青年，他多少有点感同身受。 到了第二日，在去海贸大厅的路上，徐达还说呢：“青儿到底年轻哈，休息了一晚上，这精神头就足得很。”春丫心中腹诽，占了我便宜，吸了我欧气，他肯定精神好啊。不过嘴上却也不敢这么说，就怕某个女儿奴知道自家女儿被轻轻的亲亲了之后，会突然暴走。于是她只能偷偷掐了一把关木青的腰，没想关木青的腰上却没有一丝多余的赘肉，春丫一把下去，压根掐不住肉啊。 反倒是让他突然产生了无限的遐想。这个人如果没穿，阿弥陀佛，贫尼猥琐了。此时走在春丫身边的关木青低头小声说了句：“想要掐我，以后多的是机会。”大庭广众，郡主自重。我，你，昨天叫人家小丫丫的时候，怎么不知道什么叫自重？这男人真是太狗了。春丫哼唧一声，撇了关木青，往前头跑到了徐达边上。 而关木青看着春丫头上那因为生气而甩得飞起的步摇，忍不住咧嘴。为什么会有人连生气都能生得如此鲜活？反正这人这会儿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春丫要是当下摔个狗吃屎，他也会觉得摔得很好看的。当徐达带着几个孩子到得海贸大厅门口的时候，吴县令已经等在门外了。此时的海贸大厅外头已经站满了来看热闹的百姓和商户。站在人群中的沈姐夫还冲春丫他们挥手，然后对旁边的人说。 瞧瞧，那是我妹子，那是我姑父，而道玄却远远坐在了最底下的石阶上，手里头还捏着把南瓜子，磕得可认真了，完全不像是来看剪彩的，更像是真心来晒太阳嗑瓜子的。站在门口的吴县令此时已经一溜小跑到了徐达他们跟前，他率先行礼作揖，说是里头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二位点头说没问题了，这剪彩仪式就可以开始了。走，瞧瞧去。徐达说着话，率先迈步进了大厅，一群人就你让我，我让你的跟了进去。 进的大厅，春压只觉这地方可比图纸上看着气派多了。虽然因为结构问题，圆形大厅中间柱子不少，但是看着还是非常的宏大壮观的。大厅最前方是一块巨大的价目牌，标示着大件商品的价格，比如丝绸、锦缎、棉布、茶叶之类的，每日都会新出官方指导价。但是这个所谓指导价也不是定死的，给的是一个差不多的价格区间，具体定价多少还要是货品好坏，让买卖双方自己决定。而大厅正中间。 是一个个展示柜，海贸大厅开业之后就开放租赁，各家商户可以带上自己的拳头产品入驻，到时候谈的价格合适，现场就有蓝云银行的柜台可以帮忙办理付款手续，还有四亿馆驻场人员可以帮忙沟通和签订契约。当然，如果客人要求，商户也可以直接带着客人去自家商行看货，或自行签约，或回海贸大厅来签约都是可以的。就是入驻海贸大厅的商户必须由县衙和海关审核了资质才能入住。 这个也是为了确保大干商户们的商誉，当然，洋人经常也得核准身份。总之，这海贸大厅的存在是为了尽量保护买卖双方的利益。春丫看着硬件已经完全准备妥善的海贸大厅，不由跟关木青相视一笑。虽然他们都离开了宁海，但是这些由他们起头的事儿却还能按部就班地执行下去，这令两人都颇感满意。吴县令办事还真是妥帖，关木青由衷地夸了一句，春丫也应和道：“多亏了吴县令。” 咱们宁海的商户百姓都有福了。吴县令赶忙躬身说：“下官这也是被逼，主要是大伙监督的好。” <laughs> 原本关木清走后，吴县令就觉得自己可以放慢脚步，慢慢建设这宁海县了。可没想到，走了个拼命三郎，却来个疯批老和尚。每日里这疯和尚卯时就来喊他起床，不起来干活，疯和尚就能给他把房顶的瓦都掀了。连搞了几日，吴县令晚上连娇美的妾室都不敢多欣赏，就怕第二天腿软起不来。 原本他还想干脆抓了这老和尚得了，可碍于这和尚跟钟永伯他们关系好得很，他就多了个心眼儿，写信问了一下他爹这和尚到底什么来历。没想他爹居然连用二十个勿动，让他千万不要惹这疯和尚。和尚想干嘛就顺着和尚得了。信上原话写的是，若是不听和尚言，你就赶紧换个姓。吴县令能有啥办法？他只能听老和尚的。每天卯时出客气，起，亥时末客睡。姨娘再怎么头痛脚痛脖子痛，他都直接让姨娘去仁济堂得了。 他也年纪大了，这一天上工九个时辰都快隔了，实在是没法跟姨娘哈哈黑了。这日子真正是比在关木卿手下混都不如。可现在好了，这宁海县目前最大的一个工程已然完工，他终于可以不用一天上工九个时辰了。所以当徐达说吴县令，这海贸大厅如果能顺利运营起来，你今年考绩一定全优。的时候，吴县令忙说不敢当，不敢当，这功劳还是官知府和郡主的，下官只是照办而已。 他实在也不想要什么考绩不考绩了，他现在唯一指望的就是能好好睡个安稳觉，不用每天天蒙蒙亮就起床。不过徐达只当他是客气，然后又是对吴县令好一阵的夸赞，直到吴首府从京城给自家儿子派来的师爷提醒了一句，说是粮食已到，请诸位移步大门口可以剪彩了。于是徐达就跟着衙役们的指引，想要带着关木亲和春丫一起去剪彩，可春丫却推脱说：“我就不露面了，一般大老板都是隐藏在后头的。” 爹和关关去吧，我带着徐鑫到处瞧瞧，扮猪吃老虎的戏码春丫最喜欢了，他就不太喜欢在外人面前高调的显示自己什么都行，比起装 X，他更喜欢演乞丐、扮傻子，喜好简直异于常人。虽然关木青和徐达都没有什么女子不可抛头露面的想法，但是既然春丫不愿意，他们自也不勉强。徐达让春丫看好弟弟，然后两人便跟着吴县令跨出了大门。徐鑫问春丫姐：“不是说这海贸大厅的设想来自于你吗？” 为啥你不去剪彩？这不是你的功劳吗？当然不是我的功劳，春丫摇头。或者说，我只给出了一点点想法，关键还是要付诸实施。如果不实施，再好的想法都是空想。若有所思的徐欣点了点头，姐姐说的也有道理。不过姐姐的想法吧，多少还是有点费亲戚。好小子，你有种别逃！姐弟俩在还略显宽敞空荡的海贸大厅里头追闹，外头突然响起了噼里啪啦的鞭炮声。 之后便是徐达、关木青和吴县令轮流简单的说了几句。吴县令也算有心，还请来了四医馆的几位先生做了翻译。之后便是剪彩、敞开大门。今日海贸大厅开放参观，民众们纷纷,纷从敞开的大门口迎着光走了进来。春丫小声跟徐欣说了一句：“瞧，像不像咱们大干开放海贸、喜迎八方来客的样子？”像。徐欣带点头。接着，春丫话锋一转：“这也是因为我们大干如今国力日益增强。” 才能有信心开放那么多口岸。若是国力像吕宋那般弱，便只能沦为别人的垫脚石，八方来客也会成为群狼环伺。姐姐放心，徐欣难得表情严肃，弟弟以后一定好好念书。若再有敌人敢来犯我大干，弟弟必将请战出兵，就像爹爹当年赶赴北境杀敌一般。姐弟俩正说着呢，就见徐达浑身挠着痒痒走了过来，边走还边说：“艾、哎、玛，昨天那被子里头是不是有跳蚤啊？我这浑身怎么那么痒啊？” 春丫和徐鑫对视一眼，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这现实中爹和人生故事中的爹，到底还是有些区别的。浑身刺挠的徐达，最后去仁济堂看了下，原来这人是昨天吃了太多螃蟹，今日发了一背脊的疹子。春丫还带说徐达两句不懂事儿不听话，关木清却直接扯开话题，说自己马上要启程回松江，问春丫他们要不要瞧瞧去。去去去！徐鑫疯狂点头，姐夫带我呗，让我认认路，看看以后要办公的环境是咋样的。 要你做幕僚了吗？你就办公环境。春丫是觉得徐欣年纪小，怕他沉不住气，在做错什么事儿，给关木清惹了麻烦。不过关木清却说，如果你想来，随时都可以来。但是只有一点，你要记住，咱们商量事儿的时候不问你，你就当旁听，不可多言，做得到吗？关木清倒也不是嫌徐欣什么，就是怕他说话多少有点孩子气，还什么都敢说，头铁得很。官场到底不比学府，到时候说错了，再招来不必要的麻烦。可以，我保证。 姐夫说事儿的时候，我就是一个摆件，不让我说话，我绝不插嘴。徐鑫拍胸脯保证道：“那行。”关木青其实也很喜欢这个弟弟。过了年，你就跟我去松江府做我的小师爷，可好？好哎！姐夫发俸禄不？发什么俸禄？徐达一巴掌拍在儿子背上：“你姐夫不问你要饭钱就不错了，还发俸禄？青儿，你要带着三金历练，我不反对哈。但是有一点，你可千万别惯着他，出门就是为了搓磨的，惯着他反而对他以后没好处。” 爹放心，该教的我一定会好好教的。关木清点头，该揍的你也别手软。春丫加了一句，惹得徐欣嗷嗷叫，直问春丫是不是亲姐姐。既然说妥了，徐达和春丫便决定顺道去一趟松江府，算是带徐欣先去采采场。虽然春丫去过两次，不过上海线年底就要开埠，不知道准备的如何了，她也非常好奇，想去瞧瞧。走之前，春丫还问他师傅要不要一起回扬州，毕竟下个月一到。 过年也就快了，道玄却说：“我一个人回趟扬州都不要半日功夫，带着你们费时费力，我还有事儿呢。过年之前，我想回就会回来的，你忙你的吧。”不是说明年三月里就要成亲了吗？别到时候直接睡了棉花胎，连个铺盖被面都没有，赶紧的准备你的嫁妆去吧。对了，丹姑娘的点心可别忘了给我送来，我就指着这点心活了。春丫不解，不是海贸大厅都建造，开始投入使用了吗？ 我觉得吴英良的儿子吧，多少还没有培养出积极性来，我还得再观察观察。这个你不用管，走吧，走吧。说完，道玄不耐烦地甩了甩手，自己转身先走了。春丫看着道玄远去的背影，为吴县令掬了一把同情的眼泪，然后抬步往海风阁走去了。几人也不等过夜，说走就要走。司徒若梅还想给他们准备点干粮呢，不过关木清却说，这一路高速路通了两三条了，从宁海到松江府，估计四五个时辰就到了，吃的少带一点也没事儿。 多带点干净的水就可以了。于是司徒若梅赶紧让下人拿了几个水囊来，给了春丫，然后送她上了马车，说是下回去扬州的时候再见。春丫点头告了别，大勇便赶着马车往宁海高速路方向飞驰而去。关木清来的时候骑的马，便由大勇带着双马走。马车很快到了收费口，取了牌子，上了高速路之后，春丫不免感叹：要说那梁知府倒是办事效率挺高啊，按照这个速度，这路修到咱们扬州府也指日可待了。关木清笑说。 梁知府也不敢效率低呀、啊。我听说皇上申斥梁知府的谕旨是隔三差五的往杭州送，这不赶进度也不行啊。那皇上做的对。徐达解释说：“瞧瞧，这梁知府一被督促，办事效率就提高了吧？说明他是有余力的嘛。”皇上一眼就看穿了。嗯，有道理。马车里的几个人皆点头说：“徐达分析的对。”掉在马车后头吃灰的两人互看一眼，嗯，很好，不错。日报的内容又有了。 春丫他们到了松江府，便直接去了上海县。这上海县开埠的事儿，在春丫看来，关木清的确已经是尽力准备了。松江府其实本来也不算穷府，毕竟这儿养蚕种棉的人家不少，再加上粮食产量也不低，所以虽然比不上苏杭等地，但也算还算富庶。不过上海县现在只是一个小县城，整个县的中心就围绕着一个城隍庙，沿着城隍庙的一带倒是有不少商户人家。关木清介绍说，现在比之前已经热闹了不少。 很多商号入驻了县城，现在正以一天开张两三家的速度增长着。蓝云银行的分号是第一批在这里开张的。不过码头肯定不在这一片，按照公布的规划，仓库码头都修在了雾凇口。此时一期工程都已经修缮完成，县内道路也基本整修完毕，一切都是蓄势待发的状态。这些就是开埠需要的核心硬件。而县城往东去，过了江，后世才有的什么 CBD、BCD 的，现在根本不可能存在。父女俩登高望去。 只见对岸都是大片大片的农田，听关木青说，东边靠海，倒是有不少盐场。不过那海岸线跟后世春丫所知道的，恐怕得差大几十公里。当春丫和徐达看着对岸那一大片一大片的农田的时候，心中不免多出几分感慨。好家伙，谁能想象得到那里以后房价得十几万一平啊？春丫说道：“咱们要不要去对面买点地？”徐达提议：“您是买来等拆迁？”春丫觉得徐达实在是想的有点多。 这房子地皮，几百年之后哪个知道是谁的？徐达一想，也是哈，现在这些房子土地，感觉都买了个寂寞呀。反正以后都不是咱们的，所以啊，房子够住不就行了？想那么多干嘛？如果非得留下点什么，您还不如多搞搞发明啥的。你想啊，咱们知道华夏四大发明是谁干的，对吧？但是华夏四大地主是谁，您知道吗？此言有理呀。徐达摸了下双下巴，果然还是海关的事儿耽误了一个大发明家。 那您抓抓紧呗，把商品名录、报关员资格，还有报关单啥的都实现标准化了，您就可以退休了。春丫动动嘴皮子，大伙跟着跑断腿，是老徐家的共识。徐达甩锅是不会甩的，毕竟他乱甩锅容易被皇帝知道了，让老徐家砸锅，所以他只能捶胸顿足地表示，真是上了女儿的老当了，下回再听他的建议，他就是狗。因为徐达急着回扬州，所以春丫他们也不敢多耽搁，就在松江府停了两日，便回了扬州。 回到扬州之后，徐达拿出了一百二十分的力气，加班加点的干活。徐欣更是突然发愤图强，让家里头请了镖师，每日都要打拳习武。只有春丫每天还是吊儿郎当的做着他永远做不完的嫁妆。张女士很懵 X 问春丫这爷俩是受了啥刺激了？春丫解释说，一个想赶紧退休，然后扬名立万；一个想保家卫国，给敌人来个虽远必诛，所以就表现得非常积极。 行吧，张大夫虽然不是很明白啥意思，但是他也不是啥纠结的人，他只叮嘱春丫，你就别乱跑了。今年过年又是一大家子吃年饭，再加上你明年三月就要成亲，家里头要采买的东西太多了，你得空帮你嫂子多干点。我先走了，今天还有课呢。说完，张大夫头也不回的走了。春丫捏着个袖绷，打了个哈欠，问正在埋头写嫁妆单的佛保佑嫂子：“需要我帮忙，尽管说哈。”佛保佑想了想，又想了想，然后才拿册子，摇摇头，不用了。 嫂子忙得过来哈，说完拿着册子说要开库房去。自家这妹子是大干朝最好的妹子，这一点佛保又觉得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这孩子帮忙容易一件事儿，帮出八件事儿来，所以帮忙还是不必了。她是当家主母，应该准备一切。妹子嘛，还是歇着吧，这样对大家都好。时间在忙碌中过得飞快，到的十二月头上，皇帝就在朝堂上宣布了上海开埠仪式。 朝堂上自然没有人再反对什么开布不开布的事儿了，因为再怎么眼瞎的人都已经看出了皇帝对海贸的热情。这大过年的，也没有人那么上赶着找死。不过朝堂为何如此之和谐，主要还是因为御史台的杠精们这会儿都已经神游天外了。哎，之前因为徐达的骚操作，让这朝堂上起码半数以上的人都被罚了年俸。如今都快过年了，户部的确没有通知他们去拿年俸，要死要死！ 别的部门还好些，像御史台这种只靠嘴皮子的清水衙门，真正是没啥油水呀、啊。这日子还过不过了？文人的确要有气节，但是有气节的前提是人得有气呀。所以越是临到年关将至，朝堂上的气氛就越和谐。皇帝一瞧御史台听闻上海开埠之事，也只做鹌鹑状，心中也多少有些宽慰。哎，做皇帝容易吗？又想搞钱，又得遵从组织，实在遵从不了的。 还得找了人来做挡箭牌，演上几出大戏，吵嚷上十天半个月的，才能把事儿给平了。不能为所欲为的皇帝也是很心累的。但是这回御史台的表现，皇帝觉得还挺满意的，于是大手一挥，说是免了之前一干人等在朝堂上打骂的惩罚，让户部该发放的年俸还是发放下去。别的部门都还好些，御史台这种清水衙门，一听皇帝免了金钱的责罚，皆对皇帝感恩戴德，磕头拜谢，说是皇帝时哪一代明君。要说这套路。 还是皇帝玩起来溜，把原本就是朝臣的俸禄发放下去，朝臣还得多感恩戴德几遍呢。因为开布的事情在朝堂上没有引起纷争，所以圣旨下得也非常的快，几日后就送到了关木清手上。于是关木清就从忙碌变成了疯狂的忙碌。虽然之前已经有了充分的准备，但是方方面面的细节总会有需要调整的地方。关木清穿梭在各个衙门和码头之间协调调度，忙得几乎忘了快要过年这事儿。当然，徐达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因为皇帝也给他下了圣旨，说是新海关调度过去的人员，大部分都是今年科举选拔上来的，没什么经验，所以皇帝让徐达一定要把好关，若有差池，便罚他再做三年官长。苦命的达达，除了要管总署标准化设立的事儿，还得时刻关注着新海关，隔三差五的就得松江府和扬州府两头跑。半个月的时间，徐达就来来回回了三四次，马都跑瘦了两圈，徐达却胖了十多斤。他说自己这肯定是过劳肥了。 一直到了大年三十，徐达倒是提前两天回来了，可关木清却直到年三十当天才将将赶回扬州过年。春丫还嘀咕呢，说是皇上太抠门，这加班加的人差点赶不回家吃年夜饭，也不知道多补点年俸红包啥的。这是替我打抱不平了。关木清听春丫抱怨，疲惫的脸上立刻露出了喜滋滋的笑容。那可不，我的人嘛，自然得我照照了。 不过到时候咱们成亲，你可别像吃年夜饭似的掐这点回来，到时候再让我等，我可不干啊！一旁的关静听了，忙说绝对不能够，要是青儿不提前十天半个月回来，到时候我直接让他姐夫给他写了辞呈，递到吏部去。反正不管多重要的差事，都没有成亲来的重要。关木青也轻轻拍了下春丫的脑瓜子说，说到了三月里，大部分事儿都理顺了，成亲这种大事儿肯定不会耽误的，放心。春丫傲娇的一哼唧，我有啥可担心的呀？ 将将十八大好青春年华，你不急，我自然也不急。想她穿越来之前都二十六了，还没男朋友呢，这会儿十八成亲，的确还挺早的吧？凑在一起谈笑的徐英却直接揭穿了春丫，别听春丫嘴这么硬，实际上啊，双梅秀芳送来的大礼服，她都不知道是穿了几次了。春丫头也不抬，立刻否认，瞎说没有的事儿。真的，我也瞧见了，我瞧见三次呢。徐敏笑道，惹得春丫嗷嗷叫，说姐妹们的友情。 今日也算是到了头了，众人皆好笑不已。坐在关木卿身边的裴姐夫转头还跟关木卿说：“还是成亲好啊，干啥都有个伴儿不是？”徐英小夫妻本应回苏州陪家过年的，但是裴潇却说让他们好好在扬州过年得了。等到初三，裴潇会亲自来扬州给徐达拜年的，到时候大家再吃个团圆饭就行了。儿子儿媳在不在家过年有啥重要啊？重要的还是要跟老徐家处好关系不是？那调笑姐夫的话。 就在嘴边，但是春丫还是硬生生给咽了下去。算了，她现在走的是淑女路线，可不能随便开会被徐英掐死的玩笑了。大姐儿听说成亲能有伴，也拍手绕圈，说自己也要成亲，惹得一旁正撅着屁股踩在石椅子上拿果子吃的宝珠也铿锵有力的说自己也准备要成亲了，因为成亲就有伴一起玩了。奶娘劝慰她，咱们还小呢，得姑姑先成亲，宝珠小姐长大了才能成亲哦。宝珠一听不干了。 一屁股坐在凳子上，说自己今天不成亲就不吃饭了。这个时候就听佛保佑朝小花园这儿喊了一声：“开饭啦！”大伙到饭厅说话吧。来了，娘！宝珠一咕噜跳下了石凳子，挪动着自己的小短腿，噔噔噔的就往饭厅跑。大姐儿见宝珠跑了，跟在后头也喊：“宝珠，等我！”不过王家的二哥这会儿却睡着了，生物钟使他凑不上热闹。众人这才一边喊着慢点跑，一边追了上去。老徐的年夜饭。 依旧热闹非凡，甚至有越来越热闹的趋势，因为这回多了关靖，连带着庞云、吴县令都跑来蹭饭了，再加上多出来的裴姐夫，以至于男客一桌人多的椅子都得往后挪挪，才能把人全给安排上。倒也不是佛保佑不愿意多开一桌，实在是这些人就想凑在一块儿聊天打屁。而女桌这儿，妇女同胞们聊儿女成亲的事儿，聊的那叫一个欢快，声浪是一波高过一波。徐家三姐妹则交头接耳地说着踢脚话。 具体说的什么吗？当然没人注意，反正只有时不时回过头来的裴姐夫，觉得自家茵茵脸色越来越红，还特地过来说了一句，让妹子们别劝姐姐喝酒了，姐姐这都上头了。这话一说，徐敏和春丫更是一脸的坏笑。徐茵让裴姐夫赶紧的吃他的去，别过来添乱。时晶晶日本还想去厨房吃饭呢，却被春丫他们死活留在了桌上，说万没有让庞夫人去厨房吃饭的道理。其实以前每次老徐家聚餐，春丫他们也会留十斤的，但是十次里起码有九次十斤是不愿意的。 可现在成了亲，十斤愿意就罢了，可若不愿意，那也得愿意了。所以这一桌人认真干饭的，就剩下了宝珠和石金。来带大姐儿都跟在三水身后，满地乱窜，根本没心思吃饭。等大伙说笑累了，转过神来想吃两口菜了，一瞧，很好，一桌饭时起码被干掉了一大半。这还是因为石金没放开了吃，才留下了这么多的。要说石金不愿意再上大桌呢，躲去厨房吃，单姑娘都是给他开小灶的，不过吃了还能现炒呢。 可比大桌吃饭自在多了。不过现在单姑娘其实也挺忙的，除了本职工作之外，每天还得给某个饭桶一天做上五六顿的饭。单给十斤开小灶，估计也是不能够了。老徐家的年夜饭从夕阳西下一气儿吃到了夜半三更，当然这吃的嘛，也从大席换到了茶点，又换到了饺子馄饨，中间得空还得上院子里头散散步。小年轻是一对儿一对儿的谈着人生理想，父母长辈则一堆一堆的谈着明年要忙的事儿，直到打更的棒子敲过三更。 外头响起了鞭炮声，徐达便张罗着赶紧的放炮迎新。今年因为张家才搬了新院子，所以文外婆他们年夜饭是在自家吃的。张家旺在家吃了上半场，下半场又溜到了老徐家来了。听说要放炮，张县令那叫一个起劲，呼朋引伴，喊了徐雷他们赶紧的来。几人同时点了鞭炮，噼里啪啦,啦崩的院子里到处都是红纸屑。徐老汉非常的高兴，说这就叫满堂红。他们老徐家这年啊是越过越红火了。 蔡奶奶看着自家男人那咧开的大嘴，不得不提醒他一句：“你那嘴，可悠着点儿吧。”虽然徐老汉很讨厌死老婆子破坏气氛，但是他还是不得不拖住了自己的下巴。哎，这不争气的下巴，弄得他笑都不敢太过放肆。吃了整整三个时辰的徐家年夜饭，也在鞭炮声中散了席。道玄走的时候还说：“他们老徐家都是山里人，这嗓门大的，一顿饭下来他都耳鸣了。”不服气的徐老汉哼唧一声：“啥呀，肾亏吧你？什么？” 你说什么？道玄掏了掏耳朵问道。徐老汉重新回答说：“你老当益壮，上山还能打虎呢。”道玄满意的点点头，这话没错。吃完年夜饭，春丫便又长了一岁。关木清偷偷拉了春丫到一旁，给了他一个过年的压岁红包，说是恭喜郡主总算到了十八岁。其实按照实际年龄的话，春丫连十七都还缺两个月呢。但是不行，在关木清这里必须十八。春丫接过红包。 手边却没准备回礼，他辩解道：“关大人的礼物就在咱们成亲那日再给你吧，是什么？能不能想提前预告下？可别又是重破哈，我可再给不起回礼了。”这人现在除了年前领的三百两俸禄，别的钱除了放在关静那儿筹办喜宴的两三千两银子之外，可都打包到了老徐家了。目前的关木清算得上是真正的两袖清风。春丫难得的面带羞涩，她微微一笑：“都是些不值钱的玩意儿，但是都是我自己亲手做的。” 既然是你亲手做的，那就不叫不值钱，那就叫无价之宝。噗嗤！突然在黑暗里传出一声笑声，两人抬眼望去，只见徐欣带着三水从黑暗里走了出来。无价之宝，哈哈哈哈哈我姐姐做的那些个，徐欣，你信不信我能说服爹娘给你停了每月五两的零花钱？春丫气到叉腰，虽然他的手工活的确一般吧，但是这臭小子居然嘲笑他，那他的小心眼子。 可不是白叫的，徐鑫立刻道歉，对不住对不住，我不是故意偷听的，我是陪三水去尿尿的，你们继续哈继续。说完便拉着弟弟走了，走了没多远，却又传来兄弟两人的笑声。你给我做了什么？关木青倒是很好奇，啥都有呗，别问了，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说完，春丫就扭屁股走了。完犊子了，连徐鑫都看出来质量不好了，到时候晒嫁妆可咋整啊？ 春丫决定赶紧的重新做人，把能找不回来的活计好好再找不找不，最起码看上去的像那么回事吧。之后几日，徐家依旧热闹非凡，来拜年的、走亲戚的，那是一波接一波。不过这样的场景，只过到了初六，徐达便要出走了。没办法，春丫三月底要成亲，徐达还得赶着上京述职，不抓紧走不行啊。而关木清那里，高同都自己跑来接人了，说是关木清再不去，他可真是顶不住了。 这回关木清走的时候，还把徐欣和大勇一起带走了。张大夫虽然觉得儿子还小，但是把人交给关木清，他还是放心的，所以倒也没有怎么反对，只是让关木清好生照看好自家弟弟。关静只叮嘱了关木清一件事儿，让他可千万记得三月初十之前回来。没事儿，我已经想过了，到时候大不了我去宁海迎亲。春丫坏笑道，吓得关静赶紧又叮嘱关木清一句：三月初十你赶不回来，我就带人去绑你回来。虽然关静很喜欢春丫，但是。 老官家的男子真的不能入赘啊，不然他怕他爹娘梦里头找他算账。一天内送走了相公和儿子，还有个未来女婿，张大夫只觉耳根子都清净了不少。在狠狠休息了两日之后，张大夫终于打起了精神，开始着手挑选女儿的嫁妆。好在很多东西佛保佑已经整理成册了，张大夫要做的就是过目一下就行了。当然，为了感谢儿媳妇为这个家庭的付出，张大夫还让佛保佑在自己的库房里随便挑、随便选。 另外还塞了两张千两的银票给佛保佑，说是这一年他辛苦了，这钱不用告诉儿子，是娘给他的零花钱，让他想买啥衣服首饰，自己拿着去买便是了。佛保佑当下就感动到哭泣，哭泣到呕吐。结果张大夫给他一把脉，很好，儿子的效率还是挺高的。佛保佑这是怀上了，张大夫很高兴，可高兴不过三秒就又不高兴了。儿媳妇才怀孕，那春丫那口锅他只能自己接着了。没事没事，张大夫宽慰自己。 儿媳已经把最重要的事儿给理清了，自己只要按部就班，就不会出岔子。镇定，一定要镇定。这头扬州的张大夫劝着自己要镇定，那头要进京述职的徐达却赶路赶得非常的着急。自家女儿是个做精，这个他是有深刻体会的。到时候如果不抓紧回家，错过了女儿的婚礼，这么大的失误肯定得被春丫念叨一辈子。所以这回进京，徐达是坐着自家那豪华大马车走的。 好在双马还是给力，赶路半月，徐达便进了京。到的京城，他连老伙计都没来得及招呼，便先递了折子进宫，说要面圣。皇帝一听徐达来了，多少还是有点兴奋的，因为海关今年的关税收的比预期多。老实说，皇帝那是相当满意的，不然他也不会大搞上海开埠的事儿啊。所以皇帝也在第一时间见了徐达。两人见面，皇帝也不废话，只问徐达还需要什么支持。皇上，咱们海关官员如今加班加点的。 您考不考虑给咱们加点俸禄？换一个意见，皇帝毫不犹豫地回答。徐达心中暗骂一声抠搜，不过嘴上却不能说，他只能谈正经的，说是如今推行通关标准化，但是这个推进速度却不尽如人意，很多商户不能理解，无法配合，还说他们就是事儿多，搞这么多的事儿，真正实行起来会拖了他们做买卖人的后腿的。这会儿他先得给皇帝打个招呼，若是有人参他，请皇帝一定给他一点时间，时间会给出答案。 这么做肯定是利大于弊的。其实皇帝这儿早就收到不少奏折，说徐达任意妄为，搞什么海关就算了，现在还搞什么通关标准化，让很多商户都焦头烂额，苦不堪言。其实到底为了什么而搞标准化通关？徐达在之前的奏折里早就已经跟皇帝解释过了，皇帝当然也是默认的状态。所以徐达说要给他点时间，皇帝即刻召了吴英良来，说明日大朝会让吴首府给钟永博打个配合，这事儿在朝堂上你们自己吵赢了。 以后什么参徐达的奏折就可以直接退回去了。虽然徐达和吴首辅都面露难色，但是皇帝对这两个人的终极组合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吵架嘛，这两人双剑合璧，大概没人是他们的对手。不过徐达和吴首辅都觉得光靠他们俩也多少有点势单力薄，于是出了皇宫，徐达就让郑下去下帖子，邀了目前单身在京郊的老王，还有老伙计永义后新伙计安阳博，再加上吴首辅几人聚了个餐。他们倒也没有多谈朝堂之事。 主要还是为了联络联络感情，重建一下默契。到了第二日大朝会上，皇帝特地点名徐达，提了标准化通关的事儿，果然引来了一些大臣的斥责。他们就问钟永伯，先从布政使司分出了市舶司，之后又大搞特搞什么标准化，到底想干嘛？是不是觉得这大干海关就是姓徐的了？简直就是杀人诛心！徐达当下就撒泼说：“老子不干了！大干海关爱姓谁姓谁！”扔了护板就准备走人。 还是王宗元他们把人给拉了下来。吴首福也对着杀人诛心的大臣喊道：“我知道你，熊从安，从广州知府调任到上来的吧？对了，祖上是经商的吧？你如此污蔑钟永博，是不是因为他动了你们老熊家的利益？是不是被标准了一下？你们老熊家很多东西都不能混出去，或者不能什么都混进来了？大理寺卿何在？这老熊我觉得很有问题啊！查。” 好好查查他们有没有什么不合规的进出口买卖，或者偷逃税款之类的。您是首府，你也不能血口喷人啊！熊大人突然感到了一阵心慌，我哪里血口喷人？大理寺查案不是很正常吗？你有种别怕查呀！吴首府说完，还嗤笑了一声。从商户上来的人家，哪怕生意是干净的，但是官职肯定没有一个是干净的。吴英良是吏部尚书干上来的，这些事儿怎么可能不知道？ 哪怕现在的裴家，他们家那个最大的陪参将才几年啊？从不入流的京城做到参将，这里头没塞钱贿赂周一彪，才真是有鬼了呢！这种事儿只是没人查而已，真要查，那才叫一查一个准。更何况看着姓熊的模样，这生意估计也不怎么干净吧？果然，一说别怕差姓熊的便嘟囔了两声，说自己只是合理质疑而已，也没说钟永伯就一定有坏心。可徐达不干啊，他说他这是有大病了，放着好好的伯爵不做。 偏要干着吃力不讨好的活计，皇上每年又不给官长的俸禄，他还平白招人指责。这官长一职，他今天就不干了。永义后和安阳伯的一声啊，穿透了朝堂，各级官员一听也惊了呀。知道皇帝抠门，可不知道居然如此抠门，光让钟永伯干活，连钱都不给呀。虽然每年五六百两银子也没啥大用处，但是一点不给也太抠门了吧。感受到了群臣上瞟的眼神，皇帝多少还是有点尴尬的。 他清了清喉咙道：“朕之前太忙，这种小事儿倒是的确忘了。钟永伯对于大干海关的确是劳心劳力。那个户部啊，记得把关长的那份俸禄补发给钟永伯。还有，既然吴首府说想查查广州口岸的商行，那便去查吧。大理寺加上徐达，你从扬州总署派几人一起去吧。既然查了，就查个彻底，看看到底有没有进出口违禁品或者偷逃税款的事儿。朕也不是针对任何人、任何商户，只是就事论事。” 众爱卿不必多虑，还有谁对钟永伯推行标准化通关这事儿有意见的吗？朝堂里头鸦雀无声，谁家还没个生意呀、啊？如今海贸这么红火，是个人都想干一票啊。这会儿见姓熊自己挖坑自己跳了，谁还敢吱声啊？皇帝见底下的人没有吭声，便大手一挥说道：“行了，徐达你也别撒泼了，这护板都破了，朕就罚你一年俸禄。赶紧的起来，滚回去，把你的差事办好就行了。” 说完，皇帝便头也不回地走了。要说皇帝套路深呢，这一来一去，还是一分钱都没给，简直就是抠门到家了。京城的事儿办妥了，徐达便着急忙慌的要回扬州。独守空闺老王头和大干吵架，王老无头还特地送了他出京。走之前，徐达再三问老王头：“春丫和青儿成亲，你真的不来吗？想来，可皇帝不让啊。来呗，大不了不干了吗？徐达别的不行。” 怂恿别人罢工，第一名，老吴头赶紧阻止这不靠谱的玩意儿。钟永博，这可不行，咱们这群人里头少了谁也不能少了王将军啊！当然少了你也不行，我家那蠢东西在宁海，还得麻烦您多照应照应哈。虽然郡主成亲，我是去不了了，但是我家夫人一定会上门道喜，到时候还得麻烦甘德夫人多多照应。客气啥？徐达说道。吴首府家公子也算是个有福气的，大师傅为了指导您家公子，这会儿还留在宁海呢。 吴县令，这福气谁爱要谁要。老王头也再三关照徐达，请他一定要帮忙照应自家媳妇和一双子女。等青儿婚事办完了，顺便再帮忙提醒下，家里头还有人等着他们回家呢。徐达都应了下来，反正到时候关进不想走，他也管不了不是。宋军到得城门外，终有一别时，三人互道珍重，就此别过。王宗元看着徐达远去的马车，多少有些落寞。吴首府提议去喝个花酒。 没想，王宗元却说：“您赶紧回家歇着去吧，一会儿被吴夫人撞见了，又是得干架。别瞎说，我怎么可能跟夫人干架，像话吗？行了行了，既然王将军不想喝，就不喝嘛。那什么，那我就先回衙门了，你也赶紧回军营吧。对了，我提议喝花酒这事儿，可不能让我夫人知道哦，不然以后朝堂上我可不跟你打配合了。走了。”说完，吴首府便上了自己的马车，开溜了。 王宗元无奈笑了两声，也跨上了自己的马，扬长而去。赶路的徐达一心惦记着得赶紧回扬州，所以一路也没怎么停歇，跟进京的时候差不多，十来天功夫便到了扬州。马车进城的时候正好是大中午，因为挂着忠勇伯爵府的徽记，所以马车哪怕进了喧闹的府城，走得也颇为顺畅。可快到伯爵府的时候，车还是被迫停了下来。不知为何，前方聚集了一群人，看起来好像正在排队买什么东西。 徐达下了车，走近一瞧，原来是家糕点店，招牌上写的是“和记饼店”。他扒拉开了人群，凑近了柜台一看，哟，这糕点做的的确厉害呀、啊，可好像哪儿不太对劲啊。这展示柜天呢，这柜台居然是玻璃的，虽然跟后世的超白玻还是有区别，展示柜上的玻璃也是由小块拼接而成的，但是在这大干潮也算是独一份了。难道不会吧？那丫头不是在准备成亲吗？ 不会现在还在搞事儿吧？当然，展示柜里头的糕点虽然都是中式点心，但是做的也绝了。柿子、花生、桃花、佛手、荷花、糖果酥饼、绣球酥、贵妃饼，一件件简直就像是工艺品。大家别排了，最后十盒了，没有了。徐达就听里头营业的姑娘喊道：“这姑娘怎么瞧着有三分眼熟啊？”后头排队的人大喊：“咱们上午想就来了，等了这么久，说没就没了。” 咱们今日还临时加烤了一批呢。咱们姑娘说了，这座糕点得认真用心做，不能只追求多。这两日买到的，明日便不要来了吧。咱们家夫人说了，这东西吃多了也不好，过个十天半个月再来吧。说完，那头收银的也把最后的八件一盒的小团盒给全卖完了，于是喊了一声：“今日受庆，大伙明日再来吧。”然后铺子就准备关门了。有无理的骂着我砸了你们，就想上前，却听管事的那姑娘大喝一声道。 咱们家小姐说了，上回子砸了咱们家买卖的人家，可是赔了十万两呢。这会儿您若真有银钱，那便砸了试试，到时候可别说咱们没告诉过您。无理之人的一句放屁还在嘴边，就有边上的人扯了他，说：“大哥，劝你一句，这家铺子可是大有来头，得罪知府也不能得罪这家东家。”徐达凑上去问了一句：“哦，这家东家是谁？听你这口音是外地来的吧？”这家东家呀，说出来吓死你，可是大名鼎鼎的忠勇伯爵府。 徐达，他就说有那玻璃就不对劲，再加上那管事的丫头看着多少有点眼熟，还有十万两的赔偿，铁定了就是春丫干的好事。听完自家八卦的徐达，赶紧转身回了家，才进院子就嚷嚷开了：“春丫，春丫你出来！春丫，爹，您回来了呀！”正在课堂间里跟单姑娘商量菜单的春丫，立刻迎了出去：“对，回来了！来来来，徐达招手让春丫跟上，我就想问问你。” 你这不是要成亲吗？怎么的，又开上糕点铺了？不是我干的，春丫条件反射的就想拒绝承认。一旁的丹姑娘倒是有点不好意思了。徐达问：“不是你干的，是谁干的？我怎么听路上有人说那什么和气糕点是咱们家的呢？”嗯，春丫思考了下，只能解释道：“事情是这样的，大嫂不是怀孕了吗？所以我娘让我自己去找喜饼铺子订一批要送亲戚朋友的喜饼，但是我找半天没找到我想要的。” 后来我就想着丹姑娘的手巧啊，于是我就让丹姑娘帮忙做了。结果关姐姐来串门子的时候，瞧见丹姑娘做的喜饼比她订的要好，所以也拜托单姑娘做。好巧不巧，司徒姐姐那天也来串门，结果一瞧单姑娘做的糕点实在是精致漂亮，便也想拜托单姑娘做一点，说是二月花朝节的时候要用。结果我眼瞧着单姑娘手里的活计越来越多，于是一不做二不休，从家里拨了两个丫头给她，又从外头请了五个婶子来做活，开了那家和记糕点铺。 丹姑娘以后就是和气的掌柜兼总技师了。徐达买喜饼还能买出个铺子来，真是一步一个坑啊！你娘怎么说的？徐达就想知道自家夫人有没有后悔让女儿负责自己的婚事。春丫面无表情的呵呵了两下，娘说让我以后不用管成亲的事儿了，成亲之前禁止出门。你娘说的对。徐达好气又好笑。那你那糕点铺子为啥叫和气糕点？开都开了，就想劝我娘看开些，气大伤身。 绷着脸的徐达瞬间就笑出了声，指着女儿的额头，直说：“你呀，你春丫被禁足了，佛保佑，目前不能操劳。张大夫课业放不下，好在嫁妆啥的都准备好了。另外需要采买的、布置的，交给徐雷和徐达办就行了。本来徐家因为是嫁女儿，所以准备的事项应该比男方少。但是由于官家情况特殊，再加上官家姐弟的朋友和老徐家的朋友很多都是重叠的，所以他们两家合计下来，准备干脆放在一起办喜宴得了。” 但是关静想着，喜宴得设在他新整修好的官宅里头办才行。若是放在伯爵府办，那自家弟弟就成了入赘了。他倒是能理解，但是他就怕爹娘不理解，半夜三更的再麻烦老人家来找他就不好了。因为这事儿，关静还踌躇了几日，不知道怎么跟张大夫开口才好。可不商量也不行啊，所以他是硬着头皮跟张大夫商量的这事儿。没想张大夫却是一口答应了下来，不用在自家办喜宴，多好啊！不答应是傻子。 关键因此还感激涕零了一番，说张大夫还是疼爱青儿，给他留了不少面子。所以整个婚礼流程，男女双方最后商量下来是这样的：婚礼当天，关木清先迎了春丫进府，再有男方派了车马，把女方家送亲的亲戚全接到官府一起吃喜宴。徐达的朋友很多都是跟关木清重叠的，所以朋友的宴请名单由徐达和关木清一起定下来，然后翁婿俩一同下帖子，请了朋友直接去官府赴宴。 配丰那头的乡里乡亲，徐达最后决定等春丫成亲之后，挑个吉日，他们一家再回村里办上几桌宴请乡亲族亲就行了。这么一个流程，关静和徐达夫妇都觉得挺好，春丫也没有意见。她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宴请当日给她婚房里也备上一桌。最后，当关静把商议好的成亲流程交到于夫人手上的时候，于夫人多少是有一点懵圈的，意思就是说郡主出嫁还带着娘家所有人去南方哈。于夫人想要再次确认下。 关静想了一瞬，然后点头：“是的，没错，娘家所有近亲。”这话说的也很严谨了，毕竟远亲都在配封嘛，赶过来不方便。这批人，徐家会带着新人直接回乡宴请的。不瞒夫人说哈，我这辈子因为生的孩子多，又承蒙大伙看得起，请我做全夫人和媒人的也不少。但是老实说，我就没见过有女孩出嫁陪嫁爹娘爷奶哥哥嫂子弟弟妹妹的，真是令她大开眼界呀。关静爽朗一笑：“没事儿，您这次不就见到了吗？” 东家都无所谓了，那余夫人还有啥所谓呢？哎，咋咋地吧，反正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做媒人了。既然成亲流程定了下来，宴请人数也很快就算好了。期间，关木清回了一趟扬州府，把徐欣提前送了回来，然后跟徐达把请柬都给写完了。对于春丫成亲之前不能出府这事儿，关木清既同情又觉得丈母娘做得对，但是当着春丫的面儿，他却只能说丈母娘多少还是严苛了那么一点点。当天晚上，关木清就带着春丫翻墙出了家门。 偷偷跑去夜游了趟宝障湖，以示对张大夫偷偷摸摸的抗议。之后的日子，关木卿依旧回了松江府忙碌，而春丫他们这里渐渐也做好了所有的准备。到的三月初九，关木卿干脆跟巡抚大人告了一月的假，巡抚大人自然不肯，只批了关木卿半月的假，这还是看在他之前太过忙碌的份上才多放了几天。可关木卿这回却一改往日拼命三郎的模样，说是巡抚大人不给假，他就直接跟太子告假。虽然这么干很不地道，但是。 想成亲想疯了的关木清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巡抚大人被关木清的大招气个够呛，却又无可奈何，只能准了假，还多派了两个副手去松江盯着，以免关木清不在的时候出了什么差池，到时候没法跟皇帝交代。于是关木清在三月初十准时回到了扬州，正式准备迎娶春丫。按照规矩来说，新郎新娘在成亲之前的一段时间内是不可以相见的。可关木清和春丫两人根本不拿这种规矩当回事。 每晚就在房顶上约会聊天，关木青还时不时的带了点心宵夜来，两人恨不能在老徐家的房顶上搭个赏月台出来。而蹲在他们后面的还有寻州和西风，西风怀里还有只大橘猪。这老徐家的屋顶不可谓不热闹。扬州城里哪怕家家户户都闹毛贼，老徐家也绝对不会闹的。到了三月十八，道玄半夜突然回了扬州，他翻墙进府，准备去大厨房让值守的厨娘给搞点吃的。上墙瞧见老徐家的屋顶上蹲满了人。 他忍不住嘲讽说：“这都四个人了，怎么不弄张桌子在屋顶上打马吊啊？”春丫看到师傅倒是高兴的很，问说道：“新师傅有没有回来？”“他回来了，咱们的厂子怎么办？”“如今宁海洋人多得很，这回回去，我还得从我那无名禅寺里头多扒拉两个人去宁海呢。”“可是您那禅寺统共就俩僧尼呀、啊？”春丫说道。道玄转头打量了几眼关木青：「这位施主，我看你骨骼清奇。走开，走开！我的，这位施主是我的。 您少打主意呀、啊！春丫说着话，一把抱住了关木青，道玄则一路悠着飞走了。被春丫抱了个满怀的关木青，只觉此刻幸福无比。可惜，这幸福的一刻很快就被张大夫的怒骂给打破了。你们俩下不下来，不下来，信不信我把你们捅下来？有完没完了？还，瓦都给我踩碎了！院子里的张大夫拿着根鸡毛掸子，叉腰指着屋顶上的两人。 两人只能飞身下了房顶，关木青连连道歉，说再不会有下次了。张大夫拿着个胆子跟关木青说：“我可告诉你，明天咱们送嫁妆，你就给我好好在家迎着，晚上早点睡，再不许半夜三更跑来了。后日要是掉链子，看我揍不揍你。”“好的，娘，我明日就不来了，咱们后日见。”“春丫，等我。”“啾咪，么么哒，等你哟。”春丫就没有什么正经的时候，惹得张大夫拿着胆子把人给直接轰走了。 然后揪着春丫回了房，让她把准备放嫁妆箱里的绣品都拿出来。春丫略显尴尬的清了下嗓子，磨磨蹭蹭的把自己的手工活拿了出来。张大夫翻看了下，叹了口气：“到底为什么？你这女工一点都不带进步的。可能是因为遗传。”春丫试探的说道：“我我到底还是比你好些了吧？”张大夫垂死挣扎。春丫摇头：“没有，娘，你对自己要有清楚的认知。” 眼见张大夫就要恼羞成怒，站在门口的丁香鼓足勇气插嘴道：“夫人，若实在不行，奴婢可以帮小姐。”“别，不用，就把这些放嫁妆箱里，好坏也是关木清受着。”春丫也说：“不用，说不定能穿呢。这鞋底子我扎了好久呢，她能穿也是她的本事。”“好了，东西给我吧，明天就放嫁妆里头送出去。你赶紧睡吧，明天早点起，别宾客来了，新娘却还在睡大觉。”说完。 张大夫便夹着春丫的手工活走了。明天送嫁妆，就是婚礼的开始。张大夫只求千万不要出啥幺蛾子，安安稳稳的把春丫这锅扣关木清脑门上，他就功德圆满了。次日，春丫觉得自己都还没睡下去多久呢，就听到门外有来来往往的脚步声，然后丁香的声音传来：“小姐该起床梳洗了。”春丫一个转身，把头闷进了被子里。没过多久，就听张大夫咋咋呼呼的声音传来：“怎么回事？” 怎么还没起？亲戚朋友都来了，这个怎么还在睡？就这么三句话的功夫，张大夫已经走到了春丫床边，呼啦一下掀了被子。到底是你成亲还是我成亲？赶紧的起，你爷奶他们都准备好了，姐姐妹妹们都等着你，你赶紧的。春丫昨晚做了个梦，梦到自己带着关木青穿回了现代，然后还带着关关去了酒泉看火箭发射。这会儿春丫人才醒，还迷迷瞪瞪呢。一听张大夫说爷奶他们都准备好了，便随口问了句：准备好发射火箭了吗？ 张大夫被女儿说的愣了一下，赶忙去捂她的嘴，瞎说什么呢？你明天就要成亲了，大伙给你送压箱礼来，赶紧的穿衣服。丁香、丹燕，你们都留在这儿给小姐打扮打扮。说完，张大夫又风风火火的走了。虽然今天春丫不用出门，但是来往的亲戚宾客来送礼的还是不少的。虽然男宾不用接待，但是女宾春丫还是得见的，好歹算是个准新娘了。张大夫可忍不了她再随意打扮、不施粉黛的贱人了。 他自己今天也好不容易换了身适合春日的湖蓝色锦缎宽袖被子，脑瓜子上也终于插了两根宝石簪。哎，做主母真的很不容易啊！他这才干了几天佛保佑的差事啊，就觉得有些暴躁了。张大夫暗下决心，以后每年给佛保佑的红包给加量。睡眼惺忪的春丫听今天老母亲的语气实在是不咋地，于是也只能乖乖从床上爬了起来，任由丁香和丹燕给她上下倒腾。还没倒腾完呢，徐英就和徐明挽着手来了，要新娘子。 打扮上了，徐英凑到春丫的镜子前，从镜子里头瞧人，果然是要成亲的人，气色就是不一样哈。那可不，关姐夫每日的宵夜可不是白头喂的。徐敏乐呵呵的拿着他的小包裹，坐到了春丫卧房外间的小圆桌旁。打扮好了的春丫站起身，走到徐敏身边，问他：“你不要告诉我，这里头都是你搓的丸子哈？”“当然是喽，两位姐姐，我都要一视同仁的嘛。”徐敏说着话，打开了他的小包袱，把一瓶瓶的小丸子给拿了出来。 瞧瞧，这些都是我新做的，给英英的什么泻药之类的。你不需要，我就给你换了香砂养胃丸。跟着春丫姐，就是到处吃吃喝喝，可不得来点胃药？哇，除了这香砂养胃丸，别的难道都是补肾的？当初看着徐敏送徐英这些小药丸，春丫只觉得好笑，但是轮到自己头上了，却觉得多少是有点夸张了。关关虽然工作挺累，但是还没到那个地步吧？徐敏认真点头，是啊，关姐夫是知府吗？ 肯定比裴姐夫忙了，我还觉得准备少了呢。春丫姐，你可别看如今关姐夫年轻力壮，但是不保养的话，行了，我收下了，你可别说了。你乔丁香和丹燕都躲门外去了。春丫开始替张家旺担心了，这孩子对男子的肾脏如此关注，不知道张家旺能不能顶事儿。徐英在一旁咯咯咯,咯笑的泪花都要出来，春丫跟他伸手道：“裴太太，东西呢？什么东西？”徐英好不容易停了笑，你说什么东西？ 当然是成亲礼了，没有啊，我就是来看笑话的。徐英也渐渐压化了，春丫二话不说，上手往徐英腰上挠痒痒。徐敏看着也手痒得很，两人差点把徐英挠到地上去。徐英大喊着错了，再不敢了。成亲礼马上给，两人这才停下了咸猪手。当然，徐英的成亲礼准备的也很精致，是特地从苏州带来的一套财宝头面。除了财宝头面，她还定制了三根金镶玉的簪子，徐家三姐妹一人一根。 说是这样，不管走到哪儿，看到簪子就能想起自家姐妹来。春丫笑说：“再远也走不出个扬州府了。名字以后嫁给张家旺做了县令夫人，那都算是远嫁了。说不定到时候张大定干得好，等咱们成亲的时候就调任到府衙了呢。”徐敏这么幻想着。为了早日完成你的愿望，我一定会好好督促张家旺多干事实事，争取让他年年考绩得上几个优等。张家旺，我可谢谢你呀。 姐妹几个在房间里说了几句，外头渐渐就热闹了起来。春丫还想出去看热闹呢，却被赶来的佛保佑给制止了。妹子今日好歹是新娘子，一年到头就矜持这么一回，好好在房里待着吧。没办法，孕妇最大，春丫只能听佛保佑的。不过她倒也不无聊，因为来送压箱礼的人那是源源不断。裴婷、司徒若梅、梅姨娘、张家的三弟文外婆、舅母、二婶、三婶，外加奶奶压轴。春丫只觉自己聊天聊得口干舌燥，大干这会儿的规矩。 这压箱里本来应该就是送些头面首饰、小件物品，一丝一丝的。可裴廷压根不干啊！压箱里都是成箱抬进伯爵府的，什么绫罗绸缎、首饰器物，应有尽有。张大夫都忍不住吐槽说：“这不是送压箱里来，而是送嫁妆来。”别人虽然没有裴廷送的那多，但是收收拢，居然也有满满的四大箱子，再加上裴廷送来的六台春丫的嫁妆，愈发的把伯爵府的大院儿给占了一大半。到的中午及时。 余夫人带着人来说可以送嫁妆了，可才跨进门，余夫人就又有些呆滞了。她问站在门口的徐达爵爷：“我多嘴问一句哈，这里头都是咱们郡主的嫁妆吗？”徐达点了下头：“是，都在这儿了，可能比预计的多了那么一点点，一点点。这看着比六十八台多了不少啊！余夫人哪怕不数，瞧着这数量也差了太多了。”张大夫走上前解释道。 咱们原本是想准备六十八台来着，可春丫自己攒的嫁妆也不少，她大哥还给她另外备了嫁妆，七七八八加起来得有一百零八台。没想今早大伙儿来送压箱礼，又送来了十台，这一不小心就成一百十八台了。咱们因为准备的时候也没想太多，这几日装箱一装就多了那么多，我一忙就没来得及跟您打招呼。这要紧吗？呃，于夫人迟疑了下，才说应该不要紧吧，反正您家跟官家也要好得很，这嫁妆多了是好事儿嘛。 于夫人此时已经彻底放飞了自我，徐官两家反正都不是讲究人，这事儿反正胡轮着干完就得了。他已经不想讲那么多礼数不礼数的了。既然别人都说没事儿了，那徐家这头就赶紧放了鞭炮爆竹，开始发嫁妆。徐欣走在头里，这回他帮姐姐压嫁妆，后头浩浩荡荡跟着送嫁妆的队伍。一百十八台嫁妆，一箱箱从伯爵府被抬了出来，一路上围观群众无数，大伙儿都数着呢，想看看伯爵府到底给郡主准备了多少嫁妆。 因为才隔了两条街，所以前头的徐欣都已经到了，后头伯爵府里头的嫁妆才挑出来了一半。街道两旁更是被吃瓜群众围了个水泄不通，此起彼伏的帮老徐家数着数呢。反正丢啥，老徐家嫁妆肯定丢不了。关木亲手里头捏着春丫的嫁妆单子，看着前院渐渐被徐家送来的嫁妆给填满了，脸上很是哭笑不得。他苦笑道：“看来这宅子是真的买小了，郡主的嫁妆恐怕一会儿没地晒了。” 当初说春丫陪嫁六十八台嫁妆的时候，关木卿就已经很自觉的让人把前院给整理过了。没想现在送来的却几乎翻了个倍。关静已经手忙脚乱的喊下人，把院子里的石凳子、石桌子、没用的盆栽摆设全给撤了。他是真的懊恼啊，恨自己到底为什么不去隔壁敲门，把人家的院子开高价买了。待到春丫一百十八台嫁妆全抬出了伯爵府，路上的吃瓜群众都沸腾了。一百十八台呀、啊，他们扬州府就没见过哪家人家有这么多嫁妆的。 没想到钟永伯生活在如此低调，嫁女儿却这么舍得下血本啊！而那头官府的前院已经被送到的嫁妆箱子给塞了个水泄不通，直到春丫的嫁妆全部被抬进了官府，连带前院的严郎也全部堆满了春丫带来的嫁妆，连徐欣都看得有些傻眼。在咱们家看着虽然多，可也没觉得这么多啊。余夫人看着满坑满谷的嫁妆，试探性的问关静夫人：“我多嘴问一句哈，咱们家有库房吗？” 有也堆不下这么多呀、啊！关静更是望乡心叹。关家因为父母都已经去世，族亲也大部分都在多年前北境的动荡中没了。这会儿在官府的人，除了关家姐弟，还有两头跑的扬州社交圈扛把子卢氏夫妇中的卢远正，特地从京城赶来凑热闹的吴夫人和他儿子，另外就是关木清的几个同窗好友和几位幕僚。诸人看着满院子的箱子，也都是面面相觑，不知自己该提点什么建议。吴夫人突然开口道：“既然是陪嫁的嫁妆，那就把被子铺盖什么的都先拿出来。” 明早反正女家舅舅舅母会来铺床的，另外摆件古董能摆的也都摆出来，珠宝首饰都锁锁好。箱子里有现银的，就让蓝云银行的掌柜来一趟，直接换了银票便是了。关木清听了，便问：“这个不需要征求春丫意见吗？”“这个不用。”余夫人摆手：“女方送来的嫁妆本就是带来生活用的，规矩大点的人家，从女儿进婆家门那刻开始，到往后的几十年所需要的起居用品都是要备齐的。我瞧着咱们郡主。” 可能把以后孩子们的东西可能都已经备齐了。甘德夫人刚才还特地关照了我，若府里还缺什么，直接从嫁妆里那里拿了用便是了。关知府放心吧，这个不算失礼。徐欣也说，姐夫不用想那么多，我姐不会计较这些的。看着这人都没地儿站的前院，关木青只能点头。今天不把这些嫁妆安置好，明天的婚宴恐怕都没地方摆了。于是关静便喊了下人，把一百十八台嫁妆都一一查看了一遍，箱子封条上都做了记号的。 凡是衣物都不打开，直接送去洞房。贵重首饰和布料都先送去库房锁好，其余的子孙桶、被子、铺盖啥的也都全送进了新房。另外的古董摆件，一箱箱也都开了出来，里头不乏珊瑚树、青铜鼎。最夸张的，居然还有个字明钟。吴夫人忍不住问徐欣，这字明钟看着多少有些眼熟啊？”“哦，这个是皇后赐给家母的。”徐欣回答。吴夫人可能在宫宴的时候见到过。吴夫人这才想起。 的确在皇后那儿见到过这玩意儿，当时皇后多喜欢啊！没想这会儿居然赐给了甘德夫人。这甘德夫人果然是皇后心中排第一的命妇啊。那这青铜鼎，关木青的铜窗，一圈圈的绕着这玩意儿看，眼神根本就挪不开啊。青铜鼎一般只有皇家才能拥有，有爵人家用了都算是违制的。哦，这个是皇上赐给家父的。徐欣答道。老实说，这个在他们家还有两个，可是用徐达的话说。 这玩意儿真是除了显摆就没啥用处。他还恶意揣测皇帝，说是皇帝肯定也觉得这东西卖又不能卖，用也没啥用，所以才赏了他的。哪天要是家里头遭了灾，拿出去典当都没人敢收。皇帝赏赐的东西虽然说不能拿出去卖，但是也没说不能给女儿做陪嫁，不是？所以他索性给女儿当了嫁妆，反正春丫有郡主的头衔在，用这玩意儿还真不算违制。徐达还让春丫好好保存这玩意儿，如果后世被人挖到了。 说不定还能有点考古价值。随着春丫的嫁妆箱子一箱箱的被打开来，官府的摆设也越来越豪气。开到最后六十箱，古董摆件倒是没了，但是这六十箱居然都是白花花的雪花银。原来现场办理业务的蓝云银行的大掌柜都看得有些惊讶，这可真是厉害啊！现银不是什么庄子铺子折算的，而是现银三十万两。关木清的同窗好友凑近他身边，忍不住小声问：“敢问弟妹家是否还有未婚女儿？” 我家倒是还有一个嫡出的兄弟，知道春丫有钱，但不知道春丫居然如此有钱的关木清，压根没听同窗说啥。他缓缓转过头问他姐姐：“我是不是多少有些高攀了？”嗨嗨嗨嗨！关静当着大伙的面也不好直接回答似的，他只能拍拍弟弟的肩膀，劝慰道：“春丫既然那么能干，你也不能落后哈。”关木清看着蓝云银行的大掌柜塞在他手里的三十万两银票，郑重的点了点头：“行吧，我尽量。”倒也不是关木清要泄气，实在是春丫这赚钱的速度。 不是一般人能挑战的，他也只能暗下决心，好好做官，争取十年内干上巡抚，不拖春丫的后腿。而那头送完嫁妆的老徐家，明显觉得一下子轻松不少。张大夫还心情大好的张罗了几桌晚饭，让大伙吃了晚饭早点休息，明天早点来。春丫揪着来蹭饭的道玄问：“徒儿成亲，师傅不送个成亲礼啥的吗？我一个和尚能送什么成亲礼？难道送本地藏经给你们？”道玄觉得春丫的问题真是奇奇怪怪。 一旁的张大夫听了一耳朵，简直要笑出来。他让春丫别跟大师傅掰扯这些了，一会儿气伤了自己不值得。明日就要成亲了，张大夫让女儿赶紧回房休息，明天还有一场硬仗要打呢。回到房间的春丫焚香沐浴，泡了又泡，想着明天这会儿也许救了，多少还是有点紧张的。哎呀，他理论知识是有一大堆，实操经验却没有，怎么办？张大夫怎么还没送生理卫生小册子来？要说人经不起惦记呢。 春丫正胡思乱想着擦身呢，就听门外丁香喊：“郡主夫人来了。”春丫赶紧穿好中衣，让张大夫进了房间。此时她的头发还是湿漉漉的，丁香在一旁帮她熏发。张大夫就最后跟女儿交代一遍明日的流程。等到春丫头发全干了，张大夫便让丁香去煮壶茶来喝。待丁香出了门，张大夫才拿出了他的生理卫生小册子，递给了女儿：“诺，拿好，自己晚上看看，注意事项上头都有。”哦。 哪怕是母女俩开玩笑的时候说一句两句混账话，春丫自己没觉得有啥尴尬，可是真的面对面坐下来，一本正经的聊这个事儿，她就开始脚趾能抠出三房两厅来了。张大夫当然也是这么觉得的，他想了又想，才说：年轻人也得悠着点来，知道吧？哦、呃，徐敏送了我好些补肾小丸子，春丫不知道为啥突然想到了这茬，年纪轻轻补什么肾？别吃，吃了到时候悠不住啊！行了，你反正自己明白就行了，我走了。 说完，张大夫逃也似的跑了。春丫挠了挠红扑扑的脸蛋，翻开了科普小本子，图文并茂，不但生动，还非常的科学严谨。她很想问问张大夫哪儿找来的画匠，她有个朋友想认识认识。不过春丫现在也不想研究太多，明天她准备跟关关一起研究。于是她把册子放在了枕头下，然后躺下没多久便睡着了。不知道是因为看了小册子，还是把小册子放在了枕头下的缘故，春丫做了一晚上的梦。 梦里的他坐上了车，而车更是那最快的高铁列车。正当高铁车门即将关闭的时候，他再次被丁香叫醒了。春丫再次迷迷瞪瞪地坐了起来，问丁香：“关关呢？”啊！丁香吓得心跳都漏了一拍。昨晚关公子来了。哦，不是，我梦到他了。春丫挠头解释。丁香这才呼出一口气：“郡主，赶紧起来吧，梳头妈妈已经在外头候着了。”虽然春丫眼皮都还是肿的。 但是他还是点点头，让丁香给拿了衣服来，自己乖乖穿上了衣服。今天是他大婚的日子，再怎么着也得靠谱些不是？在春丫穿完了一身中衣后和一身大礼服的打底衫之后，丁香就喊了门外等着的两位梳头妈妈和端着水盆的丫头们进了门来。一起进来的还有诸位等在门外的姐妹们。春丫两开间的闺房里头瞬间充斥满了各种道喜声。张大夫原本想请余夫人做全夫人的，可余夫人说盯着一只羊蒿毛。 那是会把羊薅秃的。裴婷倒是很想做春丫的全夫人，可惜她公公没得早，婆婆因为每天练嗓，除了脾气不好，别的都还挺好。她问张大夫，如今马上找个后公公，他算不算就是全夫人？惹得张大夫直说他被春丫传染了疯病。所以最后这全夫人，张大夫还是让自告奋勇，埋怨嫂子没有第一时间想到自己的理事来做的。新娘梳妆前得先开脸，所谓开脸，就是梳妆妈妈用绳子给新娘剧痛去毛。 这个流程其实春丫是知道的，毕竟姐姐们成亲，她也看到过，当时只觉得新奇而已。关键姐姐们也没表现得特别痛苦。可是真正轮到她自己了，梳妆妈妈用绳子左右一夹，春丫即刻嗷嗷叫着跳了起来，这也太疼了！我瞧着脸上的汗毛也看大不出啊，算了吧。姐妹们把春丫给按在椅子上，裴婷说道：“可别瞎说，怎么能不开脸呢？这也不仅仅是让脸蛋滑溜，主要就是意味着你从今开始不再是姑娘。” 而是夫人了，夫人非得拔汗毛吗？春丫捂着脸问道。站在她身后的姐妹们，不管是成亲的还是没成亲的，都疯狂点头。李氏也说：“你想想，这小脸弄得光溜的，对吧？”“对啥？”春丫瞪大眼睛看向二婶，“就是就是就是你相公都会多亲你两下呀。”可这要人怎么说？李氏一时语结，没想裴婷却说了出来：“你脸弄得滑溜，关大人就多跟你亲香亲香啊！”说完，大喝一声。 姐妹们，压住他！妈妈，赶紧动手！春丫被一拥而上的姐妹们给按在椅子上，梳头妈妈手快脚快的就开始给她开脸。外头的佛保佑和张大夫正想进去呢，就听里头嗷嗷叫唤。张大夫立刻说：“咱们别进去了，里头抓猪崽呢，一会儿再撞到你就不好了。走，跟娘去前面，娘给你找个稳妥的地方，你坐着就行。今天别说菜头、宝珠和金宝几个了，连带着大金都疯了，一大早的满院子乱窜。你一会儿就好好坐着，不用管别的。” 被那几个小土地公土地婆绊倒了，可不好了。张大夫边叮嘱着儿媳，边渐渐走远了。他都可以想象女儿嗷嗷乱叫是怎么样一副鬼样子。哎，在女儿出嫁前，还是让她好歹留下个女儿温婉甜美的回忆吧。终于等春丫开完了脸，三月里的天，大伙额头都沁出了汗。特别是离春丫最近的裴婷和徐英，直说自己这耳朵都快聋了。两人抓春丫抓的手都软了，裴婷直骂这臭丫头，别看着瘦，力气怎么就那么大？ 真是可惜，石金今天要待在南方，不然和该让石金来按住春丫才是。可春丫也很委屈啊，她疼得泪眼婆娑，心想着自己早上疼一脸，晚上可得找关关给找不回来。不过被春丫这么一闹腾，她的穿好的衬衣又乱了，姐妹们也就纷纷出了春丫的闺房，让梳头妈妈赶紧帮春丫整理整理。张大夫见之前在春丫闺房的女孩们都出来了，便知道女儿那脸算是搞定了，便把前头交代给了徐达和蔡奶奶，自己匆匆去了女儿房中。 张大夫到得春丫闺房的时候，房间里头只剩下了两位梳头妈妈和丁香李氏四人。梳头妈妈此时已经帮春丫整理好了衬衣，穿上了三层的大礼服。见张大夫来了，李氏便拿起了篦子，象征性的边梳头边说：“一梳梳到头，富贵不用愁；二梳梳到头，无病又无忧；三梳梳到头，多子又多寿。”春丫呀，二婶希望你以后能永远平安顺遂，夫妻和睦。被李氏这么一说，张大夫瞬间红了眼眶。 他们三个是一起从现代穿来的，拥有所有人都无法想象的经历。虽然家里头还有儿子们，张大夫对儿子也很用心，当然也很爱他们。但是春丫却是不一样的，他们是做了两辈子母女的呀。如今这个跟他做了两辈子母女的孩子就要有自己的小家庭了，张大夫很高兴，同时心里多少也有些落寞和不舍。见娘亲红了眼眶，春丫拖着厚重的大礼服站了起来，缓缓走到张大夫跟前，说道：“娘，您别难过。” 官府离咱家近得很，以后我会天天回来蹭饭的。张大夫突然抱住了女儿，小声说道：“娘希望你永远都这么没心没肺。若是哪天青儿嫌弃你了，记得回家，爹娘永远会在这儿等你的。”张大夫两辈子都没这么深情告白过，搞得春丫也一下子有了泪意。她揉巴着眼睛说：“关木青敢嫌弃她，她就放大金咬他。”这情真意切的母女俩，看着丁香和跟着张大夫一起进来的丹燕，都红了眼眶。大嫂，我插一句啊，伯爵府和官府。 两家走路不到半炷香的时间，你们真要是想对方了，一抬腿就到了，真的不用哭啊！你们瞧我，我去女儿家赶车也得一整天功夫，我不也乐呵的很吗？李氏不懂这娘俩到底有啥好哭的，但凡春丫嗓门跟刚才开脸似的，叫的大点声，嫂子说不定都能听得到。就这距离，真的不能叫嫁女儿，倒是应该叫招女婿。被李氏这么一说，张大夫也有点不好意思了。 他放开了春丫，把女儿领到了梳妆台前。你二婶说的对，想家了，你抬腿就能回来了。一会儿上妆了，可不能哭了。妈妈们，劳烦你们梳化吧，吉时也快到了。梳头妈妈应了好，一个找出了佛保佑，早就给春丫准备好的妆匣，开始涂脂抹粉；一个便熟练的开始给春丫挽发髻。应春丫强烈的要求，梳头妈妈没在她脸上刷漆，只给上了薄薄一层鹅蛋粉。 涂了浅浅几下胭脂膏，画了黛眉，点了绛唇，一套妆发下来，李氏直喊春丫是被埋没了的美人坯子啊！春丫嘴闲得很，还回了一句：“主要我也不想让过于美丽的外貌掩盖了有趣的灵魂，所以平日不怎么打扮。”啥意思？李氏没怎么听懂。刚才还跟春丫情真意切的张大夫忍不住瞪了女儿一眼，还贫嘴：“丁香、丹燕，去把点心取来给小姐用了，了一会儿还得拜堂行大礼，别到时候体力不支了。” 这头新娘家基本已经准备差不多了，那头新郎家里头更是早就准备妥当了。不过不像春丫似的，做梦都在开高铁。关木清是一整晚都没睡，他整晚都在回忆跟春丫在一起的这些日子。第一次在安远寺门外见到春丫的时候，关木清根本想不到那个瘦瘦小小的姑娘以后会成为他的妻子。不过好像就是从那个时候起，他们的命运似乎就被绑定在了一起。从配封抗敌，到伊安县剿匪，再到京城干翻了霍首府。 然后是北境、宁海。现在回想起来，他们一起经历的事儿，走过的路，可能已经比寻常夫妻一生经历的都要多了。冥冥之中，也许早就注定了，他跟春丫是要一直在一起的。关木清就这么胡思乱想了一晚上，早上天才蒙蒙亮，他就已经穿好了关静准备好的大礼服，反手就敲开了高同的门。高同无奈问他：“大人，您这么早，是准备去伯爵府吃早点吗？要不然你陪我打套拳吧，我好像有点激动，得冷静冷静。” 关木清觉得自己好像得了疯病，只有春压才能治得好他。所以当关静一大清早从王家赶来的时候，就见厨房里头和下人们倒是挺正常的，都已经忙活开了。可自家弟弟却跟高童正在狭小的空地上练拳。自然，于夫人来的时候就听到了关静大清早就对新郎官骂,骂骂咧咧，可真是热闹非凡啊！待到吉时一到，于夫人便让门外小厮放了鞭炮，领着新郎带着迎亲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大干的规矩。 跟着新郎去迎亲的男子必须是未婚的，可关木清二十好几，早就过了婚配的年纪。他的同窗好友，包括上官夏风，除了高彤之外，都已经成亲了。徐欣倒是挺跃跃欲试的，要不是还要帮姐姐换鞋，她就要跑来帮关木清迎亲了。所以最后想来想去，徐达最终还是把寻州和西风借给了关木清。原本觉得不妥的寻州，一听说单姑娘也被官家借了去，立刻就觉得妥了。 虽然关木清娶亲只带了三个一起迎亲的小老伙，但是迎亲的队伍气势却是十足的，因为除了超大规模的七里咔嚓迎亲队之外，后头还跟了一大队的马车和轿子。按照商量好的流程，这回关木清娶亲，除了得接春丫去官府，还得把徐家全家都给接过去，所以马车和轿子都是为了老徐家准备的。 吃瓜群众当然没见到过这种阵仗。昨日一百一十八台嫁妆震惊了全府城，所以今天吃瓜群众也早早聚集在了伯爵府的巷子外头，就想来凑个娶亲的热闹。这一瞧又瞧出了新花样，所以兴奋的吃瓜群众们喊来了更多的吃瓜群众，于是从官家到伯爵府这一路上都围满了看热闹的人群。关木清带着迎亲的队伍，很快就到了伯爵府的巷子口。 此时守在巷子口的张家旺一瞧浩浩荡荡的队伍来了，便点了鞭炮，转身就往伯爵府跑，边跑还边喊：“来了，迎亲的队伍来了！”守在门口的徐欣看着张牙舞爪跑来的张家旺，立刻也喊道：“放鞭炮，迎亲的队伍来了！”小厮们一听放鞭炮，那叫一个兴奋啊，也不管张家旺进没进门，埋头就是一阵点，崩得张家旺一身的红纸，骂骂咧咧穿越了火线，躲进了院子里。 在正院的课堂间里，等候多时的徐家上下和康家、张家的亲戚们，一听新郎来了，年轻的男子呼啦啦全涌到了门口，说：“今天不让关木清讨饶认输，就休想从这个门里把春丫给带走。”急得蔡奶奶大喊：“你们这帮臭小子，给我悠着点来！春丫这也是好不容易嫁出。”她看了一眼旁边的大儿媳，继续说：“好不容易那个什么嫁到个称心的，可别拦得太过分。”文外婆笑呵呵地说：“哎呀，老姐姐放心。” 咱家这些个花拳绣腿、读书都是挂车尾的孩子，怎么难得住青儿这个船奴吗？也是哈。蔡奶奶说着话，瞅了一眼坐在旁边吃糕点的道玄大师傅，您可不能。话还没说完，就见大师傅站了起来，他一脸坏笑地对蔡氏说：“别紧张，我就是去瞧个热闹。”说完，抬腿就往前头走了。此时迎亲的队伍敲锣打鼓，已经到了伯爵府门口。伯爵府大门虚掩，门口站满了以徐雷为首的男子们。 而门外站的是笑容可掬、态度谦卑、手上捏着一大溜荷包的关木青和三个单身汉。徐磊先开口道：“一山兄弟，你想迎娶我们家妹子，可不是那么简单的，得先过了咱们这关才行。”“对，大哥，把你昨日整理好的对子拿出来。”徐森大声说道。关木青说了一声“请”，徐磊编开始一一出题。不过徐磊的对子都是书上找的，自己压根想不出什么来。关木青连想都不用想，就直接把徐磊出的几个对子全对了出来。 惹得众男丁都让徐磊不行，就赶紧的让开。他们要跟关木青比试比试腿脚，关木青却说万万使不得。他包括高同、寻州和西风手上都是有功夫的人，诸位姐夫们可千万别拿自己的生命来堵门啊！然后把手上的荷包全发了下去。众人倒也不是因为这荷包拿着沉甸甸的，主要还是不想耽误起轿的及时，所以连假装呃不是连堵门都不堵了，直接就想开了大门，想把新郎迎进门来。不料人群后头却有人喊道。 都起开，我来！诸人往后瞧，坏菜了！大师傅来了！站在大院里，时刻关注着大门口动向的徐达，一拍大腿就想上前阻止大师傅拦门，却被张大夫喊住了：“爵爷！”他咬牙道：“哪里有自家父亲给女儿拦门的？回来！我不是去拦门，我是去开门。”徐达解释。蔡氏怒道：“那也没有迎亲当日老丈人给开门的道理！你给我回来！”徐达只能退回了客堂间。 然后蔡氏踢了一脚旁边的二儿子，去看着点大师傅，关键时刻拉也要把他拉住，可不能太闹腾。我哪儿拉得住大师？哎，错了，娘我错了，别打别打，去我去。见徐发站起身，徐老汉踹了一脚身边的老三，去呀，还坐着干嘛？到时候你们俩就一人拉大师傅一条腿，春伢今日嫁不嫁的出去就看你们的了。两兄弟没办法，只能疯狂的挠着头往大门口走去，惹得康姑父在一旁一直念叨：成何体统？成何体统啊！ 管你什么提桶木桶，今日春丫成亲不耽误时间，就是好桶。蔡氏就觉得这老爷们儿烦人的很。康姑父还带回嘴，却看自家媳妇投来了一记深邃的眼神，便嘟囔了句：“不跟您老计较这些。”当徐发和徐志两人走到大门口的时候，就见大师傅已经站在了最前头。他问关木清：“怎么样？有没有胆量跟我来对两个对子？我瞧你家那大舅哥定是给你放水了。但是我就寻思着吧，我那春丫好徒，干啥啥不行。” 嫁个相公，好歹得聪明些吧。虽说你得了个传胪，但是在我这儿却也只是将将合格。关木青笑道：“晚辈不敢请教，实在没这个胆子。”那你如何娶亲？还是乖乖嫁去吧。不可呀！徐雷急忙阻止。康表哥更是急得都破音了。不行啊，春丫得嫁人啊！嫁了人生了娃，她不就能被少惦记着些了吗？谁敢让春丫嫁不掉，他就跟谁拼了。徐发和徐志也拉了道玄就想走。 可这人看着小老头一个，但是力气却极大，两个拉一个，大师傅根本就是纹丝不动。不过关木青突然说道：“晚辈今日特地请了一人来帮忙，不知这人能不能过得了大师傅这一关？”说完，关木青转头看了眼寻州，寻州点了点头，就往后头走。道玄还想放狠话呢，就算是那位来了，要想叫他让道，也得看他的心情。不过没一会儿，看着远远走来的那个人，道玄还是忍不住跟关木青说：“好小子，算你狠。” 那人捧着个食盒，走到大师傅跟前，行了一礼，然后说道：“奴婢见过大师傅，这里头是咱们和气糕点铺和摘星阁最新的点心，你要不要尝尝？外头都还没有卖的呢。”门口的人捂着嘴直乐。大师傅抬手接过丹姑娘递过来食盒，说了声“谢谢姑娘”，然后看了眼关木青，咬牙说道：“臭小子，心机太重了。”说完，端着食盒就走了。关木青还鞠躬行礼，多谢大师傅夸奖。 他才说完，就被门口的男人们拉进了院子，直说快着点吧，别耽误了时辰。张大夫见人进来了，先让小丫头们去后头通报一声，让春丫准备准备，自己则跟徐达、蔡氏他们一起迎了出去，把关木清他们请到了饭厅里头吃茶点。而余夫人则跟着佛保佑和李氏他们往后院请新娘去了。这新娘照理应该三请三催才能出了房门，可余夫人万万没想到，伯爵府的新娘是个直爽的性子，一请就请出来了。 李氏、事周氏那都来不及拉呀。春丫其实根本不知道三请三催是他们这儿的规矩。以前姐姐们成亲请啊催啊的，虽然的确也要好久，但是她一直以为这个是姐姐们多愁善感，舍不得爹娘而已。她压根不知道这个就是规矩。而佛保佑他们，自然认为春丫肯定是知道这规矩的。毕竟徐英他们成亲也都是催请了好几次的，这丫头不都在场吗？算了，无所谓了。于夫人只想赶紧把这婚事给办完拉倒。 所以看除了新娘之外的人，多少都带着一丝尴尬。于夫人便说：“咱们郡主啊，就是个爽快人。既然都出来了，那咱们就赶紧的往前头去吧。”新娘的哥哥呢？去去去，赶紧的去吧！徐磊、徐欣叫来。李氏赶忙指派了小丫头去前头喊人。前头徐欣他们才陪着坐下，就听后面姐姐要出来了。兄弟两人赶紧跑到后院，新郎官也站起身来，准备迎接新娘。蔡氏小声问张大夫：“怎么了？这是怎么都没催请吗？” 张大夫心中无数个问号，啥意思？这个是要催请的吗？他不知道啊。虽然做过媒人，但是、呃、他这个媒人当初也是差点被当场罢免了，所以这个催请的事儿，在张大夫记忆中就已经很模糊了。他只让春丫安静着点，儿，别的的确没跟春丫交代。可婆母都问了，张大夫只能敷衍道：“不知道啊，娘走吧，一会儿得送春丫出门子呢。”说完就带头走了出去。蔡氏反正心思也不在计较这些小事身上，便也不再多问。 跟着张大夫往院里走去，没一会儿就见徐磊背着穿了大礼服、盖着红盖头的春丫从连廊处走了过来，徐鑫跟在后头，手上捧着一双崭新的绣花鞋。站在院前的关木清看着自家媳妇，心中澎湃不已。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可以娶了这小猴子做自己的媳妇了。关大人，于夫人第三遍叫发呆关木清，新娘要上轿了，您赶紧的骑马带路啊！关木清这才回过神。 暂时拜别了徐家诸位长辈，转身带着送亲的人往门外走去。到得门外，徐磊把妹子送进了花轿，而徐欣为姐姐换上了新鞋。花轿的轿帘缓缓落了下来。于夫人看着旁边眼眶微红的夫妻俩，不得不又一次提醒：新娘马上就要起轿了，娘亲还有什么要嘱咐的没？之前他就跟张大夫说好了，这儿的规矩得哭嫁，连台词都是县城准备好的，早就交给张大夫了。不过张大夫却不想这么做，他只挥了挥手说。 没什么要嘱咐的了，青儿以后跟春丫好好过日子，春丫以后也要好好经营自己的家庭。关木青调转马头，跟张大夫点头示意，说一定会好好爱护春丫。而轿子里的春丫也答说一定会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徐达忍着泪说句去吧，孩子们终要自己长大，好好过你们的日子去吧。这话一说，倒是惹得蔡氏和佛保佑他们直抹眼泪。要不是因为怕佛保佑有了身孕，身子撑不住。 徐磊这会儿也许就已经哭倒在佛保佑怀里了，行吧，爱咋咋地吧，爱哭不哭不哭拉倒。心累的余夫人反正也佛了，她喊了一声起轿，春丫的花轿便被抬了起来，前头的七里咔嚓咪里马喇队也开始敲锣打鼓往官府去了。爵爷、夫人，咱们也该走了。留下来带队的高童对目送着花轿远去的徐达夫妇说道。 泪眼婆娑的徐达点点头，吩咐了看家的小厮几句，便开安排亲戚上车上轿，也准备往官府去了。围观群众沸腾了，我的个娘诶、哎、这伯爵府绝了呀！女儿出嫁，陪嫁老丈人，厉害呀！不对，不仅仅是陪嫁老丈人和丈母娘，连带着表亲、堂亲等等亲眷也都上了马车。天呐，这是都要去男方家里的节奏吗？这种操作真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吃瓜群众都说自己这是活够了岁数，开了眼了。人潮沸腾，议论声连带着菜市都听得到。他朝人群啐了一声，少见多怪，然后才被扶上了轿子。虽然这操作他此生也是第一次亲自体验，但是这么干就不用为了孙女出嫁而感到不舍。这种体验多来几次，其实老太太也是不介意的。徐达也请了道玄上马车，道玄却说：“就一蹬腿的事儿，搞得这么复杂，我不坐马车，我走着去。” 还没等徐达说话呢，这人就一溜烟跑了个无影无踪。徐达无奈摇头，喊了大儿子，让他再看看有没有落下的人。在确认徐家的亲戚们都上了马车，进了轿之后，高同便喊了一声出发。车队浩浩荡,荡荡就往官府去了。不过才走了没几步，就听外头大金骂骂咧咧的声音传来。徐达赶忙让马车停下，喊了声大金快来。大金这才跳上了马车，然后非常生气的冲徐达叫了两声：“张大夫骂他，你还有脾气了？刚才喊你也不来。” 又跑哪儿也去了？给你带的大红花呢？又丢了，两天都丢了八回了。哎呀，行了行了，这不还是赶上了吗？走吧，老伙计，咱们吃春鸭的喜酒去喽。徐达说完，还把头探出马车外，喊正在伯爵府墙上蹲着的大橘子，想让他也一起去。不过大橘子压根不搭理他，听徐达喊了一声，便站起来，跳回院子里，溜溜达达的走了。徐达嘟囔句不去就不去，然后冲前头赶车的高童喊了声。 走吧，才把脑瓜子缩回了车厢里。马车嘟嘟嘟的行驶了起来，大金趴在马车地板上，呜呜嗷嗷的，不知道在说些啥。张大夫还没批评他几句呢，马车便停了下来。前头高童说是：“是已经到了。”刚才还多少有些伤感的夫妻俩，这会儿却觉得自己的确是矫情了。徐达突然觉得，道玄之前说的“只是一蹬腿”这个形容，也不算太夸张。毕竟这走了都不到一盏茶的时间就到了，对于大师傅来说，的确应该是一个弹跳的距离吧。 此时，官府的饭厅、前院和东厢房里头都已经摆满了八仙桌，前院的东边小花园里还搭了个小戏台，来宾也基本已经到齐了。大伙儿看到徐达来了，赶忙上前贺喜。徐达只匆忙的回应了几句，然后说等一会儿孩子们拜完了堂，再跟他们聊。很快，徐家的长辈们都被请进了正堂观礼。蔡奶奶和文外婆看热闹也很是积极，被安排在了课堂间西侧座椅上的俩老太太交头接耳地说，人还是得活久一点。 你瞧，年纪大了，连孙女、外孙女拜堂这种事儿都能凑上热闹。因为官家已经无父无母，所以春丫和关木卿两人拜堂，拜的是放在课堂间正北的八仙桌上放着的官家父母的牌位。随着宾相一声声地喊着“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关静的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流。他曾经答应过爹娘，一定会带好青儿，给他娶妻生子，让他下半生平安无忧的。没想到青儿自己做到了。 反倒是他一直接受着青儿的照顾，但是从今往后，青儿就有春丫了，她可以不用孤孤单单一个人了，她也有自己家和深爱的人了。关木清的心绪更是复杂，人生的大悲大喜皆在这课堂间里。可是去的终究已经是去，他能做的就是护好家人，好好生活，以此告慰父母在天之灵。春丫似乎感受到了关木清的情绪，夫妻对拜的时候，她小声跟关木清说：“别难过，以后姐会罩着你的。” 心情复杂的关木卿心头突然一松，他倒也不是真的想让春丫罩着他，而是想到了眼前这个爱说大话的姑娘，以后就是自己的妻子了。他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信心，只要有春丫在，一切的不可能都会变成可能。他曾经痛苦迷茫、充满波折的人生，也因为春丫渐渐变得甜蜜了起来。直到两人离成，泪眼婆娑的关静才在张大夫的劝慰下冷静了下来。他转过身，偷偷拭了下眼泪，回转头来。 脸上已挂上了笑容，关静深吸一口气，拉着张兰一起开始招待客人入席，而新娘新郎则被媒人送进了洞房。此时凑热闹的人都堵在了洞房门口，等着关木清把新娘的红盖头掀起来。于夫人拿来一杆秤，交给了关木清，说让他调三下。关木清捏着秤杆，手掌心里头都是汗，他深深吸了一口气，才拿着秤杆挑了红盖头，左一条富贵吉祥，右一条称心如意。 中间一跳，挑出个金玉满堂哟！虞夫人的吉祥话才一说完，关木清便完全挑开了春丫的红盖头。红盖头下的新娘，唇红齿白，美目盼兮，脸色微红，表情娇羞。关木清这个老单身汉看着小娇妻，突然就心跳加速，脸红不止。他从来不知道他的这个小猴子居然还有如此娇媚的一面，很美，他心动不已。哟，咱们新人可真是。 娇滴滴、白嫩嫩、水灵灵，关大人，您是称心不称心啊？余夫人对于最后一次主持婚礼还是很尽责的，称心称心，再是称心没有了。站在门口看热闹的张家旺和徐欣鸡哇乱叫。张家旺如今哪怕已经做了县令了，只要跟徐欣碰到了一起，那分分钟就成了张三岁，惹得徐英、徐敏直轰他们，让他们赶紧的滚，别在这儿耽误人成亲。此刻围堵在门外的小孩们，卢家的两只。 王家的两只，徐家的两只，外加一只大金，那叫一个兴奋啊！满屋子的乱窜，孩子们还拍着手大喊：“新娘子好美啊。我要娶新娘子做新娘子！”新代的井号子艾特井号人民币井号井号人民币百分号井号漂酿。小姑新娘，等你成完亲，能不能把这好看的衣服送给我呀？另外，在门口看热闹的人也起哄不已。关木清回答一句称心，众人就起哄一次，越是起哄，于夫人越是要问，关木清自然要继续回答。 就光光掀个红盖头，那热闹劲儿几乎都要把房顶给掀翻了。直到有丫头来说前头马上要开席了，于夫人这才端上一碗加生的花生莲子羹给春丫。春丫好歹也是看过古装剧的人，自然知道后头的戏码。所以当于夫人问春丫这莲子生不生的时候，春丫非常配合的说道：“生啊！”众人又起哄，让春丫多喊几句生才罢休。待得吃完莲子羹，喝了何锦酒。 众人才被余夫人赶了出去，说是让大伙吃好了酒再来闹洞房，新郎也别坐着了，赶紧的往前头待客去吧。等众人都走了，屋里头只剩下了主仆二人，春丫这才让丁香赶紧把她头上的恨不能有八斤重的金冠子给取了下来。哎呦呦呦呦，我的脖子快断了！丁香啊，你瞧瞧哪箱是我的衣物，你先帮我把衣服换了吧，我都快被这衣服给压趴下了。春丫说的到底是夸张了些，不过呢，这三层重工的大礼服的确不轻。 现在成亲流程基本都走完了，换下这喜服，换上身轻便一点的红色锦缎被子，其实也没关系。所以丁香听了吩咐，赶忙翻箱倒柜的帮春丫找出了准备好的衣裳。春丫则像螃蟹脱壳一般，直接把自己从喜服里头给脱了出来。正当主仆二人忙叨着换衣服呢，就听外头石金的声音传来：“春丫小夫人，洗面来了。”春丫道了一声：“进来吧。”石金便推门走了进来，后头还跟着几个端着托盘的丫头。丫头们鱼贯而入。 把托盘上的菜肴一一放到了卧室外间的小圆桌上，很快圆桌就被放得满满当当。春丫走到圆桌前，笑嘻嘻地跟石金说：“石金，一起吃呗。”“不用了，单姑娘给我单留了呢。”“对了，梅姨娘今早特地让宁海送来了新鲜的蚝，单姑娘问夫人想怎么吃。”石金其实已经尝过味道了，这会儿的蚝正是肥美的时候，煎着吃、烤着吃、蒸着吃都好吃得很。嗯，直接洗干净了就送来吧，让单姑娘给点她熬的酱油。 抹点芥末子放酱油里就行了。蒸的、煮的，冷了就不好吃了。春丫想着，一会儿可不得给自家相公来点儿，到时候干脆现开现吃得了。吃生的吗？石金突然想到，丹姑娘一直说原汁原味最能保留营养，那这生蚝，青少爷吃生的，岂不是一会儿力大无穷？不行不行，可不能这么胡思乱想。石金赶忙摇了摇头。春丫却说：“是啊，就是吃生的。”石金也不多纠结，说了声：“夫人先吃着。” 我马上把蚝送过来，便退了出去。待石金走了，春丫也不客气，直接坐了下来，准备吃饭。可把丁香给吓一跳。郡主，啥？你别站着了，一起吃呗，反正就咱们两个人，不要紧的。春丫说着话，还递了一套干净的餐盘给丁香。吓得丁香赶忙摆手，不行的，郡主，这个是老爷用的，您这就吃上了。一会儿老爷来了，可怎么办？什么怎么办？来了就一起吃呗。 不过他在前头不也吃东西吗？春丫虽是第一次成亲，但却不是第一次喝喜酒啊。虽然没跟新郎坐过一桌，但是她知道新郎也得落座吃菜喝酒的呀。不是，新娘子一般为了保持妆容仪态，都不能吃太多。丁香说的还是比较含蓄的。扬州这儿民风开放还好些，像京城很多达官贵人家里，新娘成亲当天，为了避免穿着喜服要方便，所以都是靠身片红枣吊着的。虽然席面会拿进房，但是新娘是不会碰的。 没事，我什么乱七八糟的形象，一山没见过，他不会介意的。他早上出门子的时候就吃了点银耳羹，虽然今天走动的少，但是他负重啊，这会儿肚子里头早就空了。话一说完，春丫就端起了碗，拿起了筷，毫不客气的开始真情实感的干起了饭。丁香见阻拦无果，也不管这么多了，干脆拿了筷子开始给春丫拆鱼挑刺、布菜盛饭。此时外头的宴席也已经开始了，关木清略吃了两口菜。 便有老丈人和大舅哥陪着，开始一桌桌敬酒。周一彪这回又是跟大师傅一桌，这人酒量深如海，平日以灌醉别人为乐。看到关木卿来敬酒，就要开启劝酒模式。不过因为大师傅今日心情好，所以看到周一彪为难关木卿直接把杯子一端，就说要敬周将军。坐在同桌的冯喜，自从苏九去了琉球岛，就又开启了养生模式，出门喝酒都是自带枸杞酒的。他见到玄举了酒杯要敬周将军，自己也端起了他的枸杞酒。 说要一起敬周将军关木清嘛，他知道的。这回成亲，太子和皇上都是送了礼来的，以后这人的前途嘛，闭眼都能知道，肯定是不可限量了。如今有机会，冯喜想着卖他的情面也好。周将军一时被两人给缠住了。徐达见状，赶紧带着关木清往下一桌走。因为有徐达在，关木清的同窗好友之类的都规规矩矩的，不敢太闹。谁让人家这丈人是他们扬州最高级别的存在呢？当然，像司徒知府于京城。 卢郎中这些老朋友，多少还是会多敬几杯的。关木清自然也得喝，但是大部分的酒都让徐达和徐磊给挡了下来。徐家很多的老亲戚这回都没来，关家也没啥亲戚，所以其实这回的席面也不算多，总共就二十多桌的人。不管怎么闹酒，半个多时辰，关木清便也结束了战斗。不过他们这酒席略微有点特殊，因为徐关两家离得实在是太近了，所以原本该晚上的正宴，中午就开席了。好在府城里头办午宴的人家。 也不是没有，反正他们这儿规矩也不算很大，所以不管午宴晚宴都是可以的，没啥特别大的说法。但是如果是办午宴，一般人家都会把客人留下，连着吃两顿。于是乎，在接连吃了两顿酒之后，该醉的不该醉的就都醉了。徐达吃到最后，已经跟司徒知府两人面对面啃猪蹄了。卢郎中则拿着个王八盖盖嗦个不停，而徐磊则抱着张家旺直喊：“妹子，大哥舍不得你嫁人啊，妹子你就跟大哥回家吧。” 周一彪和道玄这回倒是挺讲文明的，他们让冯喜做了裁判，然后就比掰手腕，赢个了的人还能得到个彩头。徐老汉则带着俩儿子跟张家外公和舅舅猜拳猜得面红耳赤。不过这两队人马猜拳赢了也没彩头，可输了他们也不罚喝酒，输赢就只是谈脑蹦儿。徐张两家反正各有输赢，一个个脑瓜子上都弹出了包了。孩子们则跟着大金在人群里头钻来钻去。 嘎,嘎嘎嘎嘎嘎，笑得像一群大鹅。丫鬟妈妈们像赶鹅似的，撵都撵不上这群小的。东乡女兵那里倒是没人喝醉，年轻的姑娘媳妇们聚众打马吊。张大夫输了个底朝天，裴婷倒是赢了好几十两。他说这回子倒是把礼钱都给赚回来一些了。吃这两顿酒，好歹也不算太亏。年长点的夫人和老太太们则在前院小花园里烤着火，吃着茶，听着小媳妇们不能听的戏。保守的司徒夫人听得直喊我的娘嘞！」这戏到底是哪个天才写的？ 这玩意儿能公开演吗？整个官府就像一口煮开水的大锅，咕嘟咕嘟，热闹的直冒泡。而新娘子春丫眼见着太阳下了山，屋里点了蜡烛，耳听着外头的吵嚷声是一波高过一波，自己却凑不上这热闹，她简直要懊恼死了。春丫倒也去前院跟大伙儿一起玩闹得了，可是丁香死拽着他，让他今日千万得忍住，不然奴婢就真的活不了了。唉，无奈的春丫只能吃了躺，躺了睡。 睡了醒，简直就是百无聊赖。当然，这期间娘啊、奶呀、啊、外婆呀、啊、姐妹呀、啊，都来偷偷瞧过他。但是，一听外头有新一波的高潮，就都一个个赶紧凑热闹去了，搞得他是百爪挠心，恨不得求带走。关木清倒也来过，可两句话都没说完，就又被人拉走了。总而言之，春丫觉得参加自己的婚礼多少是有点无趣的。一直等到了月上中天，外院才渐渐安静了下来。丁香出去打探了下。 回来便说，宾客都走了，人都醉得不成样子了，连闹洞房的人都凑不上，所以余夫人说这回不闹洞房了，让新郎新娘早带那人休息呢，也马上来。郡主您赶紧准备准备吧。春丫虽然不知道准备啥，但是也从床上爬了起来，规规矩矩地坐在床沿边，等着自家相公回房，然后一起睡觉。没一会儿，关木清就在高童的搀扶下到了房门口。丁香听得声响，赶忙开了门。门一开，关木清瞬间就不需要扶了。 他面色潮红的跨进了房间，反手就把门给关上了。高彤的鼻子差点被关木青给夹到，跑来开门，却把自己给开到门外的丁香有点懵。他问高彤，高护卫，我这还要进去吗？”单身老狗高彤立刻摇头，没听到喊，万万不要进去。不对，呃，石金，石金姐姐，他都不好意思跟丁香交代的太清楚。好在夫人还留了石金在这里，这种事儿还是让石金跟丁香说吧。 此时，房内已经官方认证过的小夫妻俩正坐在床沿边，四目相对，火花四射。丫丫，我可以抱抱你吗？关木清说话带着三分酒气，春丫很大方的点头道：“可以呀，当然可以。”于是关木清一把拉过了春丫，把她整个人圈在了自己的怀里。丫丫，谢谢你给我的一切，关关也谢谢你包容我那么多的缺点。缺点？关木清轻笑道：“胡说八道，你怎么可能有缺点？” 我如果没有缺点，那大概起码一半以上的女性都是仙女。嗯、你又来，咬了春丫一口的关木青，此时看着自家小媳妇的嘴一开一合，根本听不进去她在说什么，她就想弯她。春丫还在吐槽关木青这嘴里头的酒气浓的让她上了头，可猝不及防的却迎来了更炽烈的气息。某些人纸上谈兵的经验倒是很丰富，可是到真情实感起来，却是废物一个，脑瓜子里头都空了。 直到觉得背上有了凉意，才发现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和队友坦诚相见了。不对，准确的说，是隔了一层的坦诚相见。啊！你居然装醉，然后扒拉我！春丫看着眼前眼睛冒着绿光的关木青，抱住了弱小的自己。关木青哑着嗓子说：“你也可以扒拉我呀。”他嘴上说着话，手上也没有停。关木青左手扯了春丫的手过来，轻轻一问，然后右手往春丫背后一放，两人。 做到了真正的坦诚相见。春丫一声啊，臭流氓，还在喉咙中没有发出声来，却又被堵上了嘴。这一堵，春丫直接瘫软在了某人的臂弯里，成了一滩泥。直到发现自己上下都坦诚了，春丫才涨红了脸，大口喘着气问：“你老实告诉我，以前有没有过？有过？”关木清嗓音愈发低沉，在梦里这些日子几乎每天都有。废裤子啊！既然关木清这么说了，春丫便道。 我娘之前给我了一本科普小册子，咱们要不要学习学习？不用，我可以现场教学。关木清说着话就往春丫身边贴，春丫只觉热气上涌，突然很是紧张。本以为自己理论知识丰富，应付这小子应该绰绰有余，没想自己这耳根子居然这么没用，简直就是女爬耳朵。关木清见春丫没有回答，便愈发的往她身边靠。春丫想逃，可关木清却在此时从背后抱住了她。男人低沉的嗓音问出了致命的问题。 可以吗？那热气吹在耳后，让春丫着了魔，忘了逃。试试，他说。不久之后，站在门外的丁香突然听到一声惨叫，条件反射就想推门进去。好在石金眼疾手快，把人给拦住了。嘘，别问，别听，去烧水。干完活得洗澡。已经成为人妇的石金想到自己洞房那天晚上，条件反射的甩了一记巴掌，把自家相公打的脸都肿了，多少还是有点不好意思的。 好在外头天黑，没人看得到他脸红。丁香赶忙点头，快步往厨房去要水了。房间里头空气稀薄，温度上升，屋子里飘散着暧昧的味道。精疲力竭的春丫满头大汗地躺在床上，大口大口喘着粗气。而关木青则完全醒了酒，侧身躺在春丫旁边，给她拨弄着被汗水打湿了的细碎头发。不是人！春丫瞪了关木青一眼。关木青满脸都是笑意：“嗯，你说的都对。” 其实他现在只有眼前这个人，脑浆子早成了糊糊，耳朵是听到人说话了，可脑神经却早就短路，做不出任何反应了。春丫被关木青看得都不好意思了，卷了被子翻了个身，用背对着关木青。脑子短路的人直接又把人给从被子里抖了出来，然后一把抱住了他，说自己做他的被子。结果没想到这被子裹着裹着就自发热了，才喘匀气的春丫立刻告饶，说自己多少有点体力不支。 关木清想到今天春丫可能一天都没吃东西，冷静了下来，把春丫扶了起来，给她披上了自己的衣服，说让她起来吃点再睡。自己则走简单套了个裤子，到了外间摆了吃食的桌子前，准备给春丫挑几碟子糕点端进去。不过他在桌上却看到了满满的一盘子还未打开的生蚝。刚运动完的关木清一下来了胃口，端着生蚝进了屋，问春丫想怎么吃，他让下人去做。把自己耷拉在床上的春丫随口说，用刀开了盖子。 直接沾了酱油生吃就行。说完，他突然觉得不对劲，又立刻直起身来说：“你别吃这个了，放了一天了，万一不新鲜。”“没事，如今天气不热，而且用了冰，放个两三天没问题。”“等着，我去拿匕首，再拿酱油，咱们一起吃。”说完，就跑去外间找匕首，叮嘱完厨房烧水的丁香，才回到春丫卧室门口，就听里头有自家郡主的声音传来：“不对呀，你捅错了，得从这儿捅，加油，得用力才行啊。” 丁香瞠目结舌地看向石金，石金说：“别跟我说话，我聋了。”而室内的关木青开第一第二个生蚝的时候，因为不得要领，所以动作愚钝一点。不过在春丫的指导下，很快便把一盆十二个生蚝都开完了。虽然春丫心里想着不能吃，吃了还得加练，但是这嘴不答应啊。两人一口我一口，一盏茶的功夫都不到，就把生蚝给吃光了。不过这玩意儿反正也不是什么仙丹，两人吃完便喊来了水洗了洗。 然后相拥而眠，不再练习驾驶技术。第一次跟春丫同床而眠，关木清根本不知道这人的睡相堪称极品。睡到半夜，他只觉胸闷无比，睁眼一看，好吗？春丫整个人都趴在了他胸口，怪不得他感觉快闷死了。关木清也不舍得喊醒春丫，就抱着春丫调转了个身，让春丫躺在了里侧。可半夜被闷醒的某人，不知是因为夜色太浓，还是因为春色太美，亦或是吃了生蚝，死活就是睡不着了。睡不着的人。 就容易闹幺蛾子。然后滴滴叭叭呜，这一夜房中的温度来来回回变化了五六次，最后直到春丫开始骂娘，关木卿这才消停了。两人因为睡下的时候天都快蒙蒙亮了，体力消耗也比较大，所以等关木卿再一次被春丫踹醒的时候，早已经日上三竿了。好在关静和王宗元打架也厉害，知道打完架的人最好多休息休息，所以他早上特地没来打扰弟弟弟媳。而关家也没长辈在，所以两人睡到了中午起床。 也完全不会有人说他们什么。不过可怜春丫昨天练太狠，她觉得自己好歹看过那么多大干人民无法想象的玩意儿，想要以其制胜，征服某人。不料某人体力惊人，春丫压根不是他的对手，所以下床的时候他腿都是抖的，走路都得扶把腰，可把有些人给心疼坏了，让他今天别下床，一应吃喝都由他来伺候。可不得你伺候，春丫咬牙道，也没可劲儿一天吃完一年的饭啊，往后想要好好吃饭，您老可悠着点吧。 娘子花容月貌，我也是情不自禁，还望娘子原谅泽哥。关木清那嘴好像做了微笑唇，怎么都放不平，就只能这么弯着嘴角。他问春丫中午想吃啥，自己这就去安排。春丫说补补吧，让丹姑娘搞点滋阴补肾的。不是他矫情，这关关的体力实在是吓人，他现在不补都不知道能跟他战斗到几岁。说完，春丫还让进门伺候的丁香把徐敏送的补肾小药丸给拿出来。关木清看来是用不着的。 他自己得来几颗，一听春丫要滋补的，关木青立刻出了战场。呃，不是，是房门，说马上去采买了，让丹姑娘做。高童跟着关木青一起出了门，看着关木青那刻在脸上的笑容，高童实在是忍不住问：大人，成亲真的那么好吗？好。关木青不假思索地点头。可这里头的好，别人跟你说不清，你一定要自己成亲了才知道。成亲不仅仅是多了一个人，而是有了一个家和一个完全没有任何秘密的亲密伴侣。 他和春丫互相交托，彼此信任，再不会有任何隔阂，也绝不会有任何误会，因为他永远相信他，他也永远信任他。昨夜教会的不仅仅是触手可及的现实世界，更是灵魂的互相交融。从今往后，他在这世上便不再是一个人了。关木青在市场里买了鸽子、乌鸡，带回了府，又跑去库房倒腾出了老山参、大灵芝，想着去厨房找单姑娘炖汤，没想单姑娘一早就已经被徐家给喊回去了。 不过好在厨房里头的做饭妈妈关静还是备了两个的。听关木清说要炖补汤，又想着昨天老爷夫人辛苦的很，天都蒙蒙亮了，还在要水呢。于是厨娘一股脑把关木清送去的食材药材全扔进了大砂锅里炖上了。关木清回到房中，就见春丫正趴在床上让丁香捶腰，他便走上前去说要亲自给春丫捶一捶。春丫昨夜离地一晚，自然没有休息好，此刻正在半梦半醒之间，也没多想，随便哼唧了一声，算是应了。 关木清起先倒是好好的给春丫捶着腰，然后还很贴心的增加了捏肩捏腿服务，浑身都是痒痒肉的春丫被捏得咯咯直笑，说是太痒了，让关木清赶紧的停下来。可关木清此时脑神经再一次短路了，那手根本不听大脑指挥，爪子愈发的要往春丫身上挠，被挠疯了的春丫，一个鲤鱼打挺，奋起反抗，关木清顺势往床上一翻，两人便又打闹在了一处。丁香夺门而出，虽然。 跟着郡主出门子的时候，大奶奶说过，以后郡主卧房里头的事儿，不该看的别看，不该问的别问，不管什么事儿，一个字都不能说出去。可大奶奶没说过，这青天白日的也能闹啊？这真的可以吗？郡主那身子骨承受得住吗？不是说腰疼吗？怎么？吃完了午饭的石金溜溜达达走了过来，见丁香一脸愁容站在房门口，里头时不时传出几声声响，他一下就明白了。石金叹了口气，跟丁香说。 让厨房烧水去吧，可老爷夫人还没吃五点。傻孩子，石金说道：“不正吃呢吗？”石金姐姐，怎么你也……丁香觉得官府整个气息都不对劲，不然为什么连石金姐姐都这样了、啊？去吧，我在这儿候着。其实就还好吧，青少爷年岁大了，比老庞也小不了几岁，新婚燕尔嘛，反正都差不多。要不然他们家那床也不会三天换了两张，结果还嫌小嘛。当初夫人身体才好起来的时候。 将军反正也差不多，进了卧房就不出门。这年纪还素着的男人，多少是有点贪吃的，很正常，很正常。石间脑瓜子里正想着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呢，远远就见高彤站在连廊处，看着院子里飞来飞去的燕子，很是忧伤的样子。他蹲蹲蹲走了过去，然后问高彤：「高侍卫，你几岁了？”扎心了，老铁。高彤低头踢了脚边的小石子儿，含糊答道：“二十五。”啥？这么大年纪了，你昨天还叫我姐姐。 石金大吃一惊，果然在将军身边的年轻人都不怎么年轻啊！他立刻又加问一句：“那你咋还没成亲？”高同再次被扎心，他嘀咕道：“我这不是忙吗？老高家在西北，他爹娘身子骨硬朗得很，一气儿生了十二个孩子，虽然没有全部养大，但是如今家里头兄妹还有八个，光男的就有六个，所以这娶妻生子的事儿，老两口让他自行解决，家里头实在操不动他这份心，反正能解决就解决，解决不了。” 他侄子如今已经有十多个了，到时候想要过继几个都有。高童在京城跟着王宗元的时候，还能偶尔回家看看，毕竟回家快马就两三日的功夫。如今跟着关木清在南方，一直就没法回去，所以就更没人管他这事儿了。如今想来，高童也非常的迷茫，到底自己的媳妇在哪里呢？石金自从成了亲，就觉得成亲还是挺开心的，所以他希望身边的人也都能开心起来。于是他一拍胸脯说道。 高护卫，你这找媳妇的事儿就包在我身上，放心，我一定给你说个好的。高同一听，立刻羞涩摆手，不用了，不用了。哦，那就算了。石金从不勉强别人，既然高侍卫说不用了，那便算了。说完，他便转身就要走。不过，石金姐姐一定要给我说亲的话，那也不是不可以。高同飞快地说出了这句话，就怕石金跑了。那倒也不是一定要，我就看你可怜，可怜可怜我吧。高同突然觉得。 人还是得活得没皮没脸一点，石金嘛，大家都是老熟人了，不用那么假装客气。老是假装无所谓，假装客气，那他可能一辈子都会娶不上媳妇的。石金这才转身笑道：“放心，包在我身上，一定给高侍卫找个好的。”说完便转身乐呵呵的走了，全然不顾纠结无比的高童在他身后比划的尔康手。而房间里的春丫和关木青两人，真正是从黑夜战斗到白天，又从白天战斗到了傍晚。 直到春丫说再不起，自己就要交代在床上了，关木青才精神抖擞地穿好了衣服，还协助说自己大腿酸痛，脚肚子转筋，老腰扭伤的春丫挪下了床。纸上谈兵第一名的某人是万万都没想到，这事儿居然体力消耗如此巨大。虽然这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也不单单是关木青的错，春丫自己也要承担一半的责任，但是也不妨碍他疯狂地朝关木青翻白眼啊！臭男人，看着一副谦谦君子的做派，其实私底下就是个老色批。 关木清看着春丫像个青蛙一样，时不时鼓出来的脸，就忍不住要去戳她，丝毫不介意春丫的花式白眼。等丫头们端上来了晚饭，关木清立刻给春丫盛了一碗十全大补汤，多喝点儿，补充补充体力。一会儿，你想干嘛？春丫收回了接碗的手，关木清忍笑道，一会儿带你参观参观咱们的新家呀。怎么了？春丫这才放心的接过碗勺，说了声，小伙子，我警告你，你可别得意的太早，咱们走着瞧。好啊。 关木清把手中的汤递给了春丫，就等你这句话，咱们走着瞧。成亲也太令人愉悦了吧！春丫怒喝了五碗补汤，直到关木清看不下去，拿走了他的碗，春丫才撸着肚子说自己喝饱了，让关关带她参观参观新宅子。关木清这会儿哪会有啥不答应的？他放下了碗筷，便半搂半搀扶着自家小媳妇往院子里散步去。这院子说起来还是春丫和关静来选的呢，不过后头整修，春丫没有参与。 关木清虽然人在松江，但是要怎么修缮院子，他也是让驻守在松江的工部官员画了稿纸送到扬州来的。所以这院子别看就两进，但是前院还算阔朗，东厢房外头还有个小教场，昨日搭的小戏台就是在这地方。后院则修了个精巧的小花园，摆了泰山石，挖了锦鲤池，锦鲤池边还弄了个六角亭。花园里头种了桃树、梨树和金桂、腊梅，底下的花草种的也很讲究，各种造型的盆栽也随处可见。 整个花园几乎是一步一景，很是小巧精致。抖着腿的春丫也不得不夸赞一句：“这设计倒是真的不错，比我第一次来看的时候强多了。”你不准备夸夸你相公我吗？你瞧那泰山石，那大锦鲤都是我挑的。这人成亲之后，脸皮厚度也是突飞猛进。春丫被他气笑了，当初我怎么没看出来，你居然……哎呀，别说话了，怎么回事？流鼻血了！关木青看到春丫突然流出了鼻血，立刻紧张了起来。来人，来人！ 备车去仁济堂。说完，还没等春丫反应过来，就把他一把就抱了起来，脚下快速腾挪，飞快地往门外跑去。春丫大喊：“停下！停下！流个鼻血，不用去仁济堂。”“不行，得去。”关木清脚下不停，继续往门口跑。“放我下来！一会儿到了仁济堂，鼻血都止住了，不够丢人的。”春丫疯狂地在关木清怀里头扭着，死活要下来。此时人已经到了前院，听到了动静的石金和高童。 赶紧跑了过来，见春丫一鼻子的血，石金立刻递上了帕子，问道：“刚才少夫人是不是喝了一砂锅的大补汤？这怕不是上火了吧？”春丫捏着个鼻子，瓮声瓮气道：“对对对，肯定是补汤喝多了。行了，赶紧的放我下来，说不定一会儿血就止住了。”说完，还在关木青怀里头扭。关木青怕他越扭鼻血越流，只能放了他下来，让他仰头止血。可春丫却说流鼻血不用仰头，只要捏在鼻梁两侧，一会儿就好了。 关木青还怕春丫捏得不紧，伸手就想帮她捏，吓得春丫直喊：“你别过来啊，劲儿这么大，一会儿再把我鼻梁捏坏！”一番吵闹折腾之后，春丫这鼻血好歹是止住了。可没过一会儿，春丫不过只是打了个喷嚏，这鼻血就又流了下来。关木青这回说什么都不干了，非得带着春丫回去找张大夫，一定让张大夫瞧瞧这鼻子到底是怎么了。于是，在成亲的第一天晚上，春丫就呼了一下巴的鼻血，被关木青带回了伯爵府。 开门的小厮见春丫鼻子下都是血，吓得个半死，慌慌张张的就往里头去通报。徐家众人还没回村，他们还等着明日春丫回门呢。此时，一群人正聚在一起回忆着春丫干的那些坑爹事。一听小厮着急忙慌的喊着郡主回来了，好像还是流着鼻血回来的，皆站起了身，往院里跑去。蔡氏冲在头里，张大夫紧随其后，徐达忙着找他那四十米的大刀，准备砍了关木清。肯定是关木清这臭小子不做人，欺负了春丫。 不然春丫两辈子都没流过鼻血，怎么成亲第一天就流鼻血了？春丫此时鼻血基本止住了，但是鼻子下头不免还留着点血印子。他见奶奶和老母亲气势汹汹地跑了过来，赶紧把关木青往自己身后一拉，然后解释说：“娘，我刚才喝了一锅十全大补汤，估计太补了，就流鼻血了。您给我瞧瞧有没有凉茶啥的，我去去火。”徐达听到此话，这才放弃了找刀，窜到春丫跟前，说：“让他瞧瞧，这鼻血还流不流？” 张大夫扒拉开了徐达，让他边待着去，让春丫鼻子还是捏好，然后领着他进了课堂间，给春丫把个脉。蔡奶奶埋怨关木清不会照顾人，咋第一天这娃就流鼻血了呢？很快，张大夫把完了脉，他问春丫：“你这怎么就虚热了呢？原本没有过这样啊？刚才你说喝补汤，补汤里头放了什么？”春丫看向了关木清，关木清立刻答道：“有五十年的山参、灵芝，还有乌鸡鸽子。”越说他越心虚，的确好像略补了那么一点点。 张大夫直说他们胡闹，这山参含上一片就能顶一天，你们这一根一用，这鼻血流的还太少了。说完便开了方子，韩小厮去仁济堂抓两副药茶来，让春丫带回去煮了喝。春丫乖乖点头应了，可关木清却不答应了，说是怕春丫一会儿再流鼻血，他们今晚干脆就住伯爵府算了。对对对，蔡奶奶点头道，再说明天不得回门吗？这就算提前回门了也行。徐达也疯狂点头，说还是留在家里头安全些。 有啥问题还能及时解决，行。春丫突然想到了什么，也同意了，就住家里了。不过咱们住哪？儿？住我房间还是住东院？住东院，爹早给你准好了。走走走，爹带你们过去。徐达说着话，乐呵呵的带着女儿女婿往东院去了。张大夫吩咐丹燕，丹燕，高侍卫的房间你也去整理一下吧，他今天估计也得在咱们这儿住了。丹燕应了声好，走到高同前头带路道：“高侍卫，请随我来。”哦，呃，好的。 高童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觉得有点尴尬。就这么着，出嫁不满一天的春丫带着相公又住回了娘家，夜宿伯爵府。小夫妻俩可不敢再比拼功夫了，好歹是住在媳妇娘家，关木清怎么着都得收敛着些。当然，这也是春丫点头要住在家里的原因。阿姨实在体力不支了，得缓缓呢。再加上关木清也怕一会儿春丫再流鼻血，所以疲累的两人就躺在床上，天南海北的胡诌了一番，才渐渐睡去。睡到了半夜。 关木青又觉一阵胸闷，他都不用睁眼就知道自个儿媳妇翻身又翻自己身上了。于是他闭着眼睛把人给扒拉了下来，紧紧抱在了自己怀里。春丫哼唧了两声，热得很，扭来扭去想要挣脱关木青的怀抱，可人还没扭出关木青的怀抱呢，就听某人低沉的声音在他头顶回荡：“再扭，我可找你练功夫了呀！”春丫一个机灵，回了声：“臭小子，等着，总有你告饶的一天。”可是这人狠话是放了，动。 却也是一动都不敢动了。成亲第二日，应是春丫回门之日。不过这人回门，只要一抬腿跨过了东院连通主院的院门，就算到了。史上最短回门路线，确凿无疑。因为春丫昨日虚热流了两次鼻血，所以今日回门宴，张大夫临时让丹姑娘换了清淡饮食。小两口在爹娘家里头蹭了一天的吃喝，临到回家前，张大夫还是给春丫换了丫头，把一直带在身边丹燕换给了春丫。这丫头年岁比丁香大些。 在张大夫身边久了，行事也稳当，而且多少也知道些急救消毒的常识和普通药材的药理。张大夫觉得让他跟着春丫，比丁香更稳妥。春丫反正都可以，当年丹燕也跟她相处过，家里的丫头她都挺喜欢。女孩子嘛，香喷喷、软萌萌，在他眼里都挺可爱的。至于丁香跟丹燕，那肯定听主子的呀。主要他们家主子就没有一个不好伺候的。虽然夫人严肃些，但是人却也是极好的，从不随便打骂下人。 月前准时发放，逢年过节还有赏银，个个都是干实事的好主子。江湖传言，只要进了伯爵府，除了德行大一些，别的待遇嘛，反正都是各府丫头小厮羡慕的存在。当然，府里头偶也会有偷奸耍滑的大奶奶，倒也不会随意发卖，就是犯了错的人，大概率会被弄去府衙，该坐牢的坐牢，该挨板子的挨板子，完了身气上还会留下一笔，虽不至于要人命，但是反正也不会好过就是了。不过伯爵府里头。 除了厨房上的婶子年岁大些，大部分都是年轻的小厮丫头，倚老卖老的也不会有。开府至今，也就处理过一两个手脚不干净的，这在大宅子里头就算是极少有的干净了。于是，丹燕就这么愉快的被换回了春丫身边。春丫和关木青倒是没啥感觉，反正都是伺候过春丫的主子的脾气性格做事规矩，丹燕都知道，也不需要重新磨合适应。可不知为啥，暗暗观察着一切的石金，却发现站在角落里的高童。 那眼神突然亮的能当灯笼用了，石金心中暗暗点头，嗯，好像有谱。不过这事儿他还得再观察观察，别到时候乱点了鸳鸯谱，再妨碍了他开展媒人事业。然而，当蹭了一天饭的春丫和关木亲人溜溜达达都快走到家门口了，却听身后有人喊：“郡主，大人，等等奴婢。”两人回头一看，原是单姑娘带着个帮忙的婶子，后头还拉了一车叮叮咣啷的用具，跟着一起来了。 原来春丫和关木青走后，佛保又左想右想，觉得春丫这孩子除了赚钱，对别的事儿都太马虎，还是得让单姑娘过去照顾春丫的饮食才好。虽然徐达和徐磊非常不舍得，但是想着以后去官府蹭饭也方便得很。再说张大夫都点头同意了，他们便也只能默认了。次日，道玄跑去伯爵府蹭晚饭，一听单姑娘去了官府了，二话不说，放下了筷子，扭头就走。 徐达的一句“无情最是破和尚”还在伯爵府上空飘荡，道玄人就已经到了官府门口了。他老人家进门也不需要敲，自己三脚一蹬，人就翻进了院子了。正在院子里洒扫的小厮是关静心送来的，见有人进来，只朝厨房跑，便举着扫把要跟来者拼命。还好蹲在厨房门口的石金给拦了下来，不然这尽责的小厮今天估计还得挨一顿揍，毕竟他多少是妨碍了大师傅干饭了吗？于是，小两口第一次在家里正式吃饭。 边上就多了个光头和尚做灯泡，不过春丫和关木青根本不介意这些。三人边吃边说着松江府的事儿，倒也很是有意思。可这饭才吃到一半，就听门口小厮喊，说是爵爷来了。那还有啥说的呀？赶紧的添了碗筷，加壶酒呗。徐达那也不是客气的主，虽说是在家里头吃了，散步过来的，可再就着小菜喝两杯，那也不是不可以嘛。可酒才喝了两杯，就听外头又喊大爷大奶奶带着宝珠来了，还要说啥？ 继续添了碗筷呗，人还没坐稳呢，门口就又有人喊，说是甘德夫人来了，气得道玄直骂，不吃饭都不来，吃饭了就一个个都来了，你们存心的吧？那什么破门别关了，就敞着吧，省得来一个喊一个，来一个喊一个。才进门的张大夫不惊不怒，只说了一句：瞧这样子，道心师傅的小丸子可能是还剩了不少啊。春丫还不给你娘拿凳子？道玄立刻说道，老徐家这几拨人。 从家里头走的时候说的都是晚饭吃多了撑得慌，出门散个步就回家。没想着散着散着腿就把他们带到春丫这里来了。春丫可乐呵了，我就说我是你们的大宝贝，这吸引力没话说。瞧见没，我到哪儿你们都得跟着来。放屁吧你！我是跟着丹姑娘来的。道玄第一个不同意。徐达也说，对对对，我也是跟着丹姑娘。我不是啊。徐雷摆手，我的确是来看妹子的。 宝珠立刻揭穿，不是不是，爹爹明明跟我说带我来姑家吃点心。这丫头嘴多少也有点遗传了春丫，又快又碎，佛保佑都来不及捂她。张大夫则说自己来看看春丫今天有没有乱吃。众人正你一言我一语的胡乱说着呢，就见大金低着头走到了饭厅门口，抬头一瞧，愣了一下，可能以为自己走错了屋，左右前后一看，这才定下心来，然后开始绕着院子滋尿。原本怕家里头就两个人，春丫会觉得冷清的关不清。 此时已经觉得耳朵胀了，是他想多了。他家媳妇自带热闹属性，他就是热闹本闹，到哪儿都不会冷了场子。而此时的伯爵府内，徐鑫练完拳，从教场走到前厅，从前厅走到后院，发现家里头居然只剩下了他一个人和一只蹲在窗台上冷冷的看着他的猫。之后的几日，春丫和关木青就是在两边乱窜，到处蹭饭和锻炼身体中度过的。期间，他们还抽空回了趟三元村，办了几桌，受到了乡亲们热烈的欢迎。 并且在回府城的时候带回了足够吃三年的番薯制品。当然，难得的闲暇，两位大忙人自然不会错过到处走走看看。不过他们也没有走远，带着从未好好出游过的关静去苏杭转悠了一圈。关静虽然嘴上说着不要不要，可整理行李起来手脚那叫一个利索。这一出游便用了七八日的功夫。等他们回扬州的时候，忍无可忍的巡抚大人也已经到了扬州，准备抓人回松江干活去。 虽然说好的一月假期还没到，但是巡抚大人被各处每日上报来的事儿都快烦死了。他头发本就稀少，以前还能勉强遮盖头皮，可就关木卿成亲的这大半个月，他那头稀稀拉拉的头发连头皮都遮盖不住了。为了抢救自己的头发，巡抚大人百忙之中抽了空，冲到了扬州，跟徐达打,打了招呼，赔了笑脸，然后把关木卿给提溜回了松江府。当然喽，这回关夫人也得跟着一起走，毕竟才新婚嘛，知府夫人总得做个阵啥的。原本除了丹燕。 春丫还想把丹姑娘带走的，可转念一想，那和记糕点铺倒是也离不开丹姑娘，于是便留了丹姑娘在扬州。虽然春丫没有开口，但是大师傅再三保证一定会帮忙照看糕点铺。如果丹姑娘还是待在官府的话，他连带着官府也一起照应了。寻州也从阴暗处走来，偷偷跟关木清说自己会常去官府看看的，让他们安心赴任。虽然关木清对寻州的善意觉得有些莫名其妙。 但是毕竟府里放了好多好多好多春压的嫁妆，所以他也点头接受了寻州的好意。另外，在离开扬州走之前，小两口还送别了关静。为了筹备关木清的婚事，关静待在扬州府可有小半年了。单身老王已经疯了，现在几乎是两天一封信的催着妻儿回家。而关静虽然一直抱怨关木清每天也不知道在傻乐点啥，感觉这人好像智商退化了，但是他知道这孩子此时肯定是幸福的，他也不用再瞎操心太多了。 于是带着孩子们整理了满满当当一船的行李特产，坐上回京的客船。走之前，他还跟春丫他们约定好了，待到明年过完春节，他还会回来的。扬州以后就是他的娘家了。不过关静虽然走了，可石金却暂时留在了春丫身边。一来老庞说他们年底应该就会调回京城了，到时候可以跟石金一起走；二来嘛，石金说自己还有托付没有完成。至于什么托付嘛，他说他还得再观察观察，到时候大家就知道了。一群人再一次启程。 各自奔赴自己的前程。不过这回关木清再不是独自上路了，他这回不但带了自家媳妇，连带着小舅子也一起带上了。春芽离家已经是惯性了，所以送别他的时候，徐家上下都没有什么很不舍，只是叮嘱了些路上小心，千万别乱吃东西，看好弟弟，别让他乱说话被人揍之类的简单事项。用徐达的话说，现在千叮咛万嘱咐的，浪费那么多口水，到时候说不定两天三天的女儿就回来了，真是没必要说那么多。 不过，出乎他意料的是，春丫这次在松江府一住就是三个月，最后还是徐达和张大夫实在忍不住了，才准备亲自去松江府看看女儿到底忙些啥呢。这人吧，其实也没干啥，就是作为知府夫人，可能略有点剑走偏锋吧。当初到了松江府，各级官员的夫人，还有些乡绅土豪的太太，都递了帖子进府，想上门求见。夫人社交嘛，到哪儿都会有的。春丫倒也没有拒绝，反正来者不拒，把府的帖子接收了下来。 然后定了日子，发了请帖，让诸位夫人太太都来府衙内院聚聚。夫人太太们还说，这位知府夫人倒是挺和气呢。不过令大家万万没想到的是，本以为是贵妇聚会的众人，却参加了一场农产品推荐会。至于推荐的是啥，那自然是番薯和土豆喽。玉米现在技术还没成熟，自然不能推广。不过春丫也说了，等到玉米培育好了，夫人太太们也可以来拿种学种。当然喽，这番薯土豆。 种是不需要夫人太太们亲自种的，他们如果感兴趣，可以现在预定种粮，后续服务就是谁家买了种粮，保证可以包教包会。虽说松江府大部分都是种稻种棉，产量还不错，但是此地夏季风灾高发，春丫觉得搞多样化种植，口粮才能更有保障一些嘛。夫人们起初听知府夫人一不谈吃喝，二不说穿搭，居然搞起什么农产品推荐会，他们觉得要不就是他们疯了，要不就是知府夫人疯了，好好一个郡主身份。 种哪门子的地呀？可在春丫的再三推荐下，诸位夫人又不好驳了她的面子，虽然私底下吐槽不已，但是面上却都多多少少订购了些种粮，并且说会让自家庄头去官夫人新包下的庄子里学习怎么种番薯、土豆。春丫想的是，一家家的劝农户去种，她可能没那么多的精力，但是这些夫人太太们的庄子里，佃户和帮工多的是，到时候农户们从大庄子里头知道这些粮食高产又能填饱肚子，就不怕他们种。 待的秋天，春丫包下来的庄子产了土豆、番薯，也能发放给百姓们试种。到时候种子和技术，农户们就都有了。松江府的冬天也不太冷，到了秋天还能种一波呢。这老百姓明年的口粮不就充裕了吗？这事儿吧，春丫虽然有多管闲事之嫌，但是这劝客农桑本就是地方官员的份内事，他这也算是替他们加官之福，操了一份闲心吧。 再说，原本推广番薯、土豆啥的种植，就是为了大干百姓能早日实现肚子吃饱的小目标。这会儿在松江府搞这事儿，也不算附和他的初心吧？这事儿吧，其实也不用春丫自己费太大的力，所以他秉持着不搞事就不开心的原则，把这事儿给风风火火的安排上了。所以跑来瞧女儿的徐氏夫妇，在府衙内院没找到人，听下人说两人是去了庄子上了，便立刻让人带着他们去了春丫的庄子上找人。当徐氏夫妇找到这两人的时候， 他们正一人戴着一个草帽，蹲田埂上研究鸡屎呢。春丫是闻着这鸡屎味儿，一边吆一边还要扒拉，说是得瞧瞧这加了料的鸡屎发酵的怎么样了。原本闻着味儿没什么的关木青，却被春丫噎的也直打恶心。张大夫和徐达远远走过去，还没到近前呢，就听两个蹲在田埂上的人，一个吆，一个呕，很是夫唱妇随。你俩干嘛呢？徐达忍不住远远喊了一句。 春丫扭头一瞧，见是爹娘来了，立刻起身朝他们招手：“爹娘，咱们正翻鸡屎呢，你们来瞧瞧。我这回请教老农，加了……哎哎，别走啊！哟，别走，爹娘，等等咱们啊！”关木青也起了身，拉着春丫就朝二老追了过去。春丫和关木青最终还是直到回了府衙，才撵上了不想闻鸡屎的张大夫和达达。可见这两位对鸡屎的味道有多么的敬谢不敏。回了府衙内院，春丫立刻喊了丫头。 拿来了两缸薄荷茶，关木清给泰山岳母舀了茶，春丫则自己连喝了四五杯，说是这大热的天蹲田头，可是热坏了，少喝些。你爹带了西瓜来，一会儿用井水派了。哟，才灌了一肚子水的春丫，突然又捂着嘴往外头跑，直接把刚才灌下去的一肚子水给吐在了花园里。几人都被春丫吓了一跳，关木清第一个冲了出去，怎么了？是不是中暑了？我让你别去扒拉那鸡屎，我去就行了。哟。 春丫又吐了两嗓子，泪眼婆娑地看着关木清。别提那玩意儿，我宣布，以后即使在我们庄子里列入黑名单，这后劲儿也太大了。此时，徐达和张大夫也已经走到了春丫跟前。徐达直埋怨春丫老大不小了，还捣鼓米田共玩，玩吐了，真是该。春丫用一声哟狠狠地回击了他爹。只有张大夫皱眉嘟囔了一句：“该不会是怀孕了吧？”关木清立刻像被电到了一般，挺立了身子，转身问张大夫：“娘。” 您说什么？无法接受自家小乖乖要成为娘亲的徐达，更是三百六十度的挠着自己的脑瓜子，不停的说：“不会吧？怎么会呢？这不才成亲吗？这么快的吗？”春丫除了晚屎被臭悠了，其余也没觉得有什么不适，自己也不太敢相信。不会吧？我们不对，这么想来，他们大部分时候晚上打架打的也挺厉害的。关键这几天春丫原本是要来大姨妈的，她都感觉到肚子和小兔子都胀胀的了。 可是姨妈一直没有来，却把人称送子观音的亲妈给盼来了。什么会不会的，赶紧的进来，给你把个脉就知道了。张大夫如今专攻妇科儿科，在教学的同时，还跟齐大夫、鲁大夫学了不少。正所谓教学相长，这医术提高的非常快。所以哪怕春丫怀孕日子还浅，只要是怀上了，那张大夫也是能诊得出来的。四人快步进了大客厅，张大夫让春丫伸手，说即刻给她把个脉看看。关木清紧张的直咽口水。 而徐达则站在张大夫身后，喘着粗气。他也不知道为啥，感觉好像自己怀孕了一般，只觉得胸闷、肚子胀，有点想要吐。按照春丫自己说的月线时间，哪怕这会儿她怀孕了，那顶多也才怀了一个多月而已。张大夫把脉自然得细致些，才能切得准。奈何徐达凑在张大夫耳边，呼哧呼哧的直喘粗气，气得张大夫直接赶人：“你牛魔王投胎呀、啊，喘气这么响，青儿都没你这么紧张。”张大夫抬头一看，见关木青面露苦涩。 便又问你这又是怎么了？我脚底板抽筋了。关木青因为太过紧张，用脚趾头抠鞋底，抠得太使劲儿，这脚底板就抽筋了。春丫立刻笑了出来，我都没紧张，你们紧张啥呀？行了，张大夫揉了下太阳穴，你们俩去隔壁待着去，不喊你们别过来了。我保证安安静静。让我留下呗。徐达抗议，不行，你呼吸影响我了。张大夫不同意，没有了爱情的夫妻，连呼吸都成了错误。 不过其实关木清也觉得老丈人面色潮红，呼吸急促，怕他一会儿又热又急再中暑了，于是劝说了两句，便一瘸一拐地搀着老丈人去了隔壁的外书房。张大夫好不容易赶走了碍事的俩男人，结果还得面对女儿的絮叨。娘，生孩子真的很痛吧？肯定痛啊，不是见到过几次了吗？不过我是剖腹产的，切身体验没法跟你分享。张大夫回答的很是理所当然。那您能不能搞点什么中药，喝了可以降低痛感的那种？春丫继续问。 不行，降低痛感的同时会抑制宫缩，到时候更不好生。哎呀，你可别说话了，我一个脉把到现在没整完，赶紧的给我闭嘴。春丫见张大夫眉头都皱一块了，便只能乖乖闭嘴，心里头盘算着无数的问题，一会儿得好好问问张大夫。虽然对于怀孕的事儿，春丫多少有点猝不及防，但是按照她跟关关两人比武的频率，现在怀上应该也算是情理之中事儿。若是这种频率还怀不上的话，那才应该是坏菜了。 张大夫把脉把了能有一炷香的功夫，左手换右手，右手换左手，脑门子上的汗珠是嘎嘎往下掉。春丫正想问自己难道不是怀孕，而是得了啥大病了？张大夫却开口了，是有了。按照你末次月经算，差不多是四十天，预产期大概在明年三月里，倒是挺凑巧。我要做娘亲了。春丫虽然觉得自己应该可能是怀了，但是听到了确切的诊断，还是很惊喜。是啊，张大夫也蹙眉点头，这怀胎还没到三个月。 可不能瞎嚷嚷。另外，什么蹲在田埂里头撩臭东西之类的事儿，你可给我少做。真的吗？关木清突然出现在了门口。娘，春丫真的怀孕了吗？张大夫被突然出现的女婿给吓了一跳。这孩子以前还挺沉稳的呀，怎么跟春丫成亲之后，多少有点压味了呢？不过他还是点头道：“是的，怀孕了，可日子还浅。”真的吗？我真的要当外公了吗？徐达跟在关木清的后头冲了进来。不信你们自己来把脉呀、啊！ 这大热的天，张大夫真是被傻男人们搞得心火旺。徐达再一次感受不到爱情了，而关木青已经没办法管丈人丈母娘的爱情了。他现在整个人都觉得有点晕乎乎的，他这是要当爹了，谁能来揍他一拳，让他感受下这是一个真实的世界？脚底多少有点打飘的关木青蹲在春丫跟前，半仰着头问他：“你刚才还吐了，早上也没吃多少东西，现在饿不饿？想吃什么？我让厨房给你做。想吃西瓜。” 井水派过的西瓜，春丫立刻举手报告，一脸的甜蜜，好开心呀！今天知道有了宝宝，还有爹娘拿来的西瓜吃，幸福。想得美呀你！张大夫就是个扫兴鬼，寒凉的东西吃了刺激，不能吃。饿了让厨房给煮点好消化的，以后甜点尽量少吃，酷甜的水果也少吃。想吃西瓜也只能吃一牙，而且得吃常温的。什么去火的茶也不要喝了，改喝白开水吧。啊！春丫挠头不已，小声嘟囔了一句。 这么多禁忌的吗？不然呢？你以为做爹娘这么简单啊？还有你，张大夫瞧了眼关木青，没事儿，别老一惊一乍的。孕妇需要情绪稳定，她不来影响你的情绪就算好的了。你可别老去挑战她的神经。这会儿她才怀孕，这情绪还算正常。但是慢慢体内发生的变化会越来越大，情绪也会起伏比较大。青儿，你作为孩子爹，可得多担待。其实如果在前世。 产检什么都到位的情况下，忌讳也不会那么多。但是如今大干潮的医疗条件，也由不得孕妇们太过放飞自我。张大夫觉得万事还是保险第一，所以不管是病人还是女儿，他都会关照很多注意事项。关木清听张大夫这么说了，立刻站直溜了，抱拳跟丈母娘说：“好的，母亲，孩儿今后一定会沉稳着些的。”张大夫勉强满意地点了点头，然后开出了长长的一张膳食方子，交给了丹燕，让她交给厨房，以后尽量按照膳食方子上选择食材。 他自己则决定在松江府待到春鸭满了三个月，胎稳了再回扬州。虽然徐达也想留下，可是坑爹的春鸭还留了一大摊子活在扬州等着他呢。明日他只能自己一个人惨兮兮的先回去了。晚饭的时候，在码头跟关木清派下去的知州吃了一天海风的徐昕回来就得了他要做舅舅的好消息，给他高兴的自哇乱叫。关木清听了，赶忙去捂自家小舅子的嘴，让他轻点儿，一会儿别吵了孩子。张大夫无力解释。 因为他刚才都已经说过了，现在孩子可能就只有豆芽那么大，可关木青却依旧固执的觉得孩子肯定能感受得到外头的一切，而春丫则顺势把孩子的小名给取了，说就叫小豆芽。算了，张大夫已经放弃这对抓马夫妻了，他此刻更为操心的是儿子的脸。三金啊，你这脸出门好歹裹一裹吧，煮了三天的茶叶蛋都没你黑呀。男子汉大丈夫，黑点有啥要紧？娘、啊，您不知道，如今咱们港口进出的货物已经快要超过宁海了。 徐鑫虽然只在府衙混了个文差，但是他却对港口的繁荣有极强的荣誉感。徐达呵呵一笑，那不是肯定的吗？上海嘛，几百年后的全球第一大港，有传说最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又不是说假的。说到这个，关木清总算恢复了点正常。光筹备开埠，皇上就调了六部参与，太子还专设了卫所，修路造桥建码头，斥资百万，花了那多银子，自是有皇上的道理。啥道理？徐鑫阅历少。 不太明白太深层的东西。关木清答说：“有点急面啊，皇上重点看过的这些点，可以带动一整片区域的繁荣。虽说咱们大干依旧还是重文轻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咱们皇上对商这事儿可是一点都不排斥的？不是不排斥，是还挺喜欢。”徐达接嘴道：“从文读书这事儿呢，肯定是非常重要的，毕竟人是离不开学习明理的吗？可读书这事儿怎么说呢？大部分的情况下是自我的提升和成长。” 但是开展商业就不一样了，下到码头挑夫，上到做进出口贸易的大客商，都是商业活动中的一环嘛。只要你不是缺胳膊少腿，又愿意干，基本都能在大浪潮里头赚上三瓜俩枣。是关木青点头。自从开埠以来，咱们这儿连卖菜老农每日都能多卖几个铜板的菜钱。关知府自从取了小作金，有事没事就喜欢带着他出门瞎溜达，看到买菜老农得问问价，看到脚店卖馄饨面条的也得来上一碗。 所以对这城中的物价那是了如指掌，这事儿可得好好润润笔，再会回禀给皇上，想要得到皇上继续的支持，故事可得写得好些。春丫扭头看向弟弟，这事儿就交给你了。徐欣装聋作哑，啊呀，我得先去洗个澡，吹了一天的海风，都快成咸鱼了。你们先吃饭哈，别等我。说完一溜烟就跑了，惹得张大夫直说小儿子就跟徐达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徐达自然不应，说自己如今奏折写的不要太溜。 虽然练废了好几个教书法的先生，写字进步也不怎么大，但是写文章却是很溜的。皇上为了你的狗爬字，这都生斥了几回，撤换了多少先生了，可别说这个了。本不欲吐槽相公的张大夫，真的是忍不住啊，惹得徐达直说这笔他是真不太会用，改天等他得空了，搞几根羽毛笔用用，到时候肯定能写好。这一说小发明的事儿，春丫便忍不住跟他爹唠，说要弄个缝纫的机器。现在关木青的裤衩子和袜子、中医都成了他的活计了。 这可要了他的命。裤衩子和袜子还好些，反正往宽里头做，穿的时候用绳子系好就得了。可这中医他三个月才能缝一身，根本不够关木清替换的。这事儿又不能让丫头替做，哎，可愁死手残党了。虽然关木清不知道缝纫机是个啥，但是听春丫那么一描述，说是靠着脚踩就能刷一下缝好一个边，就觉得这东西好啊，太适合他们家蜗牛小媳妇了。于是他拍胸脯保证说，老丈人只要能做，缺啥他都可以帮忙去找。我倒是想啊。 可不是没时间吗？徐达说完，还瞪了春丫一眼。等明年我三年任期满了，第一个就给你们安排这缝纫机，可以吧？别说，以前他们家的确有蝴蝶牌缝纫机，虽然张大夫没用过几次吧，但是每次用不是卡线就是断针，所以张大夫用了几次，徐达就修过几次。这个制动原理算是略微记得那么一丢丢吧，但是靠他仅存的一点点记忆，那是肯定做不出来的。毕竟缝纫机里头零配件多得很，啥啥都记住，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不过大干朝能工巧匠多的是，他自己办过神兵营，搞过织布机，对于大干工匠的智慧，那是相当有信心的。所以到时候他可以请了能工巧匠一起琢磨琢磨，也许可能大概可以琢磨出来。徐达想到这些，就有点小兴奋，摩拳擦掌,掌着说：“回去就先把草稿图给想一想。”带的徐新回来，一听老爹又要搞小发明，那家伙可兴奋了。而对缝纫机充满期待的春丫，不值钱的点子也多得不得了，一家子只讨论到了月上柳梢。 张大夫才赶了春丫，赶紧回房休息去。在春丫回房之前，张大夫还很严肃的跟他说了下夫妻两人的练功习武的事儿，目前可不能搞了。春丫嗯嗯啊呀的胡乱应了，便赶紧的逃回了房间。而当他洗完澡，跟关木清宣布比武暂停的时候，关木清点点头，娘说的没错，孩子安全第一。来来来，让为夫听听孩子的声音。傻子，这么小能听得到啥呀？春丫说是这么说，但还是走到了床边，乖乖躺了下来。 关木清跪在床边的脚踏上，小心翼翼地附耳在春丫的肚子上，一本正经地听着他肚子里的动静。过了半晌，春丫忍不住问：“听到了啥？”关木清这才若有所思地抬起了头：“孩子好像没吃饱。”“哈！”春丫眨巴着眼睛，不明白小豆芽怎么还能说话了。“你肚子里都是咕噜咕噜的声音，应该是孩子饿了。”关木清突然又成了蠢货：“错，是本人，孩子他娘想去上厕所，起开，屎都被你压出来。” 这人就是大沙风景第一人，关木青却伸手拦住了他。我让丹燕给你搬来。关木青，你信不信我揍你？好好好，别气别气，不搬不搬，那我扶你去。你再这样，我就用跑的了。那你小心些。闭嘴。而正在春丫他们房门外头站着的丹燕和高彤，此时两人间的气氛达到了尴尬的顶点。在三日之前，不管房间里传出什么奇怪的响声，这两人站在外头都是不会尴尬的。 但是自从石金问了丹燕觉得高童怎么样之后，丹燕在听到里头奇怪的动静，那尴尬简直让她想以头触地。好在郡主大人她怀孕了，一时半会儿的站在门外的人是不会再听到奇怪的声音了。丹燕好不容易松了一口气，可是就在刚刚，高童自己开口问了丹燕那个问题：“丹丹燕，我我知道我有很多缺点，那什么你要不要跟我处对象？”高童问出这句话之后，就恨不能拔出腰间的佩刀，把自己脑瓜子砍下来。 他是写了稿纸，有备而来的，怎么这会儿能问出这么没水平的话来呢？啊，好想砍了自己！虽然石金之前暗示过了丹燕，但是丹燕说自己还没想好，想多考虑两天。没想到说两天就真的是两天，高彤等了两天，还没等到石金的答复，便自己问上来了。丹燕此时只觉自己脸皮发烫，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虽然她觉得高彤这人是不错，但是她自己这丫头的身份好像跟他不是很配。 可就像石金说的，不是各个男人都看身份的。再说她是郡主大丫头，高同是关大人的侍卫，这工作岗位简直绝配嘛。不过丹燕觉得这毕竟是人生大事，多少还是有些犹豫的。但是今日高同都自己问上来了，丹燕知道逃避是逃避不得了。丹燕其实也是个爽快人，可毕竟终生大事，马虎不得。于是她抿着嘴，扭着帕子，想了想，才答：“这事儿还得问我家郡主和夫人，若他们允了，我就答应。”好。 稍等，高同脑子也是短路了，上手就要拍门，丹燕都来不及扯他，春丫的卧房门就被拍响了。来开门的是关木青。高同一瞧是自家亲少爷，那说起来就简单了，就是说自己想求娶丹燕，问郡主是不是能允了。这人才说完，从盥洗室里头出来的春丫就飘到了关木青身后，丝毫不惊讶的说：“我就说嘛。”高侍卫看丹燕那俩眼睛就跟俩灯笼似的，果然，丹燕站在原地。 就想赶紧来个雷，把自己劈个飞灰烟灭吧！真真是羞死个人啊！不过这事儿春丫还得问问丹燕，那丹燕你咋说啊？喜不喜欢高侍卫呀、啊？奴婢奴婢全凭郡主做主。丹燕头低的恨不能埋进地砖里，那就是愿意喽。春丫笑呵呵的说：“你自己愿意才要紧，咱们都觉得高侍卫这人虽然木那些，但是人品却是极好的。你要愿意，明日就跟我爹娘说了，你们俩先处一段时间，若觉得相处的来，到时候让高侍卫请了媒人来说亲就成。” 有，没人有，我去喊十斤，高同恨不能立刻下聘得了。高同，关木清试图喊回某人的魂。娶媳妇可不能这么仓促。高侍卫可真是不鸣则已，一鸣则疯啊！哈哈哈哈！春丫忍不住笑出声，惹得关木卿不停地撸他的背，就怕这人一会儿再笑岔气。疯癫了的高同，在春丫和关木卿的劝说下，好歹是忍住了当晚就去请媒人的冲动。不过次日一早，当徐达和张大夫才跨出房门的那一刻。 高童就立刻跟张大夫说了自己喜欢丹燕的事儿，张大夫吓了一跳，不过还是立刻找了石金丹燕来问了个清楚。一问下来，张大夫觉得这事儿还算靠谱，便也不阻拦，让小年轻们先处处看，处得不错，再来找他把事儿定下来就行。而石金也算是暂时完成了他的第一次做媒任务，高高兴兴的自己骑了马，告别了春丫和张大夫，往宁海找老庞去了。临走之前，石金说是让高童尽量在年底之前说上媳妇。 不然到时候他回了京城做不了媒人，吃不上十八个提榜的话，就跟他没完。按照张大夫的计划，他原本是应该待在松江府，等到春芽满三个月，胎稳了才回扬州的。可没想到，仅仅五天的功夫，徐磊就驾着马车拉了一马车的补品食材来了松江府。这回来，第一他是受了爷奶的嘱托，来送补品给孕妇的；二是准备来松江府开仁济堂分铺的；三是换老母亲回扬州的。 张大夫这回走之前，只安排了三四天的调休轮换，可徐达回去却说张大夫得差不多两个月之后才回来。于是乎，仁济堂的门诊也乱了，医学院的课时也落下了。不管是仁济堂的大夫，还是管理医学院课程的吴放，都被搞得焦头烂额。这一天两天的还好说，两个月，徐磊想硬挺了两天，然后决定立刻赶往松江府，再开一个人济堂。妹子和夫婿新婚，他们自然不希望小两口分别的时间太长，更不能随便把两人给分开。 不过春丫这身子也得好好看顾。再说如今松江府看着也大有前途，开个分铺其实也挺有发展前景的。到时候松江府的人济堂开业了，他们再往这儿调几个好大夫来，春丫不就有照应了？等春丫怀孕满了七八个月，再回扬州待产就行了。这样小两口分别的时间也不会很长。这个想法春丫也觉得挺好的，虽然张大夫多少有些不放心，可春丫却再三保证。 自己一定吃好睡好，好好养胎，再不去扒拉鸡屎了。关母亲也说自己会好好看顾好丫丫，徐磊也说自己会抓紧时间把人济堂筹备起来的。那张大夫还能说啥？都是成了亲，要做娘的人了，老母亲多少得给孩子点信任吧。于是，在对孩子们百般叮嘱之后，张大夫也坐上了马车，回了扬州。自从张大夫回了扬州，也不知道是春丫第一次怀孕有些焦虑，还是因为随着怀孕周期的增加，她这孕期反应就变得越来越明显了。 也不是说春丫成天发脾气掀桌子或者呕吐个不停，没有这些春丫倒也都还好。这位大姐的妊娠反应多少跟别人有些不同，她只是成天的就跟吃的过去不，怎么个过不去法呢？比如说早饭想吃酱肘子，晚饭想吃豆花油条，三更的梆子一敲过就说想吃三虾面，八月里想吃烤鹿肉，九月里想吃冰丸子，十月里想鸡头米，还想哭了。徐雷被妹子吓得一个多月就把松江府的人济堂给开了出来。 然后麻溜的逃了，毕竟自家媳妇还怀着身孕呢、啊。他说他真的不是逃，而是得回去照看自家媳妇，即便自家媳妇拥有了张大夫，他也得回去照顾。而徐欣呢，姐姐想吃的，其实他也挺想吃的，所以他才不管吃食正不正常，只一门心思跟在姐姐屁股后头吃就完事儿了。只关木清每天还得一本正经的跟那做经解释，不是为夫不想给你去搞三虾面，实在是十月里的河虾他不产子啊。至于鸡头米，那是肯定没有的。 但是他还是特地让人跑了趟扬州，让单姑娘做了芡实糕，然后带回来，也算是暂时解了谢春鸭对鸡头米的相思之情。当然，什么冰丸子之类的也是绝对不能吃的。张大夫三令五申，刺激的东西不能吃，就怕春鸭吃的不巧，拉肚子、胃痉挛什么的，再刺激到他，那就不好了。所以丸子有，不过就是温热的水果羹。对于自己的坐天坐地，春鸭其实自己也非常的痛苦。 某次晚上，因为他半夜想吃炸鸡，厨房特地开了大油锅炸了三个童子鸡，结果闻到味儿，春丫就直接吐了个天昏地暗。郡主大人直接把自己给气哭了，明明脑子想吃，可这肠胃却是一点不听脑子的使唤。他还说自己这会儿恐怕不是怀了孩子，而是得了精分了。作为孩子他爹，关木青自然承担起了安抚孩子他娘的工作，给春丫倒腾吃食这事儿，看着是挺有挑战的，其实掌握了其中的关窍，关木青干着干着。 还砸巴出味来了，因为他发现，别看春丫对吃食的要求看着非常的不拘一格，但是，一旦提出个合理的替代方案，他倒也不是不能接受。这人吧，就是个顺毛驴，好好哄着就妥了。所以春丫气哭了，他就给她递帕子，还说这帕子实在是绣得好，大概再找不着第二个这么有创意的绣娘了。被孕激素搞疯了的春丫其实也很好哄，三下两下的就被关木亲哄笑了，然后她就会觉得自己更像神经病了。 当然，除了关木青之外，对春丫如今这精神状态一点都不烦，还巴不得郡主大人多做天做地一些的。还有厨房的两个婶子，他们倒也不是什么受虐狂，主要郡主每回提完了非分的要求之后，都会因为良心不安而让丹燕偷偷,偷塞他们点辛苦费。毕竟后半夜去敲了商贩的门买鸡杀鸡炸鸡，主子还吐了这种事儿，听着的确挺折腾人的。这辛苦费，春丫基本都会给一钱二钱的碎银子，一丝一丝就行了。可奈何她折腾吃食的频次。 实在不低，所以自从八月开始，春丫的孕激素疯狂飙升之后，厨房里帮忙的俩婶子就没少折腾。不过十月里，他们俩就已经在老家买了两亩地了。他们现在就盼着郡主哪天憋个大的，玩命折腾他们一回。家里头口粮地是有了，可儿子成亲不还得加盖两间新房子？府衙里头的人都同情两个厨娘，经常半夜起来烧水做饭，可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自己这差事到底多有前途。此时春丫已怀孕四月，若是脱了外衣。 肚子能够看得出，已经是微微隆起的状态了。关木清也挺自觉，不管公事多忙，每日到了点必须下牙。他宁愿等春丫睡了再起来办公，也必定会每天陪春丫一起吃晚饭、散步，讲睡前故事给孩子听，然后哄着母亲、孩子一起睡觉。这讲的故事嘛，自然不可能是张大夫的科普书啦，也绝迹不可能是张家旺写的戏文，而是春丫当初拜托了关木清要卖的连环画。没错，由春丫构思，关木清琢磨的图画书。 关木卿压根就没有往外卖过，当初说的什么同窗帮忙卖了几十两银子之类的，全是他瞎编的。他把两人通力合作的这些书稿全部收藏了起来，然后在新婚之第三页，毕竟第一页没空，第二页住了老岳父家，都拿了出来，重新送给了春丫。而春丫对于关木卿只说了一句：“没想到你觊觎本郡主的才华已经那么久了，既然如此，那让我们来比武吧。”感动不感动的，不需要那么多言语，一切都在一招一式里了。然后。 这些承载了父母爱情的小人书，就成了春丫未来孩子的胎教读物。当然，除了这些不正经的玩意儿之外，关木清额外还会念上些名人诗表、诗文词作。每次当关大人读到这些时候，被孕激素折腾了一整天的春丫就会渐渐入睡。这个原本是他们的常规操作，可今日这常规操作却突然有了那么一点点不同。诶、哎、经过关木清的一系列常规操作之后，正要入睡的春丫突然睁开了眼睛。 盘坐在一旁的关木清转头问道：“怎么了？是想吃什么了吗？没事，你说，我让厨娘去准备。”“不是，不是。”春丫支冷起了胳膊，“我这肚子好像不对劲啊！”关木清一听吓一跳，一边拿了靠枕往春丫身后塞，一边紧张地问：“怎么不对劲？是疼吗？还是这么了？别急，别急，我这就让高童去请了尤大夫来。尤大夫是位女大夫，当初是跟吴放他们一起参加的人济堂第一期培训。” 之后就一直留在了仁济堂里，他跟春丫也有几面之缘。这位女大夫虽然年轻，但是心细得很。关键自从张大夫回了扬州，她就一直做着张大夫的助手，所以医术还是挺不错的。这回徐磊调了他来松江府，就是为了春丫看病问诊方便的。见关木清说完话，也不等自己解释，翻下了大床就要往外间走。春丫立马喊住了比自己还着急的相公：“回来，赶紧回来！来了来了，他来了，你快来摸！”在春丫的一阵催促下。 关木亲又转身回到了床边，问春丫摸啥？摸肚子，快快快快摸！春丫着急的催促着。非常紧张又迷茫的关之辅缓缓的伸出了手，急得春丫直接拉过了他的手，撩起自己中医的下摆，把关木亲的手直接贴着皮肤放在了自己的小腹上，然后病气问道：感觉到了吗？小豆芽动了，孕期到了四个月，孩子渐渐就会有胎动了。张大夫说话诚不欺人也。感觉到了吗？ 春丫见关木青低着头，久久没有说话，便又问了一遍。没想从关木青嘴中发出的声音却是带着哽咽的。嗯，是的，我感受到了。说完，他抬起头来，泪光闪烁。他的孩子，他和春丫的孩子，他感受到了，是切切实实的，不用靠想象的，感受到了。明明应该笑的，可他却只觉有诸多的情绪在他的心中交叠在一起，遗憾欣、欣慰、高兴、憧憬，这些东西堵住了他的喉咙。 湿润了他的眼眶，让他不知道面对春丫该如何表达自己如此复杂的心境。春丫见关木青如此，孕激素一下子也直冲脑门，可她却不想让自己哭出来，因为她哭了出来，那夫妻俩势必就会像俩神经病一样抱头痛哭了。感受到了孩子的胎动，该高兴啊！哭是绝对不可能哭的，可怎么办呢？这人的眼泪看着马上就要掉出来了，摸好了吗？摸好了，赶紧把手拿开。 我要去如厕，嘘嘘都给你压出来。这突然之间，春丫能想出来的包袱也只有屎尿屁之流了。好在关木清很能懂她的包袱，立刻笑了出来。然后他扶着春丫到了盥洗室门口，要不是春丫要骂人，他都恨不能扶她进去呢。在春丫解决生理问题的时候，关木清还特地让蹲在门口给单燕包南瓜子吃的高童去了趟仁济堂，把尤大夫给提溜了来。尤大夫给春丫把了脉，说是脉象平稳正常，注意别胡乱进补，适量运动。 别让肚子长得太快就行了。关木清恨不得让尤大夫住在府衙，可春丫却威胁他，任济堂都开府衙斜对门了，尤大夫平日也住在任济堂，你这都不放心。那我还是回扬州，让我娘照应我吧。哎，关木清还能说啥？只能勉强允许尤大夫住在他们的对门。之后的日子，关木清每日除了问春丫的吃喝，还得问孩子今日动了几次了，都是什么时候动的，是往上动了，还是往下动了？烦不胜烦的春丫连吃喝都不做了。 每天看到关木青，就想抱头鼠窜，用他的话说就是连孕激素都怕了关木青的叨叨叨。经过这些日子以来的观察，春丫觉得自家相公真可谓是个变脸大师。关木青现在也算是个经过了磨练的中级官员了，所以在府衙办公的时候，这人的工作作风很是利落干脆，办案也是快很准，抓人审讯更是狠辣。虽然他对上峰也算客气，对下属也从不苛待，可也许是因为自小习武，又真刀真枪上过战场的关系。 这人如果没有春压在，说话办事会自带几分严肃。别说下官了，连带着巡抚大人，看到关木卿来回话，语气都不自然的会客气上两分。巡抚大人每次都会告诫自己，他是你的下官，职级差了四等呢，你可争气些吧。可一看到关木卿也不知道为啥，他就控制不住自己的语气，非得把话说得婉转了，才觉得安心。他觉得他可能需要治疗。不过在徐家人面前，关木卿时不时的就会散发出那种二愣子的带劲儿。 特别是在自家媳妇面前，那可真是呆愣傻疯，再加一个爱练武功，看着简直像是地主家的傻儿子。为了保持自家相公办公时候的形象，春丫一般都不会去府衙。当初在宁海的时候，关木清还比现在正常些，但是自从成了亲，这人在春丫面前就越来越放飞自我了。不过春丫这会儿虽说在养胎，可适当的运动还是需要的，所以没事的时候，她还是会带着丹燕和自动报名要求保护郡主的高童去庄子里溜达溜达。 今年庄子里头番薯的产量还不错，所以有足够的番薯可以分发给想要试种的农户。因为有春压的应允，农户们呢也可以来庄子里头学习交流种植技术。一来二去的，这庄子莫名其妙就多出了社交功能。愿意来庄子里头取经交流的农户也渐渐多了起来。农户们见知府夫人来了，倒也不敢随意上去搭讪，只是远远的行礼观望。可每回春压走的时候，就会发现马车边总是会有各种农产品堆放在那里。 什么白菜、菠菜、茄子、南瓜、鸡蛋、鸭蛋，偶尔遇到有富农到访，还会有活鸡、活鸭啥的。这些菜春丫一般都不会带回府里，免得被有心之人做了文章。她一般会把这些东西送去府城的宝玉堂，让管事婶子给孩子们添个菜。当然，没有富农的时候，她自己也会斩上一刀肉和菜蔬一并送去。这知府夫人的名声在大半年的时间里就这么起来了，府城里头都说知府夫人人美心善。 怀着孩子还见天的做善事，他家孩子有这么好的父母，一定会长命百岁，平安吉祥。如今这松江府里头，从扬州府来做生意的人还挺多的，特别是偶尔有从沛丰来的客商，一听这知府夫人就是敬怡郡主，他们都会问一句：咱们大干是就只有一个敬怡郡主，没错吧？是啊，怎么可能会有重名的郡主？那不对呀，咱们沛丰的敬怡郡主，臭玩意儿玩起来贼溜，坑起人来那可、哎……倒也不是这么说哈，要不是敬怡郡主爱坑县,县令。 那他们的那些配封号和马上就要贯通的高速路不就没了吗？于是充满质疑的配封老乡话锋一转，对咱们敬一郡主就是人好。这位配封吃瓜客商可是经历过配封保卫战的人美这种话不谈也罢。随着春丫肚子一点点鼓了起来，时间很快就到了十二月底。关木亲在给巡抚大人送了两瓶好酒、几罐好茶、几匹好料子之后，提前了五日带着春丫回了扬州。 到得扬州，小两口先回了趟小家，放好了行李物品，然后才去了伯爵府。此时伯爵府内真正是热闹非凡。佛保佑在上月底产下一男孩，春丫因为怀孕，喜三没能赶回来，这回提前回来，正好赶上孩子满月。虽然宴席放在了明日，但是此时徐家那一大家子人都已经到了。徐英此时也已经怀孕四月有余，而春丫那六个月的肚子也已经很明显了，而燕子更是已经怀胎八月，那肚子更是比春丫大了两圈。 虽然来弟盼弟今日没来，但是听闻外婆说，这两位姐妹也都已经怀上了。如今双弟的织布房因为有春丫他们的照应，生意做得很是不错。今年六月的时候，姐妹俩更是在县城各自置办了套小宅子。既然钱也赚了，屋子也置办了，那生孩子的事儿自然也得抓紧。好在这姐妹俩有招弟挡在前头，吃的苦头少些。再加上在蓝云记三年，吃得好，睡得好，之前营养不良的身体也养回来了不少。 所以两人备孕也就三四个月的时间，便都怀上了。蔡奶奶和文外婆笑得眼睛都找不着，这才叫大丰收啊！人家丰收收粮食，他们丰收收孩子，简直不能更厉害了。然后第二日的满月酒，差点改成了张大夫的专家门诊。没办法呀，原本老徐孕妇就多，再加上赶来吃酒的来弟盼弟，还有说自己这月信不准，一搭脉居然真的怀上了的裴婷，这都多少个了？春丫听闻裴婷也中了，她都惊了。 姐姐，你跟姐夫感情还不错哈。嗨，瞎过呗。不过没想到你姐夫一条腿不好使，另一条腿倒是还行。既然春丫都成亲怀孕了，那裴婷聊起天来也就放开了。嗷、哦、嗷、哦，豆芽别听。娘，婷姐姐说荤话，你管管她。春丫捂着肚子嗷嗷叫。你觉得自己说的少哈？把脉把到手抽筋的张大夫，百忙之后还得抽空损一句女儿。损完女儿，张大夫一抬头朝屋外瞧了一眼，然后就见于夫人。 面带微笑的走进了女宾专用小花厅，然后在张大夫跟前坐了下来。夫人，我有个事儿要求你。”于夫人略带些不好意思的说道。张大夫一愣，试探的问道：“让我把脉？”诶、哎、您怎么知道我是想让您把个脉？”于夫人依旧回答的有些扭捏。此言一出，全场静默。春丫更是小声跟裴婷说：“瞧瞧，瞧瞧，要说身子骨硬朗，还是于氏夫妇。”裴婷用帕子抵住了嘴，死命的忍住了笑。 阿弥陀佛，于夫人是好人，还是他的得力干将，他可千万不能笑出来，到时候于夫人听到不高兴了，再罢了工，他可没法活了。其余的人也都假装自己啥都没听到，吃茶的吃茶，吃果子的吃果子，可耳朵还是竖的像天线，都探向了张大夫和于夫人的方位。此时张大夫已经被惯性思维带着走了，他忍不住打量了两眼于夫人，然后劝他：于夫人，不是我说哈，您都快五十了，真的不适合再要孩子了，太危险了。哎呦，我的天爷呀、啊！ 余夫人一下子脸色通红，我月信都没了，还怀啥孩子？怎么可能是我呀？是我女儿成亲几年了还没怀上。这人一激动吧，什么扭捏不好意思全给抛到了脑后，连说话都大声了。哦哦哦，对不住对不住，误会了误会了。不过按照您这体质，您女儿您要不要也让你女婿来看看？张大夫如此建议。余夫人一拍大腿，可不就是说，我已经把我女婿带来了，就在前头候着。张大夫，我今日多少是唐突了点。 您见谅哈，实在是任继堂说您的号已经预约到了明年三月了。没事没事，走，带我瞧瞧去。张大夫说着就起身跟余夫人走了。待张大夫给前头余家女婿看完了，回到花厅，蔡奶奶很是八卦的凑上前问：“是不是那家女婿有问题？”娘，病人的私隐不能说的哈。对了，宝珠说去接弟弟，怎么还没出来呢？张大夫故意岔开话题。蔡奶奶也是个爽气人。 媳妇不想说就拉倒，她反正已经内心给余家女婿诊断完了，肯定是那女婿的问题，要不然按照于夫人的兔子属性，女儿咋可能生不出娃嘛？他外婆，走，咱们上后院瞧瞧去。诊断达人蔡奶奶牵上了文外婆，就要往外头走，可还没等俩老太太走出大门，就听外头有丫头喊小少爷来了，后头还跟着宝珠奶声奶气的声音：弟弟来了，弟弟来了。很快，一群人就到了小花厅。 诸人皆起身去瞧，就见乳母怀里包了个蜡烛包，里头是孤溜溜转着眼睛的宝君，这小名还是张大夫和徐达研究了一晚上研究出来的，倒也不是他们想要大包大揽，实在是三十取的小名叫宝玉，老两口觉得多少有些不太能接受，这才插手给孩子起了个小名。乳母后头跟着的是包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了俩眼珠子的佛宝佑。其实照张大夫的说法，孩子办满月不太合适，毕竟产妇才出月子。 身体还没完全恢复，孩子也才一个月，接触太多人也不太好。可此时的风俗就是如此，张大夫只求大致能混得过去就行了。所以宝军出街就只是的在大伙面前晃悠了一下，而且但凡有人想伸手摸脸，宝珠就会在旁边大喊：“我奶说了，弟弟的脸不能摸的，大人手上都是脏脏，弟弟只有我能摸。”就很霸气。听宝珠说，是张大夫不准摸孩子脸的，连带着倒玄那爪子都不敢往外头伸。宝军就这么在外头晃了一下。 很快就被乳母带了回去。佛保佑倒是跟大伙儿一起愉快的吃了顿饭，因为张大夫也说了，坐月子嘛，除了身体要养好，心情也得养好。只要佛保佑愿意，别说吃一顿了，天天喊的姐妹们来聚餐，张大夫都说没问题。才生完的佛保佑，生理激素正在大起大落的时候，一听婆母这么说，那家伙感动的就要掉眼泪。春丫立刻阻止他：“大嫂，可忍住啊！我现在这个神经不太正常，看到人哭也不为啥，就想跟着哭，你可得忍住啊！” 可他转头一瞧，徐英已经在默默擦起了泪。宝君的满月酒散席的时候，张大夫总结陈词：诸位，你们以后怀孕最好商量着来，排个班，别都挤在一起，好吧？这一餐饭，哭哭笑笑没个停。谢谢你们饶了我，好吧？张大夫话音一落，花厅里又爆发出一阵大笑。张大夫莫名其妙，这到底有啥好笑的？不知道啊。春丫擦着笑出的眼泪，如此回答。 宝君满月操办完了之后，庞大的老徐家以及徐家后援团又热热闹闹的过了个大年。这回除了老徐家的众人，连带着远在宁海的老庞和石金也一起来凑了个热闹。原本年底就要回京的老庞，最终还是被皇帝通知多留一年再回京。毕竟倭人和弗朗基人如今在吕宋的对战已经进入了白热化阶段，这军火的钱不能及时赚到，皇帝晚上躺床上都睡不着觉。原本这圣旨下来，石金是想抛弃了老庞回京去的。 可高童的十八支提榜来的也晚了些，他又不怎么舍得那么多提榜，便也暂时留了下来，说是拿了提榜再回京也不迟。所以吃完了年夜饭，石金最着急的事儿就是赶紧的把没人该做的事儿做了。于是初二那日，石金就领着高童找了张大夫说要提亲，张大夫自然应允。他早就问过丹燕了，丹燕自己也点了头。石金又说两人八字早揪了小吕道长瞧了，说是极合适的。顺带小吕道长还给挑了个二月末的良辰吉日。 说是婚嫁很是适宜，高彤也已经通知了父母，等过完年，高家父母就会从老家出发，争取能赶上儿子二月底的婚期。其实，在大干，寻常百姓成亲就是这么简单的，只要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定下了婚期就能成亲。对于丹燕马上要嫁给高彤这事儿，春丫和关木青自然是表示支持和祝福的。春丫还包了个大红包给丹燕，顺便问了她以后有什么打算。丹燕立刻表示，她生是伯爵府的人，死是伯爵府的鬼。 若是因为成亲而不能留在郡主身边了，那这婚事不要也罢。这铁骨铮铮的样子可把春丫吓一跳，他连忙拉起已经跪在地上的丹燕，说是让丹燕千万别说这话，到时候高同那幽怨的眼神可能会把他射死。丹燕若愿意继续留在春丫身边，那他自然是欢迎的。到了正月初十，关木清便要回松江，他这回留了春丫在扬州待产，走的时候叮嘱的话说了两箩筐，起码更是一步三回头。而丹燕自然也留在了扬州。 除了日常照顾春丫起居，抽空他还得抓紧准备嫁妆。高童已经在扬州租了个小院子，里头家具摆设皆是齐全的，可被子铺盖一应全无，所以丹燕得抓紧时间好好准备准备这些东西。舍不得十八个提榜的石金，说自己既然做了媒人，那就得负责到底。丹燕忙不过来的时候，他可以帮忙看顾春丫，也可以帮忙采买嫁妆，于是便也顺理成章地留在了扬州，搞得高童吃了老庞的白眼无数。其实也不是石金不喜欢他们家老庞，哎呀。 他在宁海早就已经是涉遍未所无敌手了，很寂寞呀，不如留在扬州，既能跟春丫小姐到处走走吃吃，又能蹭上单姑娘的饭，简直完美。至于老庞吗？哎呀，她是一个负责人的女人，玩高兴了，自然会回去找相公的嘛。关木清临行前一日，春丫想着之后差不多要有两三个月见不到关关，那孕激素一下子上了头，哭得简直涕泗横流。徐达见宝贝女儿哭成了猴，便又开始唠叨：这皇帝的差事真是干起来没意思。 关木清更是差点动了辞官的念头，好在张大夫及时出现，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后骂了这三人几句，这才为大干挽留住了一个中层官员。可人就是非常奇怪的动物，前一日还因为关木清要去松江府而哭得鼻涕眼泪一大把的春丫，到了第二日却又活蹦乱跳了。要不是家里头拦着，他还准备去趟沛丰摘草莓呢。今年的冬草莓已经上市了，扬州的文人骚客连诗词都已经写了好几轮了。 好在康表哥几乎每日都要差人往府城送东西，所以春丫让人带了个话。第二日，伯爵府众人就托了春丫嘴馋的福，尝到了新鲜的小草莓。之后的半个来月，春丫那情绪也正常了很多，连带着嘴也正常了。每日善姑娘做啥，她就吃啥，什么睡前故事、睡后故事的，听不听的也都无所谓了。惹得张大夫直说，春丫压根不是什么孕激素作怪，这货就是恃宠而骄。春丫当然不可能承认自己恃宠而骄，她就说都是因为张大夫实在是太有威严了。 她的孕激素见到张大夫都瑟瑟发抖，不敢造次了。徐达表示：“女儿说的对。”张大夫哼唧一声：“我胸也是被你们坑的。”然后转身走了。真是不想搭理这父女俩，把妻儿留在扬州府的关木清，回到松江之后就成了拼命三郎，往往三天的工作量一天就得办完，办不完就干通宵，经常性的合衣睡在衙门里。反正媳妇也不在，睡在哪对他来说都是一样的。 他现在就想多挤出些时间来，三不五十的可以回去看看春丫。起先关木清回扬州，徐欣还跟着去了一两次，可自家姐夫的铁当功真不是盖的，起码一天都可以不带休息的。徐欣自从磨坏了一次当之后，就再不愿跟姐夫回扬州了。他宁愿留在松江府给姐夫值班，也绝对不会再跟姐夫一起骑马了。当然，高童现在这个耐力也好的很，毕竟跟着关木清都练出来了，所以每回关木清回扬州，高童都必须跟着去。 说是得保护知府大人的安全，实际上反正大家都懂，就是不拆穿他罢了。在这两位铁当工朋友的来来回回中，时间很快到了二月底，高彤总算得了五日的假，何丹燕热热闹闹的把婚事给办了。也算是高彤运气不错，在成亲前两日，高家的爹娘正好紧赶慢赶的到了扬州城。次日一瞧新娘送来的嫁妆里头，居然还有两个贴了伯爵府封条的箱子。那老两口虽然还没见到过新娘子，就已经对新娘极为满意了。成亲当日，更有郡主大人。 挺着个肚子说代表夫君送来贺礼，还特地留下吃了杯茶才走的。高家二老高兴二字恨不能刻在脸上，因为怕高同这儿没什么亲戚不热闹，佛保佑还特地允了自家的小厮丫鬟一日假期跑去高家热场子，所以高家的这场喜宴办的也算是圆满热闹。而头一次做媒的石金也顺利得了他的十八个提榜，全部装起来差不多能装满一个箩筐。得了十八个提榜的石金背着他的提榜就回了宁海。 不过他跟春丫说好了，等他回宁海把贤体榜给做好了，就回扬州来陪他。哎，真的，石金觉得自己太忙了，到处都非常的需要他。到了三月头，春丫那肚子就已经带得非常夸张了，用他的话说是没有再扩张的余量了。另外，燕子和徐三木的儿子也满月了。春丫倒是挺想回三元村看看那句说超期十多天长了个大脑瓜，生产的时候把他娘给惹扔坏了的小侄子。可张大夫怕春丫产期临近，再一颠簸。 生个孩子得叫车生，便不允许他回村探望。当然，比春丫晚两个月预产期的徐英也是不允许回去的。徐家三姐妹，只有徐敏来去如风，跟着大部队回村吃了三木儿子宝弟的满月酒。没错，徐老汉已经决定了，以后他们家第四代就都用“宝”字来取小名。给三木儿子取小名的时候，徐老汉跟徐发就商量好了，男的就叫宝弟，女的就叫宝妹。这小名虽然跟清新脱俗不沾边，但是。 好歹比较各种头强一些，张大夫表示很欣慰，老徐家终于摆脱了头的魔咒。不过这孩子的头真的挺大的，燕子因此下身还撕裂的比较严重。好在张大夫对妇科和外伤还算在行，而且在知道燕子生产的第一时间，他就赶回了三元村，细细密密的帮燕子都缝合好了。燕子自己也不是疤痕体质，所以恢复的还算可以。张大夫跟家里人说，燕子受罪这事儿。 目前千万不能让春丫和徐英知道，她怕他们俩知道了会太过紧张，到时会不利于生产。按照大干如今的医疗条件，顺产是必然，剖腹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所以痛苦的生产过程是春丫他们这些女孩子想成为母亲的必经之路。哎，张大夫只求孩子们都运气好一些，在生产这事儿上能顺利一些。到了三月中旬，随着春丫预产期的临近，张大夫开始进入了一级准备状态。春丫被张大夫要求不能再跟石金满大街转悠去了。 每天的散步运动就在家里头的教场上进行便可，而每天来蹭饭吃的大师傅也被张大夫指派了个任务，那就是教春丫打太极。太极很多动作都比较舒缓，多做做这样的运动，张大夫觉得对春丫顺产有一定的好处。道玄自然不愿意，说要打就打八极拳，太极拳那玩意儿打着不好玩。大师傅张大夫也不生气，只是喊了一声，然后微笑着看着道玄，干什么？你威胁我？道玄开始嚷嚷。 巨肚鸭撑着个腰吐槽道：“师傅，您就这么怕我娘的吗？我怕你娘。”道玄跳脚：“我连天皇老子都不怕，我会怕你娘？赶紧的，给我滚过来！我觉得你如今可能真的可以滚了。那什么，教你太极，主要还是我觉得你这个天分应该学不了八极拳，绝对不是因为怕你娘。”说完，道玄还用余光偷瞄了一眼张大夫。张大夫笑道：“有劳大师傅了。练拳每次不要超过一炷香的功夫，不准上梅花桩，不能有算了。我看着你们练，开始吧。” 我腰疼，肚子大了，春丫就有点懒了。她腰疼，我先走了。道玄正好借机开溜。腰疼是因为你打叶子牌打了两个时辰。行了，你们俩赶紧吧。没有特殊情况的前提下，想要顺产快，这会儿就得多做做这种舒缓的运动。开始吧。张大夫说完，往后退了三步，还做了个请的手势。可怜道玄一个光头和尚，居然被大干第一胸腹拉来给孕妇指导产前运动，这可怎么说的？ 春丫在扬州时刻准备着孩子发动的同时，而关木卿也已经准备回扬州陪产了。他再一次跟巡抚大人要了一个月的假，巡抚大人依旧不想应，还说女人生孩子，男人也帮不上什么忙，回去太久好像也不是特别必要。我家岳父因为我夫人要生产，今年连进京述职都还没去，皇上也允了。关木卿平日对巡抚大人还挺客气的，可今日说这话的时候，语气自带三分怒气。谁不让他回去陪产，他就不想给谁好脸色。 巡抚大人听得此话，头皮都紧了，连忙话锋一转，呵呵呵，那什么，夫人生产，你回家陪一下也是需要的哈，毕竟这还是官知府的第一个孩子，一月的假够不够？不够，本官可以再多允你十天的假。那就多谢大人了。关木卿躬身道谢，换了笑脸抱了拳。这江苏巡抚的巡抚衙门原是在苏州的，但是因为皇帝搞开埠的事儿，暂时就让巡抚去了松江办公。巡抚大人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 希望皇上赶紧允许他回苏州。关木清这臭小子三不五十的在他眼前晃，他看着有点不是怕呀，绝对不是怕，就是有一点点不安稳。不过关木清这回回扬州是一个人回去的，实在是松江府的杂事不少。徐昕主动留在了松江，说是要帮姐夫看顾着基层，让他放心去陪产便是。到时候若真有什么急事，就让高童递了消息去扬州就行了。毕竟在其位就要谋其职，关木清既然做着知府，那也不可能完全做甩手掌柜的。 听到小儿子愿意主动留下跑基层，徐达还是很欣慰的，说：“这臭小子，经过这些日子在松江的磨练，虽然脸黑如炭，但是心思却是越来越锃亮了。”徐欣其实啥都明白，只是控制不住自己的嘴。春丫如此总结道：“你就能控制自己的嘴哈？”打太极打的心头都冒火的道玄，可能也被春丫的孕激素熏着了，见着谁都想抬杠。可因为关木清的回归，春丫今日心情大好，师傅说啥他都无所谓。 只哈哈哈哈笑着，然后勾了关木青的手就往东院去了。春丫因为待产，所以目前搬到了伯爵府住。东院的产房也已经准备好了，万事俱备，只缺发动了。小两口多日未见，关木青回房第一件事儿就是附耳在春丫的肚子上听孩子的声音。不料春丫肚子里也是个皮猴子，可能被他爹压到了，心情不爽，隔着春丫的肚子直接给他爹来了一脚，可把关木青给踢没了。不过春丫就悲催了。 捧着肚子直喊“臭小孩”，踢得他肠子都要断了。关木清一听，这还了得，赶忙盘腿在床上坐好，准备开始给孩子讲道理。可这不讲还好，一讲，孩子踢得更欢腾了，就肉眼瞧着春丫那肚子里头有个隆起，上下左右不停地捣鼓。关木清看的那叫一个目瞪口呆。咱们家孩子好像略微活泼了那么一点点哈，是一点点吗？习以为常的春丫侧躺在床上问道。他才说完话，那肚子又咕噜一咕噜，歪歪扭扭没个停歇。 这也太活泼了，关木青一脸心疼。你肚子疼不疼吧？疼啊，踢得厉害的时候会疼。现在这样捣鼓捣鼓就还行吧。丫丫，你辛苦了。可不是，每天早上还要被拉起来打太极，吃完饭还得散步。你就祝福我生得快一些吧，不然。春丫上上下下的打量着关木青。不然什么？关木青看着春丫的样子，觉得她可能在生完孩子后想用比武来惩罚她。春丫邪魅一笑，不然我就拔光你的腿毛。 哈哈哈哈哈！<laughs> 不会的，不会的，你一定会顺顺利利的。有没有保佑顺产的神仙？我明天就去上香去。看着春丫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和那不安分的肚子，关木清除了笑就再没有第二种表情了。还没等关木清来得及去找顺产之神，春丫在次日凌晨突然就摇醒了他，说自己好像不大对劲。关木清一下从床上蹿了起来，边穿衣服边问春丫：肚子疼吗？破水了吗？见红了吗？这些都是他在丈母娘那儿学来了的。 破水没有，但是好像有点见红，肚子倒也不是很疼，就是发紧，腰酸的厉害，估计快了。要不你先扶我去待产室吧，让丹燕把我娘喊过来。春丫说着话就被关木青慢慢扶了起来。此时关木青整个人都已经非常的紧张了，他一边喊着来人，一边伸手就要把春丫横抱起来。别抱别抱，我可以走，我自己走。你冷静一点，不要急。春丫好歹也跟着他娘给人家接生过几次，知道从肚子开始有反应到把孩子生出来。 运气好都得大半日，运气不好话疼上个一两天就算了，搞得不好可能还要挨刀。再悲催的话不不谈了。所以现在急也没用，孩子一时半会儿还出不来呢。他目前还算淡定，倒是关木清此时长褂也穿反了，鞋袜也不知在哪儿，就光脚踩在地上，准备要给春丫来个公主抱。这人吧，看着比春丫这产妇要紧张多了。听到里头喊人的丹燕，此时敲门走了进来，他问春丫是怎么了，哪有不舒服吗？ 春丫只说自己肚子有点紧，先让丹燕去喊了张大夫来，然后叫关木清把衣衫鞋袜,袜穿好，自己则披上了件厚披风，再让关木清帮忙把鞋子穿好，之后便一手撑腰，一手扶着关木清的手臂，跟个老太后似的往产房去了。心乱如麻的关木清，直到出了房门，才渐渐冷静了下来，虚扶着媳妇儿，慢慢往产房腾挪。那产房就安排在了院子的东厢，春丫走几步就到了。这地方早在十天前就布置好了，里头消毒好的床单。 暴晒过的褥子、干净的毛巾、棉布都是齐全的。春丫到的时候，在院子里听到动静的小丫头已经在开始铺床，准备烧水了。春丫这会儿阵痛来的也不算特别猛烈，间隔也比较长，所以她进了产房也没躺下，而是让关木青搀扶着来来回回的踱步。其实这会儿的春丫甚至有点觉得这阵痛就还行吧，也不是特别无法忍受。痛的时候是腰酸夹杂着疼痛，虽然非常不适，但是也算在承受范围内。 张大夫曾经说过，的确会有那种百分之一、千分之一概率的幸运儿，或者痛点高的人会觉得生孩子的痛是完全可以忍受的。不会吧？不会吧？不会，我就是这个幸运儿吧？丫丫，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关木青问。走着走着，突然露出了笑意的大肚婆春丫捧着个肚子说道：“我好像真的没有特别痛诶我的意思不是我不痛哦，但是这种痛感啊，我没办法形容，反正就是好像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厉害，痛经的痛。” 她真的没有办法跟自己相公解释这样的痛。你现在才哪儿到哪儿啊？真正的产程还没开始呢。行了，春丫，赶紧去躺着去，我检查下。别的人都出去吧，把水都准备起来。丁香和丹燕留下就行了。正好走到门口的张大夫说着话就跨进了产房。诸人听了吩咐，急忙走了出去。春丫则在关木青的搀扶下，乖乖躺到了床上。她问张大夫：“娘，您说我这体质能不能是那千分之一生产不怎么痛的幸运儿？” 虽然春丫比关木清要冷静些，但是她两辈子也是第一次生孩子，紧张是在所难免的。这会儿内心非常渴望，这疼痛程度不要再增加了。张大夫拿了个木质长听筒，走到了春丫床边，回了句：“也许吧，咱们就只能祈祷你运气好了。”然后他转头看着一旁的关木清：“你怎么还不出去？我要检查了。”“我不走，娘，您查吧，我陪着春丫。”关木清一脸：“今天就算是打死我，我也绝对不会跨出产房半步的模样。”可春丫却不干了。 没穿来以前，他可听到过不少男子陪产当场晕倒，或者自此之后武功全废的事情。为了自己下半身不是下半生的幸福，再加上春丫也觉得，哪怕做了夫妻，拉屎撒尿生孩子之类和下三路有关事儿，也不用互相观摩，哪怕夫妻之间也多少保留点隐私吧。所以，他还是坚持让关母青出去。当然，张大夫肯定也是希望关母青赶紧出去的。他以前在妇产科待着的时候，这种嘴上说着我一定要陪着媳妇。 实际上，产妇还没怎么样，陪产的男人却因为紧张而导致晕菜的，还真不是一个两个。张大夫怕关木清太过激动，到时候反而逃手脚，还是让他待在外面，张大夫才能集中精力，全力以赴地帮春丫把孩子顺利生下来。他见关木清沉着，定不肯出去，而春丫这头又开始喊腰酸肚子痛了，张大夫便直接赶人去去去，别在这儿耽误功夫，赶紧的去让丹姑娘做点吃的送进来。你爹他们也在外头呢，你们都在外头候着吧，在这儿只会妨碍我，赶紧走。 谁的话都可以不听，丈母娘的话，关木青却不敢不听。他只能叮嘱了春丫几句，便起身出了产房。等春丫过了一阵阵痛，张大夫便用那造型独特的木质长听筒听了下胎心，胎心好的，你忍一下呀，我帮你做下指检查。张大夫说完，就用丹燕端来的水反反复复把手洗干净了，还让丁香帮春丫准备好了姿势，然后问春丫准备好了吗？不知死活的春丫答了声：“嗯，来吧。”然后啊,啊啊啊！ 阵痛可以忍，这只检查根本忍不了啊！检查完毕，张大夫洗净了手，说道：“起来走走吧，一会儿吃点东西。”我要生了吗？自己喊得脑壳疼的春丫问道。呵呵，二指都没有，等着吧。张大夫淡定地回答道。可此时外头响起了徐达的喊声：“生了吗？春丫生了吗？男孩女孩？”张大夫走到门口，说了声：“多吃早饭去吧，一时半会儿的还不生呢。”那春丫有想要特别想吃的吗？ 我马上让丹姑娘准备，关木青立刻喊道：“吃面，手擀面。”产妇此时还有闲心呢，可等到手擀面真的端上来的时候，春压着阵痛就不一样了。虽然间隔时间没怎么变，但是她那老腰每次却酸得更厉害了。她问张大夫：“她算不算正常？人家都是肚子疼的受不了，轮到她怎么就觉得是腰要断了呢？”还没到真正痛的时候，到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腰被车轮来回碾压了。 趁着现在还吃得下，赶紧把面吃了。不吃东西一会儿会没力气生产的。张大夫说完，把一碗撒了葱花、肉末的手擀面推到了春丫面前。一碗面，春丫分了三次才吃完。没办法，这阵痛来的时候，实在是没法吃下去东西。吃完东西，春丫便又让丁香和丹燕搀扶了来来回回在房间里走。也不知道是因为春丫哪怕怀孕之后，依旧每天都坚持出门晃荡。 还是因为这人体质就是如此不怕疼，等吃完手擀面才晃荡了没两圈，春丫羊水就破了。待她躺回床上，嗯,嗯啊呀的疼了两回。张大夫再一查，好家伙，这都开了七指了，开指开得这么快，张大夫也是始料未及。他赶忙让丁香、丹燕把消毒过的剪刀、毛巾都准备好。春丫这说生就要生了，待的再一次的阵痛来临，春丫感受到的依旧不是狂风暴雨的疼痛，而是令人抓狂的腰酸。当然，痛也有。 但是这痛感夹杂在好像泡在五百年陈的老陈醋里的那种酸胀感中，就显得不那么强烈了。娘，我的腰要断了啊！像是被什么东西腐蚀了，我的腰哦。哦，别喊，别喊，先别用力。我说了用力，你再用了。张大夫一边说着，一边做着最后的检查。丹燕和丁香则在一旁劝慰着春丫，让她千万忍一忍。不行不行，我忍不住了，我要用力，让我用力。春丫觉得只有拼命的憋气用力。 才能缓解一点腰酸到好像整个人都要被腐蚀掉的感觉。此时，张大夫已经做好了最后一次检查。好家伙，才一个多时辰，他差点连孩子的脑瓜子都要摸到了。是时候开始分娩了。张大夫让丁香、丹燕抓好春丫的腿，再塞了个棉巾给春丫，让她想喊的时候就咬住棉巾，不然一会儿喊出了声，容易泄气。而春丫则死死地抓住了架子床的床杆子，等到张大夫一声令下，用力往下用力。 他便使出了浑身的力气，双手拽紧了床杆子，跟憋那啥一般，拼命往下掌力。此时外头的关木青正在院子里疯狂地兜着圈子踱步，恨不能在这小院里掀起一股龙卷风来。站在院子里一起等着消息的徐家父子和佛保佑，被他转得简直晕头转向。还是徐达忍无可忍，喊道：“行了，别转悠了，我要吐了。”关木青这才停下了脚步，问徐达：“爹，我要不进去瞧瞧吧？”妹夫。 我都不准进去呢，你不要急，再等等吧。前头丹燕不是说，娘觉得春丫这孩子今天能不能生下来还不一定。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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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产房里突然传出了嘹亮的婴儿啼哭声，众人皆是一愣，然后徐达第一个拍了大腿喊：“生了呀！”关木清二话不说就要往产房跑，却被徐达一把抓住：“别去，你娘正在给春丫处理呢，你别进去捣乱。”是啊，徐磊已经完全忘了自己第一次当爹，紧张到晕倒的经历。 他这会儿倒是有脸劝关木青，你别急，里头有娘和丹燕丁香呢，再等等，孩子马上就会送出来给你瞧的。可此时的关木青哪里听得住这劝？说好了要陪春丫的也没陪，这会儿他就想知道春丫如何了，所以他要进去，一定要进去，他就想看一眼春丫到底怎么样了。其实此时的春丫手里头正抓着从床栏上薅下来的两根杆子，愣愣地看着自己的女儿。是的，她生了一个看着像猴一样的女儿，为啥呀？ 为啥像小猴子？怎么皱皱巴巴的呀？春丫眼泪汪汪的看着抱孩子的丹燕，一旁的丁香赶忙捂住了孩子的耳朵。丹燕也劝春丫说：“郡主，咱们家小姐就算漂亮的了，孩子在娘肚子里待了那么久，出来都是这样的呀。”张大夫也从春丫双腿间抬起头来：“别胡说八道，你这是没瞧见过人家早产的，那才真的像小猴子。咱们这娃呀，我瞧着这鹅蛋脸、高鼻梁，以后肯定长得好看。你别乱动，正缝伤口呢，别到时候恢复不好再来赖我。” 娘，你哪里看得出我女儿是高鼻梁？自家的孩子，实话实说，真的。春丫甚至看不出这孩子鼻梁在哪里。她这话一说完，就听外头声音吵闹，听着好像徐达在跟关木青说什么。张大夫手上不停，嘴里头喊道：“肯定孩子爹急了，丹燕，你把孩子抱出去给他们瞧一眼，顺便说一下产妇平安，还力大如牛，把床都给拆了。”听张大夫说到这个，春丫连忙把拽在手里的杆子给了丁香，解释说不是自己力气大。 而是这床质量肯定有问题。此时院外的徐达和徐磊，一个抱着腰，一个扯着腿，死死地拉着关木清，不准他进产房。而关木清又不好真的动手，把岳父和大舅哥一脚踹开。佛保佑一脸无奈地看着三个人，劝也不是，不劝也不是。三人正僵持着呢，就听吱嘎一声，产房的门开了。丹燕抱着孩子站在门口道喜：“恭喜姑爷，郡主生了个小姐。”“呦呦呦呦，乖乖乖乖。乖乖”乖乖 外公的小乖乖，让外公瞧瞧。徐达立刻放开了关木青的腰，准备上前看小外孙女去。可他动作再快，也快不过关木青。到底还是关木青第一个看到了他的女儿。是否康健？关木青看着躺在丹燕怀里的蜡烛包里翘起了两根手指头的孩子，这般问道。康健的很，哭声都比别家孩子要响亮呢。丹燕笑着回答。关木青伸手摸了下孩子露出来的手指，细嫩弱小。 却给了关木清无穷的力量，他当爹了，从今往后就会有一个小妞妞追在他后头喊着爹爹，他可以用一生慢慢守护着他长大。原来为人父的责任居然可以如此甜蜜，心中正有无数感触的关木清被徐达一屁股给弹开了。看完了，让一让，乖乖，外公来了哟。这孩子跟宝珠长得也挺像啊。被弹开的关木清从站在门口的丹燕身边侧身而过，走进了室内。孩子可以之后再慢慢看。 他现在就想看看春丫到底如何了。此时，张大夫已经帮春丫处理完了下头的侧切伤口。没办法，孩子有六斤多，不侧切就很容易撕裂。如果撕裂的话，这伤口就更难处理了。他见关木清进来了，倒也不准备赶人，而是让他去把筋疲力尽的春丫抱起来。他要和丁香一起把床上的褥子换了。关木清走到春丫跟前，看着因为太过用力抱了毛细血管，导致脸上都是小红点的媳妇，心疼不已。让你受苦了。 关木卿轻声说道：“嗨，咱们谁跟谁，别跟我这么客气。”春丫生完孩子之后，这嘴皮子就又开始不老实了。行了，要说一会儿等咱们都出去了，你们好好诉诉衷肠。现在赶紧把人抱起来，等我把褥子换了，事情交代完了，可能还赶得上仁济堂的门诊呢。张大夫真的觉得春丫这孩子也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屎运，这娃生的真的太顺利了，苦头自然是吃了的，但是比起大部分的产妇，春丫这苦头吃的算是少的。 没想到自家女儿居然真的是那种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幸运儿。很快，在张大夫麻利的行动指挥之下，春丫的褥子什么的都换好了。张大夫也建议春丫一会儿喂母乳试试，怎么喂、喂多少什么的，可以让佛保佑教她。不过乳母还得请一个，到时候晚上春丫就不用起床喂奶，可以睡个整觉了。充足的睡眠对产妇的恢复和心情也都是很有好处的。张大夫洋洋洒洒,洒叮嘱了不少事项，关木清都一一记了下来。 说一会儿马上就去办，等把春丫和孩子都安顿好了，张大夫这才要了马车，真的开工去了。不是他太过拼命，实在是很多患者都提前了小半年预约的他的门诊，人家等了那么久，他不去就真的太辜负病患了。在仁济堂门口，张大夫还遇到了昨天又住在仁济堂的徐敏，他是听闻春丫要生了，正准备回家瞧瞧去呢。见到张大夫，徐敏心里头一紧张：“春丫姐没事吧？”“没事啊，生了个女儿，你瞧瞧去吧。”说完。 张大夫便急匆匆地进了仁济堂，徐敏哦了一声，往前走了两步，然后才反应过来，什么已经生好了，这么快？他这个反应吧，其实也是听闻了消息，赶去伯爵府的众人的反应。昨天还见春丫跟个孩子似的呢，今天一上午这人就把女儿生下来了，这速度简直令人惊叹。连带着老宅众人听闻春丫两个时辰搞定一个娃，那都惊讶极了。燕子更是直接羡慕哭了，说春丫的确是传说中的好命人。 到的孩子喜三，家里亲戚又重聚一趟。徐老汉问起孩子的名字，关母清答说：“小明是春丫之前就起的，叫豆芽。豆芽可不行。”蔡奶奶反对，听着就瘦瘦小小的，不行不行。你们老关家也没有你同辈的亲戚了，不然你们小明就跟咱们徐家起的一般，用个宝字吧。”徐老汉提议。行，关母清点头，那边叫宝姐。徐老汉不假思索地说道：“那以后要再生个女娃呢？” 徐达突然想到，难道叫宝妹儿？可以叫宝妹、宝娃、宝根。原本觉得宝姐儿这小名不怎么好听的关木清，瞬间释然了。那小名便叫宝姐儿，听爷爷的。大名咱们起的是关书童，爷爷觉得如何？很久以前，春丫曾经嚷嚷过以后得招赘的事儿，可真的到了嫁娶的时候，春丫也不想驳了关木清的面子，非得搞什么入赘。毕竟他还得在官场上混，所以这招赘的事儿，春丫只当是玩笑，没有再提起。 成亲是想跟这个人好好过日子，而不是非要跟他争个高低是非。老徐家反正多的就是孩子，反观老关家，所以春丫对于曾经放出来的话也并不怎么放在心上。孩子姓关姓徐，其实有啥关系？不都是他的孩子吗？不过关木清却说，既然他答应过，那肯定要做到。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姓关，那第二个就姓徐，第三个姓关，第四个姓徐，以此类推，惹得春丫直骂娘，说关木清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等她做完月子，就给她把腿毛全揪了。这关书童的名字倒是得到了大家一致的肯定，说这名好歹比春丫好听多了。最后蔡奶奶总结下来，读书还是不亏，哪怕考不上功名，给孩子的起的名都能好听上一些。等到了四月底，吃完了宝姐儿的满月酒，徐达就准备上京城述职去了。大干海关总署发售的大干第一期商品编码目录已经全部发放完毕，当然发放归发放，输钱还是得收的。 通关协办人员的资格证也已经考了几批了，到的七月里，未取得资格证的人就不可以再帮商行清关了。最后还有两个月的时间，大干各家海贸商户都可以冲刺一下。另外，去年的税银已经分批送去京城了，皇帝已经对徐达表示过无敌霹雳满意了。而大干海关的组织架构，在这两三年的时间里已经搭建的相对完善了，当然也不是说没有改进的空间。可用徐达的话讲，就是得留点活给下一任，要不然闲着容易出问题。 可以说，徐达的大部分工作都已经顺利完成，所以这回去京城，他就是跟皇帝辞职的。至于张大夫问，万一皇帝还想要他继续干三年，到时候该如何应对？徐达非常自信的拍了拍随身带着的一个匣子，办法就在这里头。行了，我走了，家里头就交给你了。说完，他还趁着周遭没人，白、A、g 着亲了张大夫一下脸蛋，惹得张大夫直骂人，让他赶紧的滚。徐达在半个多月后抵达了京城。 这人原本还想找了京城旧友先喝个酒、吃个饭呢，没想人刚跨进伯爵府没多久，就有宫中内侍来宣他进宫。是你们？徐达狐疑地看着要和他一起进宫的荀州和西风。荀州立刻撇清：“爵爷误会了，咱们这一路上只要经过驿站，都会有人向上汇报的。一旦进了京城，您所有的行动就都在皇上眼皮子底下了，跟咱们没有关系。”是啊，一直捧包的西风今日则捧着徐达带来大木盒子。咱们这回回京也是最后一次跟皇上汇报了。 之后爵爷辞了官职，咱们也会从暗卫调离出来的，真没那个必要把工作做得那么认真。最后一班岗嘛，随意站站就得了。反正钟永伯到底是不是忠心，这种事儿在西风眼里真的觉得根本就不用问。按照他这几年的观察，如果说大概只有一个忠臣，那也必然就是钟永伯无疑。要不是因为自己人微言轻，他早就想好好跟皇上说说了，监视钟永伯真的没啥必要。徐达一听这两位梁上君子马上也要解脱了，便随口问了他们一句：今后有什么打算？ 西风刚想答话，在府外候着的内侍便来催了。寻舟道了一句：“爵爷，咱们先进宫，回来再具体说。”徐达这才带头走了出去。走之前还不忘吩咐秋芬，让他晚上多备点菜，再喊了金牙人来，一会儿他们一起整上一杯。这京城伯爵府没有因为主子不在而显得萧条，家具摆设依旧保持着徐达他们住京城时候的模样，甚至因为徐达他们不在，这地方反而更显得干净整洁了。就光看院子里的花花草草，都给修剪出造型来了。 徐达就知道，郑夏他们平日里肯定好好打理了，没有偷懒的。虽说他是主子，可也得恩威并施不是？一起吃个饭，喝个酒，也算是对老郑一家的肯定。秋芬笑呵呵的应了，说晚上一定置办好酒菜给爵爷接风。而郑夏则赶忙去赶了马车，跟着徐达走了。这皇帝召人吧，向来管接不管送，所以郑夏得跟着一起去，总不能一会儿让爵爷自己腿着回来。几人乘着马车，很快便到了宫门外。徐达下了车，由内侍领着往宫门口走去。 跟在徐达后头的西风则依旧捧着那大木盒，寻州问他要不要帮你，赶紧的吧，捧不动了。西风把大木盒子递给了寻州，他也不知道里头到底装了啥，总之就是重的很。给木盒子的时候，西风还是老老实实的把盒子给放在了地上，然后自言自语道，还是这么给太平点，万一不小心砸了，这玩意儿就是我的骨灰盒了。 虽然不知道里头装了啥，但是看钟永伯千里迢迢从扬州赶来京城的一路上，把这盒子都带在身边，现在还带进了皇宫，西风就知道里头肯定装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寻州忍不住叹了口气，这才从地上重又捧起了盒子。二人跟着徐达往前走去，到了宫门口，侍卫让寻州把木盒子打开，他要检查。西风和寻州两人这才知道了这盒子里头装的到底是什么。这会儿，西风异常的庆幸，把这玩意儿甩给了寻州。 这么一大盒子的东西，若是坏了，爵爷可能会把它就地正法。宫门口的侍卫检查了大盒子里的东西，没有什么问题，很快便放行了。三人跟着侍卫快步到了御书房门口，此时尚公公已经在御书房门口等着了。荀州赶紧把东西交接给了尚公公，然后跟徐达到了了生别，便往皇城内的禁军衙门去了。尚公公看着地上的大木盒子，问徐达：“爵爷这是给皇上带的扬州特产？”“嗯，算是吧。您真是有心了。” 皇上就好扬州的这一口，爵爷这回带了不少啊。尚公公这会儿开始无比佩服寻州的臂力，这么重的东西，这人是怎么做到抱着，看起来一点不吃力的？徐达看尚公公搬那盒子，就觉得危险。尚公公，您还是让别人抬进来吧，别勉强自己，万一摔坏了，我这一时半会儿还真拿不出更多的来了。尚公公直起身，毫无尴尬的笑道：“那奴才立刻进去通报去，爵爷您在这儿等等。”说完便转身进了御书房，徐达则站在门外，略微整理了下发冠长衫。 他这一路风尘仆仆的赶来，衣服也没换，胡子也没修，仅因为赶路都三天没洗澡了，身上男人味十足。好在这天还不算热，不然就是孜然味儿了。徐达才掸完了长衫下摆的灰，上公公就出来请了。进的御书房，皇帝见到的就是一个小碎发炸了一脑门，满脸络腮胡，衣服灰秃秃，肚子圆滚滚，脸上却乐呵呵的笑着的一只憨熊。微臣叩见皇上！徐雄一咕噜跪了下去，朝皇帝磕了个响头。 皇帝见他这般模样，嘴里头嫌弃徐达这不修边幅的样子，简直是不把他这皇帝放眼里。可他心里头却是乐呵的很。哎呦，这玩意儿一年多不见，别说，还是怪想念的。这人吧，还跟之前似的，没点讲究。走近一些，还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说明啥？说明徐达这货的确赶路赶得挺急的。想必这货也是急着见他吧？其实皇帝多少是有些误会了，主要是张大夫不在身边，徐达就过得有些放肆。 睡觉不洗脚，人生多美妙。君臣二人见了礼，皇帝才想开口问海关的事儿，上公公就带着人把徐达的大木盒子给送了进来。见到这大木盒子，皇帝却有点不满意了：“徐达，你这带的特产也太少了吧？”皇上，这回微臣带的可是不一样的。徐达笑着想去开放在了圆桌上的盒子，可转念一想，他突然开口道：“不过皇上，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微臣这回回京得跟皇上好好汇报汇报咱们海关的工作情况。” 皇帝虽然心中大骂徐达这货不是人，这都临门一脚了，居然不开盒子，可他也不能直接问你到底给朕带了什么好吃的，做皇帝不要面子的吗？不过海关的事儿还是得听听的，毕竟大干的海贸再这么发展下去，关税超过盐税也指日可待了。于是皇帝虽然惦记着箱子里的东西，但是还是在罗汉榻上坐了下来，还千年难得的给徐达赐了座，看了茶，然后徐达便如此这般。 这般如此的，把海关这一年多干的事儿，还有对未来的发展规划，都跟皇帝简要说了一下。上海港开埠的成功，和大量以前驻扎在吕宋的侨商、洋商放弃吕宋，选择大干港口作为新的落脚点，这些利好消息，大大刺激了皇帝对发展东部沿海的兴趣。听完徐达的发展规划，皇帝当下就决定，今后几年要以宁海县和上海县作为示范，再在东部沿海新开几港。徐达还说，咱们不但要让别人走进来。 咱们自己也得走出去，这造船业也得发展发展。他们扬州府的大如皋就是个造船的好地方吗？其实春丫还想过，贸易除了往东走，还能往北、往西都行。但是现在北境的边墙建造还没完成，跟鞑子之间的仇恨一时半会儿也化解不了，所以这事儿目前不能随便提，得等到他们北边真正把鞑子给干服了，边境开始渐渐有贸易往来了，往西北走这事儿才能被提及。反正这事儿不能急，一急容易丧命。 所以徐达这回来跟皇帝汇报的重点还是往海里头去的事儿。皇帝听徐达这么一说，也点头称是，说这事儿到时会得让司徒再多关注关注，官办的船务倒也可以安排一下。徐达听皇帝提到了司徒知府，便清了清嗓子问：“不知皇上对微臣办的这些差事可还满意？”皇帝点了点头，然后发现不对，徐达说这话可能有坑，他突然抬头眯了一下双眼，满意如何？不满意又如何？太狗！ 呃、哦，怎么着，还想说话不算话了？徐达就知道自己如此之优秀，皇帝轻易是不会放他下岗的。心中虽然口吐芬芳，但是徐达面上还是乐呵呵的。不敢，不敢，微臣哪儿敢如何？只是微臣如今已把大干海关的组织架构和发展方向都梳理清晰了，也是时候兑现当初的承诺，从这海关关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了。说完，徐达从怀里头掏出一封辞呈，放在了皇帝右手边的茶几上。皇帝也不拿那辞呈。 只端起了茶杯，撇了撇茶沫，慢悠悠地喝起了茶，每个动作都非常的缓慢，慢的徐达都恨不能替他喝。此时皇帝心中也正有两个小人在打架，一个说他走便让他走呗，他走了才能证明当初开设大干海关这货的确没什么私心。另一个说走，想得美，留下这么大一个摊子找谁接？这货就得留下，给朕好好的赚钱。走个屁！一个说不走。 不走，万一大干海关信了徐怎么办？另一个说，难道换了一个大干海关就没有信了外姓的风险了吗？徐达好歹还算干得不错，思路也跟得上阵，万一换了个垃圾，这摇钱树被种坏了，算谁的？皇帝脑阔疼。皇上，徐达见皇帝脸上那忽闪的神情，突然开口了。皇帝这才放下手里头的杯子，说道：“你这事儿，朕要再想想。”不是，皇上，微臣请辞，不单单是因为当初的承诺。 更是因为微臣还有别的事儿想为皇上办，徐达一脸恳切的说道。哦，一听徐达又要搞事儿，皇帝就不知为什么有那么一点点的兴奋。什么事儿还需要你为朕来办？皇上请看，徐达走到了小圆桌旁边，打开了那大木盒子。皇帝也跟着走了过去，瞧了一眼木盒子里头的东西，然后略带着疑惑的问：“什么意思？你问洋商买的，这又干朕何事？这一盒子东西不是其他，而是一盒子的玻璃。” 不是酒杯，不是花瓶，不是盛器，而是平板的玻璃片，每片有一册书的大小，一共五十片，用棉花隔开叠放在了一起。听皇帝这么问，徐达歪嘴一笑，轻声说道：“皇上，这是咱们大干自己产的。”什么？皇帝的音量突然拔高了。你是说，是我们大干自己烧制的？没错，就是咱们大干自己产的。我家女儿机缘巧合，在宁海找到了三个洋匠人，他们说自己以前在弗朗机做过玻璃工坊的学徒工。 于是春丫把人请到了配风，造了个小窑炉，花钱买了矿沙，尝试了无数次，也失败了无数次，最终得了这五十片的平板玻璃，微臣就带来献给皇上了。徐达说完，从盒子里拿出一片玻璃，递到了皇帝手上。皇上您看，这烧制平板玻璃的工艺现在还极其不稳定，想烧出这么一片，起码得废掉十片，折损率能有九成。而且您瞧，这里头小气泡、杂质、色差还是太厉害。 微臣就想着，从海关退下来之后，就专职搞这些研发。到时候咱们可以改良工艺，争取把这玻璃做得又大又透亮。当然，能干的还不仅仅只有烧制玻璃一件事儿，微臣还想造出不用火就能亮的灯，不用马就能跑的车，不用风就能航行的船。你怎么不去找那姓吕的倒是一起升天？你这愿望实现起来还快一点。皇帝实在是忍不住了，才杠了徐达这么一句。其实他现在的心思，就全在手里头这片玻璃上。 徐达说的小气泡、杂质不够透亮的问题，皇帝的确瞧见了，但是这算是问题吗？根本不算。这玻璃在皇帝的眼中，那就是透明的呀，透明的玻璃，而且是成片的。老实说，宫里头出去官办采买，都不买不到这样的。市面上能买到的最大的平面玻璃，恐怕就只能是镜子了。可现在的镜子也不过一个茶碟那么大小，但凡脸大一点，都恨不能退后十步才能照得到全脸。 而这里却有整整五十片平整的书册大小的玻璃。老实说，皇帝脑子里第一个想法就是发了。他恨自己如此是快，可这就是他的本能啊！皇帝也不能阻挡自己的本能啊！他犹豫了，他真的觉得可以让徐达把这事给好好干起来。毕竟哪个会嫌钱多？皇帝心中还有无数的暴富，每个暴富都需要钱啊。可海关怎么办？ 不过徐达可不知道，就短短一瞬，皇帝心中会有无数的逗号、句号、问号、感叹号。他听皇帝杠他，他还解释呢：“皇上，您可别小看这些天马行空的想法，微臣就时常会想，这天地万物肯定是有一定运转的规律的。不然大海为什么会有潮汐？月亮为什么会有阴晴圆缺？火药为什么会爆炸？硝石为什么可以治冰？为什么？”皇帝被徐达的“为什么”给问蒙圈了。不知道啊，徐达耸肩。 你是不是有病？要不是看在这货老老实实把玻璃送回来的份上，他真想抽死他。不是微臣有病，皇上，是微臣对生活充满了疑问。有疑问，咱们就得去找答案。在找寻答案的过程中，也许微臣就能造出新的机器，或者得到什么新的技能，一切都有可能。徐达这么解释道。这话倒也不假，皇帝想，徐达的确是一个瞎鼓捣就能鼓捣出好东西的人。把他放在海关，按部就班的干活，的确有点浪费他的才能。 从纺纱机、织布机到连弩、手枪、火炮、霹雳炮，再到今天的玻璃，皇帝突然虎躯一震。是了，徐达的确是个天马行空却又真能撺掇出东西来的人。他缓缓问道：“那如果你走了，谁来接替你的位置？你想过吗？”前头皇上，您不是还提了司徒大人吗？微臣觉得司徒大人就很不错呀。至于他们家女婿嘛，徐达觉得现在还不是时候。老丈人退位，把女婿给顶上去，这玩意儿在这多疑的皇帝眼里头。 等于是徐达没退位，还想把自家女婿也弄去海关了。但是司徒大人就不一样了，一来他对扬州熟悉的很，二来皇帝也挺信得着他的，三来嘛，司徒知府一来二去的，跟他们伯爵府也算是相熟了。自从海关总署在扬州开衙，司徒知府明里暗里也出了不少力。徐达看他这政绩虽算不上多好，但也还算过得去，所以想着卖他个面子也无妨。听徐达提了司徒知府，皇帝倒是挺满意，司徒倒是还行，不过朕还得再考虑考虑。 待过几日，看了吏部考绩，再跟内阁商讨商讨吧。行了，你先下去吧，朕有了决定会再通知你的。说完，皇帝便喊了尚公公，把徐达送出了宫门。徐达走后，皇帝立刻喊了荀州和西风来斥责：“你们俩这探子干得好啊！徐达都开启了玻璃工坊了，为何朕一点消息都没有？”荀州和西风立刻单膝跪地，回禀皇上。荀州抱拳道：“卑职不是为自己找借口，实在是这工房不是爵爷开的，而是郡主开的。” 西风也道，爵爷人在扬州，郡主开的宫房在沛丰，爵爷也没去过那宫房，所以卑职也没去过那个地方。不过卑职二人在密函中的确写了，郡主将在暮春庄开窑，因为当时那窑炉是爵爷去采买的，但是卑职的确不知道那窑居然是个玻璃窑，卑职探查不力，还请皇上责罚。寻州双膝跪地，朝皇帝磕了一头。西风暗骂这货太实诚，但是也跟着磕了头。你们写了，朕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去。 找出来给朕看，若是胡说，朕定不轻饶。皇帝是真的觉得自己从来没看到过春丫开什么窑的事儿。尚公公很快叫人搬出来了这两年的密函，整整两大箱子。好在巡州还记得这份密函是什么月份写的，他按照年月时间一找，很快就在一大堆的信件里头找出了那封写了春丫要造窑炉、开窑厂的密函。皇帝捏着那密函看了眼，嗨嗨，倒是真的写了。可那玩意儿是跟春丫种无籽西瓜和草莓啥的写在一块儿的。 太坑人了，这谁还关心窑炉的事儿啊？没话说的皇帝只能假意说道：“朕日理万机，偶尔看漏也是有的。不过主要还是你们没有写清楚，你们俩便罚俸三个月吧。”寻州和西风赶忙谢了。待二人要退出御书房了，皇帝突然想到钟永伯那儿，你们以后不用再监视了。西风一听高兴的很，才想要磕头谢恩，就听皇帝话锋一转：“但是以后你们俩就明跟着他吧，到时候让禁军把你们转去都督府领个职。” 以后你们也不用事事都上报了。若朕想知道什么，自会有书信到你们手中。你们父母家人都还在京城，切记送回京的密函还是得详实。寻州立刻抱拳道：“卑职领旨。”才想高兴的西风，这会儿却高兴不起来了。但是他还是抱拳道：“卑职领旨。”出了御书房，西风看着寻州的表情就很不对劲。你为啥要笑？不能留在京城，有啥好笑的？西风原本还寻思着不干探子了，就能回京找个媳妇了呢。 现在美梦落空，他都要哭出来了。寻州居然还笑，没有啊，我没笑啊。寻州咧嘴看向西风，你在扬州是不是有相好的了？说，是哪个花楼？哦哦，你有病吧？打我干嘛？西风被寻州突如其来的一巴掌差点拍晕。你在信口雌黄，我就对你不客气了。她是极好的姑娘，怎能用那种地方的女子来说她？寻州急切地说道。西风崩溃了，什么？ 你有你有相好的姑娘了？我怎么不知道？谁？到底是谁？二位大人，宫内严禁大声吵嚷，有路过的内侍实在是忍不住了，提醒两人。嘘<去>，回了扬州你就知道了。说完，寻州长腿一迈，快步跑了。西风还压着嗓子嚷呢：“谁？快告诉我！你今天不告诉我，我不活了！是不是丁香？”他其实也只叫得出这一个名字。哦，不对，还有丹燕，不过人家已经成亲了。 荀州才不搭理他，直接加快步伐，跑了个无影无踪。此时出了宫门的徐达，正坐在马车前头，跟郑夏有一搭没一搭的说着话。京城伯爵府一切都好，配风小馆因为有八王爷等人的光顾，如今已经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店了。买个酱菜还得排队。任济堂的号依旧不好约，但是因为如今经过任济堂培训的挂牌大夫也多了，所以相对来说比以前是好多了。以前半年能约上的大夫，现在如果不挑男女大夫的话，一个月就能约上了。 免费的卫生讲座，仁济堂照样是一月三四次的办着，这已经成了仁济堂的保留项目了。甚至金兆福也拿出了一笔赏银，鼓励仁济堂把这讲座办下去。毕竟大概目前医疗条件有限，年景差的时候就容易有食疫，官方就想让仁济堂多多宣传宣传防范的法子。不过徐鑫他们以前办的免费认字小课堂已经停办了，倒也不是因为学子们不想办了，而是因为太子殿下办的义学，京城开了好几家，三无书社的小课堂就没必要开了。 书社的社员也会去义学做义工。池英杰上回科举倒是考到了个功名，毕竟考不上功名会有性命之忧。他年纪还不大，倒也还不怎么想死。他还通过侯府当家主母的一番操作，在吏部谋了个差事了。哪怕以后伯爵府没了爵位，池英杰靠自己估计也是饿不死了。建安侯府主母的操作，自然是通过吴夫人来搞定的。如今他们京城的这波夫人，什么八王妃、关静、吴夫人、建安侯府主母、永义侯夫人。 安阳伯夫人几人搞了个毛衣社，三不五十的一打毛衣，交流花样的名义聚在一起，偶尔搞些不违反大干律例的利益交换，比如说迟英杰进吏部这事儿，吏部名额本也有限，如果没路子，那肯定就进不去。但是有了这样那样的路子，迟英杰自己本身也有功名，那就好说了。当然喽，这种事儿反正到处都有，哪怕皇帝皇后知道了，其实也不会说什么的，因为本身这事儿就不违法度。当初看不上这些人的勋贵，此时再想加入这毛衣社，不对起。 没戏，偶尔有夫人能蹭进这些人一次两次的聚会，那基本都得往蓝云银行存个一两万的银子，才能得到单次聚会的帖子。徐达听到这儿，不免嘎嘎笑出了声。你说这帮夫人哈，玩起手段来，一点不比咱们老爷们儿差。可不是，赶车的郑下说道。听说因为王妃、太子妃和皇后娘娘也热衷打毛衣，所以宫里也流行起了打毛衣，时不时的还得比一比谁打得好呢。听说皇上还得做过两次裁判。 那咱们皇上的毛衣怕是要穿不过来，哈哈哈哈哈！徐达脑补着皇帝套了十件八件粗毛衣的样子，只觉得好笑不已。郑下也不敢笑，只能扯开话题。如今咱们京城蓝云记，不料买卖反倒成了小头，大头已经被羊毛线给占了。马家现在运羊毛线来，已经都要用车队了。马家兄弟每次带回去的货品也越来越多了。他们说，最起码在他们那儿，因为造边墙征用的徭役多，太子盯得又紧，镇北王也不敢太苛待徭役。 基本每个月都能按时发放工钱，再加上卖羊毛线、做点小本买卖的人也不少，达子这几年也没再来过，所以老百姓日子比以前是好过多了。那就好，徐达欣慰地点了点头，倒也不枉费我差点把一个胳膊扔在北京了。对了，咱们徐记现在也做纺纱机的买卖，咱家的机器可比他们北京老掉牙的货好用多了。下回老马家的来送毛线，你跟他们提一嘴，问他们有没有兴趣了解一下。 徐达主要是嫌弃现在的羊毛线还是粗糙了些，最好赶紧的把羊绒线搞出来。他想让张大夫给他弄几件轻薄又暖和的羊绒衫。张大夫虽然缝缝补补不行，但是打毛衣还是可以的。郑夏爽快的应了声好，主仆二人这便到了家门口了。此时金牙人他们都已经等着徐达了，见徐达回来了，诸人皆上前问安，连带着郑夏的儿子都由小草牵着给徐达磕头问了好。徐达浑身上下一阵摸，一个铜板都没摸出来。 这才想到荷包还在行李里，着急忙慌就要去拿。不过郑山父还是劝住了徐达，让他赶紧先吃饭，红包不红包的，等吃完了饭再说。于是徐达让大伙都上了桌，说今日就是为了感谢他们这些留守在京城的人才开的席面，因为有他们在，所以他们老徐家在京城好歹算是有了个家，来往住宿方便又妥帖。听得秋芬感动的眼泪都下来了，直说爵爷太客气了，自己却没能在郡主生产的时候赶回去照顾，很是愧疚。 郡主这回肯定遭了大罪了，别哭别哭，你家郡主力大如牛，生个孩子恨不得把床拆了。虽然遭了罪，但也还算幸运，生得还挺快，孩子也很康健。徐达说完，金牙人立刻举杯道：“那咱们就祝咱们的小小姐长命百岁，无灾无难。”诸人皆说没错，希望小小姐能平安长大。那徐达还说啥？头一仰，一口就把酒给闷了。哎，离开宝珠和宝姐儿的半个多个月，想他们。 对了，也祝咱们的小少爷长命百岁。郑夏突然想到了一个被遗忘的孩子，徐达挠了下头。徐欣都那么大人哦。对对对，还有宝军，哈哈哈哈哈，呵呵呵。对对对，长命百岁，长命百岁。说完，徐达又把小口杯里的酒干了。哈哈，真是没想到自己还有个孙子呢。唐突了，唐突了。此时，远在松江府的宝姐儿突然打了俩喷嚏，正在批阅公文的关木青赶忙站起身，抱起了宝姐儿。 柔声问：“怎么了，乖乖？怎么打喷嚏了？因为我鼻子痒痒。”突然出现在门口的春丫掐着嗓子说道。关木清抬头看到自家媳妇来了，脸上的笑意更浓。都做娘的人了，还这么皮！你怎么不早点休息？孩子我带着就行了。春丫在关木清耳边小声说了一句：“胸要炸了，借你女儿给我用用。”关木清脸蹭一下就红了。他小心翼翼的把孩子递到了春丫的臂弯里：“你先去喂，一会儿好了让乳母再送过来。”不要了吧。 春丫看了看屋内，能有六七个壮汉，一脸生无可恋的看着他们一家三口。那我抓紧把事儿办完，马上回来。关木清说道。春丫点点头，这才带着孩子走了。母女俩走后，关木清的幕僚长杜先生这才长长呼出一口气。大人，咱们现在能说话大声点了吗？徐欣也深深喘了口气。姐的大人，您能不能不把孩子带来外书房？不能。关木清回答的极为干脆。赶紧，下个议题是什么？一炷香时间。 这事儿得拿出个落实措施来。屋里头的人对关木卿瞬间变脸这事儿已经习以为常，于是也不多做挣扎，赶紧的意识吧，可不能耽误这位回去哄孩子，不然发起脾气来，他们可受不住拼命三郎的摧残。徐达本以为皇帝有个四五六天的就能召了他进宫，让他赶紧的滚犊子了。不过大朝会都混了三场了，他却迟迟等不来皇帝的召见。徐达原本觉得按照皇帝的性子，这回辞官肯定是妥了呀，可没想到一等等了大半个月。 皇帝却一直没有啥动静，不会吧？皇帝不爱钱了吗？不可能，除非他被鬼附身。难道也有人穿越到皇帝身体里了？爵爷端着酒杯的吴首辅喊了一声：“您听到我说的了吗？”啥？神魂涣散，脑子已经飘到不知道哪儿去的徐达，这才被喊回了现实。我说：“皇上最近正忙活着给皇后换窗子呢，不过听说马上要完工了，您且等等吧。也许皇后那头窗子换好了，您这儿就有消息了。” 吴首辅在外不太喜欢结交太多大臣，但是对宫内的动向可是掌握得很全面的。毕竟他对自己的定位就是走皇帝马屁精路线的。拍马屁这种事儿，想要每次都踏准节点，又不是真的那么简单的。没点预先的准备工作，想拍好皇帝的马屁，那基本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要说大干朝堂上谁对皇帝动向最清楚，那就非吴首辅莫属了。徐达一听也是很不解，什么窗户能换大半个月？还不是您送的玻璃？ 皇上一半用在了内书房，一半全给了皇后宫里。那玻璃因为跟之前的木窗格规格不同，皇上便让工部找了人，全用金丝楠木做了新窗框，然后再一片片按上去，可费了不少功夫呢。吴首府虽然人没到现场，但是现场的细节都知道，连带着窗框雕了万字纹都一清二楚。那皇上啥时候换好？他老人家再不换好，我回扬州，我家宝姐都快会跑了，宝君也是。徐达这回是想到自家孙子了，快了吧？ 听说这两天工匠都撤了，估计马上您就能被皇上召见了。在下就预祝钟永伯早日回乡，我那儿子，呵呵呵，还有劳爵爷和关大知府多多照应了。说完，吴首府一仰头就把酒喝了。徐达说了两句好说好说，便也把酒给干了。实际上呢，皇帝的玻璃窗的确已经换好了，皇后对着玻璃窗那也是相当的欢喜啊。原本想着咱们用的沙已经是最通透薄亮的了，没想到跟玻璃窗比起来，真的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完全不能比啊。皇后站在窗边，轻轻地抚摸着窗格上的玻璃，想着冬日里靠着这窗户打毛衣，肯定很舒服。皇帝点头，的确是好东西。以后等徐达回了扬州，就让他好好把这事给朕干起来。宫里头的窗户，咱们就都换成玻璃的。那您还不让钟永伯回乡？皇后嗔笑道。皇帝背着手，喘了口大气，总觉得便宜他了。噗嗤，皇后笑了出来。那皇上觉得怎么才能不便宜钟永伯呢？ 还是让他继续干着海关关长一职，可如果这样，皇上您换玻璃窗、薅人羊毛的事儿怎么办？诶、哎，什么叫薅羊毛？皇后此言差矣。皇帝摸了下鼻子，朕这个叫体恤功勋人家，普通百姓，朕也是不会让他们买的。这玻璃说起来的确是好使，但是成本高，价格贵，普通老百姓买了干嘛？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儿得了。薅羊毛嘛，就得往毛多的人家身上薅，秃子能薅几根毛？薅了他们还骂娘。 真是犯不上。若是裴廷知道了皇帝的想法，肯定当场就想喊一句知音。所以呀，皇上您就发发慈悲心，把钟永伯放回去吧。他这些年和张大夫两人为咱们大干做的也不少了，哪怕回去什么都不干，颐养天年，那也是应该的。皇后说这话的时候，语气也是相当的和软。要不是碍于身份，她真是恨不能跟张大夫结拜姐妹。她和小皇子的命是张大夫给的，张大夫为人正直，能力又强，做事果敢，家庭管理的也相当的好。 皇后是发自内心的喜欢这么坚韧的女子的。其实皇帝知道自己多少有点小心眼，既然皇后都劝了，那他就大发慈悲，不再多为难徐达了。于是次日一早，皇帝就把徐达宣进了宫。徐达喜出望外，隔空大夸了吴首府几句，消息灵通，颠、呃、颠、呃、的就进了宫。然后君臣二人就玻璃宫房一事略微探讨了一番。 因为徐达说，现在制造玻璃用的矿石基本都是废矿里头抠搜出来的，材质不怎么好，所以皇帝给了徐达采买官办矿场矿石的权限。但是制造出来的玻璃必须运送回京，不得私自买卖。这事儿以后就交给巡州和西风办就行了。徐达便问：“那瑕疵品、残破品？”皇帝看了徐达一眼，哼唧一声：“朕就知道你歪心思多得很，那些你就自行处置吧。但是朕可警告你，每年一千块玻璃送到京城来是最低限度。” 并且市面上绝不能出现比朕拿到的玻璃制品更好的所谓瑕疵品，要不然朕拿你是问。徐达立刻应道：“是是是，瑕疵品肯定是瑕疵品嘛。这个平面玻璃大小肯定不会超过皇上拿到的精品的一半的，咱们的产能也有限，一年残次品的数量肯定也不会超过皇上拿到的一半的。皇上放心，三成。”皇帝斜眼瞧了下徐达，残次品数量不能超过朕拿到的精品的三成。是是是，微臣谨记。”徐达弯腰点头道。 至于徐达的酬劳之类的，那还说啥呀？光卖残次品，徐达一年都不知道能赚多少了。毕竟造玻璃的，大概上上下下也就老徐家一家呀。当然，采买矿石、成品和残次损耗之类的账册还是要有。这事儿，反正皇帝到时候会交给冯喜去操办的，徐达便也不用操心了。除了这玻璃工房之外，那你上天入地、飞升成仙的事儿怎么说呀？皇帝突然想起了这茬，徐达眼珠子一咕噜一转，然后答说。 微臣想办个工学院，就跟咱们家张大夫办的医学院似的。这世上有那多的为什么，微臣一人也解答不过来，便想开办个工学院，用来答疑解惑。微臣就寻思着把民间的能人巧匠都聚集在一起，或者去各地找些对这方面有兴趣的聪明人培养培养，也许咱们上天入地的梦想就能早日实现。谁跟你咱们？皇帝嫌弃的看了徐达一眼，那这钱你自己想办法吧。反正张大夫的医学院不也是张大夫自己筹措的资金吗？ 徐达立刻不干了，不行啊，皇上，张大夫出诊一次能有百多两银子呢，这钱他都补贴进医学院了，而且那些夫人小姐得了他的医治，捐赠起来也大方得很。微臣不行啊，微臣一年拢共五百多两的年俸，全贴进去都不够造个干锅的。皇上，您多少给点，也算是支持支持咱们大干朝的科技发展吧？我这哪儿来钱？要不然你去问问太子吧，他最近都在办医学，他若愿意支持你，那就是你自己的本事了。 想要从这铁公鸡手里头抠点钱出来，可能比登天也简单不了多少。行吧，反正太子徐达也熟得很，知道这人比皇帝略微大方一些，于是他便拜别了皇帝，急急忙忙就要往太子府去。皇帝这回是亲自送了徐达出的御书房，可把尚公公给吓坏了。这还是皇帝登基以来第一次送臣子出御书房呢。然而皇帝路上还有事儿要吩咐徐达，虽说以后你不用进京述职了，但是若真做出来了什么新奇玩意儿，必须第一时间送到京城来。还有。 若朕到时候再有什么事儿要指派给你，你可给朕紧着点滚回来。徐达一路躬身点头，哎,哎哎的回着话，保证自己有召必回。皇帝这才挥了手，放了徐达出宫。徐达谢完恩才走了没几步，就听身后皇帝的声音再次响起：“你老家的特产，别忘了每季都要送来，皇后都惦记着呢。”恰巧送甜品来御书房的皇后，远远就听到了这一句。不符合礼仪的事儿，皇后不能做，可是她还是忍不住叹气摇头，为自己感到冤枉。 徐达回头咧嘴回了声：“臣定不会忘记，皇上您和皇后要保重啊。”说完，恭恭敬敬地朝皇帝下跪拜别，然后转身离开了。看着徐达远去的背影，皇帝心中不知为何多少有些失落。皇后悄声走到了皇帝旁边：“皇上，这是舍不得钟永伯吧？”皇帝跳脚：“皇后瞎说什么？朕会舍不得那货？好好好，舍得舍得，臣妾让小厨房做了黄桃烙子，还撒了草莓果酱，皇上吃不吃？” 是。说完，皇帝便屁颠屁颠跟着皇后进了御书房。出了宫的徐达，马不停蹄的去拜访了太子。太子这人因为在宁海跟徐达他们结下了不解之缘，听闻徐达的梦想，倒也愿意帮忙，答应每年给徐达拨款五千两，用于工学院的建设和项目的实施。前提是徐达玻璃工房的残次品得由他们朵云轩发售。反正父子俩总归是一脉相承的嘛，不然怎么叫父子呢？嗨，反正卖给谁都是卖。 他们老徐家自己有的用就行了，所以徐达不假思索的就应下了。五千两在富贵人心中虽不多，但是如今大干一家普通人家，一年到头二两银子就能过活了，所以徐达盘算了下，这银子应该是足够他那梦想的开销了。再说这玻璃工房被黄家俩父子垄断了，他反倒不用解释东西卖到了哪里，反正好处都是他们父子的就是了。挺好，徐达对这样的结果非常的满意。在处理完所有事情之后，徐达便拜别了京城老友。 还请王宗元他们得空回扬州来玩。关静因为又怀上了，所以春鸭生产，她没回扬州。但是眼瞧着预产期马上到了，她跟徐达说了，等她孩子过了百天就回扬州看春鸭。去。王宗元倒也很想跟着去，可作为拱卫京师的大将军，他实在是走不开。徐达安慰王宗元说，等他忙完了工学院的事儿，就带着家里人到京城来溜达，到时候大伙在京城见面也是一样的。可一言为定啊！留守老王真的非常期盼再一次的大团聚。 徐达恩恩的一边胡乱应着，一边爬上马车，朝送别他的朋友们挥了挥手，便渐渐消失在了滚滚尘土之中。夫人，你说爵爷能不能是骗我的？王宗元很惆怅。关静拍了拍相公的肩膀，骗你也没事儿，我改天去凑了热闹回来，再跟上回似的，把热闹给你转述上三天三夜就行了。时间又过半月有余，徐达终于带着寻州和西风风尘仆仆地赶回了扬州。一行三人到达府城的时候，已是晚上。 此时，张大夫和徐磊正在课堂间议事，见徐达带着寻州和西风又回来了，张大夫起身便问：“皇上不会没允了你辞任吧？”这皇帝怎么那么烦人？徐达嘎嘎一笑：“怎么可能？夫人也太不相信你相公我的口能力了，我这一出马，还有什么办不妥的事吗？”寻州抱拳解释道：“夫人，我和西风就在中军都督府领经历职，皇上特派了我们协助爵爷办好玻璃坊的差事。”西风也道。 之前咱们也是听命行事，若有得罪，还请夫人见谅。今后咱们就不会再出现在伯爵府的房顶上了，请夫人放心。西风刚说完话，就见大橘子不知从哪儿跳到了他脚边，挨着西风的腿来来回回的磨蹭。大橘子，西风抱起了猫，笑呵呵的撸着猫毛。张大夫这才拍了拍胸口，吓我一跳，还以为这锅这差事得一直做下去了。恭喜爹爹，心想事成。 徐磊觉得，只要爹娘顺心如意，不管是掌权也好，不掌权也罢，他都无所谓。一家三口正准备往堂屋里走呢，寻州突然开口道：“在下还有一事要请求夫人。”抱猫的西风不明所以的看着他，小声问：“你还要说啥？这货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小秘密？”西风觉得自己好像错付了。张大夫也不明所以的问：“什么事儿？若是要住宿的话，我让。”不是，寻州摇头：“在下，在下，新月善姑娘已久。” 想向夫人求娶单姑娘，什么？啪嗒！西风一松手，把躺在他怀里的大橘子给掉在了地上。大橘子瞬间炸毛，嗷嗷叫的抓了西风的褂子两巴掌，便跑了。单姑娘，厨房的单姑娘，居然！好小子，怪不得你一天吃八顿饭，感情吃的不是饭！呜呜呜,呜,呜！西风那叨,叨叨叨个不停的嘴，被寻州给死死的捂住了。徐达等人也非常的震惊，他们都不知道这两人是什么时候好上的。 连带着张大夫也非常的惊讶，这事儿我不能随便应啊，我得先问问单姑娘。明天，夫人，求您现在就问问吧。寻州放开了西风，抱拳道：“行行吧。”张大夫也是看寻州年纪大了，可能也急了吧，于是很体贴的立刻去大厨房找了单姑娘。单姑娘一听寻州回来了，眼眸都突然亮了。寻州走之前就跟他说好的，回来就要跟夫人求娶自己，虽然自己没有立刻答应。 但是单姑娘对寻州还是有意的，毕竟她会飞，还能吃好多好多饭，还说她饭做的顶顶好吃。单姑娘的期盼中带着一丝羞涩，羞涩中又带着一丝憧憬的样子，张大夫都看在了眼里。然后张大夫把寻州在前院说的话告诉了单姑娘，单姑娘一下子耳朵都红了，可害臊了半天，她还是小声说了句：“若夫人觉得妥当，婢子就听夫人的。”好吧，的确这两人是谈上了，而老徐的人对此一无所知。 不愧是探子谈恋爱，果然很隐秘。其实吧，也不是探子恋爱隐蔽，谁家探子一天吃八顿饭，这都没让他们发现，就充分说明了这恋爱啊，谈的是光明正大。只是老徐家的人心大眼更大，于是这两人的婚事就这么说妥了。不过西风因此受了很大的刺激，愁眉苦脸的找了张大夫，说要让甘德夫人给他做主，他也想娶个媳妇儿。张大夫也没立刻答应他，他就感觉这人光长了年纪，没长脑子。 说是等两年，等他办事稳妥了，再给他说媳妇。西风很不甘，可却又无计可施。这回连带着大橘子都不搭理他了。见到西风，大橘子还要弓着背，龇牙咧嘴一番。寻州求个亲，没想西风却是人猫两失。过了几日，当游荡在外的道玄回到扬州，听说了单姑娘的婚事的之后，他第一时间找了寻州问话：回京吗？寻州赶忙回答：不回，不回，以后就常住扬州了。 我已经在无名禅寺旁边租了两进的院子，厨房能有三间房。张大夫答应以后，丹姑娘嫁给了我，就不用天天去徐家了。若有大宴才回去帮忙。以后他就专职打理和气糕点铺了。嗯，那还差不多。道玄收回了手里的刀。那以后我就在你家吃饭了。好说好说，只是我心俸有限，家里头只能是粗茶淡饭，望望大师傅不要嫌弃。该说明的事儿，寻州还是得事先说明的，要不然以他的心俸，可能连喂饱一个大师傅都做不到。 没事儿，食材的事儿你不用管。行了，你们啥时候成亲来着？我啥时候上你们家吃饭啊？道玄只关心这个。寻州呵呵挠了下头，十月十八。行，知道了。十九开始我到你家吃饭，忙去吧，厨房记得弄弄好。说完，道玄便背着手往徐家大厨房找单姑娘去了。当姑娘和寻州的消息传到松江府的时候，春丫正在地里跟关木亲视察他的玉米棒子，这玩意儿去年在配丰种的还算可以。 所以今年他便在松江也种上了。我就说，每回去厨房都能遇上寻州，这人原来不是去吃饭，而是吃丹姑娘的豆腐。春丫掰下个玉米棒子，给了正在关木清怀里嗷嗷叫的女儿玩。寻州这回肯定是娶了丹姑娘，还搭送一个和尚。瞧着吧，以后大师傅就得在寻州家养老了。关木清一个手抱着女儿，一个手去牵春丫。不过呢，现在别管寻州吃的到底是饭还是豆腐，你女儿该喝奶了。 咱们可说好了，春丫突然放低声音，我喂奶你就去隔壁屋，不然到时候奶喂喂一个时辰，我可不活了。嘘，关木清朝他做了个噤声的手势，别说这个，走走走，我保证不在旁边待着。真的不是他故意如此，实在是生完孩子，春丫这身材一下子就疯。总之，她也只是犯了一个丈夫都会犯的错。一路上，关木清还把徐达举荐了司徒大人做海关关长的事儿跟春丫说了。春丫眼前一亮，那扬州知府的空缺不就出来了吗？ 一举两得，多好啊！可能没这么快，扬州知府这样的空缺，盯着的人还是很多的。关木亲无奈的朝春丫笑了下，辛苦娘子陪着我在松江府了。不过办法肯定还是有的嘛，这事儿还得从长计议，慢慢筹谋。咱俩客气啥？这回回不去，反正以后有的是机会嘛。再说两地高速路现在也方便的很，我有事儿半天功夫就能回去了。走吧走吧，给你闺女喂奶去。我这动作一大，就非常的澎湃。 春丫一边说，一边快步往前走，而关木青则抱着嗷嗷叫的孩子，小声在媳妇身边抱怨：“可别说这些事儿了，他真的还年轻。”扬州府那边，虽然司徒知府还没得到吏部来的调任文书，可他已经从徐达那里知道了自己马上就要升迁的消息，不能去京城做京官，对于司徒知府来说，多少是有点遗憾的。但是转念一想，他这一下子从四品的知府跳到了二品的官长。 连升四级，关键以后还能直接跟皇上汇报工作，这事儿多少也是有些激动人心的。在这知府任上待了足足十八年啊，十八年，如今一跳跳上了高等官阶，也算值了。不过虽说司徒大人还没卸任知府，但是徐达却已经着急忙慌的要把手里头的事儿交接给他了。司徒知府表示自己干不过来这么多呀，徐达却说那司徒大人得先适应起来，京城那儿对于扬州知府的人选还没定呢，到时候很有可能您得兼任一段时间。 不过您不要担心，卢郎中、像监事对业务都非常的熟悉，是我手把手带起来的，您可以放心大胆的把事儿交给他们办。那爵爷知道我得兼任多久吗？司徒知府问道。一年半载差不多吧？徐达答道。那倒还可以接受。于是司徒知府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安安心心开始接管起徐达手上的任务来了。毕竟知府衙门里头的差事，他闭着眼睛都能办，所以两头兼顾对司徒知府来说，倒也不算什么特别难的事儿。 再说，这海关关长一职还是钟永伯提拔的他，他他好歹得给些面子不是？到的九月里，司徒大人的调令总算下来了，徐达正式辞任海关关长一职，安安心心开始筹办他的工学院。而卢郎中也一跃成了卢副官长，官品直接到了三品，激动的他老泪纵横，抱着裴婷只喊夫人忘我呀。而脾气不咋好，可能力还不错的向监事也成了向郎中，从小小主簿莫名成了个中等官僚。 正如徐达之前所说的一样，因为吏部还没选好扬州知府的接任者，所以司徒大人暂时就两头办差。当初想的时候，司徒大人虽然觉得自己会得心应手，可是真的到徐达完全甩手不干的时候，司徒大人到底还是觉得费劲的。可徐达才不管这些，他筹办工学院、扩建玻璃工房还来不及呢，哪还管得了别人的死活？司徒大人在干了两个月之后，便发了书信去吏部询问知府的人选到底定下了没，他都快干崩溃了。这海关的破事儿。 未免比他想象中的多太多了吧？吏部迟迟没能定下扬州知府的人选，倒也不是没人可选，而是因为要去扬州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江南向来富庶，这几年海贸又发展得很快，海关总署又设立在了扬州，这地方原本就商业发达，现在更是往来客商云集，繁华程度在江南都能数一数二。再加上官办船已经开始筹建，往来的高速路也都渐渐贯通了，扬州本就连通南北，那发展前景，有脑子的人都知道。 肯定是不可限量了。虽然越是富裕的地方，水越深，可架不住想去试试深浅，觉得自己能站稳脚跟的人也很多呀、啊。所以吏部真的很为难，有时候好不容易选定几个人选，名册还没送到皇帝跟前呢，就先被内阁给毙了。要不是嫌弃人家二甲吊车尾，就是嫌弃政绩有瑕疵。真有没瑕疵的官员，内阁又说政绩不突出，这样的人配不上扬州府。总而言之，是横也不是，竖也不是。 而皇帝听闻扬州知府迟迟没定下来，也很气啊，在朝堂上骂了吏部好几回，直问他们是不是吃干饭的，为啥一个知府那么久了都没定下来？吏部甩锅说内阁挑剔，内、那、阁、个、甩锅说吏部没用心选人，选出来的人细查下来还被大理寺关进去了俩，简直不要太魔幻。就在这日复一日的吵骂干架中，原本想去扬州的那批人渐渐都不怎么敢再提起这事儿了，口吐芬芳想去扬州当个知府，居然还得查祖宗十八代。 弄不好还得进大理寺的大牢，这谁受得了？所以这人选在吏部和内阁的疯狂甩锅中，迟迟没有定下来。直到过完年，各地送来了去年的述职报告。去年东部沿海九月里还遭了风灾，但是上海、宁海两地因为对抗风灾得力，港口码头机会没有损失，两地粮食也储备多、品种全，除了能保障本地百姓吃饱之外，居然还能腾出手来去支援同样受灾但是损失惨重的兄弟县。 皇帝特地在大朝会的时候赞扬了这事儿，并且要嘉奖抗灾得力的官员。然后永义侯突然提出，皇上既然松江府办事得力，那何不让松江府的知府关木清调任去扬州呢？平调？皇帝皱眉问了一句。徐达的女婿去扬州做知府，皇帝犹豫了。关知府在知府位置上不过干了三年吧？平调也正常。吴首府上前一步说道：“平调而已，又不是晋升，底下百官倒也说不出什么来。” 安阳伯也说，官家世代忠良，他们家一家除了官家姐弟，全折在了北境，这品性倒是可以绝对相信的。皇帝略点了下头，有些动摇了。自从徐达回了扬州，他也会时不时的问问这货最近在干嘛。的确，正如徐达自己说的，辞官之后，他就一心专注于倒腾玻璃和筹办工学院的事儿了。年前还给送了罐头和五十片玻璃进京，这方面他是比较相信徐达能说到做到的。 毕竟当初神兵营，徐达也是说走就走，毫无留恋的。关木清倒也算是个青年才俊，他家那媳妇别的不说，种的也算是很有创意了。这个提议倒也不算不靠谱吧？皇帝小声问了下坐在他下手的太子：“太子，你觉得呢？”回父皇的话，儿臣也觉得关木清不错。扬州的位置正在南来北往的中间点上，按照咱们大干如今的这个发展态势，这个地方只会越来越重要。关木清和徐家的忠心。 父皇肯定也是知道的，把他放在扬州比别人都合适。太子比皇帝心宽些，他不敢在皇帝面前说自己绝对信任关木清，但是他的内心的确是很信任这个曾经一起读过书、抗过灾、坑过洋人的伙伴的。皇帝这才略微一点头，然后坐正了身子，又问：“那关木清调任扬州，这松江知府不就空出来了吗？松江知府的位置也不是随便什么人就能糊弄的。”启禀皇上，微臣觉得宁海无知县可用。 吏部尚书突然站了出来，大伙儿却一扭头，齐刷刷地看向了吴首府。吴首府赶忙躬身道：“皇上，此事微臣就不参与了，内阁和吏部自行讨论吧。”不要脸！吴英良天打雷劈！不要脸！这事儿肯定是他搞的鬼。现在细想下来，吏部和内阁因为定不下来人选，吵了那么久，却在去年述职报告拿上来之后，突然定下来了扬州知府的人选。这事儿细想下来，怎么就那么不对劲呢？这事儿感觉就是吏部和内阁演的一场戏呀、啊！ 吴英良现在居然甩手说自己不参与，大概就没有比这货更不要脸的人了。为了自己儿子升迁，居然可以唱那么大的一出戏，御史台立刻炸了毛，揪着吴英良就要开骂。吴首辅反正是口水沫子里成长起来的，最不怕的就是吵架。面对御史台指责他给儿子铺路，吴首辅大喝一声：“怎么的？官员的儿子还不能当个四品小官了？那大干朝起码一半以上的官员都应该立地辞官。还有你们家哪个孩子？” 不是在国子监读书的，哪家儿子是自己考进去的？有吗？我呸！哪个不是仗着你们这些老爹进去读的书？有种让他们都别读了呀！新一轮的朝堂骂战就此展开，而皇帝呢，又把大臣们罚了个底朝天。倒也不是他贪财，实在是那些人太不像话，骂人就骂人，还互相呸来呸去，太恶心了，不罚不行。不过开了春，到了三月里，关木清和吴县令还是同时收到了调令。吵架吗？ 就没有无首府书的时候。当然，对于关木清调任扬州知府一事，最高兴的除了老徐家的众人之外，还有司徒大人。他是在仁济堂把脉的时候听到这个好消息的。当时的情景，按照金大夫的说法，就是司徒大人的眼泪唰一下就下来了。不容易呀、啊，真的不容易。他原本花白的头发，就几个月时间，生生熬成了全白。金大夫也说他气血两亏。好在司徒大人在秃顶之前，终于把新任知府给盼来了。 所以，当关木卿携着七小到达扬州的时候，司徒大人眼含热泪的亲自去了城门口接人。一旁来接他宝姐小乖乖的徐达忍不住吐槽：“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一山的亲爹，你没去过北境吧？”哎呀，伯爵说的啥话？我这是这是……终于甩掉了锅，兴奋的徐达替司徒大人说出了他内心的想法。对于这样的情形，徐达很熟悉，毕竟张大夫是个中好手。司徒大人已经无所谓了。 只要有人来分走他的活，别说徐达说他甩锅了，哪怕说是甩饼、甩桶、甩刀都行，反正能甩才是保命之道。在众人的殷殷期盼中，春丫带着孩子和相公，终于重又杀回了扬州。此时宝姐已经一岁了，能时不时的蹦出几个单词。见到外公，她也挺高兴，流着哈喇子，对着徐达就喊公公公公。徐达也不生气，嘎嘎笑着应声道：哟哟哟哟，聪明聪明，乖乖真聪明，这么小就会说话了。主要娘聪明。 我不是八个月就会说吃了吗？春丫觉得女儿的优点都像她。徐达翻了白眼，你只会说吃，可咱们家宝姐会喊人呢，不是一个级别。走喽，找宝军哥哥玩去喽。徐达说完，抱着乖乖外孙女就走了。夫妻俩跟老泪纵横的司徒大人略说了几句，关木清再三保证自己会尽快上岗，司徒大人这才放了人。往家去的路上，小两口有点踌躇，咱们还是得跟娘老实说啊。关木清惆怅道，春丫有点不敢。 娘会不会揍我？要不然等瞒不住了再说吧。没事，关木清拍了拍春丫的爪子，要打也是打我。对，就是你不好，叫你收敛些，收敛些。现在好了，闹出人命来了，你这自控能力不行啊，以后怎么办大事？春丫现在骂关木清骂得欢，比武的时候倒也没听她说不愿意。以后我也不想办太大的事儿，只守着你们娘俩，不对，娘几个就行了。关木清突然笑了笑得一脸的灿烂，春丫咬牙道。 笑屁，一会儿等着挨揍吧。关木清调职回扬州，老徐一家自然要吃上一顿接风宴。接风宴之后，关木清就老老实实把春丫又怀上孩子的事儿跟张大夫汇报了。还好揍倒是没挨上，被张大夫教育一顿，那肯定是逃不了的。早跟你们说了，两胎之间最好隔上两年，不然以后身子容易亏空。你们下回下回一定隔三年。春丫立刻赌咒发誓。关木清也说：“娘，孩儿错了。不过春丫的脉，要不您先给瞅瞅。” 无奈的张大夫还能说啥？好在春丫之前生产还算顺利，产后营养也跟得上，体能也不错，所以脉象来看，一切都还可以。不过张大夫也说了，二胎生了得好好养养，可不能再胡作非为了。小夫妻俩唯唯诺诺，疯狂点头。说完这事儿，春丫突然发现自家师傅怎么没见人，便问道：“哎，我师傅呢？怎么吃饭也不见他人？难道是搬了碗筷去寻周家了？”佛宝又笑答：“是啊。” 大师傅如今瞧不上咱们家伙食了，已经跟着丹姑娘嫁到寻家去了。不过每月会来画个圆，再抱怨一通。寻州这货实在不怎么能赚钱，连个和尚都养不活，惹得春丫又是嘎嘎一阵笑，说寻州这是摊上大事儿了。这一个和尚顶一座庙呢，他养活一个等于养活了一个庙，简直功德无量啊！回到扬州之后，关木清第三天就去知府衙门报道了。实在是司徒大人一天来催三趟，催得春丫都崩溃了，直接把关木清给赶出家门上工去了。春丫呢？ 自然也依旧是闲不住的人，在怀胎满了三个月之后，便又开始到处蹦跶个不停了。因为沛丰县到府城的高速路已经通了，所以去一趟沛丰，如今只要两个时辰的马车就到了。所以春丫会时不时的带着孩子们坐着马车去沛丰视察视察他的封地。对了，由于沛丰建设的越来越好，春丫如今都能收上他郡主的税子了。不过她现在也是富甲一方的女大款了，这些税子收上来，基本也都是转手就被她花掉的，比如给大研女学设立奖学金啊。 捐一部分给医学院啊，给孩子们买好看的老红帽子、啊。扭头又买了臭豆腐臭的娃娃们嗷嗷叫，然后被赶来的蔡奶奶给骂一顿啊之类的。反正哪怕做了娘亲，郡主大人还是哪个活泼过头，然后没啥稳重基因的娘亲。不过宝姐儿好像也多少遗传到了一点他娘的基因，什么把大师傅好不容易长出来的三根头毛给薅了，追着大金喊哥哥，追着宝君喊狗狗之类的事儿也没少干。时间就在吵吵闹,闹闹中匆忙流逝。 徐达的工学院在五月里正式开学了，地方离医学院还挺近的，就是当初石头买医学院的院子的时候，顺带着买的那四进大宅子。学员招募倒是比医学院简单的多，毕竟招的绝大部分是男娃，而且什么木工、铁匠啥的都是招的，所以愿意来学的人还挺多的。不过工学院的木工、铁匠就不叫木工、铁匠了，这里头吧，搞木工的叫建筑学，打铁的叫冶金学，攒机器的叫机械制造学。 他还抓了吕道长出关，让他搞了个倒腾重金属超标小丸子的化学，还有算命的术士、懂周易的老秀才、看星图的神算子，这些人也给攒在了一起，搞了一颗叫天文学玻璃工房挠破头皮搞出来的望远镜也全给了他们。实在是不知道干嘛，徐达却又觉得有挺像人才的人，全给弄在了一起，开了个课，专门做些乱七八糟的小实验。那门学科他说叫物理，就是这物理班里头有他们工学院唯二的俩女学生。 俩女孩，一个是拆了家里头好不容易买的织布机，差点被爹娘打死，好心邻居报了官，由于京城带回府衙的。关木清一问下来，这孩子就说是想看看为撒那梭子可以自动穿来穿去，里头肯定有什么力在起作用。关木清一听，很好，云里雾里的，完全符合老丈人的选人标准，就问了他爹娘，爹娘说这孩子不要了，谁爱要谁要，所以他就给老丈人送来了。另一个是张大夫给送去的。 他说：“那孩子原本是学医的，但是因为偶尔遇上了一个重地被雷劈的病例，自此之后就对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就很想知道雷到底是什么。他才不信什么天神之怒。他说这雷肯定是某种巨大的能量，比火还要厉害，只是他现在还没想明白而已。所以他就把人给举荐到了徐达那儿了。总之，徐达这儿要人的标准就非常的飘忽，能工巧匠也要，天马行空的异想者也收。总之就是个群魔乱舞的地方。” 皇帝每回看扬州送来的密报，都要骂两句徐达不知所谓，可每回却看得又非常起劲。一份密折不够详细，他还得追问上两三回才消停。这人就是那么的口是心非。春丫在这年的十月又生下了二女儿小宝乐，大名徐淑乐。如今宝姐儿大了，喜欢满地乱窜了，关木清很遗憾不能带着孩子去开工了。可小宝乐一出生，他就又动起了带孩子上宫的歪心思。不过这回就没那么简单了。 毕竟这里是扬州老丈人丈母娘的地盘，想要偷孩子哪有这么方便？春丫也劝他，让他好歹上班的时候就认真上班，想要看孩子下衙回府也能看。所以官知府办公就有个规矩，下衙的时间卡得很死，谁耽误他下衙，这人脸能臭上两三天。除了春丫生了俩娃之外，徐英投胎也生了个儿子，而裴婷也多得了个女儿，二人皆是顺心如意。来娣盼娣是在徐英之后没多久生的娃，生的也都是男孩。 赵文外婆的说法就是，孩子都是一船船来的，正巧他们那一船都是男孩。蔡奶奶感叹说，他们老徐家对男孩女孩倒是没啥所谓，毕竟家里头孩子多的已经顾不上什么男女了。但是三个弟前半辈子都吃了苦，这会儿第一胎得了男孩，以后生男生女，婆家那头都不会有啥压力了。再加上如今自己都能赚钱，赚的也不少，下半辈子肯定能享福了。乐呵呵的文外婆表示，虽然老姐姐这话有道理，以前的确是她太懦弱，没照顾好自家孙女。 但是以后，徐敏第一胎不管生男生女，她都会把孩子当块宝的，保证老张家任何人都不敢放多余的屁出来。蔡奶奶表示，还是老闺蜜懂事啊。她还说，他们老徐家的孩子个个都是宝贝疙瘩，但是这话可千万不能让孩子们知道，知道了那尾巴都能翘到天上去。因为第四代的飞快增长，老徐家每年的聚会那是一年比一年热闹。徐老汉和蔡氏经常会因为指认哪个是哪家的孩子而吵作一团。扬州城内。 更是坐实了张大夫是送子观音的传说。要不是忠勇伯爵府门口烧香要吃官司，人家都恨不能组团去伯爵府门口上香了。春丫觉得，自从自己成亲之后，这时间就跟开了加速器似的。她只觉得给大研女学开学剪彩还是昨天的事儿，可一转眼，大研女学也开办了三年。张家旺、张大人力排众议，兑现了当初给春丫的承诺，让女学考试前三的学生进入县衙担任文吏，专管邸报文书的整理入档工作。 这活不对外，难度也不高，却要求细致耐心，所以张家旺觉得还挺适合女学生来干的。不过，女人进县衙干活这事儿，在张家旺眼里再怎么觉得合理，在别人眼中都觉得是惊世骇俗之举。举报到府衙的人也不是没有，可得到的回答却是由于女文吏没有官籍，所以这事儿并不违反律法，也不说支持，也不说反对，总之就是这么晾着。不过府衙不管，并不代表这事儿就不会发酵。 很快，这惊世骇俗之事就飘飘荡荡传到了京城，大干朝堂上也因此再掀起了一场骂战。岂有此理！女子进官府任职，这还了得？还有点礼仪纲常没有？大干男人是死绝了吗？居然让女子登堂入室，这是想造男人的反吗？御史台自然第一个发难，之后更有各部官员怒骂沛丰知县，说他有违纲常，不知廉耻，不分尊卑，不配做大干的官员。 关木清作为知府，更是包庇徇私，也当重罚。这回连带着吴首府都不知道从何处下嘴，实在是男人嘛，总不能让女人骑在头上不是？再说钟永伯那里也没有说什么，所以吴首府这回就当了观众，全当自己看了场大戏。于是吏部在强压之下，把张家旺给急了直革职令一下来，张家外公当场差点没撅过去，张家舅母更是赶到了沛丰县，把县衙里头当差的人一个不落的给骂了一遍。他就觉得。 肯定是县衙里有内鬼，把他儿子给卖了。张家旺倒是没啥所谓，反正革职了，就干脆趁着空闲上徐敏家提了亲，准备把定了三年的亲事给完成了。这事儿当初是张家旺和春丫之间的约定，如今张家旺因为这事儿犯了众怒，春丫自然觉得自己要负责。其实他和张家旺早就料到会有反对的声音，不过两人也没想到反对的声音会如此的激烈，所以春丫也提出了让张家旺上了陈情表，认个错。 他在想办法疏通疏通，让他把这县令的职位再捡回来。可张家旺只问了春丫妹子：“觉得这事儿错了吗？”“错倒是没错，只是你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春丫如实回答：“既然没错，那还陈情啥？我这县令，说实话也是捡来的。这三四年的县令生涯，倒是给了我不少写作素材，不亏呀。你放心，这官职做不做的，我真的无所谓，无官我还一身轻呢。到时候就跟民子出门找药材都方便些。” 我现在唯一有所谓的是，得赶紧的成亲啊！我比你还大一岁，你都俩娃生好了，求求了，让我先成亲再说别的吧。行吧，那就等张家旺成亲之后再说吧。这女人的地位要提高，真的不是靠三年五年、三人五人就能做到的。这事儿任重而道远，且慢慢筹谋吧。当然，事情闹得那么大，徐达和张大夫不可能不知道。不过，张大夫得知此事的时候，脸上也没有显得很气愤。 只是呵呵笑了两声，随即取消了自己两个月后的所有预约，连夜写了好几封信件发去了京城。春丫问张大夫这是准备干嘛？张大夫只是淡淡地说了句，没什么，医学院有了不少新技术，就让大家来一起分享讨论下而已。大伙儿都觉得张大夫说的这话没啥问题，只有徐达一个人私下对孩子们说，这些日子可老实些吧。张大夫这个表现说明他已经气到了极点了，希望大家没事不要去触张大夫的神经，保命要紧。 虽然大伙儿都觉得张大夫看着很正常，但是这是达达第一次发出保命警告，所以大伙儿也非常默契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乖乖听话，一点不敢叛逆。之后，为了被革职的张家旺不要过于忧伤，徐三叔他们也很快定下了徐敏和张家旺的婚期。徐三叔他们原本也是看中张家旺这孩子喜欢徐敏，这会儿虽说没了差事，但是听徐敏说，张家旺平日里卖书画，据说还挺出名，一月也能赚上当县令一年的薪俸。 所以他们也没为难张家旺，徐敏陪嫁也有铺面田地，所以姑爷能养活自己就行了。权反正再大也大不过他们老徐家去，有没有的也没啥要紧了。事业不顺的张家旺，好歹在婚事上倒也还算顺利。不过成亲当天还是出了点小小的意外。由于张家外公想着孙子丢了差事，也没啥来往的官员了，以后也吃不上朝廷的饭了，所以在采买的时候就略微节省了那么一点点。 因为图便宜，所以才买的猪肉不怎么新鲜，导致部分宾客出现饭后拉稀的症状。好在症状都算轻微，张大夫给了药，大伙很快就止泻了。可怜他儿子儿媳，最是喜欢吃扣肉，这坏肉大部分都用在胃重的扣肉上了。关键两口子还把婚宴之后剩下的扣肉给包圆了，所以是又拉又吐，病得昏天黑地。自己不觉得自己吃多了的两口子，心中很是疑虑，觉得怎么就他们俩拉成这样，人家都只是轻微的症状呢？然后张家舅母又想起了。 徐敏的嫁妆箱里头那无数的瓶瓶罐罐，两口子也顾不上定眼，还没控制利索，立刻从新宅搬回了刷布长街，说是不打扰儿子媳妇，小两口好好过日子，娘爱住哪儿就住哪儿。他们两口子反正在刷布长街住习惯了，不想住大房子。文外婆原本也想搬回去的，可架不住徐敏的再三挽留，又想着俩孩子没个帮手，于是就住了下来。哦，至于张家外公嘛，文外婆做主买了家仆从，请了俩木匠，让他们把老家的房子修修。 然后送了老头回乡安度晚年去了。临走前，他还很体贴的问老头要不要姨娘，要的话可以给他买一个。还没等犹豫的张外公开口，张家舅舅就一叠声的喊着不要不要不要，亲自把老爹送回了老家。万一他爹身子骨还硬朗，再给他倒腾个兄弟出来，他活不活了？都这么大岁数的人了。张家旺被罢职之后，日子过得倒是挺自在，闲来写写戏文，每天接送徐敏，两人还商量着明年开春出趟远门，去巴蜀采药踏青。 去苗疆探访苗医，到处见见世面，正好徐欣说他跟几个同窗都想出门走走，所以简直一拍即合，行程都安排上了。他是真心实意的觉得不做县令简直太自在了。不过他是自在了，可京城这些日子却是闹翻了天了。先是皇后突然得了凤体欠安，要去宣仁祭堂的女医进宫，却被告知女医全不在，去哪儿了？自然是去扬州参加医学院的培训了。 然后尚公公又去别的地方问，却得知只要是任济堂认证过的女医，全去了扬州参加培训去了。尚公公都急哭了，这让他怎么回去复命啊？不过比尚公公更着急的还有八王府的人。八王妃好不容易又怀上了第二胎，结果八王爷却突然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全京城居然没有一个能用得上的女医了。他急得团团转，问皇帝怎么办？皇帝更是急得要死，反问八王爷怎么办？八王爷看自家老哥也是个没用的。 只能抱着大哥的裤腿痛哭流涕，让大哥一定要放他去扬州找张大夫，不然他真的活不下去了。他们八王府人丁零落，求大哥可怜可怜他这瘸子，好不容易有的二胎吧。皇帝只能咬牙让他滚。于是八王爷立刻辞别了大哥，雇了大船，带着王妃也跑扬州去了。然后渐渐的，京城的贵妇们都开始跟家里头的老爷们儿闹起了情绪。当然，最先闹起来的还是几家伯爵、侯爵、首府之类的大门大户。 这几家的夫人个个都说自己病了，干不动了。大夫来瞧病，自己是贵妇，不接受男大夫，请夫君们看着办吧。夫君们才不惯着他们，爱怎么病就怎么病吧。开始几日倒是还行，可是日子一长，十天半个月之后，夫君纷纷开始告饶。这么大的一家子，没个那当家的，这日子真的不能过了。夫人们的女人病到底什么时候能好？回答是等大夫们回来了瞧了自然就好了，不然非但不会好，还会越来越严重。 京城那里算是闹得挺厉害了，而扬州城里头就闹得更欢了。夫人小姐都不必装病，反正就是啥都不干了，爱咋咋地吧。若是相公去府衙上告要休妻，一般能挨上知府大人的五到十个板子吧。这板子的数量由知府大人每天能不能亲上大女儿而定。要看不孕不育的，那更是对不起。没有，全城女大夫都在医学院规培。不过如果不介意，让男大夫瞧也是可以的。外头的事儿很快传到了皇帝耳朵里。 皇帝前前后后想了想，猜，然后跑去问病歪歪的皇后，生病是不是有预谋的？皇后只说了一句：“皇上怎么可以这么误会臣妾？这几十年来的恩情，终究是错付了。”然后大哭一场，干脆一病不起了。最后还是焦头烂额的吴首府抓住了事情的关键，他就猜测是当初罢免了那个让女学生进衙门干活的县令，女人们才反了天了。皇帝其实隐隐也猜到了，但是他就是一直在思考这件事的界限在哪里。 让女人做官，万万不可能。可让女人做更多的事儿，为什么不行呢？人不就两种吗？不是男人就是女人。若大干都只有男人干活，女人都在家做饭带孩子，的确好像有点浪费劳动力。皇帝细想着，其实大干这些年四处打仗，壮丁的损耗是相当大的。大干要发展，自然需要劳动力。如果一些可以让女人干的活，就让女人干，而腾出来的壮丁就可以保家卫国，大杀四方。 也可以投入到各种建设中去，其实这并不是什么坏事吧？像甘德夫人这样会医术和静怡郡主这样会种地、种的地还很好吃的女子，不也是在相对宽松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吗？如果一味压制女性的话，其实就是人力的浪费，对大干来说的确不是什么好事吧？这么想来，他倒也不是反对女人出门干活，只是这个干活的界限还得再看看。于是他召集了一干心腹商量一下对策。三日之后，皇帝在朝堂上宣布了一件事儿。 就是大干朝，女人不得参加科举，除了皇帝本人首肯之外，不得有女子为官。大朝会上的官员都很懵圈啊，这不是废话吗？历朝历代不都是这样的吗？这需要再特地重提一下吗？不懂。然后皇帝喊了吏部尚书，说了一件事儿，那就是恢复沛丰县令张家旺的官职，并且因为当地大眼女学的学生进入衙门做文吏是没有品级的，所以也不算违反大干律例。 然后皇帝在所有人反应过来之前就退朝了，留下了吴英良等人大战御史台八百回合。当然，按照吴英良的不败战绩，再加上此事的确没有违背律法，很多官员突然也懂了自家夫人为何突然暴病，他们也无心恋战，只求家里头能赶紧恢复正常。所以吴首府轻轻松松打败了御史台。毕竟皇帝已经明确了一点：女子不可科举，不可为官。虽然附加了除了皇帝首肯之外，但是皇帝登基以来唯一一个自己获得敕封。 而不是靠丈夫得到赤峰的，也就甘德夫人一个，所以他们也勉强算是能够接受这样的结果吧。反正动什么，别动他们的饭碗就行了。至于文丽这样的，连官职都轮不上的，哎，算是给皇帝个面子吧。主要家里头女人不干活，天天去什么打毛衣聚会，再这么下去，家里头可真的要乱了，他们受不了了。惨兮兮的张家旺，最终还是没能跟徐欣他们一起去游历。 就在要启程前三天，他收到了吏部来的恢复官职的文书，只得遗憾地跟带着大勇、满脸兴奋的徐欣挥泪告别，然后带着徐敏又回到了配丰县，干起了他的县令。而被召回的女医们在规培结束之后，重又回到了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又开始普及起了想要看生娃的病，就把男人也都带来。饭前便好要洗手，吃水只吃烧开的熟水，孩子冬天不能穿八件棉衣等等之类的常识。文外婆放不下她的茶馆，可更放不下孙子孙媳妇。 于是他一不做二不休，把茶馆直接挪去了沛丰县。徐敏还好心地要求张家舅舅舅母一起去，张家舅母却婉拒不已，说如今府衙和沛丰县往来方便的很，得空让儿子多去府城看看他们就行了。他们老两口就想清清静静的自己过，因为跟他过感觉有点危险。张家舅舅腹诽，却不敢说出口。自此，老张家便幸福愉快的生活在了三处。三个弟从小没怎么受到过母爱，这会儿做了娘了，却受到了很多奶奶的爱。 只要孩子们回家，就有热菜热饭。孩子们没空带，门外婆还雇了乳母给他们看孩子、带孩子，最是慈祥不过了。而徐敏也开始独立负责起了配丰人祭堂的药房，真正成了一名炮药师。徐家也彻底在扬州扎了根。虽说有在府衙的，有在县城的，还有在三元村的，但是来来回回的也方便。逢年过节，三不五十的，大伙都能聚在一起。很爱挖坑的春丫，如今却对种地产生了深深的执念。那些热带的果树。 眼瞅着在这配风是种不好了，于是他就让关木青找了白巡抚，联系上远在琉球岛的苏九，把果树都送去了琉球岛，忽悠说过个三年五年的，这些果树都会变成摇钱树的。培育完成的玉米和土豆，春鸭也上交给了朝廷，并把总结下来的耕种手册一起送去了京城。皇帝先问好不好吃，得到的答案是一般，算是能吃。于是皇帝便直接转手把东西全交给了户部。靖怡郡主给的东西，户部给不敢怠慢。 很快便把种粮都分发了下去，春丫就希望大干百姓的粮袋能够因此而渐渐鼓起来。徐大掌柜如今杨文多少是能说一些了，三不五十的还会跑去宁海、上海谈生意，后头跟着的掌柜随从那也是一堆堆的，很有些大老板的派头。不过有时候压力大了，他也会躲在媳妇怀里哭鼻子。这事儿是宝珠给说漏出来的，而春丫的大掌柜英子更是利用人事之便，在大言女学选了五六个姑娘，搞了个会计组。 平日里算账核查都是一个人带了五六个姑娘，然后人手一把算盘，打起来别提多快了。春丫还把官府给他们做了办公房，她自己则带着孩子跟关木青住去了府衙。不过只要人在扬州，她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基本也都是混在娘家的，自己混吃混喝就算了，还要带着相公孩儿一起混吃混喝。道玄大师傅自从徐达开了个工学院，连带着老吕头都骗来了，他就又多了个玩闹的地方。 有时候徐达他们攒出什么新玩意儿来，他没第一个用上，还得追着徐达骂街，精力不可谓不充沛了。穿越来的三人偶尔得闲，坐在一起闲聊的时候，还是会互相问，如果给他们再一次重生的机会，会不会再次选择在这一世重生？自然愿意呀。春丫不假思索的回答：有爹娘，有相公，有亲朋好友，我觉得这一世一点不比前世活得差。徐达接着说：我甚至觉得比前世活得更精彩。前世哪里想得到我这种文盲还能当校长？ 噗嗤，张大夫忍不住笑出来。你倒是对自己有清晰的认识吗？不过让我选，我也不会后悔，因为和你们俩保货在一起，去哪儿我都不会担心害怕。丫丫，赶紧来，你女儿快把大金压扁了！外头是关木清的求助声，屋内闲聊的三人赶忙跑到门口一看，就见宝姐儿死活要把金哥当马骑，金哥被个小胖墩压得动弹不得。关木清在一旁抱着小宝乐，一脸惆怅，小宝乐却在关木清怀里嘎嘎嘎笑的哈喇子蹭他老爹一脸。 春丫和徐达看着院里的热闹，只站着嘎嘎笑。只有好心的张大夫跑了出去，大喊：“宝姐，赶紧下来！大金是老狗了，可遭不住你这么做。”大金瞬间支棱了起来，颠颠的带着宝姐往前跑，引得宝姐也嘎嘎直笑。几个大人却大呼小叫的追了上去。正文完。广陵王番外。五年后，德安帝正式册封最小的皇子为广陵王，封地扬州。就在广陵王要出发前往封地的前一个月，德安帝突发急症。 卧床不起，为了养病，德安帝搬到了京郊燕云宫养病。皇后由于太过忧心皇帝的病情，便也跟去了燕云宫侍疾。前朝太子监国，后宫皇后则全权交给了太子妃打理。虽然皇帝身体突然出现问题，令朝中重臣都担心不已，但是皇帝也在搬去燕云宫的第一时间抱病见了下内阁和六部的各级官员。皇帝让大臣们安心辅佐太子，他这病只是因为常年累月的操劳所致，并不致命，只要安心养上个一两年，便会康复的。 众人见皇帝说话起坐，虽动作略显迟缓，但是气色还算不错。回去便把皇帝只是疗养，不是大病的事儿说了。大干各级官员即刻便安下心来，开始努力为太子打工。待得广陵王出京当日，除了太子亲自送行之外，更有去扬州换防的镇国将军王宗元一同前行。换防回京的周一彪、周老将军已于前几日回到了京郊。此次王将军换防去扬州，还把自家妻儿都带上了，太子倒也没说什么。 毕竟王家的老父老母和兄弟姐妹都在京城，只带上了妻儿去赴任，也算说得过去。广陵王所乘坐的是皇家御用的船只，一行十二船，浩浩荡荡，在太子恋恋不舍的挥手告别中，渐渐消失在了众人的视线中。不过比较奇怪的是，候除了领头的两艘领航船，广陵王居然没有坐在最前头、最气派的那艘船上，他把那艘船让给了王将军和一对身份不明中年夫妇。这对中年夫妇，女子身材纤弱，戴着从头遮到脚的帷帽。 男子身材略显魁梧，且隐隐揣着个大肚腩，身穿的却是一身戎装，甲胄齐全，那头盔严密的只露出了眼睛、鼻子，容貌实属无法瞧个真切。那一身戎装的壮汉看着底下朝他们的船队挥手的太子，沉声问一旁的女子：“黄皇,皇夫人，你觉得太子殿下是不是还挺高兴的？”老爷，皇夫人不由叹气：“昨日太子都哭成那样了，今日我瞧他眼睛还肿着呢。您要是实在不放心，如今喊了船掉头回去。” 也还是来得及的，嗨嗨，穿了戎装的黄员外略显尴尬的咳了两声，朕真,真是真是的，我也没说他什么嘛。黄员外、黄夫人，天气寒凉，江面风大，还请二位进船舱休息吧。王宗元的适时出现，缓解了黄员外的一丝尴尬。黄员外清了清嗓子，在王宗元耳边说道，船行要快，这会儿都一月底了，若是二月底赶不到扬州，就吃不上草莓了。微在下知道的，您放心，一定让船跑快点。 王宗元笑呵呵地接话道：“黄员外很傲娇，怒斥了声：‘胡说八道什么？我黄某岂是如此贪嘴之人？’然后背着手走进了船舱。扬州府内如今比起往昔来，更是热闹了不止两三倍。大概民间现在流传出了一句俗语，那就是做生意不到扬州府转悠一圈啊，就等于这生意还没领会到真正的门路。虽然这俗语长是长了那么一点点，每个人记住的也都不太一样，但是……” 只要掌握了做生意，都得往扬州转悠一圈，那就算是掌握了精髓了。可为啥说做生意就非得往扬州转悠呢？实在是这大干的新奇货基本都在扬州集中了。而且城里头做生意的，除了大干本国的人，什么弗朗基、不列颠、大棒锤国、神牛国，连带着大食国的人都带着他们的驼队从西而来，据说一路走也得走上一两年呢。虽然大食人说的话，连带语言天才敬一郡主听得直喊要头秃，但是写的数字却简单易懂。 这群人连笔带画的生意做的也挺热闹。设立在扬州的大干海关总署已经扩建了三次了，实在是大干如今不仅仅在沿海开辟了好几个新的港口，连带着西北也开了两个口子，供边境交易使用。原先的海关总署实在是场地不够了。大干的边墙早在三年前已经建设完毕，虽然最后因为一路造的边墙比预设的还要长了不少，造价是远超当时的预算的。 但是好在如今大干国库还算充盈，五年内虽然灾害也不是没有，但是凭借着多样和高产的良种，也算没有动摇过根基，百姓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逃灾逃荒的事儿。皇帝难得大方一次，直接从关税里拨了一部分钱款，支援了北境防线的建立。他还用赚来的黑心钱，呃，不是，就是军火生意的钱，造了不少升级版的无敌霹雳炮，送去了北境。原本呢？ 皇帝送去大炮的意思，只是让镇北王和护送大炮去的建安侯把防线加固加固就行的。没想建安侯人老心不老，拿了炮就到处放，一不小心又得把边墙往北造了好几百里地。不过建安侯再怎么心不老，这身子骨到底也不是壮年小伙了。此战之后便挂印封金了。皇帝为了嘉奖他的战功，破例应允了他的请求，池英杰便直接跳过了老爹，成了建安侯世子，掌管起了建安侯府。 而老建安侯由于在北境受的风寒比较严重，老胳膊老腿的不再适宜待在北方，所以之后便一直带着姨娘和小儿子定居在了扬州。建安侯的儿子钱二麻子则留在了宁海卫所，成了卫所的一名千户。不过这人一般就只负责与倭寇之间的谈判与交易联络，什么上阵杀敌之类的，他是一刀都挨不住的。倭寇自从跟弗朗基人大战了三百回合后，哪怕双方现在停战了，他们的国力也遭到了重创，半次郎都能直接干翻大明，杀到京都了。 不过去了之后，挑战他的人也说不少，所以这武器装备半次郎要的量还是很大的。这对于皇帝来说，倒也算是个好消息吧。北边呢，因为建安侯的暴躁防守，让达子想干死大干的梦想最终还是破灭了。大干按照他们如今次元级的差别，那是干不死了。于是达子便开始寻求起了合作。在几番压倒性的谈判和深思熟虑的探讨之后，大干最终向他们开放了两个陆路口岸。 用棉布和食品换取金银宝石、牛羊以及皮毛，还有一些矿石、煤炭之类的能源。当然，卖多卖少、如何定价之类的事儿，基本也都掌握在大干手中。虽然这口岸皇帝开的不情不愿，但是有钱不赚，好像也违背了他做人的准则。所以最后，皇帝还是在北境开始薅起了鞑子的羊毛。说回扬州府，此地本就民风开放，所以当皇帝不是黄员外跟着广陵王到达扬州的时候，人还没下船呢。 却被沿岸各种的建筑商铺迷花了眼，这地方也太有钱了吧？为什么连饭店都是镶金的？二月的天，辰时初刻，朝阳微露，广陵王的船队浩浩荡荡而来，随着码头上船工的指引，缓缓地靠上了扬州新码头的岸边。此时，徐达领头站在了岸边，身后跟着各路人马，巡抚衙门和知府衙门的各级大小官员，大干海关的各级官员。 扬州军副,副将王巡带领着四五个武将，还有地方上的乡绅世家，洋洋洒洒能有两三百号人，皆站在了码头上，准备恭迎广陵王的到来。徐达呢，其实本不想来的，毕竟今天他们那小型蒸汽火车式运行，他是绝对不想错过的。可是，谁让他目前是扬州府内身份最高的人呢？没办法，扬州新老大来了，他这个旧老大不来迎接也像话呀。好在小王爷来得早，徐达偷偷看了下怀表，此时七点才过没多久。 哪怕繁文缛节搞上个两三个小时，倒也不耽误他一会儿去工学院迎接大干潮蒸汽时代的到来。这么想着，徐达心情一下子好了不少，乐呵呵的跟两旁的官员一起看着大船靠稳了码头，然后赶忙迎到了大船跟前，准备好好迎接一下小王爷。不过头船上下来的却是王宗元和他带着的一队人马，根本不见王爷的踪影。徐达上前问道：“嗯，怎么就你在头船上，王爷呢？” 哦，王爷在后面的船上，你瞧，王爷下来了，达叔赶紧去迎候吧。说完，王宗元便遮遮掩掩的想离开。徐达转头一瞧，果然小王爷正站在后头大船的船舷边。此时船上下来了不少人，搭起了跳板，准备恭迎小王爷下船。徐达才想上前，却看到了一个身影，他突然站住了。不对呀，然儿，你这护卫队里咋还有女的？你家媳妇也没这么瘦啊！哎呦我去，你不会你要死饿，乱搞男女关系？ 张大夫可是要骂人的呀，达叔！王宗元被吓得头发都快竖起来了。不是，您别乱说。原本已经避开了徐达的视线的黄员外，一个回马枪又杀了回来，站在了徐达跟前。而那戴了围帽的女子，则也站定在了黄员外的身边。黄员外与徐达四目相对，徐达突然开口道：“这位壮士，咱是不是在哪里见过？”嗯，黄员外冷着脸答道：“自然见过。”徐达看着这人，虽然满脸的络腮胡。 可神情气度却是非常的不凡。突然，徐达扑通一下跪了下去，黄员外立刻踹了他一脚，然后咬牙轻声说：“闭嘴，别瞎嚷嚷，喊出来朕真的会被我抄家。”徐达捂住了自己的嘴，疯狂地朝着黄员外点头。此时，大伙虽然目光都被小王爷吸引了，可还是有人发现了徐达突然跪地不起，于是便有人来问钟永伯：“您这是怎么了？”膝盖突然软了一下，那什么，没事没事。 <laughs> 走走走，咱们迎接小王爷去。说完，他偷瞄了下已经躲到王宗元身后的黄员外，见黄员外朝他抬了下下巴，徐达便赶忙起身，略一鞠躬，就跑前头去了。迎接小王爷的过程也并不复杂，因为王爷现年才十岁，是没有妃嫔相随的，带来的只有自己的百来个亲卫和一些宫女太监等人。王爷的车驾是早就准备好的，然后由巡抚和关木卿一起带路，众人簇拥着王府的马车，浩浩荡荡到了广陵王府。 这地方是关木清按照皇家的要求修缮了整整一年，选址虽然在城内，但是调的也是闹中取静的地方。地方虽不算热闹，但是车马行驶却是四通八达，很是方便。到得广陵王府，小王爷下了马车，诸人叩拜行礼，目送着王爷进了王府，这迎驾也就算完成了。毕竟王府嘛，跟普通走门户肯定是不同的，也不是你接了人就能跟着人家进门参观去的。大干皇族倒也没有这么接地气的，不过这倒是正合了徐达的心意。 宫学院番，迎接完小王爷，徐达就想着赶紧走人。他得回家通报一声，皇帝来了，可得让家里头的人多长点心眼。后头的关木卿见岳父小短腿盘的飞快，便喊住了他：“爹，您这急着去干嘛？”“哦，对，一山赶紧来，爹有话跟你说。”徐达转身朝关木卿招手，可还没等关木卿走到他跟前呢，鞋子里就出来了三个人，其中的络腮胡说话了：“你还有啥话说？” 关木清一回头，第一眼看到的是自家姐夫，他便打了招呼。姐夫还没来得及跟你打招呼，<laughs> 我姐他们呢？嗨嗨，你姐他们在后头的船上，我已经让人把他们送回府了。你这是准备去哪儿？王宗元说着话，眼神却疯狂地做着暗示。徐达此时也已经躬身打起了招呼。黄员外，黄员外，关木清这会儿才端详起眼前的络腮胡，有点眼熟，是怎么回事？姐夫那斜眼又是怎么回事？ 岳父干嘛在身后扯他的衣服？天，总算是认出了皇帝的关木。亲学着徐达也鞠躬道了声“黄员外”。黄员外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然后问徐达：“你干嘛去？”“我我去工学院。”徐达老实回答。一听是去工学院，皇帝就来了精神，忙说自己也要去。咱们工学院里头乱哄哄的，黄员外徐达本能的想要拒绝。黄员外一瞪眼：“怎么？我还去不得了？去的去的。”徐达疯狂点头道。 说完，他还朝关木青挥手。那什么，你去办公吧。有人问起来，就说我陪黄员外去学院了。关木青点点头，看黄员外没什么反应，便跟他打了个招呼，拔腿跑了。那黄员外，您上马车吧。我这车就是比较简陋，您老别介意。徐达话才说完，黄员外便道：“不坐了，我初来乍到，你带着我走过去吧。这一路上还能瞧瞧扬州百姓是怎么过日子的。”好吧，黄员外都这么说了，也没人敢拂了他的意。 一行四人，包括王宗元和尚武，便这么溜溜达达往工学院去了。这一路得走过扬州府最热闹的一段街市。黄员外是看什么都惊喜，特别是看到卖小吃的，那多少都得来一点儿。路过和气点心铺，他看到排队买点心的人巨多，便硬让王宗元护着挤了进去。一瞧不得了，说要每个品种买一个。小二让他后头去排队，他还不干，差点跟铺子里头的人吵起来。好在徐达及时挤了进去，拽了皇帝出来，然后绕到了铺子后头。 直接让人每样给他来了两个，这才平息了他的怒火。黄员外这才知道这铺子是徐达家,家的，又是把徐达好一阵数落，说徐达不知道想着点自己，扬州特产怎么能不送进宫呢？路过张家馄饨铺的时候，张家舅舅和舅母正在吵架，两人一边吵，手上也不停，还不忘时不时的收钱招呼客人，真正是一心多用的高手。张家舅母看到徐达带了四个人路过，还很热情地招呼他们进来吃碗馄饨，吃碟子臭豆腐再走。 可黄员外却被臭得简直要灵魂出窍，打死不愿意进去。张家舅母才要说你这人怎么不识好歹，生生被徐达的一句闭嘴给凶了回去。张家舅母可委屈了，等徐达他们走了，又跟张家舅舅干了一架，说一定是他之前得罪了徐达，所以他们被老徐家咽气了，他们老张家这回的要完犊子了。张家舅舅抹布一扔，认认真真又跟张家舅母大吵了一架。黄员外觉得扬州人真是太奇怪了，怎么会爱吃这么臭的东西呢？ 他强烈建议他们去吃点香的，换换鼻子里的空气。于是几人走走停停，一路什么包子、烧麦没少吃。好不容易到了工学院，已经是一个时辰以后的事儿了。此时工学院的学生们很多都在等着徐达，见他来了，学生们也不管旁边跟着的是谁，扯着徐达就要赶紧往后院去。徐达大喊：“黄员外，黄员外，别挤着黄员外！”而黄员外也大喊：“走走走，哪儿那么多废话！”说完，他便跟着一大群人。 着急忙慌地往后头去，虽然他也不知道去后头干嘛。到的学院后院那里有片非常大的空地，此时空地中间搭了一圈轨道，上头有几节木头做的车厢，箱子底下都装了铁轮，最头上的一节却是个铁皮的车厢，车头上装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铜制的机器。见徐达来了，马上有学生激动地喊：“校长，剪彩呀、啊，咱们要出发了。”然后便有人塞了徐达一把剪刀，徐达却把剪刀递到了黄员外跟前，吓得上午差点尖叫出声。 黄员外，您来剪彩吧。”徐达说道。黄员外一点都不带客气的，拿起剪刀，咔嚓一剪刀下去，然后说道：“赶紧吧，开始啊！”虽然他也不知道要开始啥，但是自从徐达千里迢迢送了个脚踏式缝纫机到京城之后，他就对徐达的创意开始有了更多的期待。学子们此时已经激动的管不了到底谁剪了彩了，反正徐达来了，这事儿就能开始了。于是黄员外就听学子们大喊着开始，站在铁皮车厢里的学生喊了声：“瞧好吧。” 然后那车头开始冒烟，发出了况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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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声音，车头带动了车尾，开始慢慢绕着铁轨行驶了起来。工学院的后院爆发出了一阵疯狂的欢呼声，差点把皇帝吓得仰倒。他捂着耳朵问徐达：“啥呀？这是啥呀？这是模型蒸汽火车的模型，五年了，黄员外，五年了，咱们终于跑起来了。”然后又是一声巨响，带着一阵黑烟，那火车停了下来。这又是怎么了？ 黄员外看着场上突然安静下来的学子们，揪着徐达问：“可能有什么状况？我先瞧瞧去。”黄员外您自便。说完，徐达也顾不上皇帝了，自己飞快地往那车头跑去。黄员外也想去瞧个热闹，可王宗元却说：“员外，人太多了。再说这东西里头看着得点火，太危险了。咱们要不然先去瞧瞧别的，一会儿修好了再来看。”那行。黄员外看着那车头都被人快给淹没了，就只能作罢，走前头瞧瞧去。于是王宗元喊来一个学子。 介绍说，这位黄员外资助了你们工学院，然后让学子带着他们去参观一下他们学院。一听是金主爸爸来了，学子也顾不上围观修理蒸汽车头了，便很热情洋溢的带着金主爸爸去了他们的成果展示大厅，一一的做起了介绍。这个是咱们做的第一节电池，这个是咱们做的第一个灯泡。来，我给您展示一下。说完，那学生用电池点亮了灯泡。黄员外目瞪口呆，怎么做到的？就是用芯片和不对，这个没有院长的同意。 咱们不能多说，反正就是物质之间产生的反应，可以有电流产生。有了电流，咱们这个钨丝灯泡，别看细细一根，咱们光做这个就做了三年。总之，您知道是电产生了光亮就行了。你这学子说了，跟没说有什么区别？黄员外看着那灯泡问道。那学子却也有道理，您不知道，咱们这儿洋人多着呢。院长说了，万一有不怀好意的人来窃取咱们的劳动成果，怎么办？ 咱们学院里头的事儿可都得保密的。我瞧刚才咱们院长让您剪彩，这位壮士又说您是咱们的赞助人，才能跟您说这些呢。这回黄员外倒是满意了，他点了点头，示意学生再继续带他逛下去。您瞧这个，这个是咱们院长坐的自行车，不过院长说这胎是铁圈，就不怎么好骑。但是他已经联系上了琉球那里的人了，说是之后会有软蛋、软弹的材料送来，到时候咱们只要给这铁圈套上那软蛋的材质，应该就能好骑很多。 学生说着话，就跨上了那模样古怪的车，然后拼命往前蹬了几脚，那铁质的车咕噜就会自己往前跑。看到黄员外很是心动，他说他想试试。学生说这个得学才行，一般人骑不来的。黄员外自认不是一般人，他说他可以。学生也不敢得罪金主，便让他千万小心。心字才说完，黄员外已经趴在地上了，手上的皮还蹭破了。这可把尚武给吓坏了，大呼小叫的说要传大夫。学生挠着脑袋说，咱们这儿没大夫。 不过，要是被烧伤、烫伤、砸伤、炸伤的话，咱们都是去隔壁医学院处理伤口的。要不我带几位去？去去去！王宗元也被吓坏了，他是万万没想到黄员外仅仅蹬了一下自行车，人就能撇到地上，他都来不及去扶。走吧，赶紧的，再不走，伤口就要愈合了。去配丰瞧瞧番外，皇帝的事儿再小也是大事儿。很快，几人便到了隔壁医学院，反正也就是斜对门的距离而已。工学院的学子说明来意。 已经是医学院代理院长的吴放，便亲自拿了消毒用的酒精等物，给这位很有钱的黄员外消毒包扎了一下。既然来了医学院，虽然据说甘德夫人不在，但是黄员外也想瞧瞧这影响着大干人类繁衍计划的学院究竟是怎么样的。吴放作为学校的代理院长，各地演讲、筹款这种事儿也没少干。既然都有隔壁的金主自己找上门来了，他自然是要好好展现展现他们医学院的成果的。于是，吴放带着黄员外几人里里外外的参观了一圈，然后。 黄员外对于甘德夫人的辣手催吐有了新的认识，并且在吴放的帮助下，惊恐地看到了自己手上的活物，就是他们医学院说的细菌。吴放还很贴心地提醒他，所以黄员外饭前便好要洗手哦，咱们的手还是挺脏的。这这这玩意儿叫什么？哪来的？黄员外惊魂未定地问道。显微镜啊，这个是用，嗯呵呵，说起来太复杂了，总之就是可以看到很多咱们用眼睛看不到的东西的一个机器。 咱们也是托了皇上的福，才得了这个显微镜。要不是皇上点头开办了玻璃工坊，咱们这么多的蒸馏实验器材，还有这显微镜什么的，都是不可能有的。这是甘德夫人常说的话。吴放现在说来，就是为了托大，想跟皇帝扯上些关系，说不定这个员外掏赞助还爽快些。黄员外一听这话，立刻点头说：“这话说的是一点没错。”最后走的时候，他还允诺，到时候会让知府衙门拨点款给他们医学院的，叫他自己出钱，门都没有。 在医学院逛了一圈的黄员外才走出大门，就见脸上花一块白一块的徐达已经迎了出来。细问下来，原是那什么蒸汽机一下子压力过大，有几个零件崩坏了，想要再启动还得等上几天，等零件配齐才行了。徐达还说，若是这机器能做好了，以后大干的交通运输就会有大大的提升呢。黄员外一听，便说既然如此，那过几日再来瞧瞧。若是真的用处那么大，他倒也不介意略微些许再拨一点点款项给徐达做什么研究用。 不过这会儿他肚子饿了，得去徐达家吃饭去。虽然徐达很想问他，才到扬州为啥就抛弃妻子，非得上他家蹭饭去，可他却不敢开口，只能点头说是，然后喊来了学院常用的马车，带着人往家去了。好在关木青已经提前去家里头说过了，所以虽然春丫和张大夫都不在家，但是徐雷和佛保佑已经做好了迎驾的准备，连带着丹姑娘都被喊了回去。原本呢？ 这餐饭应该挺顺利，毕竟徐磊虽然演技不太自然，但是好歹还是稳住了心神，一声声黄员外喊得也挺顺口。可就在大伙入席准备开吃之际，就听门外骂骂咧咧声音响起：“徐达，为啥又把丹姑娘给喊回来了？这又是遇到什么不得了的事儿了？”丹姑娘做你们那多人的饭，她不累，打扰了，你们慢慢吃，回头再聊。先生，黄员外还在追出去，道玄却已经没了踪影。徐达在一旁尴尬地笑了两声：“您。” 那什么，别见外，大师傅其实人好的很，哪儿有难事儿，哪儿就能见到他的身影。新开的那些港口，他老人家时不时都会去看几眼，说是不放心呢。黄员外眼神难得深邃的看向大师傅跑远的，放心，叹了口气，我大干负他。放心，咱们家管大师傅养老呢。就是大师傅日常这个胃口实在惊人，我这个年俸，我还没问你呢，你家那摘星阁为什么是金顶的？黄员外转头瞪了徐达一眼，年俸够了。 呵呵呵，<laughs> 养活大师傅足矣。员外请吧，今日丹姑娘做的都是他的拿手菜。呵呵呵呵呵。徐达说完，便做了个请的手势。黄员外这才重又回到了徐家餐厅，一桌人假模假样的，好像很平等似的吃起了饭。直到黄员外吃饱喝足，走人了，徐磊这才卸下了防备，大呼一口气，说希望明日黄员外还是在王府吃饭吧。实在黄员外想蹭饭，就当他爹带去摘星阁得了。 他这陪皇帝吃饭吃的胃都疼了，可没想到到了第二日，黄员外倒是没要来徐家吃饭，而是要求徐达陪他去一趟沛丰县。您是去，总不能是去见张大夫吧？徐达问完，王府的马车里就探出个脑袋，是我想去见见甘德夫人。哦，是皇后想见徐达媳妇，那徐达倒是还能接受的。于是徐达死活拉了大儿子作陪，一行人赶了几辆马车往沛丰县去了。 道德配风线，徐达直接带着人去了木春庄，因为张大夫这回回来是给在这儿疗养的建安侯治疗的，外加给家里头几个老人来搭搭磨，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处理的病症。建安侯如今就住在他们山庄的别院里。马车才进木春庄，就能听到张大夫骂骂咧咧的声音：“跑什么跑？喂，你好，又不是要毒死你，你都几岁了，自己心里没点数吗？不吃药能行吗？”啊、哎、呀，娘，不喝就不喝啊，你给他扎针吗？是春丫的声音。 他皮厚啊，我金针扎不进去。你们赶紧给我把他按住！张大夫听着，怒气值就很高。黄员外和黄夫人现在就很好奇，到底是谁胆敢如此忤逆甘德夫人？两人带着三分激动，七分好奇，赶紧下了马车。下的马车，两人只见张大夫手里头端着个碗，蹲在地上，前头是一条被四个婶子压住的一条大黄狗，而站在他后头的静怡郡主手里头抱着一只，呃，应该是一滩猫，猫头上扎很多的针。 哎呀，娘你慢点，你想呛死大金啊？那你来呀！张大夫追大金追得差点断气，这会儿态度就很不好。春丫才想回嘴，就听旁边有人咳嗽。他抬起头一看，爹、大哥，你们怎么来了？你们也是来看蹴鞠对抗赛的吗？等我呀，大橘子这真马上黄。乱喊什么呀？徐达立刻打断女儿。张大夫终于把一碗药给灌进了大金的嘴里，这才抬起头。啊，什么呀？ 为什么皇帝会出现在他眼前啊？仆妇放开了吃完药的大金，大金骂骂咧咧地跑了，只留下大橘子在春丫怀里动弹不得。皇后今日没有戴帷帽，她捏着帕子捂嘴笑了两声，呵呵。张大夫忙着呢。张大夫这才赶忙起身，也不知道喊眼前这两个爱角色扮演的人什么，只尴尬的捋着头发说自己都是在瞎忙。黄员外朝春丫笑了笑，问他，听说郡主的草莓种得好，不知道今年我能不能有这个口福啊？徐达这才恍然大悟。 这人就是来薅他们家草莓的吧？春丫立刻点头，有有有，您随我来，还有最后一批。说完，春丫便引着皇帝往他的苗圃园去。才走到苗圃园，皇帝就闻到了一阵奇怪的味道。春丫怀里的大橘子开始打蔫，皇后也忍不住问郡主：“咱们这儿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坏了？”春丫这才想起自己还有个琉球送来的榴莲掉在院子里呢，于是她解释说：“夫人。” 不是东西坏了，是我琉球送来的果子发出来的味道。虽然闻着味道一般，但是吃起来可好吃了。您二位要不要尝尝？不用了，皇后立刻拒绝。黄员外也吐槽，哎，我发现你们扬州人奇怪的很，怎么专爱吃臭东西？我不要吃什么莲，我要草莓，魂牵梦萦的草莓。春丫心中暗暗吐槽一句，不识货，这东西今年第一次卖，一百两一个，人家都抢着订呢。五年了，整整五年了。 这玩意儿总算是种成了，不爱吃最好，省了他一百两银子。于是春丫笑呵呵的带着两人去了最小的草莓大棚，拿了个篮子给黄员外，让他随便挑，随便选。黄员外也丝毫不客气，让跟着来的上午给摘了满满一篮子，才满意的出了大棚。待草莓洗净装盘，黄员外更是一颗接一颗，说话都没空。黄夫人倒是抽空说了句：“这果子的确香甜可口，怪不得做出来的果酱都如此美味。”来了。 就不想离开。最终翻，黄家夫妇正吃着呢，就听远远有孩童的声音传来：“娘，赶紧走啦，蹴鞠赛马上就要开始啦！”“娘亲，娘亲，快点儿！”时金姨说：“这回咱们女队肯定能赢的，不是？是男队赢，女队赢，女队赢。”@井号人民币 at, 人民币赢，来呀，担架呀，谁打赢听谁的啊！小姑，保姐打人。 春丫捂着脑瓜子，跟黄员外他们道了声抱歉，便匆匆跑了出去，然后叉腰对着几个小的大骂了一通，几个小的这才安静了下来。跟在后头的徐达笑呵呵地说道：“见笑见笑，咱们家就是孩子多了点儿。”那最凶的是郡主家的吧？皇后笑着问张大夫。张大夫无奈点头：“是啊，那个矮一点的女孩还是春丫家的，乳母抱着在啃饼干的小男孩是春丫家的老小，那个地上滚的是他们家的老三。” 别看长得像女孩，其实也是个男孩。另外，那个最高的女孩是我大儿子家的老大，然后被揍的那个男孩是我大儿家的老二。乳母抱着吐泡泡的是老三。还有那边那个是我大侄女家的，那个是二侄女家的，还有那边的。哎呀，你们家这孩子能有十七八个吧？皇后听着就头晕不已。每家差不多都有三四个。今天又是三山书院和大研女学的男女蹴鞠对抗赛，所以都来了，十七八个应该是有的。 张大夫说完，还叮嘱了几个乳母几句，一定把孩子们看看好。其实乳母也是一个孩子一个丢是肯定不会丢的，就是小孩跑去来快，往往得把乳母喘个半死才能把人就揪住。听说有蹴鞠赛，黄员外夫妇又来了兴致，说是一起瞧个热闹去。于是，一行人带了一大群的孩子，浩浩荡荡到了公共球场。这球场还是大眼庄当初办摘星阁的时候修的，如今已经对外开放，成了配封的公共球场了。 此时球赛马上就要开始，球场四周都搭了观众席，来看球赛的人也是把球场围了个水泄不通。不过春丫他们还好有个 VIP 位置，于是他们带着孩子们和黄员外夫妇便扒拉开了人群，坐到了最前排。突然就听鼓声响起，比赛正式开始，男女双方开始传球。因为是男女对抗赛，所以女队可以先得三分。比赛才一开始，双方争球就争得很凶，场外的教练也喊到声嘶力竭。 皇后拿着春丫递过来的望远镜看了几眼，然后疑惑地问：“女队的教练是谁呀、啊？旁边那男的好像有点眼熟啊。”“哦，是石金，就是咱们大干的神射手，如今在咱们沛丰女学教骑射和蹴鞠。旁边那位就是以前神兵营的庞云庞大人。”春丫讲解道。黄员外鼻孔呼气：“好个庞云，跟朕说要来扬州神兵营研究新武器，结果却来给媳妇助阵带娃。他抱的是自家儿子吧？”黄员外误会了。 今天主要是时间没空，平时庞大人工作上的确很拼的，前阵子差点差一点点就把咱们工学院给夷为平地。您再等等，马上他的大杀器就要干出来了。吕道长差点因为这事飞升了。徐达替庞云开脱道：“什么？那倒是没事吧？”黄员外忙问：“没事没事。”徐达点头，好在医学院就在旁边，抢救及时，逃过一劫。哦，你们开一块就是为了这个呀？黄员外恍然大悟。 徐达说：“一切都只是凑巧。”拿着望远镜的黄员外四处乱瞧，突然，那个不是西风吗？他怎么也在这儿？玻璃工房在这儿啊？徐达回答。黄员外才想起这茬，哦，对，一会儿瞧瞧去。呀，臭小子居然还抓人家姑娘的手！徐达远远看去，继续解释道：“那是咱们家的大丫头丁香，两人前阵子已经成亲了，这个不算乱来哈。”好吧，黄员外不死心的继续到处看。然后建安侯为啥也在？ 他不是来疗伤的吗？为什么还在那儿摇旗呐喊？看口型好像在骂娘。坐在后头的张大夫只能解释道：“建安侯如今住在暮春庄，他说的这儿空气好，地方大，还能跑马。每隔两日，我家侄女就会来给他泡药浴，所以才会看着精神不错。才来的时候，的确腿脚都不太方便的。”张大夫都这么说了，黄员外也说不出什么来。反正大干女人里头，他最凶。想想他们医学院那一筐筐的兔肉，还是别得罪他的好。 黄夫人拿着个望远镜，看得很是起劲，她还指着一个拼得特别凶的男孩问道：“哇，那孩子是咱们中原人吗？不是什么阿非洲、神牛国之类的地方来的洋人吧？怎么那么黑呀？”张大夫尴尬地清了下喉咙，解释道：“呵这个是我家小儿子，这些年一直东跑西颠，也没个定性。前阵子好容易跟卢家的女儿定了亲，这才被我抓了回来。”黄夫人虽然不知道卢家是谁，但是人家好歹定了亲，她自然要恭喜两声，还说男孩嘛，黑一点儿。 健康，最终蹴鞠赛在众人的声嘶力竭中以平局结束。黄员外气得直扔草莓屁股，说三山书院不行，改天他要派个人来专门教他们踢蹴鞠。这日，黄员外夫妇便夜宿了配丰县，还接见了特地从三元村赶来的徐老汉和蔡氏等人。夫妻俩还尝到了各种什么配丰白切肉、炸鸡、炸串、酸辣粉、薯条、薯片、番薯条、番薯片、爆米花、铁锅炖大鱼，加上粉条，贴上玉米饼，也来了一大锅。 直接把黄夫人给吃崩溃了。黄员外都是吃的挺乐呵的。见了徐老汉和蔡氏，黄员还说这两人居然一点都没老，反而看着比以前还年轻了不少。老两口便把他们带来的骊山泉水推销给了黄员外夫妇。他们还让黄员外夫妇多多来他们沛丰玩，他们这儿有皇恩浩荡，有泉水叮咚，更有开放的民风和各种吃的玩的。听得黄员外心中很是妥帖，直说老徐家是他们大干家庭之标杆。 然后夫妻俩整整在沛丰待了三天，才回了王府。广陵王见到爹娘都快哭了，还说爹娘出门游玩，怎么不带儿子呢？可黄员外却答非所问：“你真是福气不错，父皇为你挑了咱们大干最好地方做王。往后的日子，你要好好盯着这里，为你自己，为你大哥，更是为了大干，因为这里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很多很多可以改变我们大干东西。”广陵王似懂非懂，可是看着他爹悠远的眼神，他点了点头。爹娘走后。 儿子一定会好好做好这个广陵王的。谁说朕要走？皇帝朝儿子瞧了一眼，你年岁还小，连王妃都还没有呢。徐达那什么争气，还是不争气的车还没倒腾出来，还有什么自行车，这也没学会呢。朕要干的事儿多着呢，走什么走？可大干离不开您啊！广陵王多少有点懵圈，他真的以为爹娘是来送他的。黄员外道：“不还有你大哥呢吗？早晚都是他来管事儿，他也到了年纪，该有所担当了。傻孩子，你爹呀、啊。” 是舍不得这扬州那多好吃的，皇后捂着嘴笑说：“没有啊，朕没有。”皇后，你别瞎说！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全文完。